高三六班陆云，昨日于操场猥亵魏义军的弃娘，烈火篮球严重损害弃娘莫思颖人身权益，也在全校造成了恶劣影响。经校委会研究决定，给予警告处分通报，以观后效。希望全体学生引以为戒，以此为耻。南江市汽林高中体育场主席台上，陆云一脸漠然，扫视着台下操场上对自己指手画脚的同学。竟然猥亵弃娘，这种人渣就该直接开除，一个通报批评。 简直是便宜他了，这多半得亏了他契约的器灵李静怡，不仅是他们班上的班花，还是一个实打实的 A 级器灵。要不是因为他，这家伙肯定被开除。哎，说起来，陆云运气也挺好，一年前觉醒了 S 级天赋，成了一名人人羡慕的 S 级器灵师，还契约了李静怡。昙花一现的废物而已，这不才一年时间，他就一直倒退，直到现在彻底沦落成一级废物至极。面对这些议论，陆云感到很无语。就在这时。 人群中，一道倩影缓缓走向主席台，一身洁白色连衣裙在阳光下，完美的将凹凸有致的身材映衬而出。裸露至大腿根部的裙摆随风飘荡，却又起伏不大，令所有人想入非非。尤其是一头秀发之下那张倾国倾城的容颜，像粉雕玉琢般完美无瑕。正是陆云的契约器灵李静怡。与陆云相反，李静怡已突破成 A 级器灵无影剑。陆云见状，微笑着说道：“静怡，我就知道。” 你是相信我的。然而，李静怡没有理会陆云，伸出手掰过陆云身前的话筒，高声宣布：“李静怡今日决定与陆云解除契约。”此言一出，台下的学生纷纷叫好。上岸第一剑，陆云再不见，静怡女神干得漂亮！虽然我只是个地级气灵师，但我想到静怡女神的契约对象只是个一级的废物，我就欲火焚身。什么火？静怡女神也没办法，一旦双方达成契约，一般是不可以随意解除的。 除非一方犯下弥天大错，就连主席台上的老师也向李静怡的果断投去认可欣赏的目光。李静怡宣布完，便拿出解除契约专用的卡牌，对着自己跟陆云之间的空隙劈了下去。一瞬间，陆云体内的能量失去平衡，汹涌的灌入陆云体内。陆云一个猎绝，差点没稳住身形，狼狈不堪。没了气灵，陆云这个一、e、级气灵师连一对 F 级组合都不如。李静怡将一切做完，脸上挂着开心的笑容。 扬长而去，走到操场上一个风衣男学生的身边，二人双手紧扣，不一会，周身白光大作，这是契约仪式完成的表现。也就是说，李静怡跟那个风衣男子完成了契约，那是他们班上的班长王彦辰。陆云一瞬间便明白了所有，这一切都是阴谋。他穿越来到这个世界两年半，原本是天湖的 S 级开局，还与漂亮班花契约，羡煞不知道多少人，却没成想资质不进反退，直到现在。 成功从以前的 S 级退化到一、e、级，陆云一时间心情郁闷。昨日便在学校随意走着散心，路过篮球场，一个篮球突然飞了过来。陆云眼疾手快，将其接到手里。原本想还回去，但碰到球的一瞬间，陆云只感到全身充满能量，有一种投篮百发百中的自信，当即表演了一段昆式运球，正要原地干拔来个超远投篮。然而就在篮球穿裆的瞬间，不知道是篮球有灵性，还是陆云自己不小心，啪的一声。 篮球撞击到裆部，陆云还来不及变成武当派，那篮球便化作一道倩影，哭喊着：“非礼呀、啊，非礼呀、啊！”那女生捂着脸跑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附近的魏义军身旁。陆云当时才反应过来，那篮球竟是魏义军的器灵烈火篮球，而烈火篮球是带有运动属性的，所以拿到球自己才会那么迫切的去运球。接着，魏义军恶狠狠地瞪了陆云一眼，便将这件事告到学校，因此陆云便落了个全校通报批评的下场。现在。 李静怡趁机解除契约，又马上跟别人契约。陆云明白了，这是李静怡跟王彦辰这对狗男女针对自己设计的一场好戏。只要自己落了个猥亵弃娘的罪名，李静怡就有理由跟已成废物的自己解除契约，投入他人怀抱，从而在这个世界获得更强的助力。这是个玉器的世界。千年前，异兽降临，随之出现的是一个叫“无尽副本”的程序。宇宙裁判根据实力抽取蓝星各国的器灵师，进入到副本与相应等级的异兽进行角逐。 人类一方若是失败，则划分参赛国的部分国土供奉给异兽，在那片国土上生活的人类就会沦为异兽的口中美食。异兽若是失败，则会被当场抹杀。蓝星上所有女生到了十八岁，就会幻化成各种器灵，由低到高分为 F、E、D、C、B、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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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级，等级越高，能力越强。男生则会觉醒成相应等级的器灵师，契约女生参加战斗。 契约的方式是二人手拉着手，彼此的能量进入到自己的身体，在能量汇聚之后，二人周身便会兴起一道白光，白光消散之后就完成契约仪式。当然，男女生不契约也能单独参与战斗，只不过那样展现出来的战斗力极弱，只有男女配合才能完美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在副本角逐中增加胜利的筹码。想到这里，陆云沉下了脸，真是个精于谋算的心机婊。看着台下的李静怡几人。 陆云目光冰冷，先不说顶着警告处分能不能顺利毕业，契约解除，若是被宇宙裁判选中，进入到无尽副本，自己只有沦为异兽养料的下场。就在这时，陆云的脑海中突然传来了机械声：叮，宿主与灾厄之女解除契约，器灵系统成功激活。陆云心中大喜，童子，你终于来了！恭喜宿主获得、SS、S S S 级器灵天赋，器灵神童。器灵神童，宿主可看到器灵隐藏进化路线。 器灵进化资质上限等信息。四，陆云倒吸一口冷气，自己穿越过来没有系统，实力还一直倒退，原来是因为沾上李静怡这个灾厄之女。早知如此，自己早就该解除李静怡的契约了。然而，还没等陆云来得及高兴，一道紧促的类似于上课的铃声从空中传来，所有人脸上瞬间露出惊恐的表情。这是宇宙裁判随机抽取人类参加副本的提示声。完，声音就在正上空，这是要从我们这里选人的节奏啊！ 新闻报道说，昨天倭国的钢板线被选中，全军覆没，整个线都被划给了异兽，所有人都被切片，沾上芥末酱油，成了异兽的食物，惨不忍睹。还有参加副本的那几个人，被撕成碎片，几只异兽一起分食，太残暴了。许多实力不济、资质不高的学生双手合十，心中不断祈祷，不要被选中。就在大家议论纷纷之际，一道金光瞬间落到主席台上陆云的身上，所有学生忍不住惊呼：“陆云，他被选中了！” 第二章、SS、S S S 级器灵校花，全校通报批评的晨会就这么戏剧性的结束了。被宇宙裁判选中的陆云，短时间内都可以不用上课。而他没有过多停留，直接选择回到自己的校外出租屋整顿，接着就要去寻找新的契约对象。陆云已经一溜烟没影了。正在慢悠悠散会走回去的其他人，却再度被震惊了，因为又落下了一道金光，落到了一个蓝色衣衫少女身上。她一袭蓝色连衣裙，裙摆飘逸。 宛如一朵盛开的蓝色妖姬，皮肤白皙如雪，看上去极为光滑细嫩，身姿曼妙，曲线玲珑，每一个部位都充满了少女独有的魅力。飘飘长发下面是精美绝伦的五官，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像是能洞悉世人的内心一般。正是南疆器灵高中的校花上官清雪。然而，当所有人目光看向上官清雪的瞬间，脸上的绝望之色更为浓烈，因为上官清雪虽然是校花。 但资质却是彩虹之翼 F 级，卧槽！宇宙裁判是不是搞错了？竟然选了这两个废物进入副本，我尼玛完了！E 级的陆云，F 级的彩虹之翼，咱们所有人都洗干净脖子等死吧！还真是离谱，坐飞机离谱上天了，资质低不说，关键一个是刚被解除契约，一个压根没有契约，天要亡我呢！面对同学们的激烈言论，上官清雪眉头微皱，两只白嫩的玉手交织在一起，不停的揉捏，她银牙咬紧。 最终看了看陆云离开的方向，垂着头迈步跟了上去。上官清雪的父母在南疆也算是小有名气的气灵师跟气灵，然而三年前的一次无尽副本中，他的父母为了争取最后的胜利，选择以命相搏，牺牲在了副本里面。至此，上官清雪沦为孤儿，心中发誓一定要为父母报仇雪恨。然而天不遂人愿，上官清雪觉醒的气灵资质是 S 级彩虹之翼，简单的飞行技能，没有任何实战作用。 就连飞也没有普通的马跑得快，以至于所有人不愿意与其契约。没有契约就无法获得成长，没有在副本中生存下去的资本。因此，刚刚被解除契约的陆云是他唯一的希望。陆云风头无两之时，就已经在学校外面租房了。上官清雪曾在回家之时看到过陆云。汽林高中后面的一处小区里，正是陆云出租屋所在。拿出钥匙将门打开，陆云推门而入。房间内还算整洁。 除了地上几双臭袜子、跟鞋到处乱放，以及凌乱的床被，其余还好。毕竟这间屋子里也没有太多其他的东西了。陆云收拾了下，躺在床上闭目养神，打算休息一会儿之后去学校寻找新的契约对象。扣扣扣！恰巧这时门口传来轻微的敲门声。吱呀，没关紧的门开了，只看到一张绝色容颜显露了出来。上官清雪半低着头，一副欲言又止、紧张的模样。陆云马上下床走过去。 心头还疑惑这位平民校花为什么来找自己，然而在用系统看到上官清雪的信息后，陆云心中猛的一震。器灵名称：上官清雪，器灵资质 F 级，天赋技能：彩虹之翼，战斗技能：无，隐藏资质 SSS 级，器灵进化资质上限无上限，器灵隐藏进化路线：彩虹之翼、炽天使神翼、天使权杖、脚海棍、轩辕神剑、诸神。这，在学校里。 空有美色却无资质，因此人人退避的校花女神，竟然是隐藏的 S S S 级宝藏。陆云同学，你好呀，我是 F 级的彩虹之翼，我也被选中了。请问我可以跟你契约吗？上官清雪小心翼翼地问向陆云，心里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准备。陆云压制住心中的激动，轻声说道：“先进来再说吧。”嗯。跟着陆云进了屋，门被带上。上官清雪的心脏怦然一动，难道说……然而陆云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明白了现实的残酷。你也知道，我刚经历过一次背叛，所以如果契约的话，我希望是深度契约。陆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这个世界一旦气灵师与气灵发生关系后，便不能够轻易解除契约。除此之外，彼此双方也不能有懈怠的心理表现。一旦产生懈怠，相互不配合，就会丧失所有能力，彻底沦为废人。陆云不过是给自己买个保险，他可不想培养出一个顶级气灵后，又出现第二个李静怡。上官清雪身体微微一僵。 自然是明白陆云言外之意，双手紧握成拳，汗珠从额头滴落，随后缓缓抬起头。上官清雪长舒一口气，目光坚定地看着陆云，郑重说道：“我可以的。”嗯。陆云见状，缓缓点头。上官清雪见状，向陆云递出自己的双手。陆云没有客气，一把就握住了两只纤细的手。看着即将贴面的陆云，上官清雪羞涩地闭上了双眼。他能想象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不多时，他只感到一股强劲的力量，像是脱缰的野马一般，在自己体内疯狂肆虐，策马奔腾。小裙子的裙摆狠狠的飞扬了起来，露出了今日的胖次颜色。给我全部接住！不一会儿，二人周围白光大盛，穿过出租屋，直冲天际。刹那间，天空之上风云汇聚，所有云层都散发着七彩的光芒。距离最近的学校里，所有人都看向陆云出租屋的方向。这个画面好眼熟。 似乎跟之前陆云和静怡女神契约的时候很像，嗯，没错，这是 S 级以上气灵师契约才会产生的异象。我南疆又出一名 S 级气灵师，就是不知道会不会被选中进入副本。不知道是哪个小哥哥，我一定要找到他，跟他契约。一群女生像是犯了花痴一样，快速朝那个方向跑去。此时李静怡看着突如其来的天地异象，心里面也在犹豫，是不是也要找个理由，跟王彦辰解除契约，去争取一下这个神秘的 S 级气灵师。而老师们更加疯狂。 特别是校长，赶紧召开紧急会议，声称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找到这位天才器灵师，重点保护起来。出租屋内，完成契约后，陆云脑中传来系统提示的声音：“恭喜宿主成功契约、SS、S S S 级器灵，发放奖励。进化玉液可使器灵完成一次进化，在器灵空间使用效果更佳。器灵空间，器灵师与器灵在器灵空间修炼，可以大幅度减少修炼时间以及修炼材料损耗，额外提高自身实力。” 陆云看完奖励，心中不免感叹：这个系统是有灵性的。接下来就是跟上官清雪深度契约的时刻了。看着脸色复杂的上官清雪，陆云淡淡说道：“你先去洗澡吧。”好。刚刚强大的气息波动，上官清雪感受最为真切。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被解除契约之后的陆云，竟然从一级又恢复到 S 级，甚至可能比 S 级还要高。上官清雪此时感觉就像做梦一样，眼眸泛出了些许泪花。这样一来。 自己父母的血海深仇就有机会报了。第三章进入副本。等上官清雪洗完澡，陆云带着上官清雪来到气灵空间。上官清雪环顾四周，只看到周围全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九天之上晴空万里，朵朵白云畅游。没想到这里除了风景优美，灵气也很充足，感应出此方天地的玄妙，上官清雪大感意外，轻声说道。陆云闻言微微一笑，说道：“这是个独立于外界的空间。” 以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修炼。说罢，陆云拿出系统奖励的净化玉液。上官清雪见状，瞬间一脸绯红，娇羞的埋下了头。这陆云未免也太心急了吧？陆云看着面红赤耳的上官清雪，有些不明所以，将净化玉液递到上官清雪跟前，轻声说道：“这是净化玉液，可以让你在气灵空间突破。”闻言，上官清雪抬头看着陆云，净化玉液，我还以为是。说到此处。 戛然而止，陆云疑惑问道：“你以为是什么？”看着陆云一本正经的样子，上官清雪顿时感到脸上像火烧一样，一脸娇羞，天见犹怜。不过他能想到接下来的事情。陆云见状，微微一笑，轻轻把可人的校花往自己怀里一拉。两个半小时以后，陆云看着沉睡中的上官清雪，器灵名称：上官清雪，器灵资质：S 级，天赋技能：炽天使神翼，被动技能。 飞行速度提升百分之一万，战斗技能：落日余晖、天使之心。落日余晖，扇动翅膀，羽毛形成的气进化为利刃，大面积攻击敌人。天使之心，发动技能后能瞬间恢复气灵师及气灵三分之二的状态，避免一百分之九十的伤害。隐藏资质 SSS 级，气灵进化资质上限无上限，气灵隐藏进化路线：赤天使神翼、天使权杖、脚海棍、轩辕神剑、诸神四。 陆云倒吸一口冷气，他没想到上官清雪借助气灵空间的神奇，一次进化就成了 S 级器灵。突然间，陆云对三天后的无尽副本开始期待起来。转眼间，三天时间过去。这三天来，陆云跟上官清雪都在气灵空间修炼，饿了就来到现实中买些食材到气灵空间烹饪，饱餐一顿。经过三天的共同生活，陆云跟上官清雪的同学关系已然十分密切，毕竟已是你知我长短。 我知你深浅的状态。这天，二人刚回到现实当中，便见一阵金光大作，将二人完全覆盖。陆云知道这是无尽副本的召唤。果然，二人周边环境突然变得虚无缥缈。视角再次清晰的时候，二人已经置身于一个陌生的世界。没等陆云来得及观察四周，迎面就传来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哟，这不是我们学校出了名的废物侠侣吗？”闻声望去，正是让陆云感到恶心的那张嘴脸——李静怡。陆云很意外。 他没想到，李静怡等人也被选中了参加无尽副本。此刻，他挽着王彦辰的手臂，一脸得意地看着陆云。与李静怡站在一起的魏义军等人，此刻无疑不戏谑地看着陆云跟上官清雪。没想到这两个 E F 还真敢进来送死！你以为是比罩杯大小？看他们这亲密的样子，像是深度契约了。不错不错，临死前也算是好好享受生活了。上官校花的滋味怎么样喂，陆云，一会儿要是有危险。 记得骑上你的阳光彩虹小白马逃命哦！听着这些人嘲笑上官清雪，陆云的脸色瞬间阴沉下来。轰！突然间狂风大作，上官清雪脚边上的石子像是扔出去一般，全部砸向李静怡等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来不及双手护头，那些石子全都砸在了脸上。瞬间，惊一声痛喊声掺杂在一起，就连上官清雪也被这一幕给看愣住了。狂风散去，众人这才发现。 陆云正在收回冲拳的动作，所有人不可置信地看向陆云，眼光中尽是惊疑与愤怒。这个不知所谓的一级小垃圾，竟然敢偷袭在场所有人！眼见陆云出手，上官清雪当即站到陆云身前，随时准备切换到气灵状态。李静怡轻轻抚摸着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淤青，一脸愤恨：“废物，你竟然敢偷袭我吗？陆云不以为然，淡淡说道：“不比罩杯，比拳头，你们也不中用啊。说吧”说罢。 冷厉的目光扫视着众人，一股浓浓的寒意从身上爆发，在场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栗。上官清雪听到陆云的话，瞬间感到心底一暖，看着陆云一副傲然的样子，王彦辰怒不可遏：“狂妄！你们两个垃圾，现在就去死吧！”说罢，全身气息涌动。李静怡也在此时准备变化成气灵状态。轰隆隆！剑拔弩张之际，一声惊天巨响传来，天空中出现一个光幕。 所有人注意力瞬间转移到光幕上面，等待着信息出现。上官清雪同时也止住了动作，来到陆云身边，挽着陆云的手臂，看着光幕。不一会儿，光幕上面白光闪过，逐渐出现字符。副本名称：山海南雀系。副本介绍：在一处神秘的大陆上，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在大陆上。人类可以吸收灵气，收获天材地宝，增强体魄；动物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幻化成魔兽妖怪。你们此次来到的地方。 就是这片大陆的正南边，寻找召唤符石，召唤出大陆上的强者进行对决吧。副本等级低级，通关条件：人类阵营与异兽阵营在终局之前不会相遇，双方在各自场景击败投影，有几率获得召唤符石。召唤符石等级由高到低 S A B 对应掉落投影等级 S A B 对应颜色金子蓝。十枚低级符石可合成一枚高等级符石，符石等级越高，召唤出来的援助越高。同阵营参与者。 符石数量可被查看，可相互之间进行抢夺。最后终局，双方阵营符石持有者前二名召唤援助进行比试。若是连输两场，则视为失败；若是一胜一负，便由两场比试的胜利方符石持有者进行最后的较量，胜者即通关。人类 Max A，异兽 Max A。在看到最后一条信息的时候，陆云有些意外，自己是 SSS 级器灵师，而上官清雪目前是 S 级器灵，为什么？ 无尽副本公布的人类阵营最高等级却是 A，突然间，陆云心里有一种奇怪的疑问，那就是异兽阵营最高等级真的是 A 吗？第四章寻宝，随着副本的开启，现场一触即发的形式逐渐缓和下来。看着双方阵营最高等级都是 A，大家瞬间感到轻松许多，纷纷冲着李静怡与王彦辰巴结吹捧：“有我们的静怡女神跟王彦辰学长，这波稳了。他们俩都是 A 级，联手起来足以抗衡 S 级异兽。” 不像某些废物不讲武德，只敢搞偷袭。看来我们夏国的国运就是比小倭国强。还以为无尽副本有多恐怖，就这。尤其是王彦辰跟李静怡，下巴微扬，很享受这种众星捧月的吹捧，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王彦辰脑子一转，冲着陆云慷慨说道：“大敌当前，拿下副本为重，我就不跟你计较了。大家开始组队行动吧。”李静怡一听，一下子就不乐意了。王彦辰见状，附到其耳边轻声说道：“这副本里面……” 肯定有低等级的异兽投影。等他们打败那些异兽，获得召唤符石，咱们再把符石给抢过来，那效果岂不是比现在揍他们一顿更爽？听完王彦辰的话，李静怡瞬间恍然大悟：给他们希望，再让他们绝望，好一手杀人诛心。于是也装出一副大方的样子。毕竟我们是人类阵营里等级最高的存在，这点心胸还是要有的。希望你们两个不要辜负我们的心意，好好收集召唤符石。说完，李静怡嘴角微翘，泛起一丝莫名的笑容。 陆云懒得理会阴阳怪气的李静怡，就他们那点小心思，陆云早就看穿了。不过陆云没有点破，有人给自己送召唤符石，何乐而不为？于是拉着上官清雪径直离开了。根据副本的提示，这副本就是前世地球上著名的《山海经》世界。而根据陆云穿越两年半的认知，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关于《山海经》的记载。换句话说，陆云知道的，别人都不知道。路上，陆云打开副本召唤页面。 寻找自己的召唤对象，南山神神 S 级符石 X 二十，召唤十座山神，可召唤雀神九尾灵狐妖 S 级符石 X 一百，彭祖人 S 级召唤符石 X 五零。稍微看了一眼后，陆云嘴角微翘，果真如自己所想一般，这个副本属于山海经雀山一系，能召唤的都是雀山范围内的各种人物及神兽。没有犹豫，陆云内心瞬间锁定自己的召唤对象彭祖。 地球上人尽皆知的养生专家，烹饪祖师爷。当然，陆云看中的是彭祖的烹饪能力。谁说烹饪就是杀鸡宰羊、切猪肉了？陆云刚确定好召唤对象，空中便有数道光柱从天而降，大致分为金、紫、蓝三种颜色，开始狩猎了。陆云喃喃说道，随即便带上上官清雪，往离自己近的一个金色区域走去。上官清雪任由陆云拉着小手，如今他们是伴侣。陆云走到哪，自己就跟到哪。 王彦辰他们这边也定好了决策，李静怡跟着他带一支队伍，魏义军跟莫斯颖是 B 级，也带一支队伍，两支队伍分两路行动，从东西两个方向开始扫荡，最后集合，最终收获的符石都交给两位队长，最后的奖励由队长按照功劳分配。他们的召唤对象也已经锁定，分别是十个确系山神以及九尾灵狐。显然，他们想通过十个确系山神合成一个最终梯，获得此次副本的胜利。商定以后。 王彦辰跟魏义军分别带队，就往光柱范围走去。不知不觉中，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小时。在陆云与上官清雪的合力下，二人专挑金色区域扫荡。此刻已经挤满了召唤所需要的符石，将符石收入储物空间。陆云环顾四周，笑着对上官清雪说道：“走，我们寻宝去。”上官清雪小脑袋一歪，满脸疑惑：“寻宝？寻什么宝？”陆云微微一笑，轻声说道：“跟我走就对了。”上官清雪有些犹豫。 因为副本里的符石这些材料多出来的，是可以用来提升器灵的。虽然效果不大，但聊胜于无。沉吟片刻，上官清雪轻声说道：“我想收集多一些符石，这样对我们会不会更好？”陆云自然知道对方心中所想，于是脸上露出神秘的笑容：“符石有人会给我们送的。再说，那些天材地宝可比这符石管用多了。基于自己对《山海经》的了解，这却系山脉的扭阳山有一种叫赤岩水晶的东西，可以增强体魄。” 清神明目，想来也是可以促进器灵生长进化。上官清雪乖巧的点了点头，化身器灵附到陆云身上。刹那间，一扇洁白无瑕的翅膀出现在陆云后背，浑身上下闪耀着白色荧光。嗖的一声，陆云腾空而起，往扭阳山飞去。清雪，飞高点，咱们看看这山海世界的美景。嗯。此时扭阳山附近，魏义军刚好带着队伍扫荡到了这里，不过手里的 S 级符石少得可怜。 突然间，天空中一道人影出现在众人眼帘。看，那不是陆云那个废物吗？莫思颖指着天上悠然自得的陆云，向魏义军说道。魏义军抬眼望去，突然间想到王彦辰吩咐自己的瞬间，嘴角露出一丝邪魅的微笑，随即打开副本面板，查看当前的符石持有情况。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魏义军一跳。陆云持有 S 级召唤符石 X 五零，A 级召唤符石 X 零，B 级召唤符石 X 零。 卧槽！这废物哪来的这么多 S 级召唤符石？自己才区区二十枚 S 级召唤符石，这还是所有人的符石升级后才得到的。想到这里，魏义军差点忍不住破口大骂。一旁的莫思颖看到数据也是吓了一跳，随即问向魏义军：“这家伙不会是把那些金色区域全给扫荡了吧？”魏义军闻言哈哈笑了起来：“思颖，你傻呀？就他们俩那废物，这肯定是那些异兽投影自相残杀，才被他们捡了漏。” 一会儿咱们跟上去，给他们没收了就是。莫思影闻言，两眼一亮，瞬间来了兴致。一想到陆云那堆符石都是自己的，二人瞬间心情美滋滋。陆云来到扭阳山上空，俯身看着山体表面闪耀的晶石，犹如夜空中一闪一闪的星光一般，美轮美奂。上官清雪看着点点星光闪耀的扭阳山，忍不住轻声问道：“那些发光的晶石是你说的宝物吗？”陆云闻言，呵呵笑道：“那些不过是普通的白金。” 虽然可以为你的进化成长提供经验，但并不多。真正的宝物可不是那么好找的。立，话音刚落，一声尖锐的鸟鸣声紧随而至，响彻整个山谷，震慑所有人的心神。第五章，玄龟。一声兽吼过后，扭阳山附近所有人的副本面板都显示出一条信息：触发隐藏 BOSS 玄龟，BOSS 等级 S 级，击杀奖励赤炎水晶 S 级召唤符石 X 二十，赤炎水晶。 高温溶解之后食用，可使气灵洗精伐髓，脱胎换骨，成长速度一日千里。看着丰富的奖励，魏义军与莫思影眼前一亮。他们俩都是 B 级，A 级异兽轻轻松松。但如果是 S 级的话，勉强是可以制衡的。加上还有其他气灵是气灵在场，拿下这个 BOSS 没什么难度。想到这里，魏义军召集了部分 C 级以上的同学，往副本面板上标注的红点走去。陆云看着副本面板，心中暗喜。刚刚他从空中掠过的时候。 就已经看到魏义军跟莫思颖这种宝贝出现，他们自然不会错过。想到这里，陆云带着上官清雪快速落到玄龟身前，只看到一只身高三丈有余、尾巴像一条蟒蛇一样的怪兽趴在地上。听见动静，喜鹊模样的大脑袋瞬间锁定陆云，随后缓缓起身，像乌龟一样的躯体差不多有一个小土丘那般巨大，犀利的眼神盯着陆云，全身上下处于警戒状态。陆云见状，腾空而起，飞到空中。 随即指挥道：“清雪，朝那个怪物发动落日余晖，别下死手，给他留半口气。”上官清雪虽然心中不解，但还是遵照陆云的命令，发动技能朝玄龟攻击而去。嗖嗖嗖！只见漫天白气化成的剑芒悉数攻击到玄龟身上。一开始，玄龟还凭借坚固的龟壳抵挡，可随着剑芒越来越多，那龟壳最终也被刺穿。厉一声凄厉的惨叫声传来，陆云见差不多了，便让上官清雪停止了攻击。 而后带着上官清雪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潜伏在暗处。上官清雪疑惑问道：“陆云，为什么刚刚不直接把他击杀，收获战利品？”陆云呵呵一笑，轻声说道：“有仇不报非君子，他们三天前摆我一道，我今天收点利息，不过分吧？”对于魏义军跟莫思颖的污蔑，陆云可没有忘记。现在大好的机会摆在眼前，自己必须让他们付出点利息。上官清雪依旧有些不明白，陆云没有多说，只是让他看着。 一会儿就知道了。往 boss 点奔赴的魏义军等人，突然间听到那声悲鸣声，心想这 boss 已经被重创了，顿时心急起来。魏义军带着队伍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莫思颖也化作气灵形态，盘旋在魏义军身边。不多时，几人来到 boss 点，在看到如此巨大且长相怪异的魔兽后，一个个倒吸了一口冷气。被陆云打的只有半口气的玄龟，看着突然出现的人群，一瞬间两只犀利的鹰眼冷厉下来，怒瞪着众人一动不动。 感受到周围的空气瞬间冷凝下来，魏义军等人只感到脊背发凉。不过，在看到玄龟身上的躯壳千疮百孔，清晰可见的血液还在渗出，魏义军瞬间反应过来，大声提醒众人：“不过是一只受了重伤的怪物罢了，我跟司影负责牵制，你们给他致命一击。”此话一出，原本恐惧的众人立马清醒过来，一个个目不转睛地看着玄龟，眼中露出贪婪的神色。隐蔽在暗处的上官清雪疑惑不解，陆云。 我们这样做，不就是把宝物都白白让给他们了吗？陆云闻言，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就他们，再来一百个，也不是这个大块头的对手。你就安心等着，一会儿咱们去收战利品。听陆云这么一说，上官清雪马上就反应过来，陆云这是想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跟着陆云一起，将目光注视在场中。魏义军说干就干，与化身烈火篮球的莫思颖相互协同，战意盎然。玄龟感受到杀气，一个机灵。 四肢发力，抖动着身躯站立起来，犀利的目光直视领头的魏义军。玄龟猛地一跺脚，霎时间地动山摇，林中的鸟儿都被这剧烈的震动吓得四处乱飞。魏义军差点被这惊天动地的气势给震慑住了，忍不住吞了口唾沫。事到如今，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魏义军调整好心态，随即目光森然的看着眼前的玄龟，刹那间鼓足勇气，主动朝玄龟发动攻击。此刻那烈火篮球。 浑身充斥着熊熊烈火，在魏义军手上极其灵活，时不时找准机会就向玄龟发起进攻。那玄龟也不惯着，憋了一口气朝众人吐去。一瞬间，狂风大作，形成一道龙卷风。魏义军赶紧运转灵气，利用烈火篮球勉强将自己脱离核心区域。其他人等级没他高，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有些被卷了进去。不多时，便看到一条条残破的碎布料，像是被吐出来一样从龙卷风中射出，显然。 那些同伴已经尸骨无存，躲在远处幸运逃脱的几个人看着这一幕，纷纷被吓得亡魂皆冒。空中的魏义军此刻气血上涌，全身上下直起鸡皮疙瘩。躲在暗处的陆云见状，喃喃说了一句：“看来我还是高估了这家伙。”语毕，陆云捡起一块石头，趁玄龟所有注意力集中在魏义军身上之际，瞅准其身上一块重伤处，击射而去。嗖！立，一道空气撕裂声传来。 玄龟痛苦的嘶鸣紧随而至，响彻整个天地之间。魏义军定睛看去，只见玄龟身躯下方鲜血如同溪水般流淌。见此情形，魏义军为之一震，随即绕到玄龟身体另一侧，果然发现了一处伤口冒血，像是泉水泉眼一样，咕咚咕咚。魏义军见状大喜，将全身灵气集中在一起，打算发动致命一击。那玄龟感应到一股危机传来，犀利的瞳孔瞬间阴沉下来，注视着身侧的魏义军。魏义军一脸不屑。 都要死翘翘了，还敢这么瞪着老子？去死吧！语毕，烈火篮球带着熊熊火焰直逼那处伤口而去。玄龟见状，自知躲避不开，像是决定玉石俱焚一样，勉强汇集全身力量，直接扑向魏义军。魏义军见状，非但不躲不闪，反而嘴角泛起一丝嘲弄的笑容。自己这一击，定能顺着伤口直接击穿玄龟的身体。然而下一秒他就后悔了。那玄龟虽然遭到重创，但是好歹是一只 S 级 BOSS。 锁定魏义军后，玄龟以一种肉眼不可察觉的速度，尖锐的鸟喙直逼魏义军身体而去。魏义军反应过来，想要躲闪的时候，那足有一米长的鸟喙已经刺穿他的身体。同一时间，烈火篮球也顺着玄龟的伤口刺穿了玄龟的要害。恭喜人类阵营击杀 S 级 Boss 玄龟，获得奖励：赤炎水晶、S 级召唤符石 X 二十。呆凝的眼神看着副本信息面板，魏义军只感到全身撕裂的疼痛感传来。 眼睛刚缓缓闭合，又立即猛然睁开。第六章：杀人诛心。啪啪啪！魏同学不愧是咱们学校的 B 级欺灵师，竟然越了两级，将 S 级的 BOSS 打败了，恭喜恭喜！几声清脆的鼓掌声响起，随后就是陆云那张别有意味的笑脸，带着上官清雪出现在众人视线里。陆云，莫思莹捂住胸口，撑在地上喘着气，发出一声惊呼。此刻他浑身气息紊乱，身体感到疲惫不堪，再加上跟着自己的这些人。 因为战斗的波及，此刻都躺在地上，扭动着身体，惨叫闷哼。若是陆云趁此机会发动偷袭，抢他们的召唤符石，他们根本没有一战之力。想到这里，莫思颖眼中露出惊恐的神色。魏义军此刻吊着一口气，看着陆云一副假惺惺的模样，瞬间就猜到了陆云的心思。陆陆云留一点给给。给魏义军看着莫思颖方向，断断续,续续的说不出来。陆云见状，心底冷哼一声。 还真是恩爱鸳鸯呢，可惜跟自己有什么关系？设计坑自己的时候就该想到这样的结局，嘴上却一脸真诚，热情的冲上去握住魏义军的手。你看看，都伤这么重了，就别说话了，我都懂。看着陆云的模样，魏义军信了，一脸感激的看着陆云，突然间为前几天的坑害陆云的行为心生愧疚。然而，当他感觉到陆云竟然将自己储物空间里的所有东西一扫而光的时候，魏义军反应过来。 自己高看陆云的素质了，正要开口大骂，却见陆云冲着自己举手抱拳：“魏同学大意，竟将赤焰水晶跟召唤符石托付于我，我不甚惶恐，请你放心，我定利用好这些宝贝，获得这个副本的最终胜利。”魏义军双目圆睁，恶狠狠瞪着陆云，用尽全身力气握紧拳头。见过不要脸的，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本来还能苟延残喘的魏义军，因为用力过猛，加快了全身血液的流动。噗！ 最终怒火攻心，来不及说话，一口老血喷出，喘不上来就断气了。看着生机全无的魏义军耷拉着脑袋，以后再也没机会在自己跟前阴阳怪气。陆云嘴角泛起一丝冰冷的笑意，招惹自己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更何况如果不是陆云觉醒了系统，契约了上官清雪，那今天断气的就是自己了。因此，陆云面对魏义军的死亡，心里毫无波澜。上官清雪将这一切尽收眼底，心里同样认为。 魏义军死有余辜，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心上人被陆云给气断气，莫思颖心中悲愤不已。义军<局>，悲痛欲绝的呼唤声响彻天地，然而却没收到任何回应。莫思颖双眼赤红，瞪着陆云，大声喝道：“陆云，我要让你求生不能，求死不行！”声音接近于咆哮。莫思颖对陆云的恨意显然已经到了极致。然而，随着魏义军的死亡，契约羁绊强行断裂，遭受到力量的反噬，莫思颖感到喉咙一甜。 随即一口鲜血喷了出来，整个人脸上瞬间血气全无，萎靡到了极致。其他人也只能袖手旁观。现在只要陆云愿意，可以轻轻松松将他们全部杀死。看着萎靡不振的莫思颖，陆云冷哼一声：“自作自受。”语毕，拉着上官清雪就离开了扭阳山。赤焰水晶到手，召唤符石也已经足够。他现在需要找个地方帮助上官清雪使用赤焰水晶，毕竟还不清楚异兽是什么实力。 能稳扎稳打，自然最好。西边的王彦辰距离扭阳山甚远，所以没有收到扭阳山 BOSS 的信息。不过他跟李静怡收获也不少。两个小时过去，他们这支队伍总共收获了一百五十枚 S 级召唤符石。此刻他与李静怡带着几个 B 级的气灵师，刚好完成一处 S 级 BOSS 投影的诛杀。看着手中新增的召唤符石，王彦辰不屑笑道：“这次的无尽副本简直就是给我们送奖励的。”话音刚落，李静怡脸上突然露出不甘心的表情。 便宜了陆云那个废物，让他白白获得奖励。原本李静怡跟陆云解除契约后，就想看陆云没人要的狼狈样子，谁曾想那家伙竟然契约了上官清雪。虽然上官清雪只是个 s 级器灵，但长相身材都比李静怡高出几个层次。嫉妒是每个女人与生俱来都具备的技能，并且超越器灵等级而存在。王彦辰看出了李静怡的不愉快，双手搭在对方的肩上，语气温柔：“契约了又如何？不过是两个底层的废物而已。”来。 咱们看看这两个废物现在积攒了多少符石。既然李静怡不开心，那就得找个乐子让他开心一下。抢夺陆云的劳动成果，这就很不错。说罢，二人共同打开副本面板。卧槽，这怎么可能？在看到陆云的召唤符石排在第二时，王彦辰跟李静怡忍不住发出惊呼。原本以为陆云辛苦半天，最多也就几枚 D、E、F 的低等级符石，令人意外的是，他竟然手握九十枚 S 级召唤符石。 这倒反天罡的情况是王彦辰不能容忍的。随即，他们又查看了魏义军的队伍情况，却发现找不到魏义军的名字了，并且整个副本里现在持有 S 级召唤符石的人，除了陆云，就是王彦辰他自己。突然间，王彦辰像是明白了什么一样，轻声低喃：“看来魏义军他们的召唤符石转移到陆云这个王八蛋身上了，只有这种可能，否则魏义军没有符石的事情根本没法解释。”李静怡瞳孔微张，不可置信地问向王彦辰。 陆云那个废物是怎么做到的？魏义军不可能亲自给他送过去吧？闻言，王彦辰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我想，魏义军那边肯定也是遇到 BOSS 了。陆云那个废物肯定是趁魏义军跟 BOSS 缠斗的时候偷袭了他们，然后把他们的召唤符石抢光了。还有副本面板上没有了魏义军的名字，这意味着魏义军可能出现了意外。此话一出，李静怡顿时感到毛骨悚然，不自觉地走到王彦辰身边，挽住了对方的手臂。 还把手肘往两团柔软里塞，王彦辰一脸享受，安慰着李静怡：“别怕，一个一级废物而已，在我面前翻不起什么风浪。”话音刚落，他便敏锐地感知到几股异样的气息正缓缓朝自己这边靠近。第七章，还有谁不服？王彦辰正要进入战斗状态，却发现来人是魏义军那支队伍。然而此刻却没有魏义军身影，唯独看见莫思颖带着寥寥几人，一个个身受重伤，朝自己走来。李静怡见状。 快步上前，搀扶住了莫思颖。思颖，怎么回事？魏义军呢？看着狼狈不堪的莫思颖，李静怡忍不住关心问道。莫思颖闻言，瞬间泪流满面，哭泣说道：“那废物趁我们击杀 BOSS 受到重创，出手抢了我们的战利品，还将魏义军给杀了。”呜呜。闻言，李静怡脸色一沉，还真让王彦辰说中了。王彦辰双眼迸射出两道寒芒，安慰着莫思颖：“放心，思颖，我跟你静怡姐会把那小子打残。” 让他跪到你面前，让你发落的。言语之间杀意十足。莫思颖闻言，悲伤的情绪总算好了一点点，泪眼汪汪的看着李静怡二人，郑重的点了点头。王彦辰也不耽搁，直接吩咐道：“你们不用收集召唤符石了，传出去都分散开来，找到陆云那个王八蛋，立刻联系我。”众人闻言不敢违抗，都按照王彦辰的吩咐去搜寻陆云的踪迹。随后，王彦辰便带着李静怡跟莫思颖快速通关 A 级跟 S 级异兽投影。 转眼间已经过去两个半小时，器灵空间里，陆云已经帮助上官清雪将赤炎水晶炼化服用。然而令陆云意想不到的是，服用了赤炎水晶之后，上官清雪并没有明显的进化突破现象。上官清雪同样一脸疑惑，重复感受体内的变化，却发现没有任何异样，忍不住喃喃问道：“难道这水晶并不像说明中那么厉害？”陆云闻言摇头否定了，虽然看不出明显的进化迹象，但他能感受到。 上官清雪吸收灵气的速度相比之前要快上了许多。至于为什么没突破，应该是积蓄的能量还不够。念及于此，陆云轻声说道：“毕竟你现在是 S 级器灵，突破的条件肯定要比之前高出许多。慢慢来，咱们先出去，搞不好最后的对决要开始了。”上官清雪点了点头，随即跟着陆云一起回到了现实当中。刚睁开眼，陆云就发现王彦辰正操纵着李静怡的夺命飞刃朝自己攻来，找死！ 陆云怒吼一声，随即拉起尚未反应过来的上官清雪，腾空而起，避开了王彦辰的攻势。眼看自己致命一击被躲开，王彦辰惊疑一声，随即目光冷厉地看着陆云：“敢偷袭魏一军，今天就要你死！”莫思颖看到陆云在看自己，指着陆云大声呵斥：“你这个废物，只敢躲在暗处搞偷袭，今天我一定要亲自杀了你！”语毕，立即变身器灵状态，朝陆云飞来。上官清雪见状，也准备变身。 不过陆云却阻止了他，这些小卡拉米自己一个人就能轻松解决。只见烈火篮球带着熊熊火焰，眨眼间便出现在陆云跟前。陆云顺势接住篮球，毫无损失，嘴角勾起，再一次的表演起了昆式运球。你不是说我猥亵你吗？我便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猥亵。只见陆云突然停止手上的运球动作，随即双手捧着烈火篮球，不停地揉捏搓弄，尤其是某些软绵的位置，还有打气孔，陆云都加大了揉捏的力气。 即便篮球上面燃烧着熊熊火焰，却丝毫没有对陆云造成任何影响。啊！烈火篮球发出一声尖叫，随即卯足力气逃离了陆云的魔爪，落到地上，恢复成人形。只看到莫思颖满脸通红，愤怒地瞪着陆云，厉声呵斥道：“啊！陆云，我要杀你！”陆云两手一摊，耸耸肩，一副轻描淡写的样子，戏谑地看着莫思颖：“你过来啊，我又没躲。”看着陆云得意洋洋的样子。 莫思颖怒不可遏，却又不敢再冲上去。看着陆云轻松将莫思颖羞辱一番，在场的人一个,个个难以置信。卧槽，什么情况？这个废物竟然能够抵挡莫思颖的攻势，看上去还很轻松的样子。这莫思颖好歹也是 B 级气灵，就算没有气灵师，那也超了陆云两个大等级。怎么他在陆云手上像是一个针球一样被陆云轻松拿捏？关键是陆云并没有与上官清雪联合，这个废物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显然陆云的表现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听到这些议论，李静怡意味深长的看着陆云，心里也在猜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彦辰则是不以为然，高声说道：“司影同学刚刚失去气灵师，加上之前击杀 BOSS 受到重创，这才会心有余而力不足，加上一时冲动才着了这个废物的道。只要我出手，就能轻松将这个废物抹杀。”众人闻言，瞬间恍然大悟，纷纷点头认可。随后，王彦辰同样腾空而起，直面陆云，不屑说道：“废物。” 自负双手下去跪在思颖同学面前受罚，我可以让你死的痛快一点。陆云冷眼看了一下王彦辰，聒噪。闻言，王彦辰怒从心起，既然如此，我便让你生不如死。说罢，王彦辰右手握拳朝陆云奔袭而去。陆云见状，一点防御的心情都没有，丝毫不慌。看着一脸自信的陆云，王彦辰卯足全身力气，集中在拳头上面，势必要一拳轰碎陆云的脑袋。 看着这一幕，莫思颖跟李静怡心中直痒痒，巴不得王彦辰那一拳已经砸到陆云头上，想象着陆云脑袋像西瓜一样炸裂开来，二人心中无比舒畅。然而，当王彦辰的拳头距离陆云身体半寸距离的时候，却突然停了下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陆云的右脚已经踹到自己腹部，砰，肉体碰撞声传来，王彦辰只感到腹部一阵撕裂的疼痛袭遍全身，然后身体就被陆云踹出，倒飞而去，砰砰。 砰！接连串的碰撞声传来，是王彦辰一连撞断几棵树木的声音。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惊呆了。这陆云不是一级的废物吗？怎么能这么强？一脚就把 A 级的王彦辰踹飞这么远？此时，陆云傲然立于空中，戏谑的扫视着众人，还有谁不服？第八章擂台战开始，在场的学生们看着这一幕，无一不目瞪口呆。卧槽！A 级欺灵师的王彦辰被一脚踹飞。 这最起码要 S 级以上气灵师才能办到，不是说好来报仇的吗？怎么感觉是来送死的？这家伙怎么会这么强？一个照面就把莫思颖跟王彦辰打飞，这家伙简直是魔鬼！王彦辰被李静怡搀扶到原来位置，看着周围同学们投过来的疑惑眼神，瞬间只感到脸上火辣辣的热胀。李静怡见此情形，轻哼一声：“大家别被这家伙给骗了，班长大意了而已。陆云不过是一个一级废物。” 你们随便一个人就能把他打死，大家一起上，除去这个趁人之危杀害同窗的败类。语气激昂慷慨，李静怡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只不过现场并没有人敢在当初头鸟。开玩笑，一脚就把 A 级欺凌师踹那么远，谁敢上？啊？李静怡恨铁不成钢的哼了一声，继续高声说道：“你们可千万别被表象给蒙蔽了，我们一起联手，一定能把这个废物撕成碎片的。陆云不过是自己抛弃的废物，怎么可能是王彦辰的对手？” 肯定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干扰王彦辰，趁他不注意发动偷袭。听到李静怡的话，王彦辰让李静怡松开搀扶着自己的手，用尽力气站直身板，挺胸抬头的冲同学们说道：“你们静怡学姐说的对，这家伙刚刚不知道用了什么东西闪了一下我的眼睛，趁我不备才偷袭成功的。只不过，就算偷袭成功又如何？我堂堂 A 级气灵师，这点手段根本伤不了我一点。大家看我，我不是好好的吗？”说着。 还强忍着疼痛，原地蹦跶了两下。众人见状，一个个将信就疑，相信了王彦辰的话。上官清雪看着这一幕，忍不住扑哧一声轻笑。陆云心里同样忍不住感叹：这家伙是真是死要面子，站都站不稳了，还强行蹦跶两下。看到空中的陆云跟上官清雪脸上嘲弄的表情，王彦辰怒不可遏，转头看向众人，指着陆云，大声呼吁：“大家跟我一起上，把这家伙给撕成碎片，给魏义军报仇！”众人闻言。 一个个战意盎然，女生们都转变成气灵状态，跟着自己的气灵师向陆云冲过去。看着这一幕，王彦辰嘴角泛起一丝邪魅的微笑。你会搞偷袭又如何？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也能淹死你。陆云见状丝毫不慌。就在陆云准备大开杀戒的时候，天空中传来一道响亮的声音：“副本准备时间到，接下来人类与异兽双方阵营将进入到擂台模式。”话音刚落。 所有人只感到身边的景象逐渐扭曲。王彦辰捂着胸口，恶狠狠地瞪着陆云：“废物，算你运气好。等到副本结束，我一定把你碎尸万段。”看着对方咬牙切齿的模样，陆云只觉得好笑。到底是谁运气好，没有一点逼数吗？王彦辰还想狡辩，此时传送已经完成，所有人都来到一处广场之上。广场分为两部分，人类与异兽各占一半。中央是一个足球场大小的场地，场地四周。 有若隐若现的屏障将场地与外界隔离，那是防护罩，避免场地内战斗的余波冲击到外面的人兽。当所有学生看到对面一群面目狰狞的异兽在盯着自己看时，一个个心底直发毛。这次的口粮看上去好像更鲜嫩一点啊，特别是那些母的，吃起来味道一定很好，我都忍不住流口水了。真是一群可爱的家伙，马上都要成为我们餐桌上的烤肉了，还有心情在那里窝里斗？哥哥哥，那女的，还有那个，我喜欢，今晚又可以大战三百回合了，哈哈。 一只异兽指着上官清雪跟李静怡，眼光里流露出贪婪的神色。上官清雪愤愤地看了对方一眼，要不是有屏障隔离，他肯定会让陆云把对方的脑袋硬生生拧下来。李静怡则是不同，看着异兽那龇牙咧嘴的模样，忍不住双手紧紧抱着王彦辰的臂膀。王彦辰暂时不与陆云争吵，收回目光，抬起另一只手，轻轻拍着李静怡的肩膀：“别怕，一会儿肯定会赢下比试，让你欣赏这群畜生被当场抹杀的热闹景象。” 出发找陆云算账的时候，他就已经集齐了二百枚 S 级召唤符石。以目前的情况，只有他跟陆云有 S 级召唤符石，而陆云只有少量的九十枚，根本不够看。众人听到王彦辰信心十足的话语，原本面对异兽的恐惧也就没那么强烈了。还好有王彦辰跟李静怡在，二百枚 S 级召唤符石召唤出雀神，一定能秒杀对方。是啊，先拿下一局，获得最后的比试资格，再由王彦辰学长他们俩联手通关这次副本的几率。 就大大增加，真搞不清楚有些人本事没有，拿那么多召唤符石有什么用？切，还不是想要上场比试，引起大家关注吗？一百枚符石不到，能召唤个啥？想要召唤自己去搞符石啊？竟然残害同窗，抢走大家辛辛苦苦打出来的符石！呸，人渣败类，巴不得他被异兽给吞下去！咚，一声清脆洪亮的钟声打断了所有人的议论，随即一道清脆响亮的声音响起：“副本擂台第一场。” 一分钟后开始，请双方阵营召唤出第一轮比试的援助。话音刚落，一道巨大的身影便出现在擂台之上，五丈高大，外形看上去跟猩猩一样，不同的是，这只猩猩的毛发是白色的。嗷、哦、呜！怒吼一声，那只猩猩挥舞着双臂，捶打自己的胸口，目光凌厉的看着人类阵营，一股肃杀之感传遍整个广场。陆云见状，第一时间想到了《山海经》里记载的白星，只不过。 眼前这个星星与记载中有些出入，记载中的白星只有两人高大，并没有这么巨大。这种情况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只白星是集齐许多只白星合成的最终形态，就跟雀神一样。看来异兽那边为了通关副本，显然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第九章：人类蝼蚁。想到这里，陆云决定按兵不动，先让王彦辰去打这第一仗。对方二百枚符石在手，显然是要召唤雀神的节奏。这第一战。 不管王彦辰是输是赢，自己都会拿下第二局，从而拿下第三局的胜利，通关副本。王彦辰见陆云一动不动，冷哼一声，踏步上前。杀害同窗，抢夺符石又有什么用？废物终究是废物，关键时候还不是得看自己？要不是输掉副本，自己也会跟着死。王彦辰才不会去管。想到这里，王彦辰打开副本界面，将雀神召唤出来。轰！一道惊雷炸响，在场所有人都被吓了一激灵。 随后，一道光束从天而降，重重的落在擂台之上。若不是有防护罩守护，那落下的余波定能将在场的所有人掀翻倒地。待到所有人反应过来之时，只见一个龙首鸟身的怪物，跟人一样站立在擂台之上，一双布满鳞片的龙足，四爪尖锐锋,锋利，泛着阵阵冷光。此刻周身泛着金色光芒，目光犀利的盯着眼前的大猩猩。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兴高采烈，神情激动。 这就是消耗二百枚 S 级符石召唤出来的雀神吗？这出场的气势足以碾压一切。有召唤榜排名第一的雀神坐镇，想输都难。不像有些败类，不惜通过杀害同窗获得符石。就算获得符石又如何？区区九十枚，他能召唤什么？嗯嗯，只要拿下这一局，第二局陆云哪怕召唤个凡人出来也无所谓了。第三局的终局，王彦辰跟李静怡联手，同样能轻松秒杀 A 级异兽，便宜了某些畜生。等副本通关。 一定要把他交给器灵师管理协会处理。对，这种残害同窗的废物，就该人人唾弃，除之而后快。听着众人一边倒的议论，王彦辰玩味儿地瞥了一眼陆云，一副目空一切的表情。这时的陆云并没有心情理会这些，因为他发现对面的异兽们指着人类阵营这边嘻嘻哈哈。王彦辰召唤出的雀神是足以碾压那只猩猩的存在，然而异兽阵营却是一点害怕的样子都没有，反而是看着人类阵营的眼神里充满戏谑。 一个个的像是在期待着什么，这反常的行为让陆云心中产生一丝疑惑。看着表情凝重的陆云，上官清雪关切地问道：“陆云，你怎么了？”陆云沉吟片刻，正要开口，一道钟声响彻天际，宇宙裁判宣布比试开始。周围的人们听到口令，无疑不振奋地欢呼起来。在他们看来，第一场的比试，雀神定能碾压似的将那只丑陋的大猩猩撕成碎片。 与此同时，那大猩猩看着一动不动的雀神，眼中充满忌惮,惮之色，撕碎他，撕碎他！大家伙看到这一幕，纷纷大声呼唤着雀神。唯独陆云，他敏锐的捕捉到了，大猩猩的眼神中除了忌惮之外，更多的是困惑与不解。这诡异的现象让陆云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果然，即便人类阵营如何呼唤，擂台上的雀神依旧是一动不动。就在这时，王彦辰似乎是等不及了。 脑子灵机一动，语气恭敬的朝雀神说道：“雀神大人，为了人类的延续与未来，请您出手，将这只丑陋的大猩猩击败。”闻言，没有反应的雀神轻哼一声，淡然说道：“人类蝼蚁。”语气中夹杂着不屑，同时还有无尽的怨恨。原本还在兴奋的人们，欢呼声瞬间戛然而止，个个都一脸惊疑不解的看着擂台上的雀神。突然间，雀神猛然转身，一双犀利的鹰眼扫视着在场所有人类。 这片土地原本就是属于我们兽族的，你们这些弱小的蝼蚁，只配成为我们口中的美味。哥哥哥，一字一句如同晴天霹雳般，深深震慑住所有人的内心深处。一众人类竟然在朗朗晴空之下升起阵阵寒意。王彦辰一脸疑惑的看着雀神，雀神大人，您为何？没等王彦辰问完，雀神鄙夷的看了一眼王彦辰，冷哼一声，雀神的身影逐渐透明，直到消失。此刻。 对面的异兽们开始欢呼起来，每一只奇形怪状的异兽看着人类这边，都露出贪婪的目光，一脸的迫不及待。没等人类反应过来，宇宙裁判淡漠的声音从空中传来：“人类阵营的召唤援助放弃擂台比试，第一场异兽阵营胜利。”话音落下，在场众人无一不面如死灰，脸上充满绝望。他们最引以为傲的王彦辰组合失败了。为什么？为什么雀神大人会放弃比试？难道说？ 连神也不愿意帮助我们了吗？一切都完了。陆云那九十枚符石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难道要跟倭国人一样，成为异兽口中的养料吗？那可是召唤榜上最为强大的存在。为了召唤他，我们不少同伴付出生命鲜血。他凭什么啊？就这样放弃比试资格，还害了我们。看着表情兴奋的异兽以及萎靡绝望的人类阵营，陆云眉头微皱，随即说道：“凭什么？就凭雀神他不是人，而是兽族。你们想要雀神来对抗异兽？” 让他们同族相残，这能答应吗？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众人瞬间恍然大悟。若真如陆云所说，那么这一次的副本简直就是为异兽量身打造的，人类根本毫无胜算。王彦辰却不以为然，高声说道：“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却神不是兽，是神，是守护人类的神。”王彦辰无法接受副本失败、丧生异兽之口的命运。他是 A 级气灵师，前途一片光明。 他要想尽荣华富贵，怎么能死在这里？闻言，陆云冷哼一声：“信神还不如信自己。”看着陆云训话的样子，李静怡只觉得他在道貌岸然，趁机表现自己。强忍内心的恐惧，李静怡指着陆云呵斥道：“陆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里表现你自己？你以为副本失败，你能活着走出去？他是 A 级器灵，即便是死，姿态也要比陆云高。”陆云厌恶的看了一眼李静怡，不屑说道。 你想死你死，我可死不了。此话一出，在场众人像是看到了希望，一脸好奇的看着陆云。是啊，陆云手上还有九十枚 S 级召唤符石，难道说他准备了什么手段吗？第十章生吞十尾灵狐。陆云，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嘴硬？你不会天真的以为，就你那九十枚符石能够逆袭翻盘？王彦辰一脸鄙夷的看着陆云。李静怡做的对，自己作为 A 级气灵师，就算是死。 也不能容忍被陆云压上一头。听到王彦辰的话，众人瞬间脸上再次浮现出绝望的表情。是啊，九十没符石，能做什么？东第二场比试一分钟后开始，请双方阵营做好准备。响彻天地之间的雄浑钟声，此刻就像是丧钟一样，冲击着在场每一个人的内心。对面的异兽一个个对着人类露出贪婪的神色，显得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陆云见状，冷哼一声，随即便打开副本界面，将彭祖召唤出来。 虽然在场的人类没有看好陆云，但是怎么说也是最后的希望。只见天空中一片七彩祥云划过，随后一个身穿宽袍大袖道袍的老者脚踏祥云而来，身材高挑，步履稳健。虽然须发皆白，但是却容光焕发，精神矍铄。尤其是那双深邃明亮的眼睛，仿佛能看穿世界万物，透露出洞察一切的智慧。随着彭祖的出现，现场的人们瞬间感到一阵心安。彭祖下到擂台，一脸慈祥和蔼的笑容。 看着陆云，陆云对着彭祖深鞠一躬，慨然说道：“今异兽肆虐，公然开启无尽副本，企图夺我夏国气运，伤我子民性命。学生斗胆召唤仙人，若有打扰，还请莫怪。”态度谦卑，话语有理有据。彭祖欣慰地看了一眼陆云，呵呵笑道：“你是个不错的孩子，老夫在此，你且安心。”说罢，转头看向对面的异兽，慈祥和蔼的笑容瞬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副冷漠狠厉的表情。 饶有兴致地看着对面的异兽，哈哈，人类已经吓傻了。先是企图召唤我们的祖神来对抗我们，现在竟然召唤出一个老头，这把老骨头送给老子吃，老子都下不去口，太柴。等我们的十尾灵狐亮相，只怕是把这把老骨头给吓散架了。哈哈，面对异兽们的哈哈大笑，人类这边刚刚安定的心瞬间又慌乱起来。然而下一刻，随着异兽召唤援助的出现，现场所有人脸色顿时变成猪肝色，瞳孔微缩。 满是绝望，只看到一个面目狰狞、浑身燃着熊熊烈火的血红色狐狸落到擂台之上。狐狸有十丈高大，十条尾巴在身后缓缓摇曳。吼一声吼叫，差点将所有人耳膜震碎。整个气势看上去，比起那却神有过之而无不及。上官清雪脸上露出害怕的神色，紧紧搂住陆云的双臂。这狐狸的等级最起码是 S S S 级完全体，即便他与陆云联手，也完全没有丝毫胜算。 陆云轻轻拍了拍上官清雪的手，笑着安慰道：“没事，有彭祖在。”在石尾狐狸出现的瞬间，陆云目光就一直注视着彭祖，发现对方非但没有丝毫畏惧之色，甚至脸上没有半点表情波动。陆云就知道这把稳了。看着一动不动的彭祖，所有人类都以为彭祖是被吓傻了，瞬间一个个的开始绝望哭泣。对面的异兽更是得意，一个个笑得受仰受翻。那老家伙被我们的十尾灵狐给吓傻了，动都不敢动一下。开玩笑。 十尾灵狐，那可是比他们那什么雀神还要厉害不知道多少倍。看他们那绝望的模样，一会儿该不会影响口感吧？哧溜哧溜，看着满脸兴高采烈的异兽，彭祖轻哼一声：“一群畜生！”说罢，彭祖看着比自己高出不知道多少倍的灵狐，瞬间眼冒金光，竟露出一副垂涎欲滴的模样。那十尾灵狐像是感受到什么一样，这才低下头看着下方的彭祖。不看还好，这一看，之前狰狞的嚣张面目。 瞬间蔫了下来，原本满是戾气的眼神，此刻完全被恐惧所替代。当下身形一闪，就要往后退去。彭祖见状，大喝一声：“想跑？老夫找你多少年了！”都。话音刚落，彭祖一个箭步上前，拉住石尾灵狐的一条尾巴。那石尾像是被人捏住命脉一样，连连惨叫。这倒翻天罡的一幕，瞬间让两边阵营的围观者都傻眼了。 他们心中设想的彭祖被十尾灵狐撕成碎片的画面不但没有发生，反而是十尾灵狐看到彭祖的瞬间，一个劲儿的拼命逃跑。此刻，彭祖那比十尾灵狐小上无数倍的身躯拉住了灵狐的尾巴，那灵狐竟然挣扎不掉。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彭祖接下来的操作更是让他们傻了眼。只看到彭祖脸上恢复慈祥和蔼的笑容，安慰着那十尾灵狐：“来都来了，别急着走啊，生死不过一瞬间的事，乖乖给老夫我补上一补，你也是死得其所。” 闻言，上官清雪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这时，他才知道为什么陆云能够那么自信。原来这彭祖对那十尾灵狐简直是先天压制。在所有人瞪大如铜铃的瞳孔中，只看到彭祖暴喝一声，随后身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膨胀变大，直到像一座高山那么雄伟高大，才停了下来。巨大的彭祖缓缓低头，一脸戏谑地看着被自己拽在手里的十尾灵狐。那灵狐见彭祖这模样，瞬间亡魂皆冒，拼命着想。 要挣脱彭祖的束缚，彭祖怎么会给他这个机会？直接两只手把灵狐捏住，往自己嘴里送了进去。嘎吱嘎吱，随着骨头碎裂的声音不断传来，彭祖那张有半边天大的脸上露出了极致享受的神色。所有人看着这惊恐的一幕，都是骂了。不仅人骂了，对面的异兽也骂了。说好的十尾灵狐将老头撕成碎片，结果却是老头现场给他们表演了一波生吃灵狐，连毛都懒得剃的那种。寂静，死寂。 压抑、恐惧，种种无以言表的骇然充斥着每一只异兽的内心。随后，人类阵营爆发出热烈的欢呼声，一个个脸上露出重获新生的笑容。彭祖的胜利宣告着他们暂时不用死，并且还有机会进行第三场的比试。哥，打了一个饱嗝，彭祖拍了拍胸脯，身形迅速缩回原样。只见彭祖一脸戏谑地看着对面的陆云：“不错，这十尾灵狐味道鲜美，还有吗？加个菜。” 此话一出，众人哑然。什么鬼？还没吃饱？陆云带着上官清雪冲着彭祖深鞠一躬，随后目光冷厉的转向异兽方向，摇着食指高声喊道：“你们随意，我秒了。”第十一章：兽合。这一刻，轮到异兽沉默了。看着一言不发、面面相觑的异兽们，人类阵营欢呼声一片。谁也没想到，在所有人心中一无是处的废物，竟然成了他们最后的救命恩人。 一时间，在场人类欢呼之余，更多的是看向陆云眼神里的愧疚。一旁的李静怡跟王彦辰则不然，他们可以为活下去的希望感到庆幸，但是他们更希望那份生机与陆云无关。他们无法接受自己都办不到的事被一个比自己废物的垃圾能办到。那老头，我记得才五十枚 S 级召唤符时，简介也说他只是个养生专家、烹饪祖师，他怎么能一口就把十尾灵狐吞了？看着众人看向陆云的眼神产生变化，李静怡连连摇头否认。 陆云闻言，犀利的眼神直射李静怡：“谁告诉你烹饪祖师爷只是杀鸡宰羊吃猪肉的？”看着陆云一副教导李静怡的样子，王彦辰瞬间就不乐意了：“陆云，我不知道你是怎么作弊的，但是接下来的比试，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让我上。”听到王彦辰的话，众人莫名其妙的眼神纷纷落到他的身上。一旁的李静怡闻言，走到王彦辰身前，冲众人说道：“的确，这个废物是替我们拿下了一次比试的胜利。” 但他不过是运气好而已，接下来的比试靠的是真正的实力。他们一对 E F 组合站上去，对方是 A 级异兽，他们不是去送死吗？李静怡的话头头是道，在场众人瞬间陷入沉默，眼神时不时的看看陆云，又看了看王彦辰。最终，他们认为李静怡说的对。东第二局比试，人类阵营获胜。第三轮比试准备时间三分钟，请双方前两局胜出的选手做好准备。如果要临时更换选手。 由前两场胜出者报请裁判即可。宇宙裁判的声音传来，让在场的人瞬间看到了希望。只要王彦辰跟李静怡上，那肯定能拿下第三局的胜利。王彦辰跟李静怡双手抱胸，嘴角上扬，居高临下的看着陆云。陆云没有再理会他们。此刻擂台上的彭祖身影已经逐渐变得虚幻，看着渐渐透明的彭祖，陆云躬身一拜，朝着彭祖行了一个大礼，感谢先祖救命之恩，学生回去以后定提醒世人以香火供奉。 这个世界不但没有《山海经》的记录，就连那些人类始祖也被遗忘在历史长河。彭祖虚盈首抚白须，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看着陆云，哼，我们早已经接受了被世人遗忘的局面。你倒是有心了，这东西你拿着，对你身边那位女娃有大用。说罢，一道金光从擂台上射出，落到陆云手中。陆云来不及查看是何物，彭祖的身影便彻底消失了。陆云再次鞠躬，对着擂台行了一礼。 一旁的上官清雪虽然不知道彭祖的来历，但此刻也受到感染，也学着陆云的样子去做。能够帮助人类抵御异兽，是值得自己去尊敬的。随后，陆云拿出手里的东西，像是一颗丹药，全身散发着金色的光芒。仔细看去，周遭还有赤红色的火焰在燃烧。兽核，是刚刚那十尾灵狐的兽核！天呐，这东西对器灵来说，那可是进化的珍宝。在场的众人认出兽核后，纷纷忍不住发出惊呼。 这可是 S S S 级大成异兽的兽核，所有人心中梦寐以求的宝贝。王彦辰跟李静怡也露出了贪婪的神色。陆云，这东西你把握不住的，不要浪费，快把它交给我！李静怡赶紧开口，生怕晚了，那兽核就进到上官清雪的嘴里去了。王彦辰见状，也是连忙出声：“你们要有自知之明，这东西等级低的人使用的话，会遭到反噬的。F 级的上官清雪，他搞不定这个兽核的。” 只要李静怡有了这枚兽核，就可以晋级 S 级器灵。自己作为李静怡的器灵师，身份地位自然也会水涨船高。李静怡急不可耐，陆云，你只要把这东西给我，我可以考虑跟你复合。这一招以前用在陆云身上百试不爽，他相信陆云肯定会屁颠屁颠的把兽核送到自己手中。一旁的王彦辰闻言不免身子一愣，莫名其妙地看着李静怡。在看到对方朝自己按时手势时，他反应过来，这不过是李静怡的缓兵之计。 也是，A 级的李静怡都要甩掉陆云，更何况是 S 级的？不过是给那只舔狗一点甜头尝尝而已。看着二人恬不知耻的样子，陆云忍不住笑了出来，将寿盒递给上官清雪。上官清雪小脸激动，感谢了陆云后，当众就把寿盒服用了。随后挺胸抬头看着李静怡，陆云，你看着这一幕，李静怡痛心疾首，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陆云见状，呵呵笑道：“你别忘了，我现在的器灵是清雪。” 而你完全不配。听到陆云的话，李静怡脸上的表情比哭还难看。凭什么？他不过是个废物，为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馈赠？这时，王彦辰附到李静怡耳边，轻声说道：“那兽和没个几天几夜消化不了，先把副本通关出去。以后咱们找个机会抢过来就是。”闻言，李静怡瞬间恍然大悟，一改之前的窘态，重新恢复自己高高在上的样子。陆云看着二人的变化，心里大致猜到了对方的想法，忍不住嘴角微翘。 一脸神秘地注视着两人，王彦辰跟李清雪像是心里的小秘密被发现了一样，避开与陆云的目光对视，转向一边。陆云也不当场点破，因为那样就不好玩了。第十二章 S S 级异兽。王彦辰看不惯陆云装模作样的样子，高声提醒陆云：“陆云，你别得意，趁现在赶紧告诉宇宙裁判，让我跟李静怡参加第三局比试。”李静怡也是迫不及待，只有一分钟了，你快点。陆云像是没听他们的话一样。 而是将目光看向其他的人。上官清雪见陆云没说话，他也不说，他现在一切以陆云为准。感受到陆云的眼神看过来，大家伙犹犹豫豫，还是有的鼓起勇气开口。陆云，虽然这次决赛资格是你争取的，但是我们希望你能认清自己的实力。是啊，大家同学一场，虽然我们平时对你的态度有一点点过分，但你也不至于拖着我们一起死啊！更何况，如果这决赛输了，那么整个南疆也都会跟着我们一起下地狱的。 听着这些同学所谓的劝阻，陆云只觉得可笑。只见陆云突然将目光锁定在王彦辰身上，态度坚定的说道：“别的副本你自己去作死，但是这里现在我说了算，我拒绝你们的请求。第三场决赛，我跟清雪一起上。”陆云这语气，这态度，是在通知他们每一个人，告诉他们这事儿没得商量。眼看时间逼近，有人开始着急了。反观陆云，却是一脸的轻松，还不忘跟一旁的上官清雪有说有笑，完全无视众人。 看到这一幕，李静怡心想：这陆云肯定是知道什么内幕，不然不可能生死关头表现得如此轻松。兽核，对，一定是兽核。想到这里，李静怡仰首挺胸，批判地看着陆云：“你们两个不会以为服用了那枚兽核就能马上提升实力吧？别天真了好吗？那玩意没个十天八天的，根本没法全部吸收。”王彦辰更是表现得横眉怒目，瞪着陆云：“废物，能不能收起你那无知的想法？” 难道你想让整个南疆给你陪葬吗？听到王彦辰跟李静怡的分析，大家都不淡定了。眼看时间要到了，一个个开始咄咄逼人。陆云，你要为大局着想啊！这种生死关头，别逞能，不然会成为千古罪人的。我不想死，我全家都在南疆，不像你家人都在外省。你要是还有一点良知，就主动退出，让王彦辰他们上吧。陆云，你们要有自知之明，看清现实。人家异兽是 A 级，你们一对 E F 组合。 不是等于白送吗？对此，陆云丝毫不想理会。咚<动>！第三场比试开始，请双方选手入场。就在这时，天空传来宇宙裁判的声音：“决定命运的比试开始了。”王彦辰与李静怡不管不顾，率先起身，想要先上擂台，强行取得比试资格。他们不想把命运交到别人手里，尤其是像陆云这种完全没有任何希望的人。然而，就在他们即将落到擂台之际，那道结界散发出一阵白芒。 “砰”的一声，将王彦辰跟李静怡弹射回来，二人把持不住，瞬间飞落在地，口吐鲜血。请遵守副本规则，再犯就地抹杀。宇宙裁判冷漠的声音传来，瞬间所有人脸上都写满了绝望。陆云与上官清雪相视一眼，看着彼此，脸上露出自信的笑容。随后，陆云拉着上官清雪的手，凌空而起，朝擂台飞去。他们安然无恙地落在了擂台上面，并没有出现任何意外。对面的异兽。 早就听到人类阵营那边激烈的吵闹声了，看着落到擂台上的陆云跟上官清雪，一个个脸上露出怪异的笑容。听他们说，这两个一个是 E，一个是 F，这是几个意思？他们真敢上啊！这是妥妥的福利局啊！给他们机会，他们也不中用啊！就这个擂台上的女娃，谁都别跟我抢，我预定了。显然，陆云跟上官清雪的上场，让异兽们看到了美食就自动在餐盘上摆好的美妙时刻。听到对面异兽们放肆的开怀嘲讽。 人类阵营脸色铁青，一个个像是把猪肝挂在了脸上。没等他们过多绝望，轰一声巨响，一个牛头人身、四肢是马腿、身披盔甲、手持镰刀的牛头怪出现在了擂台上。无趣，蝼蚁，你们要是想直接成为我们的口粮，直接放弃就行，何必多此一举，还要上来比试？牛头怪轻哼一声，语气略显慵懒、失望的说道。陆云看着眼前的牛头怪，启动了器灵神童，异兽名称：牛头兽。 异兽资质 A 级，天赋技能战意盎然，战意盎然自带怒气加持，攻击力增加百分之五十。战斗技能野蛮冲撞，横扫千军。野蛮冲撞朝目标发起冲锋，造成大量伤害，同时造成恐惧效果。横扫千军，尾巴获得灵力加持，疯狂甩动尾巴对目标造成致命打击。异兽武器死亡镰刀，极品武器。武器技能死亡飞刃，死亡飞刃。 朝目标发射无数飞刃，将目标撕成碎片。隐藏等级 S S 级，隐藏进化路线：牛头怪、亡灵马、火麒麟、应龙。看完牛头怪所有信息，陆云这才明白为什么无尽副本会显示双方最高资质都是 A 了。原来这家伙跟自己与上官清雪一样，是一只隐藏真实资质的异兽。最近异兽总是积极的发起副本挑战，想来正是利用这个 bug，想要快速占领蓝星吧。难怪前几天倭国会输的那么惨，原来是这么回事。 想到这里，陆云目光凝视着牛头怪，笑着说道：“S S 级异兽，难怪会这么嚣张。”闻言，异兽阵营原本激烈的议论声戛然而止，一个个饶有兴致的注视着陆云。牛头怪眼神微眯，闪过一丝惊讶神色，没想到蝼蚁之中也有人能看出我的真实等级。不错，我就是 S S 级异兽。今天，你们注定要成为我们兽族大军的口粮。牛头怪一脸得意地大声宣布着自己的真实资质。 人类阵营听闻此言，脸上绝望之色更加浓烈。第十三章治杀牛头怪。在得知牛头怪的真实等级后，王彦辰跟李静怡都感到不可思议。他们这才明白，就算是他两个共同联手，最多跟对方抗衡十来分钟。十分钟后，他们两个就会成为那牛头怪的刀下亡魂。这陆云跟上官清雪，怕是只有直接被一刀秒杀的命运了。一瞬间，绝望、悲伤、难过充斥着整个人类阵营。 犹如死刑犯踏上刑场的那段时间一样，所有人心里充满了对死亡的恐惧。牛头怪阴冷的目光扫视过颓废萎靡的人类阵营，嘴里发出咯咯咯的得意笑声，随即目光锁定陆云，阴沉下来，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陆云也毫不示弱，踏步上前，冷然地看着牛头怪。上官清雪看着一触即发的局面，变换形态，顿时一双雪白无瑕的翅膀出现在陆云后背。其实光凭陆云便可以轻松秒杀对方。 不过上官清雪要出手，他不会阻止。他心里明白，上官清雪想要消灭异兽、为父母复仇的决心。卧槽，上官清雪这气势好强，怕是已经超过李静怡，达到 S 级了。三天时间，上官清雪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竟然偷偷进化到 S 级了，这也太夸张了吧！难怪陆云那么自信，原来是因为上官清雪的缘故。陆云这家伙捡了大漏了啊！早知道三天前我就先跟清雪校花契约了啊！ 在上官清雪变换成气灵形态、灵气外放的瞬间，所有人都能够清晰的感知到上官清雪的强大已经超过李静怡，就连一旁的王彦辰看向上官清雪的眼神都满是艳羡。上官清雪本就是公认的校花，别说气灵等级是 S 级，就算是还凑合的 B 级，那也会令全校的男生趋之若鹜。看着王彦辰痴迷的表情，李静怡狠狠地踩了他一脚：“看什么看？再看就把你眼珠子挖出来！”听到李静怡的话。 王彦辰收回目光，一副谄媚模样看着李静怡笑。面对这样的现实，李静怡不愿意承认。即使是生死关头，她也不能接受 F 级的上官清雪超过了自己，更不愿意看到自己丢弃的陆云竟然契约了 S 级的校花，那样自己岂不是成了笑话？想到这里，李静怡满是嫉妒的目光瞥了一眼上官清雪，一副不以为然的说道：“那不过是刚刚吞了那枚兽核引发的假象而已，徒有其表。一个 S 级的器灵。” 怎么可能这么短时间提升到 S 级？你们难道没脑子吗？李静怡话音刚落，众人这才想到，刚才上官清雪服用的那枚兽核，原来只不过是昙花一现，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罢了。李静怡见状，心里稍微好受一点，不过她不满足。既然这些人都是墙头草，那不如让他们直接绝望。只见李静怡冷哼一声，脸上表情瞬间阴冷下来，看着众人，就算是 S 级器灵，跟一个一、e、级的废物一起。 能打过对方 S S 级的异兽，大家总归死路一条，又何必计较这些？此话一出，众人如坠冰窟，绝望的气氛瞬间再次弥漫在人类阵营。擂台上，陆云冷哼一声，随即便向上官清雪的翅膀输入灵气。感受到陆云身上浓厚的灵力传入自己体内，上官清雪顿时反应过来，陆云这是要让自己凭一己之力斩杀对方牛头怪，以此来平复自己心中些许的仇恨。清雪，记住，表面上攻击他的面部。 找准时机，对准鼻子发动致命一击。嗯，我知道了。耳边传来陆云的殷切叮咛，上官清雪心头一热，郑重的扇了扇翅膀回应。见状，陆云暴喝一声，随后冲天起。牛头怪看着实力突然飙升的上官清雪，同样也是一脸惊疑。不过他并没有过多在意，区区一个 S 级气灵而已，自己弹指可灭。牛头怪手握镰刀，傲然直立，准备在对方发动攻击后再将陆云跟上官清雪一击毙命。来到空中。 上官清雪便果断发动技能“落日余晖”，一瞬间，无数道剑芒从天而降，直指牛头怪的眼睛。牛头怪冷哼一声：“雕虫小技。”随后挥舞手中镰刀，将剑芒挡开。一开始，牛头怪还防着鼻子部位，但当他发现对方只是一味的对自己眼睛进攻，便逐渐变得轻敌起来，对鼻子的防御也就松懈了。就是现在，仅仅一个空隙的机会，被陆云发现了机会。上官清雪与陆云是深度契约的。 因此，联合作战时，陆云心中所想就能无延迟同步到上官清雪心中。因此，上官清雪屏气凝神，凝结一道透明的剑芒，直指牛头怪的鼻子。那牛头怪怎么也没想到，对方一个技能的持续时间竟然这么久。更让他想不到的是，这些剑芒的力量竟然在逐渐变强，隐隐约约有超过 S 级的强度。这两人在变魔术吗？他们不会以为光凭这种功力就能击败牛头怪大人吧？ 不过是垂死挣扎罢了。你看我们的牛牛，他慌过吗？一点都不慌。牛大人不过是陪他们玩玩。若是牛大人真正出手，这两个人早就身首异处了。观战的异兽们看着擂台上的场景，纷纷忍不住打趣儿。看着这漫天络绎不绝的剑芒，牛头怪突然间心生不安，一声怒吼就要迎面直上，将陆云砍成两截。突然间，他感到自己鼻子上落了一滴什么东西，像是冰冷的雨水。大晴天的，哪来的雨？正疑惑间。 一阵撕裂的疼痛感瞬间传遍全身，随即只看到一根带血的剑刃穿过自己的两个鼻孔，紧接着就是带血的细绳快速从自己鼻腔内穿插而过。no！一声怒吼，牛头怪挥舞镰刀想要斩断那根细绳，上官清雪岂能让他如愿？瞬间狠狠一扯，牛头怪像是浑身失去力量一般往前趔趄，差点没稳住身形，轰然倒地。此刻，漫天的剑刃也跟着停止了攻击。 我要将你们碎尸万段！不甘的怒吼声传来，牛头怪充斥着怒火的眼睛直勾勾盯着半空中的陆云。牛头怪正要暴走，却突然感到一道极其强大的恐怖力量从天而降，凝神一看，竟是一道锋利的剑刃朝自己快速逼近。牛头怪想要避让，鼻子处的细绳却使劲一扯，自己根本无法拒绝这种引导，身体往前挪了一步，不偏不倚，那道锋利的剑刃正好插进自己的心脏。 一阵剧烈的疼痛感从心胸腔开始，迅速传遍全身。牛头怪只感到有心无力，刹那间双眼一闭，轰然倒地。第十四章副本通关。看着倒在地上失去生机的牛头怪，异兽阵营妈了，怎么可能？牛牛怎么会输？他可是隐藏的 SS 级异兽啊，实力超群，历经无数副本，从无败绩。这些都不重要，关键这是最后一场比试，他输了，我们全部都得完蛋了。一瞬间。 异兽们一个个犹如高空坠落一般，扑面而来的死亡窒息，让他们开始坐立不安。与之相反，人类阵营这边先是疑惑、惊喜，之后是欢呼。这一切发生的太快，不过才五分钟时间不到，他们来不及做任何反应，那牛头怪就被陆云击杀了。我们的校花女神能秒杀 SS 级的异兽，难道她的等级比对方还要高？不管如何，从今以后，清雪女神就是我的最爱，是我的偶像。刺激，这种大起大落的感觉。 吓得我心脏砰砰直跳。相对于众人的欢呼，李静怡却是连连摇头：“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一对 E F 组合竟然秒杀了 S S 级的异兽，肯定有猫腻。对，还是因为那枚兽核。无论如何，他始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一旁的王彦辰看着众人投来怪异的目光，赶紧出言安抚李静怡：“就让他们先风光一会儿。那兽核刚服下才发挥了一点作用，就已经那么强了。到时候我们把兽核给抢过来。” 所有的一切到了最后还不都是你的？你要不解恨，我再找几个兄弟把上官清雪轮了，当着陆云的面。说完，王彦辰一脸坏笑，眼中闪过淫荡的目光。一旁的莫思颖也来到李静怡身边，与王彦辰一道安慰。经过两人的轮番安抚，李静怡心里舒畅了许多，极力赞成王彦辰的想法。就那样做，我要让他们身败名裂，不得好死。得到李静怡的同意，王彦辰眉开眼笑，心里已经开始急不可耐。擂台上，陆云降落到地上。 看着没有生机的牛头怪，眼神淡漠。确认牛头怪已经死亡之后，上官清雪脱离陆云身体，变回人形。咚！第三场比试，人类阵营获胜。宇宙裁判的声音响起。对于异兽来说，这是他们即将上路的丧钟；对于人类来说，这是他们许久以来不曾听到过的喜报。陆云看了一眼地上的牛头怪，抬起右脚，猛地一踩。砰！牛头怪那一只大大的牛头，竟然应声碎裂。 陆云展现出来的力量以及血腥，瞬间震撼所有人的内心。只见他用脚扒拉了几下，在看到那一枚闪烁着琉璃光芒的兽核后，这才弯下身子将兽核收在手里，同时牛头怪的武器也被他收入到自己的器灵空间。随后起身，脸上泛起温柔的笑容，将兽核递给上官清雪。陆云，你取兽核的方式比起彭祖要粗鲁得多。上官清雪接过兽核，忍不住调侃一番。陆云闻言。 当即露出一脸无辜的表情，我好歹是等牛牛断气了才动的手，那老头直接活剥好吧？比起他，我这不知道温柔了多少倍。闻言，上官清雪掩嘴而笑，一旁的异兽感觉到一股莫大的轻视，为首一个拍案而起，指着陆云气势汹汹的说道：“蝼蚁，别以为你们赢了一场就可以肆无忌惮了！我兽族高手千千万，底蕴强大，总有一天，你们都会一起来到地下陪伴我们的。与其他异兽不同。” 他并没有对死亡产生恐惧，反而眼神中能看到阵阵火热的光芒，似乎献身于兽族的大业是一件令他无比光荣的事情。在他的带动下，所有异兽纷纷赫然站起，指着陆云批判起来：“不就是赢了一次副本吗？有什么好嘚瑟的？就是就是，难怪连你们的同类都看不起你，活该！”陆云见状，顿感搞笑。你们与我们人类本就是你死我活的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今天躺在这里的是我，那我身后的这些人…… 你们会放过吗？无耻之徒！听到陆云的话，人类阵营热血澎湃，直呼叫好。奖励已经发放，十秒钟后，人类离开，异兽抹除。空中再一次出现宇宙裁判的声音，同时也最终敲定了异兽的宿命。陆云放眼看去，那些异兽丝毫没有之前的恐惧之色，反而一个个的摆出了一副康然赴死的模样。唉，无知！陆云转眼看向副本界面的奖励，S 级召唤符石 X 幺零零四零。 副本结束后可用于气灵升级进化，气灵随机技能书 X 三，随机获得气灵技能，可直接学习使用。气灵师随机技能书 X 二，随机获得气灵师技能，直接学习使用。注意，技能书可以直接转换成技能经验，使原有技能升级。无尽副本钥匙 X 一，每获得一次无尽副本胜利，就可以获得一枚副本钥匙，用于开启副本。挑战对象可自主选择。看完之后，陆云感觉这些奖励算是勉强吧，最值钱的。 应该就是气灵师技能书了，在外界，随意一本初级气灵师技能书都得花十来万才能拿下，更不用说中级、高级的气灵师技能书了，尤其是高级，那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不过这些奖励都是随机的，主打的就是一个运气成分。就在陆云还在想这些问题的时候，身边画面逐渐变得虚幻，不多时，他们就回到了出租屋内。我们就这样通关副本了吗？反应过来的时候，上官清雪望着陆云，有些不敢相信。 无尽副本向来都是有去无回，全世界许多土地已经被异兽占领，自己的父母也在无尽副本中被异兽杀死。想到这里，上官清雪忍不住滑下两行清泪。看着一脸难过的上官清雪，陆云抬起右手，轻轻替他擦拭掉眼泪，露出温柔的笑容。这才是开始，你的血海深仇一定会了结的。想到自己手里的副本钥匙，陆云心里有一个大胆的想法。第十五章，我不介意把你们扔出去。 陆云将召唤符石以及器灵技能书全部给了上官清雪，然后二人进入到器灵空间，把奖励消耗完之后，陆云就打算开启副本挑战了。即便有器灵空间加持，加上副本里获得的两枚兽核以及赤焰水晶，上官清雪将所有符石炼化后，依旧是没有进化的迹象，这让兴致冲冲的上官清雪受到不小的打击，颓然坐在海边，喃喃开口：“会不会是因为我的上限就是 S 级呢？本以为这么多材料使用完……” 自己能够进化到 S S 级，却没想到一点进化的前兆反应都没有。看着上官清雪失落的样子，陆云轻抚着她的脑袋，温柔地笑着说道：“S 级进化条件跟能量储备肯定要比之前高出许多，你应该能够感受到。你现在的实力要比之前还要强横许多。先提升阶位，至于进化，慢慢来不及。”在陆云的悉心开导下，上官清雪轻轻点了点头，不再去纠结这件事。陆云这才拿出技能书，准备将它们打开。 看着手上的技能书，陆云脸上露出期待的表情。这要是欧皇附体，气运加深，开个高级技能出来，简直堪称完美。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的真理亘古不变。将灵气注入两本技能书，分别闪过两道白芒后，陆云手中的两本两本技能书分别变成了两道卷轴。陆云看了看两道卷轴，全都是初级技能，并且不是攻击类，不能说没用，只能说一无是处。叹了口气。 陆云只能失落的将其保留着，用于以后的技能升级。陆云，我好像也是三个初级技能。听到陆云的叹息声，上官清雪也跟着失落的说道。闻言，陆云看着上官清雪手里的三份卷轴，其中一道倒是吸引住了他的注意力。随即，陆云打开器灵神瞳，认真浏览起来。附魔沉默技能说明：可加持到本命技能，在发动攻击时有几率无视等级，沉默对方。技能等级：初级。 说明：吸收技能卷轴获得成长经验，等级越高，触发几率越高。看完整个说明，陆云愣住了。一般的器灵师或者器灵，只能看到技能的等级跟名字以及技能类型，所以大部分人只有通过等级跟类型去选择技能。陆云不同，他有器灵神童，可以将技能的完整信息了然于胸。上官清雪这本初级技能，对于攻击技能只能一次次发动的器灵来说，确实是垃圾。 但是，上官清雪的落日余晖是群攻技能，每次发动都是数十道剑刃从天而降，并且随着她的实力提升，数量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别人有一定几率才能触发的沉默效果，在上官清雪手中，可能就是接近甚至等于百分之一百。想想就起飞，在这么多剑刃的攻击下，敌人只能选择站着挨打，是多么的无敌！陆云，你怎么了？看着愣在原地盯着技能一动不动的陆云，上官清雪心生疑惑，一脸不解地问道。 收回目光，陆云拿过那本沉默技能，笑着看向上官清雪：“这本你可以加持到你的落日余晖，其他的就用来升级。”注视着陆云手中的技能卷轴，上官清雪抿了抿红唇：“确定吗？这只是一本初级技能，他现在是 S 级器灵，自然是希望学习更高级一点的技能。”眼见对方疑惑犹豫，陆云认真地点点头：“相信我，我不会看错。”看着陆云一脸坚定，上官清雪拿过卷轴，直接就按照陆云说的。 加持到自己主技能上面，尽管有些疑惑，但陆云确信的样子就是上官清雪的底气。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上官清雪刚学完技能，天空中就传来几声急促的敲门声。这是现实世界中有人在敲陆云的房门。是谁这么会赶时候？陆云本想与上官清雪春风一度，却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给打断，忍不住心里抱怨一声，便带着上官清雪来到现实世界，打开门。 只看到王彦辰跟李静怡带着一群人堵在自己房门口。陆云，快把奖励分出来啊！那么多符石跟技能书，你想一个人独吞吗？陆云还没开口，李静怡就咄咄逼人的要奖励。原来副本通关的奖励全都是发给最终通关者，再由通关者分发给其他人，一向如此。所以这一次的副本通关奖励，宇宙裁判就全部发放给了陆云。看着咄咄逼人的李静怡，陆云冷笑道：“你说的没错，我就是要独吞，怎么了？” 这次副本通关全凭自己一个人，其他人丝毫作用没起不说，反而还对自己不待见。他们有什么资格能分奖励？听到陆云的话，王彦辰瞬间就不乐意了。陆云，你凭什么独吞？快分发奖励！这是宇宙裁判交给你的任务。他们是第一次进入副本，并且还通关了，自然对奖励有好奇贪图的心思。你不要太自私了，我们每个人都出力了，有资格获得奖励。王彦辰刚说完，李静怡就开始玩道德绑架。听到李静怡的话。 跟着一起来的同学们也开始冲陆云露出鄙夷的神色。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没点逼数吗？靠着运气跟清雪女神打败异兽，一点力没出，竟然有脸独吞我们的奖励。清雪女神被这种废物契约，简直就是耻辱！也不知道这个废物用了什么手段哄骗我们的清雪女神，就是残害同窗、抢夺服饰不说，从头站着不动，到最后就把所有功劳往自己身上揽。呸！废物，人渣，乐色！准备办事却被打搅。 陆云厌烦到了极点，一股惊涛骇浪的气势从他身上散发开来，所有人瞬间东倒西歪，瘫倒在地。有的实力弱的，直接被震飞到五米开外，重重的摔在地上。李静怡勉强稳住身形，看着陆云的眼神有些复杂。才几天没见，这家伙看上去好像与之前有些不一样。但是想到属于自己的奖励看，看都没能看一眼，就要被陆云独吞，李静怡心里就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不吐不快。废物，你敢出手伤我们？ 指着陆云，李静怡脸上的肉凝作一团，难看到了极点。陆云冷哼一声，犀利的目光扫视众人，再不滚，我不介意把你们扔出去！哼，好大的口气！陆云话音刚落，不远处就传来一道苍然有劲的呵斥声。李静怡跟王彦辰闻声望去，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第十六章二阶 B 级气灵师二 B。不多时，只看到莫思颖在前，后面跟着两男两女，身穿制服的人向这边走来。 陆云，执法队的人来了，你死定了！看见来人，李静怡一脸得意地看着陆云，脸上露出嘲弄的表情。看着向自己走来的执法队，陆云开启了气灵神童，分别是两个二阶蓝色 B 级气灵师以及两个二阶紫色 B 级气灵。气灵师跟气灵除了资质划分，还有阶位划分。阶位划分的依据，则是根据自身灵力值，灵力值五百至一千，则是一阶。正如李静怡等人一样，无论资质如何。 那也仅仅是一阶气灵师跟一阶气灵，之后灵力值每增加一千，就成功突破到下一个阶位。每个阶位划分为四个段，分别是白、蓝、紫、金。每一段平均灵力二百五十。当然，同阶位同段位，资质越高，实力越强。有的资质逆天，并且技能变态的，甚至可以做到跨越段位击杀对手。正如陆云跟上官清雪这样的存在。我们是执法队的，我叫张龙虎，我旁边这位叫李达开。 为首浓眉大眼、体型健硕的张龙虎做完自我介绍，随后指着莫思颖继续说道：“这位同学举报你说你在副本里面残害同窗、抢夺符石，现在又怀疑你私吞奖励、有欺凌同学的嫌疑，所以你得跟我们走一趟，配合调查。”表情严肃，语气冰冷，根本没有给陆云解释的意思。张队长，魏义军死的时候那样子，简直惨不忍睹，就是这个家伙，心肠歹毒，手段残忍，目无法纪。 刚刚还在肆无忌惮地说他就是法，就是要独吞这一次的副本奖励，还请张队长对他进行严厉教育，从重处罚。听到张龙虎的话，李静怡不忘在旁边添油加醋，说完还暗中给王彦辰他们使眼色。一瞬间，所有人都开始指责起陆云。张队长，静怡学姐说的没错，您看看那边那几个重伤昏迷的同学，就是这个家伙出的手。他在副本里面什么事也没做，完全靠侥幸让别人战斗，他去捡漏。 事后还要独吞所有奖励，我们刚刚抱着友好的态度跟他好好商量说，说拿出一部分奖励分给大家，他却蛮不讲理，还出手打人，太过分了。张队长，您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这种目无法纪的人留在社会上就是一个毒瘤，会危害国家和花朵的。看到是王彦辰跟李静怡都是 A 级，张龙虎面对二人的姿态都变低了许多。眼前这两人随时可以超过自己，所以他不敢怠慢，客客气气的说道：“两位放心，我一定秉公办理。” 让他把所有奖励拿出来分给大家，再给他发配到贫民区去做苦力。贫民区专门开采各种器灵、器灵师进化材料以及矿石的地方，在那里都是罪人，只有无尽岁月的劳碌，根本没有其他享受的机会。听到张龙虎的话，上官清雪娇颜愤怒着，想要上前理论，却被陆云制止住了。目光注视着张龙虎，陆云轻声问道：“张队长，执法队做事情不应该以事实证据为依据吗？什么也不调查，就这么给我定罪了？”张龙虎闻言。 冰冷的目光直射陆云，沉声说道：“你一个一级的气灵师，在副本里能发挥什么作用？没有拖后腿，已经算你懂事了。这还用想吗？他们说的话就已经是事实了，都不用调查的。你再胡搅蛮缠，我不介意给你加个苦力期限。”说罢，目光狠狠地盯着陆云。一旁的李静怡跟王彦辰看着这一幕，高兴的嘴角已经翘到天上去了，目光中满是戏谑、幸灾乐祸地看着陆云。张队长，快让他把奖励交出来！ 再把他带回去严办吧！李静怡显得有些迫不及待的催促道。张龙虎闻言，冲着李静怡笑着点点头，示意对方放心。随后，视线又转向陆云，一副居高临下的模样：“把东西交出来吧，主动一点，我们会考虑对你从轻处罚。”不好意思，东西已经全部用了，就算没用，我也不给。陆云双手一摊，一副不以为然、轻描淡写的说道。张龙虎原本以为陆云会乖乖交出来，然后跪地求饶，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样不识抬举，顿时怒从心起。臭小子，既然你活腻歪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说罢，身上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势，瞬间席卷众人。他们身后的两个女生也跃跃欲试，想要变身气灵形态。不必对付这么个废物，你们看着就好。张龙虎一脸凶相，拒绝了同伴的帮助。说罢，他便手右手握拳，朝陆云轰砸而去。上官清雪想要出手，却被陆云拉到身后。面对张龙虎致命一击。 陆云一脸云淡风轻，丝毫不慌。李静怡看着这一幕，轻哼一声，装模作样。一旁的王彦辰以及其他人都幸灾乐祸地看着陆云，他们此刻的内心都巴不得张龙虎那一拳马上落到陆云脸上，一个个迫不及待的想要看陆云狼狈倒地、哀声求命的画面。说实时迟，那时快，就在张龙虎砂锅大的拳头将要砸到陆云命门时，陆云猛地一个扫堂腿，直接扫过张龙虎下盘。张龙虎见状，轻笑一声。 区区一阶一级废物而已，竟然妄想撼动自己这个二阶气灵师，简直是异想天开。然而下一刻，腿上传来的剧烈疼痛，让他瞬间明白，小丑竟然是讹自己。只见陆云的扫堂腿轻松使张龙虎的身体失去平衡，没等张龙虎反应过来，陆云又是一脚猛地踹在他的腹部，剧烈的疼痛感从腹部传遍全身。张龙虎只感到体内气血汹涌，喉咙处一阵咸甜的味道传来，身体倒飞出去的同时。 一口鲜血从嘴里喷薄而出，哇！砰！张龙虎狂吐鲜血的声音瞬间传入众人耳中，紧接着就是身体重重砸在地上的碰撞声。所有人都一脸错愕，不可置信地看着陆云。他们原本想象中的画面没有发生，反倒是张龙虎被陆云两招就给重创了，逆天！太逆天了！陆云一脸玩味地看着地上脸色惊恐的张龙虎，笑着问道：“二阶 B 级气灵师，我给你纠正下，你就一二 B。” 第十七章，不愧是无影剑，来无影，败无影。看着重伤倒地、口吐鲜血的张龙虎，在场众人无一不目瞪口呆，一脸错愕。怎么回事？他不是一阶一级的废物吗？怎么两招就把张队长打飞了？不对，这里面肯定有猫腻。别说他才是一阶，就算是二阶气灵师，那也不是张队长的对手。多半是把我们的副本奖励偷偷使用了，这才临时提升了实力。看着这不可思议的一幕，所有人都忍不住讨论起来。 就连李达开跟那两个器灵也在仔细的打量着陆云全身上下，想要摸清楚对方的实力。然而，任凭他们如何窥视，都只发现陆云只是个一级资质而已。感受到异样的眼光在看着自己，陆云猛地扭头冲李达开他们说道：“看什么看？不服就上啊！”语毕，陆云清澈明亮的眸子中迸射出阵阵杀意，这让李达开等人竟然感到有些忌惮。陆云听到周围同学们的议论，李静一冲李达开他们说道。 李队长，你们千万别被这个废物给骗了。他最擅长的就是装神弄鬼。刚刚他肯定是趁张队长不备，又加上他刚刚使用了副本奖励，才有短暂性的提升。只要我们一起联手跟他打消耗战，我相信要不了多久，他就会像泄了气的皮球，任人宰割。听到李静怡表态，王彦辰也自告奋勇站了出来说道：“李队长，这家伙简直目无法纪，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把他抓回去，严加惩处吧。” 面对王彦辰跟李静怡的主动请战，犹豫不决的李达开心里一狠，便进入战斗状态。同时，两个执法队弃灵以及李静怡他们也进入战斗状态。一群人虎视眈眈地看着陆云，一副要将对方碎尸万段的样子。陆云见状丝毫不惧，他不上前将上官清雪护在身后，依旧没有让对方出手的意思。上官清雪没有坚持，她相信陆云，因为她知道他的实力。陆云，别说我们不给你机会。 现在主动交出副本奖励，束手就擒，可以免受些皮肉之苦。看着一动不动的陆云，化作气灵状态的李静怡得意地说道。陆云毫无温度的眼神瞥了李静怡剑身一眼，满脸不耐烦：“要打就打，你的气灵跟你一样犯贱。散”闻言，李静怡整个剑身瞬间爆红，率先向陆云刺去。陆云不闪不避，在李静怡的剑刃将要抵达自己眉心的瞬间，猛抬右手，对着剑刃轻轻一弹。 只看见李静怡幻化的无影剑不由自主的快速打转，并且往外飞去。叮！一声尖锐的剑声响起，那把无影剑随即深深刺进院中的水泥地里。没半个功夫，李静怡变回人形，蓬头垢面，一副狼狈模样。呸！李静怡啐了一口唾沫，然而吐出来的并非口水，而是沙粒。噗嗤！陆云身后的上官清雪看着这一幕，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不愧是无影剑，来无影，败也无影。 陆云一脸戏谑地看着李静怡，开口讽刺，丝毫没有顾及对方面子。李静怡恼羞成怒，咬牙切齿，指着陆云：“一起上，给我打死他！奖励我不要，算你们的。”说着，又幻化成气灵形态，对着陆云虎视眈眈。其他人见状，一个个运转灵气，进入到战斗状态。一时间，陆云的住处灵气大盛，杀气冲天。李达开等人更是身先士卒，操纵着各自气灵朝陆云攻去。住手！陆云。 正准备一打多之际，天空中一声暴喝，制止了即将爆发的战斗。随即，一顶轿子从天而降，落到陆云住处的院中，化作两道人影。来人一男一女，男的浓眉大眼，体型修长，戴着一副金色边框眼镜，是陆云学校的教导主任罗大友；女的身姿婀娜，妖娆妩媚，是眼镜男的器灵，也是陆云他们的班主任林巧巧。二人一前一后朝陆云方向走来，看清楚来人，所有人都终止了攻势。 站在原地不动，是罗主任跟林老师，他们怎么来了？还用说？当然是听到有人报告陆云的丑事，亲自找上门来了。啧啧啧，他们可是三阶 A 级的强者，这下陆云不死也要脱层皮了。看着逐渐靠近的罗大友跟林巧巧，现场的人们像是等来了帮自己主持公道的青天大老爷，一个个眼冒金光，露出谄媚的笑容。罗大友看了一眼躺在地上起不来的张龙虎，让另外执法队的人将其扶起，随后一脸淡漠的看着陆云。 是你打的，没错。陆云撇撇嘴，李静怡一脸狼狈，拖着疼痛的身体来到罗大友身边。罗主任，我相信你已经听说了陆云残害同窗、私吞副本奖励的事情了。刚刚执法队的过来找他，他竟然罔顾器灵师公约，借着副本奖励暂时提升实力，打伤了张队长。我好言相劝，他就把我也打成这样，甚至扬言就算校长、主任来了他，他都不会交出奖励。这种人简直就是我们学校的耻辱。 罗大友看了一眼李静怡，让林巧巧先帮忙安抚他的情绪。随即，罗大友走到陆云跟前，开口问道：“他们说的事情是不是真的？”虽然语气比较平淡，但脸上的神情却显得严厉冰冷。陆云目光直视罗大友，反问道：“我要说，不是你会相信吗？”作为学校里的学生，陆云怎么会不了解眼前的这个罗主任？三天前自己被魏义军冤枉的时候，对方甚至都不愿意听自己解释，就找人撰写好了批评通报稿子。 还当着全校师生面前批评自己，狂妄！果然感受到自己威严被挑战的罗大友，冲着陆云就是一声怒斥：“交出副本奖励，否则以后你都不用来学校了。”紧接着就是冷冰冰的威胁。上官清雪想要向罗大友说明情况，于是上前开口解释道：“罗主任，不是陆云的问题，是他们。”闭嘴！一个 S 级彩虹马，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吗？话没说完就被罗大友喝止中断。见状。 陆云目光冰冷的注视着罗大友，森然说道：“就你这副模样，也配做教导主任？想要奖励，自己去副本里面拿吧。”说罢，陆云拿出副本钥匙，直接开启了无尽副本挑战。第十八章，我陆云要走，你们谁挡得住？虽然不知道陆云手上突然出现又消失的钥匙是做什么的，但是眼看陆云不知悔改，还当众对自己出言不逊，罗大友怒从心起：“树子，今天我就替学校清理门户。说吧”说罢。 罗大友直接开启战斗模式，瞬间一股强大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开来，现场众人无一不感到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罗主任亲自出手，陆云这个废物今天肯定是彻底完蛋了，真是够愚蠢的，乖乖交出奖励，最多就是被罚做苦役，也总比丢了性命强。想什么呢？残害同窗，私吞奖励，打伤执法队，对罗主任出言不逊，够他死一百次了。所有人都幸灾乐祸的看着陆云，巴不得罗大友。 立马给对方一个大逼斗，李清雪怒目斜视，眼中尽是得意之色。咚！突然间，天空中一声洪亮悠扬的钟声响起，瞬间引起众人恐慌。罗大友停下手中的动作，来到院中，看着万里无云的天空，一脸疑惑：“不是才刚刚通关一次副本吗？讲道理，南疆市已经进入了空档期，要等三个月才能再次被异兽挑战。再者说，南疆自从无尽副本开启以来，三天前才第一次被异兽选中，怎么会违背常规？” 接连两次被选中，咚！还没等罗大友想明白为什么，空中再一次响起震耳欲聋的钟声，两声钟响。罗大友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天空，震惊不已。作为教导主任，他自然知道两声钟响意味着什么，那意味着参与此次无尽副本的成员最高等级已经达到二阶，而不是之前简单的一阶副本。此刻，在场的众人脸上无一不露出害怕的神色。二阶副本自然也会选中一阶气灵师，一旦被选中。 他们必然有几率面对二阶异兽，那样的话，迎接他们的只有死亡。咚！悠扬的钟声再次响起，这一刻，所有人眼中充满了惊恐之色。三声钟响，异兽最高等级为三阶，一旦遇到三阶 S 级异兽，那进去的人将有一大半以上要成为炮灰。此时，就连罗大友的脸上都露出了恐惧的神色。然而，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束金光从天而降，将罗大友整个身体笼罩在其中。 紧接着就是李静怡、王彦辰、林巧巧等人，一时间，陆云住的小院里全是密密麻麻的金光，直到最后才落到陆云跟上官清雪身上。陆云，你到底做了什么？罗大友一脸愤怒，转头看着陆云，厉声斥问道。陆云双手一摊，脸上露出一丝冷笑：“没什么，我就是主动开启了无尽副本而已。你们在场的所有人都会被选中进入副本，并且我把挑战系数调整到了三阶。” 听到陆云的话，所有人惊恐、疑惑、指责的目光纷纷射向陆云。那三声如同丧钟般的声音，竟然是他敲响的。李静怡指着陆云，怒不可遏地质问道：“废物，你怎么能这么自私，擅自给我们做主？自己刚刚经历过无尽副本的绝望，打死也不想再经历第二次。然而陆云却未经他们同意，擅自开启无尽副本挑战，还将系数调到三阶，这不是让大家一起进去送死吗？”面对李静怡的质问，陆云轻笑一声。 随后目光冷厉的看向众人，你们不是想要副本奖励吗？自己进去副本拿吧。说罢，陆云将房门关上，拉着上官清雪打算离开这里。他实在不想与这些人过多纠缠。众人见状，一个个围了上来，不打算让陆云轻易离开。轰！突然间，一股极其强大的气浪自陆云身上散发出来，席卷四周，众人维稳不住身形，身体不由自主的往后退去。 一些实力不济的学生竟直接倒在地上，四仰八叉。我陆云要走，你们谁能挡我？语毕，陆云冷厉的目光扫视全场，杀意盎然。所有人只感到一阵寒意射来，陆云身前的人不自觉地让出了道路。李静怡想到陆云利用副本奖励提升的实力还在，不敢上前阻挡，拉着林巧巧的手说道：“老师，你看他也太过分了。”林巧巧美眸微抬，看向院中的罗大友：“废物，你竟然敢私自开启副本！” 给我站住！没等林巧巧多说，罗大友便指着陆云怒吼道：“陆云没有理会罗大友，拉着上官清雪径直往外走去。眼见自己被无视，罗大友怒不可遏，顿时就要冲上去将陆云就地正法。”罗大友主任，请立即到校长办公室开会。罗大友主任，请立即到校长办公室开会。不远处学校传来的广播声，让出手的罗大友收住了攻势。这声音是校长的，校长亲自通知。 证明学校有生死存亡的大事发生，罗大友不敢耽搁，示意林巧巧变换成气灵状态，迅速赶回学校。陆云，从今日起，你被开除了。再见到你，我定会让你知道什么叫尊师重道。罗大友身影已经消失不见，威胁的声音却徘徊在天空之上，传入众人耳中。对此，陆云丝毫没有在意。看着陆云与上官清雪消失的背影，李静怡愤懑难平，却又无可奈何。看着李静怡一脸郁闷。 王彦成走到其身边，轻声安慰道：“亲爱的，别跟这种废物置气。不过是仗着副本奖励才暂时提升实力，等到副本奖励的作用消失，到时候他就是个废物。咱们想怎么拿捏就怎么拿捏。他们不知道具体的副本奖励是什么，但是在看到陆云使用奖励之后，竟然能够短暂提升实力，这让王彦成心中更是不爽。那些奖励原本是属于自己的。”闻言，李静怡神色稍缓，恶狠狠说道：“一个被我抛弃的废物而已。” 竟然敢一而再、再而三的骑到我的脸上！走，我们去看看哪些人被选中参加副本的。大家联手，一起先废了这个废物。说着，李静怡率先向院外走去。王彦辰见状，也率领着众人紧跟上去。至于执法队的李达开等人，则是搀扶着张龙虎先回单位报道。罗大友来到校长办公室，只看到校长李苍然脸色凝重，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显得极为焦虑。看到罗大友进来，没等对方开口，李苍然神色仓促的先说道。 S S S 级气灵师被选中进入这次的副本试炼了。第十九章，老人家，你再看看我呗。闻言，罗大友脸上表情顿时凝固下来。S S S 级的气灵师才刚刚觉醒没多久，就被选中参加三天后的三阶副本了。愣了片刻，罗大友表情凝重的冲李苍然说道：“李校长，我也被选中进入副本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林文博同学的。”他口中所说的林文博，就是陆云引起天地异象的那天。 李沧然他们过去找到的 SSS 级器灵师，其实林文博也并非是 SSS 级器灵师，他不过是贪图名利，冒名顶替而已。真正的 SSS 级器灵师是陆云。由于 SSS 级器灵师或者器灵本身无法被人直接看透，所以就这么被林文博蒙混过去了。李沧然听到罗大友的话，悬着的心顿时感到安稳了不少，转而一脸疑惑的问道：“根据资料记载，被异兽挑战过的城市不是有三个月的空档期吗？” 怎么第一次副本才刚刚结束，马上又被选中了？难道说资料记载有误？原本李苍然还准备大肆宣传自己学校的学生在副本中完成通关，拯救南疆数百万人口，那样一来学校就会获得上级部门的金钱、材料、技能等资源倾斜。谁曾想，还没等李苍然来得及高兴，第二次副本就紧随而至，并且还将全国罕见的 SSS 级器灵师林文博给选中了。李苍然当时就失去了所有兴致，变得郁闷起来。 听到李沧然发问，罗大有无奈的叹了口气，淡淡说道：“记载没错，这次的三阶副本是陆云那个废物主动发起的。”什么？闻言，李沧然双目圆睁，一脸的不可置信：“胡闹，简直是倒反天罡！”紧接着来的便是李沧然几近愤怒的咆哮。良久，李沧然调整情绪，使自己冷静下来，问向罗大有：“那个废物在哪里？老夫要找他问问清楚。”罗大有同样也是一脸愤懑。 这样的人根本不配做我们学校的学生，我已经把他开除了。刚刚本来是要把他制服，将上次副本通关的奖励拿过来给林文博的。接到你的通知，我就赶紧过来了，暂且让他逃过一劫。听到这里，李沧然心生疑惑：副本奖励，怎么回事？在罗大友将陆云残害同窗、抢夺符石，以及凭借运气毫无作为却成为副本通关人的事情告诉李沧然之后，李沧然越听越恼火，自己学校怎么就出了这么一个败类？ 陆云的事先放一边，当务之急是竭尽全力培养林文博。学校里的修炼资源全都给到他，争取三天内让他把阶位提升上去。还有你，一定要做一个周密的部署计划，确保林文博在副本里面万无一失。李沧然现在没空去理会一个一级的吊车尾，赶紧语重心长地叮嘱着罗大友。罗大友丝毫不敢怠慢，连连应声点头。就在这时，办公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李沧然走到桌子旁边，拿起听筒接听起来。 只见他脸上的神情逐渐兴奋，直到电话挂断，李沧然脸上的愁容与凝重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没等罗大友发问，李沧然就笑着告诉罗大友：“好消息，好消息！南疆总督府来电话说，<是>叶凝霜也被选中进入副本了。”闻言，罗大友脸上也露出欣喜的表情。叶凝霜，南疆女战神，三阶 S 级器灵，与他契约的器灵师是三阶 S 级器灵师秦风。 两人堪称是南疆市第三阶位的最强战力，向来毫无败绩。有他们出手，林文博与罗大友的安全问题就可以得到完美的保障。虽然说有他们帮忙，但我们也不能太过依赖别人。按照之前说的，你下去做好准备吧。这次副本要是能通关，奖励应该会很丰盛。李苍然看着脸色兴奋的罗大友，殷勤叮嘱道：“虽然叶凝霜跟秦风比罗大友只高出一层资质，但实力却是云泥之别。有了这两人的加入，这次的副本倒是没那么担惊受怕了。” 听到李沧然的安排，罗大友便离开办公室，前去找林文博了。陆云与上官清雪离开出租屋以后，便来到南江城的任务馆。气灵师可以在这里领取各种各样的任务，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对应的赏金。他们想在三天内赚够十万金币，然后去技能馆买一个气灵师技能，先过渡一下。想要在如此短的时间赚够十万金币，唯一的途径就是完成任务，并且还是难度系数高的那种任务。此时，任务管理人满为患。 许多气灵师都带着自己的气灵在这里挑选任务。任务馆分四层，由上到下分别对应四阶、三阶、二阶、一阶。四阶并不是气灵师的最高阶位，这里任务馆最高到四阶，是因为南疆目前最高的气灵师阶位只有四阶。每一层的人物等级划分与气灵等级划分是一致的。S 级以上的任务栏则与其他地方不同，根本看不到一个人影。这种级别的存在，不管阶位如何，都不会缺乏金钱与资源。当然。 陆云与上官清雪除外，陆云带着上官清雪来到四楼，在现场所有气灵师和气灵错愕的眼神中，径直朝 S 级以上任务栏走去。什么情况？这两个家伙不要命了？竟然敢接四阶 S 级的任务？那不是南江中学出了名的废物陆云吗？两年半以前，那可是 S 级气灵师呢，有个毛用？现在已经是一、e、级的垃圾了。就连他旁边的气灵也不过是最差的 S 级。陆云跟上官清雪没有理会他们的议论。 而是在他们震惊的眼神中，直接来到 SSS 级任务栏，接取了那张唯一的任务单，然后走到登记处登记，之后就可以去做任务了。你们两个确定要接这个任务？登记处一个右眼戴着单片眼镜的长须老者，此刻一脸疑惑的问向陆云跟上官清雪：“这可是四阶 SSS 级任务，一直放在那里，从来没有人敢去接。”闻言，陆云点了点头说道：“就麻烦你帮我们登记一下，发放凭证，我们赶时间。” 老者将脖子往前伸了一下，在看到上官清雪只有 F 级之后，便冲着陆云二人摆手，连连摇头拒绝：“不是我不给你们登记，而是我不能给你们登记啊！”对于他而言，这两个学生就是不谙世事,事，把这张任务单当成是过家家的玩意儿了。陆云自然知道老者为什么不登记，于是一脸认真的看着老者：“老人家，麻烦你再看看我呗。”老者呵呵一笑，只当是满足小孩子的需要，转头看向陆云，这一看差点没叫出声来。 第二十章魔兽深渊。嘘！眼看老者将要发出一声惊呼，陆云赶紧做了个晋升动作。老者一脸震惊的看着陆云，对，是你，是你，就是你！一旁的上官清雪看在眼里，一脸疑惑，好像这老头一直以来就等着陆云出现一样。老者没有声张，只是按照规矩给陆云做了登记，发了信物，最后将一个古式锦囊交到陆云手中，并且叮嘱道：“到了地方，把这个打开，就能找到具体位置。” 语气十分温和，这让后面赶来排队登记的人们感到不解。陆云只是郑重地跟老头点了点头，拉着上官清雪就往外走去。好巧不巧，一出门就跟李静怡和王彦辰撞见了。呀呵，这不是刚被我们学校开除的 E F 组合吗？怎么抢到扫大街捡垃圾的任务了？看到陆云，李静怡总是忍不住要说上两句，尤其是想到这几天陆云的所作所为，以及他身边比自己漂亮的上官清雪。 陆云压根不想跟李静怡纠缠，在上官清雪化作气灵状态后，就冲天而起，朝着目的地进发。李静怡看着飞远的陆云，嘴上还是不依不饶的吐槽了一句：“不愧是 S 级的彩虹马，飞起来速度还挺快的。”呵呵。说罢，便带着王彦辰准备进入任务馆。然而没等他们走进去，里面乌泱泱一大群人就跑了出来，一连问了好几个人都不愿意搭理李静怡跟王彦辰，直到最后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 杵着一根金色龙头拐杖从里面走出来，老人戴着一个斗笠状帽子，帽子边沿垂下一圈透明纱布，遮挡住了他的真实容貌。看了一眼远处没影的人群后，老人停下脚步，打算给他们二人解惑。听任务馆的周主不说，有个绝世强者降临南疆，接了那个四阶 S S S 级任务。此刻那位强者正在赶往魔兽深渊，要与馆主一起镇杀那深渊领主。大家都往深渊外围赶去吧，看能不能被馆主选中。听完老人的话。 王彦辰跟李静怡都目瞪口呆，一副震惊模样。魔兽深渊遍地是宝藏，因为有深渊领主守护，一直没人能踏足半步。三年前，任务馆馆主就只身前往魔兽深渊，发布了组队任务，寻找同伴一起镇杀领主，并且承诺，一旦击杀领主，将随机挑选器灵师器灵与自己组队，搜刮魔兽深渊的宝藏。跟在强者后面白嫖的这种机缘，百年难得一遇。想到这里，李静怡、啊、的一声尖叫。 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我说：“陆云怎么跑那么快？原来是老毛病犯了，又想去捡漏。王”王彦辰闻言点了点头，表示认可。这种机会我们也不能错过，赶紧出发吧！李静怡内心激动，一脸憧憬的说道：“嗯，要是能被那位绝世强者选中，咱们可就发达了。”说罢，李静怡化作剑身，王彦辰握住剑柄，朝着魔兽深渊飞去。别问为什么不御剑，因为李静怡不想被人踩在头上。老人看着远去的两人，无奈叹息一声。 哎，现在的年轻人真不懂尊老爱幼，都不知道帮老爷子一把。语毕，老者身形一闪，消失在了原地。陆云跟上官清雪进入到魔兽深渊腹地，陆云便打开锦囊，发现里面竟然是个定位器。调整了一下画面，一个闪闪跳动的红点出现在了屏幕上。陆云盯着屏幕，缓慢转了一圈，最终锁定了一个方向。走。话音刚落，上官清雪便带着陆云直接朝红点所在方向飞去。随着距离红点越来越近。 陆云让上官清雪放慢了速度，同时放低高度，仔仔细细地扫视着下面的情况。魔兽深渊是两座高山的中间，山上丛林密布，遮天蔽日，并且随处都有瘴气。陆云跟上官清雪早就在自身周围做了一层防护罩。由于没有人来打扰，这两座山魔兽种类众多，危机四伏。他们虽然不是异兽，但同样是人类，如同天敌。陆云正在仔细观察下方的情况，背后传来上官清雪的声音。 三年都没有馆主的消息了，不知道现在对方怎么样了。任务馆馆主只身闯荡魔兽深渊的事情，在南疆几乎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陆云闻言，轻声回了上官清雪一句：“马上到了，一会儿就知道了。”嗯。此刻显示屏上对应他们的绿点已经跟红点完全重合。陆云放眼望去，下方雾气缭绕，什么也看不清楚。上官清雪再次放低高度，直到陆云身体穿过雾气。此刻陆云的脚。 已经可以触碰到地面上的灌木丛了。仔细检查一遍之后，陆云并没有发现任务馆馆主的身影，于是开口呼唤道：“莫馆主，你的任务我接了，还请现身一见。”大概过了半分钟，四周依旧没有任何动静，这不免让陆云感到有点不对劲。莫馆主，陆云没有放弃，继续尝试性的又喊了一声，然而回应他的只有风吹树林的沙沙声。陆云一脸疑惑，随即右手积蓄力量，对着脚下的灌木一拳轰出，轰杀。 随着轰炸声和伴随着灌木四处飞散发出的声音响起，脚下的土地完全裸露在陆云眼前。陆云向下看去，只看到一块破碎的布料，像是包裹着什么东西一样，静静地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落到地上，陆云捡起那块破布摊开，竟然发现这是一件外套，并且领口处一个金丝的墨字还在闪闪发光。而衣服里包裹着的，正是任务馆馆主墨云天的定位器。将破碎的衣服检查一遍。 陆云还能清晰的看到上面有干涸的血渍，看到这里，陆云喃喃说道：“看来莫馆主遇到危险了。”种种迹象表明，这件衣服就是莫云天的。突然间，一块令牌从衣服兜里落了出来，陆云捡起一看，是任务馆馆主的身份牌。拥有这块令牌，就意味着就是任务馆的馆主。因为任务馆有个规矩，只认令牌不认人。这么重要的东西都落在这里，陆云心中猜测，莫云天恐怕已操不测。嗖嗖。 就在陆云看着令牌发愣之际，两道黑色的身影忽然从眼前余光飞过，陆云当即警觉起来，与上官清雪相互配合，目光一寸一寸地留意着四周变化。你们跟那个人是什么关系啊？就在此时，一道奶声奶气的声音传来。陆云闻声望去，只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孩童躲在一棵粗壮的树干后面。男孩稚嫩的手指着陆云手中的衣物，一脸好奇地问道。正要答话，陆云却发现对方的眼睛是树童。第二十一章。 墨云天，树童，也就是兽眼，只有一些魔兽的眼睛才会是这个样子。陆云与上官清雪马上催动灵力，当场戒备起来。只见陆云脸色一沉，冷厉的目光看向二人，冷冰冰问道：“你们不是人？”两个小孩感受到敌意，并没有着急露出真身，只是身子往树干后挪动，似乎那粗壮的树干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全感。我们不是坏魔兽，娘亲叫我来给你们带路的。我叫金童，这是我妹妹玉儿。 说完，那个男孩子丢了一个物件过来，陆云接过一看，是一块黑色令牌，跟自己手上的任务信物一模一样，上面刻有任务等级以及接受任务的器灵师名字莫云天。陆云思虑片刻，便与上官清雪保持戒备，跟着那两个孩童往魔兽深渊走去。对方竟然让小孩子来接自己，那就说明没有敌意。陆云跟着两个孩子来到两座魔兽山脉的中央处，只看到一条鸿沟横跨在两座山脉之间。 鸿沟之上，云雾缭绕，什么也看不清楚。然而那两个孩童并没有停下来，而是一往直前，直接朝着鸿沟之上的虚空走了上去。陆云疑惑之际，正要开口阻止，却看见两孩童走在虚空之上，如履平地，并没有掉下去。金童回过头，看见陆云止步不前，脸上露出纯真烂漫的笑容：“没事的，这就跟走在陆地上一样，你们跟着我们走就行了。这里有一道结界，外人看不出来的。”闻言。 陆云心神与背上的上官清雪做好沟通，便来到鸿沟边上。只见他尝试着迈出右脚，轻轻在虚空中点了两下，的确跟金童说的一样，有像在陆地上的感觉。于是陆云大胆地往前走去，跟上金童和玉儿，穿过重重迷雾。不知过了多久，陆云眼前视线突然间豁然开朗，眼前的画面顿时令陆云跟上官清雪大感惊奇。这里像是一个村落，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事情，来来往往的都很热情。 他们住的房子也跟外面不同，跟陆云穿越前看过的电影里霍比特人的一样。不过，在看到陆云之后，脸上都露出忌惮与厌恶,恶相掺杂的表情。要不是有金童玉儿在前面带路，这些人估计不会让陆云进村。并且，陆云发现这里的每一个人，跟金童玉儿一样，都是兽人。更令陆云惊奇的是，这里的灵气极为浓郁，比外界充沛数十倍。大哥哥，你不要介意，我们一般不会让人类来到家园的。前面带路的金童。 害怕陆云多想，还贴心的出言安抚。一旁的玉儿没有说过话，只是跟着金童。金童到哪，他就到哪，形影不离的样子。看着这温馨的场景，陆云不免心生感触。他们也许唯一跟人类不同的，就是种族了吧？陆云跟着金童玉儿一道来到村子最中心处，一个看上去比其他都要大上两三倍的土丘房。进到屋内，陆云发现除了吊顶，其他装饰摆设跟人类没什么差别。刚进门，金童玉儿就一路蹦跶。 往里屋走去，一边走一边喊：“妈妈，我们把人带来了，可以出去玩了吗？”紧接着便是一声轻柔悦耳的女子声音响起：“去吧，记得早点回家哦。”然后金童玉儿便满脸欢喜地跑了出来，往门外跑去。“你们进来吧。”金童玉儿走后不久，那女子甜美动听的声音再次传来。上官清雪化作人形，与陆云一道走了进去。一进屋，便看到一个眼如秋水、眉似柳梢、脸上气质温婉、婀娜多姿的美少妇坐在床头。 他穿着一袭锦衣华裳，举止优雅大方，仪容显得尤为高贵。床上则是一个须发皆白、原本双眼紧闭的男子，此刻在感知到陆云二人进屋后，缓缓睁开眼睛，上下打量着陆云与上官清雪。陆云发现，此人正是墨云天。你们聊吧。那中年妇女将墨云天扶起，靠在床头，便起身往外走去。墨云天靠在床头，目光上下扫视了陆云一遍，想要看清楚对方的实力。然而。 任凭他如何查看，都无法看清，仿佛眼前的陆云就像是一望无际的大海，自己只是其中一滴水而已。不用看了，我敢接任务，自然不会让你失望。陆云感受到莫云天的意图，于是开口说道。莫云天闻言，抱歉，二位看上去都很年轻，我只是有点不敢相信。听到莫云天的话，陆云只是微微点了点头，然后目光注视着莫云天问道：“说说吧，什么情况？今天看到的一切令陆云大为不解。” 且不说此地出现的兽人就是墨云天才四阶 A 级气灵师，为什么会将魔兽深渊的任务难度定为四阶 S S S 级？这些陆云都必须要问清楚，否则他不会轻易听从墨云天的安排。墨云天脸上神情瞬间凝重下来，思虑片刻，这才缓缓开口：“刚刚你们看到的那个女的叫做云霓，是这里的王。这里他们称作为家园，而这里的每一个兽人都是灵兽。在家园下面就是魔兽深渊。”经过墨云天的介绍。 陆云大致弄清楚了这方空间的构造，两座魔兽山脉，左边是云丘，右边是云岗。云丘、云岗中间分上下两层，上层是灵兽，下层是魔兽。灵兽的存在就是为了压制下层的魔兽，魔兽专门吞噬人类与灵兽，提升自己的实力，直到灵兽家园出了一个先知强者，将所有魔兽赶到魔兽深渊，并以自己的寿命为代价设置了封印结界。一直以来，深渊领主都在想方设法破坏结界。 想要颠覆灵兽，重获自由。如今灵兽的先知亡故多年，封印有所松动。因为灵兽家园没有四阶 SSS 灵兽的存在，所以只有寻求四阶 SSS 级的气灵师帮助，才能将深渊领主彻底消灭。莫云天说完，一脸祈求的看着陆云小兄弟：“蓝江跟灵兽家园就全部托付给你了。”陆云闻言点了点头，应了下来。既然接了任务，陆云肯定是要完成的。但是陆云还有一些问题不明白，莫馆主。 你与云霓是什么关系？还有，你的伤又是怎么回事？闻言，莫云天身子一愣，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看着陆云。第二十二章破风而出。由于半晌之后，莫云天还是选择回答陆云的问题。他与云霓关系有些微妙，二人真心相爱，却因为人兽相隔没有走到一起。这也是莫云天为什么牵头寻找七灵师帮忙的原因。至于他的伤，是被深渊领主逃窜出来的一缕神识给打伤的。所幸有云霓。 否则他就死在云丘山脉了。听到这里，陆云心里所有的疑惑都已经烟消云散了。正打算将馆主令牌还给莫云天之际，这方天地突然间发生剧烈抖动。不好！深渊领主要冲破封印，杀出来了！床上的莫云天顾不得身上伤势，强行起身，带着陆云跟上官清雪快速往外走去。没多久，莫云天便带着陆云二人走到一处类似于祭坛的位置。祭坛整体呈八卦形状。 每个方位都插有一面黑色的旗帜，中央是一个火炉。此时炉子中的火焰呈深黑色，闪烁跳跃着，看上去显得极为诡异。此时云霓身披战甲，手持一根紫色水晶权杖，立在祭坛中央。他的四周全是是灵兽家园的兽人们，金童玉儿也在其中。只是他们懵懂的目光跟其他人有所不同。此刻他们都面向祭坛，目光注视着炉子里即将变成火苗的火焰。现场一片寂静，没有任何人说话。 那火焰一旦熄灭，就是代表封印被破除，深渊领主就会破封而出。莫云天朝着陆云解释说道，脸上的目光却没有离开过祭坛上的云霓。云霓蹙眉微皱，随后语气慷慨激昂的冲众人说道：“家人们，为了我们的家园，请把你们的力量借给我吧！”他是想借助大家的力量加强封印的力量。所有兽人同仇敌忾，纷纷将自己的力量贡献到云霓身上。一时间，云霓周身光芒大作，气势磅礴。云霓挥舞手中的权杖。 将能量灌注到权杖顶部的水晶，再对准炉子，试图用能量使已经成为火苗的炉火再次变成火焰。晚了，来不及了。见状，陆云轻声说道。然而他的声音在这安静的场合之下，却显得尤为突兀。刹那间，所有兽人不友善的目光纷纷向陆云投射过来。对此，陆云并没有理会，只是一脸平静的看着祭坛中央的云霓，继续说道：“这处封印已经被下面的深渊领主彻底破坏，失去了本源。” 要不了多久就会破风而出，要想彻底阻止，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放他出来，杀了他。陆云话音刚落，现场一片哗然。这小家伙不是金童他们带过来的那个人吗？他竟然能看懂先知的封印。听说云王一直在等一个人类强者，该不会就是他吧？呸，想什么呢？虽然我看不穿他的实力，但我感觉我一拳就能把他砸死的样子。一个头上长着两只脚、浓眉大眼的壮汉靠近陆云，当场反驳。 胡说八道！我们先知实力震古烁今，你竟然在这里蛊惑人心，扬言释放深渊领主，说你是不是深渊领主派过来的奸细？此话一出，所有兽人当场戒备，警惕地看着陆云。云霓在祭坛上加持封印，也看到了这一幕。不过他并没有开口，他想要看看陆云是否真的就是墨云天说的人类强者。感受着众兽人浓浓的敌意，上官清雪跟墨云天都想上前，却被陆云拦下了。 随即，陆云扫视着周围的兽人，伸出五根手指，淡淡说道：“五息之内，深渊领主必定破风而出。”此话一出，墨云天担忧的眼神看向祭坛上的云霓。若真如陆云所言，云霓必然受到阵法反噬。危言耸听！那个头上长角的壮汉不屑的看了一眼陆云，大声说道：“这封印这么多年了，一直平安无事，你说坏就坏掉了。”陆云对此视而不见，而是淡淡的说了一个四。看到陆云一脸笃定的模样。 兽人们不以为然，正如那壮汉所言，都觉得陆云实在危言耸听。轰隆隆！就在这时，打的发生剧烈晃动，就像是被什么东西从地下强烈撞击到一样。台上的云泥感觉到了不对，加大了维持封印的力量。三，陆云还在继续倒数。此刻，兽人们脸上嘲弄的表情消失不见了，就连那个壮汉也是一脸震惊的看着陆云。大地抖动还在继续，许多人都在想方设法稳住身形。 这次深渊魔兽冲击大地的力度比以往都要大得多。金童玉儿也是跑到墨云天身边，双手拉着他的衣角，脸上带着不安的神色。二，此刻陆云的倒数就像是所有兽人的生命倒计时一样，他们脸上的表情已经开始变得恐惧。谁都知道，当年那深渊领主残暴成性，血腥杀戮，就连灵兽先知也是以寿命为代价才将其镇压住。若是破风而出，这片大地上的所有生灵都难逃被屠戮的命运。 然而，就在此时，大地抖动消失了。嘘，一道呼气声传入耳中，众人闻声望去，是云霓发出的。他面前火炉中的火苗也在此刻变成了黑褐色的火焰，妖艳诡异。切，虚惊一场！小子看到没？这就是我们先知设下的封印。壮汉见状，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双手抱胸，看向陆云的眼神满是戏谑。其他兽人见此情形，同样也放松下来，一个个眼含怒气地看着陆云。然而。 陆云只是轻笑一声，随后淡淡说道：“一。”那壮汉见状，当场就不乐意了。火焰明明已经燃起，陆云如此，分明就是居心叵测，想要引起兽人恐慌，还在蛊惑大家，看我怎么收拾你！语毕，便双手握拳，朝陆云攻了过去。轰隆隆，轰隆隆，轰隆隆！没等他出手，数道闪电乍现，一阵阵晴天霹雳响彻天空。原本晴空万里的天气，突然间乌云密布，弄晕滚滚,滚。 四周的环境瞬间昏暗下来，就像是暴风雨即将来临的傍晚。此刻，所有人都感到一阵压抑、烦闷不堪。祭坛上的云霓一脸疑惑地看着那团黑色火焰，明明他已经将封印暂时加强了，现在这到底是什么情况？撤<出>！所有人疑惑不解之际，陆云一声暴喝，吓了众人一个激灵。然而，没等他们开口指责，就看到祭坛中央的火炉冲天而起，云霓惨叫一声，身子倒飞了出来。莫云天眼疾手快。 将其稳稳接了下来，这一幕瞬间让陆云心生疑惑：莫云天不是身受重伤吗？难道是装出来的？第二十三章偷袭。陆云无暇顾及莫云天的行为，他现在的注意力集中在了祭坛中央的火炉上。随着云霓被震飞出祭坛，炉子中火焰大盛，黑色火焰滚滚跳动，随即产生一股股浓浓的黑烟，由少变多，从一开始吞没火苗，直到最后将整个炉火完全吞噬。所有人看着这诡异的一幕。 只感到一阵脊背发凉，但又不敢说话，因为此刻他们还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以及恐惧。现场一片死寂，就连被墨云天接住的云霓也是一脸表情凝重。半晌过后，黑色的浓烟散去，原本的火炉已经不翼而飞，只看到一个人影赫然立在之前火炉的位置。他面色苍白，眼角沾满血迹，脸上刻着两道刀疤，显得有些狰狞。身着一袭黑衣，衣襟上绣着一些复杂的图案。 目光中透出一股阴险狠厉，仿佛能够洞穿人心，令人不寒而栗。那股强大的压迫感，正是出自此人。哈哈，本尊终于冲破那老不死的枷锁了！哈哈哈！肆无忌惮的狂笑声震慑人心。他就是深渊领主，封禁千年，今朝终于重获自由。所有兽人脸上布满了恐惧、无助、绝望的表情，纷纷抬头看向他们的王云霓，希望身为王的云霓。 能有紧急应对之策。嗯，那你。然而，当所有人视线看去，却发现云霓被一箭穿心，鲜红的血液顺着剑身滴答滴答落到地上。娘亲，娘亲！金童玉儿同时发出悲呼，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这一幕。刺穿云霓心脏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墨云天。老夫运筹谋划,划多年，就为等这一天。不过区区兽类罢了，也配与老夫相爱？墨云天咬牙切齿，一副阴谋得逞的样子。 此刻的云霓也是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眼神从震惊变为错愕，再到茫然，直到最后的释然，没有再说多一字。云霓嘴角残留自嘲的笑容，断气了。看到这一幕，陆云能够感受到上官清雪有一种揪心的悲伤。坏人，我们要杀了你，给娘报仇！对，杀了他！在金童充满仇恨的悲愤声中，所有兽人都怒视着墨云天，放肆！ 祭坛上的深渊领主一声暴喝传来，所有兽人应声倒地，捂着耳朵痛苦嘶鸣。陆云与上官清雪眼疾手快，在各自护住金童玉儿的同时，也运转灵力做了一道保护层。深渊领主狠厉的瞪了一眼陆云二人，轻哼一声，目光转向墨云天：“你做的很好，我答应你的事自会做到。”说罢，朝墨云天伸出右手，迫不及待的想要索取什么一样。墨云天没有拐弯抹角，右手狠狠用劲，一把将云妮的心脏掏出，然后。 夺取云霓手中的权杖，走到深渊领主跟前，将这些递给了对方。砰！云霓身体与地面碰撞的声音传来，金童玉儿忍不住再次悲呼。整个祭坛周围，他们俩痛苦的哭泣声、呼唤声从未间断。若非陆云与上官清雪将二人抱住，他们此刻已怕是冲上前去，被深渊领主斩草除根。陆云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语气冰冷的问向莫云天：“莫馆主，你不觉得你应该给我一个解释？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 陆云不明白，谁料墨云天轻哼一声，随即一改之前的温和，哈哈笑道：“解释？你配吗？要不是那个贱人死活让我找一个四阶 S S S 级器灵师，你连见到领主的资格都没有。你们俩不过是一堆 E F 级的一阶垃圾，也配在我面前要解释？”墨云天的言语里，此刻充满了对陆云的歧视与不屑。他不知道陆云是怎么瞒过登记员老周的，但是他多次观察下来，对方的资质都是垃圾中的垃圾。再加上如今他的目标已经达到。 自然是不用压着，释放本性了。闻言，陆云将金童交给上官清雪看护，深邃的眸子注视着祭坛上的二人。此刻的深渊领主已经将云霓的心脏吞了下去，而那柄权杖，对方只是取下上面紫色水晶。回来了，你终于回来了！哈哈，贪婪的看着紫色水晶，深渊领主发出得偿所愿的狂笑。随后，只见他捏碎水晶，一抹紫色的光芒快速朝他的眉心射去。顷刻间，深渊领主全身气势浓浓。 眉间多了一个紫色的火焰标记，陆云这才反应过来，紫色水晶里面是深渊领主的修为，一脸满足的深吸一口空气。深渊领主睁开眼，看着墨云天，满意的说道：“做的不错，灵兽家园的一半东西都是你的了。”哈哈。墨云天闻言，脸上浮现出激动之色。此刻，陆云已经知晓墨云天所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骗取云霓的信任，在深渊领主破风而出的时候，偷袭云霓，夺取他的心脏与权杖。 真是个善于伪装、心机缜密的家伙。陆云瞥了一眼莫云天，随即视线看向深渊领主，启动系统查看对方信息。魔兽名称：深渊领主，魔兽资质 S S 级，魔兽阶位五阶，天赋技能：嗜血魔焰，战斗技能：魔临天下，横扫千军。将深渊领主信息完全浏览，陆云嘴角泛起一丝诡异的弧度。看到陆云在盯着自己，深渊领主脸上闪过一丝不悦，指着陆云说道。 小子，乖乖把那两孩子交过来，我饶你们不死。还有你身后那个女人，本尊憋了一千年了，是要好好释放释放了。跟墨云天一样，他只看到了陆云的等级跟资质是一阶一级。看着深渊领主咄咄逼人的模样，陆云冷哼一声：“想要，那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闻言，深渊领主脸上闪过一丝愠怒：一个一阶一级的小废物，竟敢跟自己这么说话！看来被封印太久，这个世界已经没人知道我的恐怖了。 既然如此，本尊就大发慈悲，拿你这个一级的废物人类先开刀吧！说罢，浑身气息暴涨，一股巨大的压迫感席卷四周。见深渊领主杀心已起，周围稍有实力的兽人纷纷过来护在陆云与上官清雪身前。小兄弟，别跟他硬碰硬，你的实力根本不是他的对手。是啊，你快找机会逃走，带着两位少主跟离开，我们用命给你拖时间。出了灵兽家园，就是人类世界，深渊领主不敢轻易造次的。 在看到陆云主动保护金童玉儿之后，他们将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陆云身上。然而，陆云只是轻笑一声，推开身前的兽人，目光直视深渊领主，脸上露出邪魅的笑容：“你确定你看到的就是真的？”第二十四章两个墨云天看着陆云一副自信模样，深渊领主只觉得他是在装神弄鬼。好久好久没活动筋骨了，能死在我的手上是你的荣幸。说罢，深渊领主化作一团浓烟，朝陆云席卷而去。 一旁的莫云天幸灾乐祸的看着陆云，戏谑的说道：“小子，别说你只是个低级废物，就算你是真的四阶 S S S 级气灵师，今日也难逃一死。领主大人的真正实力是五阶 S S 级，放眼整个南疆，无人可及。”言语之间尽显自豪，像是自己就是深渊领主一样。陆云没有理会莫云天，一双锐利的眼睛始终注视着深渊领主化成的滚滚黑烟。只见那黑烟快速逼近，马上就要将陆云吞没。这一刻。 所有兽人心生绝望，忍不住哀叹一声。然而，陆云却不慌不忙，轻笑一声，随即找准方向，凌空伸手抓了一束黑烟，往地上狠狠砸去。嗯嘛、啊！一声惨叫声传来，黑烟散去，只见陆云的右手正拧在深渊领主的咽喉处。看着这一幕，所有兽人不断的揉搓眼睛，反复确认自己有没有看错。在确定躺在地上被锁住咽喉的正是深渊领主时，周围响起了热闹的欢呼声。 之前的所有绝望与惊恐瞬间消失不见，所有兽人看向陆云的目光纷纷变得崇拜起来。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不过是个一阶一级废物而已，怎么能察觉到我的本体所在？被掐住咽喉的深渊领主一脸惊恐、不可置信地看着陆云，收回修为不说，他还吞噬了云妮的修为，成功突破到五阶。如今却被一个一阶的废物拿捏，他无论如何都想不明白。看着一脸疑惑、惊讶的深渊领主，陆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语气冰冷说道：“你们兽族的事情，我本不想参与，但你千不该万不该打我的主意，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恐惧。”说罢，陆云清澈明亮的目光直视深渊领主，那深渊领主脸上的表情从一开始的震惊，直到最后的绝望。此刻的他有些后悔，不应该冲破封印出来，那样他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下去。可惜陆云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了，右手发力，直接拧断了对方的脖子。 可怜被封印千年的深渊领主，才重获自由没多久，便一命呜呼了。顺手捏碎了深渊领主的脑袋，取出其中的兽核，陆云将其交给了上官清雪。随后缓缓起身，目光直视莫云天：“接下来到你了。”莫云天此刻还没从陆云秒杀深渊领主的震惊中回过神，在听到陆云的声音后，莫云天只感到四肢无力，双腿发软。刚刚陆云杀死深渊领主的残忍手段，让莫云天心有余悸，以至于他已经完全忘记。 之前他也是如此残忍，将深爱自己的云霓杀害。说吧，莫馆主，你想怎么死？陆云步步紧逼，根本不给莫云天喘息的机会。其余兽人见状，也都一个个逼近莫云天。没了深渊领主，他们还是有人能对付莫云天的。金童玉儿此刻止住了哭声，两张小脸愤然瞪着莫云天。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金童一个变身，化作蛟龙直奔莫云天而去。蛟龙掠过莫云天身体，一声惨叫发出，莫云天的脑袋。 轰然落到地上，无头身躯站立片刻，也轰然倒地。随后，蛟龙回到上官清雪身边，重新变回金童模样。只不过，此刻他眼神中多了一丝狠厉，再加上嘴角那未干的血迹，众人见状纷纷心里产生一丝畏惧。刚刚金童就要变身杀掉莫云天，但是有深渊领主在场，他不敢轻易妄动，因为从深渊领主的身上，金童感到了一股压迫感，将他死死压住，喘气都得小心翼翼。如今深渊领主被陆云杀死。 金童也没有什么顾忌，自然要变身给母亲报仇。看着一脸狠厉的金童，陆云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叹息：不管是人还是兽，都会在那么不经意的一瞬间长大。金童的实力倒是有些出乎陆云意料。若非墨云天利用爱情取得母子三人信任，又是偷袭手段，墨云天只怕是想靠近一下他们都不会有机会。想到这里，陆云分别朝金童、玉儿仔细看去。灵兽名称：金童，灵兽种族。 龙族，灵兽资质 S 级，灵兽阶位四阶，天赋技能击杀敌人成长攻击力量，战斗技能风卷云残，遮天蔽日，暗夜降临。灵兽名称玉儿，灵兽种族龙族，灵兽资质 A 级，灵兽阶位一阶，天赋技能无，战斗技能无，隐藏资质 SSS 级，灵兽资质成长上限无上限。 灵兽隐藏进化路线：田螺、白蛇、七彩琉璃蟒、祥云、蛟龙、应龙、古龙。看完兄妹俩的信息，陆云忍不住一脸不解：都是同一个妈生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尤其是玉儿，看上去柔柔弱弱，只知道屁颠屁颠跟在金童后面。但是这家伙竟然有隐藏进化路线，简直离谱！唉，看来还是来晚了。就在这时，一声无奈的轻叹声引起陆云的注意。闻声望去，只看到一个老头。 杵着金色的龙头拐杖，颤颤巍巍出现在众人面前，正是之前在任务馆门口给王彦辰跟李静怡解惑的那个老者。只不过此刻，老者头上的帽子已被摘去。此刻，他的目光凝视着台上莫云天尸首分离的惨状，脸上表情极为复杂。陆云定睛看向老者，淡然问道：“莫馆主，你这云里雾里的手段，我有点没看懂。”经过自己仔细观察，陆云发现眼前这个老者竟然是莫云天，只不过。 比起之前的墨云天，对方的年龄更为苍老而已。众人闻言，立即对着来人投去警戒的眼光，尤其是金童，不由分说就要变身，把这老者撕成两段。好在陆云及时压制住了，否则老者已经一命呜呼了。看着所有人充满仇视的目光，老者沉吟片刻，缓缓开口：“之前的墨云天是我当年进入到云丘山脉的邪念，被深渊领主利用，将我重创，夺走我的一切。我如今已经是个凡人。” 能够再次出现在这里，全靠尼儿当初给我的传送符石。说罢，墨云天老泪纵横，一脸伤感的缓缓朝云霓的尸体走去。金童玉儿想要阻止，却被陆云跟上官清雪安抚住了，将云霓尸身揽入怀中。墨云天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呜咽哭泣声响彻天地，在场之人无一不为之动容。半晌过后，墨云天哭累了，哭不动了，于是艰辛的举起右手，想要唤陆云上前。陆云见状，往墨云天走去。 看到蹲在自己跟前的陆云，墨云天用虚弱的声音说道：“小伙子，下面还有无数深渊魔兽，这里的事情远没有结束。”第二十五章，所有人禁止染指魔兽深渊。墨云天的话并非危言耸听，魔兽深渊之下，那些魔兵魔将要不了多久就会冲出来。墨云天看了一眼祭坛，随后从怀里拿出一倍技能卷轴和一个小玻璃瓶，交给陆云：“这是器灵师高级技能无相，送给你了。希望你不要将这里的秘密说出去。”嗨嗨。 还有祭坛正前方那座雕像，是先知唯一的后人。有一次封印松动，他耗尽自己修为将封印稳固。你将这瓶中的液体滴在他的眉心，他便能苏醒过来。我躲躲藏藏这么多年，总算是找到了这瓶药剂，想让他苏醒过来，帮我杀了这个邪念。可惜一切都晚了。行了，南疆任务馆以后也是你的了。我跟云霓要走了。说罢，墨云天不待陆云多说，便将一枚药丸投入口中，随后含情脉脉地看着怀里的云霓。不多时。 便也跟着断了气。看着这一幕，在场众人无一不为之动容，就连金童跟玉儿都能感受到，那个对他们百般疼爱的莫叔叔此刻回来了。转身看了一眼祭坛旁的那座女子雕像，陆羽握着手中的玻璃瓶，缓缓走了过去。近距离查看，陆云发现这座冰雕竟然给人一种清冷脱俗的感觉。打开玻璃瓶，陆云将液体倒在了雕像眉心处，霎时间，雕像周身开始碎裂，一阵阵白色光芒从裂缝中激射而出。 嘎吱嘎吱，一道道石块碎裂落地的声音传来，雕像周身逐渐光芒大盛。即使是在白天，众人都感到一阵刺眼眩晕，纷纷抬起手遮住自己的双眼。不多时，众人感到光线已经不再那么强烈，这才缓缓将手放下。此时，陆云的身前已经没有了什么雕像，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女子，一身雪白的肌肤和一头乌黑的长发，身穿一袭蓝色轻纱长裙，衣摆随风飘动，整个人看起来十分高贵。 她脸上带着微笑，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她。正是莫云天所说的灵兽圣女。谢谢你救了灵兽家园。圣女冲着陆云露出莞尔的笑容，语气感激说道。陆云回了个礼貌温和的笑容，轻声说道：“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你了，我去把外面的人赶走。”说完，上官清雪化作气灵状态，附着到陆云后背。陆云腾空而起，往来时方向飞去。圣女一双美眸注视着陆云远去的身影，直到消失不见。 这才回过神来，开始着手深渊余孽的清理。陆云，我们为什么不帮他们一下，把那些魔兽清理完再走？飞在空中，上官清雪忍不住开口问向陆云。闻言，陆云没有犹豫，开口回道：“有圣女就够了，我们把这些人先赶走，完成莫馆主的嘱托。”随后就回去开始修炼技能。至于三天后的副本，就陪他们好好玩玩。语毕，陆云清澈明亮的眸子里迸射出两道冷光。上一次魏义军还没有让那些人醒悟。 那大祸临头的时候就别哭。云丘山脉外围，人群密密麻麻，好不热闹。刚刚那阵动荡之后，就再也没什么异样了。想必那位强者跟莫馆主已经联手将深渊领主击杀。深渊领主被杀以后，我们都可以自由出入。听说里面的资源很丰富的，真希望一会儿祖坟冒个青烟，被莫馆主选中，那样就可以率先挑选里面的珍惜资源了。听着周围的议论声，李静怡内心充满期待，在希望被莫馆主选中的同时。 他心里更期待能与那位神秘强者见上一见，若是能够侥幸被对方看上，那自己就可以飞黄腾达了。一旁的拿着扇子给李静怡扇风的王彦辰看着李静怡脸上窃喜的笑容，并不知道他心里想的是什么，反倒是以为对方为自己的扇风行动感到开心，手上挥舞扇子的动作更加卖力了。来了来了，有人来了！突然间，人群中出现了几声惊呼，引得众人纷纷抬头看向天空，一个个的面露期待之色。 想着一会儿自己该如何表现才会被对方选中。随着天边由远及近的黑影逐渐变大，众人也终于看清楚了来人的真实面容。是你！在看到来人正是陆云的时候，李静怡忍不住一声惊呼。王彦辰也是一脸疑惑，指着陆云大声说道：“怎么会是你的这个家伙？”众人闻言，纷纷转头看向李静怡跟王彦辰，满是不解的模样。李静怡见状，指着天上的陆云大声说道：“各位前辈。” 这是刚刚被南江中学开除的废物，一级气灵师陆云。众人闻言，瞬间恍然大悟，转眼间露出轻蔑的目光，看着天上的陆云。陆云没有理会李静怡二人，而是扫视着下方人群，开口宣布道：“馆主令，所有人今后不得踏足魔兽山脉，违者杀无赦。”声音如九天惊雷炸响，蕴含无上惶惶天威，令人心神颤抖。然而李静怡却嗤笑一声，指着陆云厉声斥责道：“废物，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 糊弄我们！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不过是想把我们大家骗走。这样一来，等莫馆主赶到的时候，发现只有你一个人，就只能选你跟他一起进去寻宝了。一旁的王彦辰也是一副看不惯的嘴脸，附和着李静怡说道：“就你一个一阶一级的废物，也配染指这魔兽山脉的珍宝？识相的赶紧滚蛋，不然引起众怒，就把你彻底废在这里。”听到二人的话语，众人这才从愣神中反应过来，原来这个家伙是想把大家骗走。 独享魔兽山脉的珍宝，一个个对着陆云怒目而视，一副同仇敌忾的样子。陆云见状，心底冷笑一声：这群傻子根本不知道，他们其实是被墨云天给糊弄过来当炮灰的。深渊领主降临，若是灵兽家园被毁，紧接着就是南疆遭殃。墨云天不过是利用珍宝的消息，把他们骗到这里，阻挡魔兽大军而已。陆云并没有点破，看了一眼众人之后，淡然说道：“墨云天已死，你们再不走，一会儿深渊领主过来。” 后悔都来不及。果然，众人闻言，脸上纷纷露出震惊与惊恐的神情。你这个废物，真把我们大家当三岁小孩吗？李静怡思虑片刻之后，再次指着陆云，大声说道。陆云眼神微眯，眼神中迸射出一道寒芒，直射李静怡而去。第二十六章，要令牌自己来拿呀！看着陆云冰寒彻骨的眼神，李静怡顿时闪过一丝畏惧，感到如芒在背，指着陆云的手也不听使唤的落了下来。王彦辰见状。 护林心态爆棚，踏步上前，站在了李静怡的身前，横眉怒目，眼神直勾勾看着陆云：“怎么？明明是你自己的话漏洞百出，你还想动手打人不成？你刚刚说莫馆主已经被深渊领主击杀，那请问你所传的是哪位馆主的命令？就这点智商还想欺瞒众人？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是个废物吗？”看到王彦辰给自己辩护，李静怡心中的畏惧瞬间消散，高声说道：“你要是想要魔兽山脉的宝物，说一声就行。” 我们给你留根草什么的也不是不可以，呵呵。说罢，李静怡掩嘴轻笑，现场众人也跟着大笑起来。面对众人的嘲笑，陆云冰冷的声音再次响起：“辱没馆主，藐视任务馆威严，该罚！”语毕，陆云凌空甩了一巴掌，啪啪啪，一道道气劲犹如巴掌一样，重重的拍打在众人脸上。李静怡跟王彦辰作为罪魁祸首，被连续好几道气劲打中，此刻二人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看上去像是个猪头一样。 双手捂着刺痛的脸颊，李静怡一脸不甘与愤怒，看着陆云厉声呵斥道：“废物，你竟然真的敢打我！”啪！话音刚落，陆云又是一道巴掌气劲扇了过去。我什么时候不敢打你了？随即，陆云扫视着在场众人，取出身上的馆主令牌，厉声呵斥道：“作为任务馆新馆主，我再强调一遍，今后凡是涉足魔兽山脉者，死！”众人看着陆云手中的令牌，顿时面露惊慌之色。他真的是任务馆的馆主？ 这家火氏走了什么狗屎运，竟然能够得到莫馆主的传承？南疆任务馆虽然只是个分馆，但怎么说背后也是总管撑腰。传言任务馆全国总管的馆主，不管是阶位还是等级，都是人中翘楚。何止如此，为了保护资产，任务馆每个分馆暗中都有隐卫。听说南疆这些隐卫个个都是四阶强者。这一下，哪怕这家伙是个残疾人，光凭这个身份，也没有什么人敢去招惹。眼看陆云亮出任务馆馆主令牌，李静怡顾不得脸上疼痛。 连连摇头，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他一个废物而已，怎么可能会成为任务馆的馆主？我知道了，这个令牌根本不是莫馆主给他的。突然间，李静怡恍然大悟，指着陆云说道：“陆云，说，你是不是趁莫馆主跟深渊领主搏杀之际，偷了莫馆主的令牌？”此话一出，全场众人瞬间恍然大悟。这女生说的对，莫馆主怎么可能会将任务馆交给一个区区一阶一级气灵师？刹那间。 所有人抬头看着陆云，目露凶光。陆云见状，丝毫不慌，嘴角泛起一丝邪魅的微笑。看来你们都忘了任务馆的规矩，只认令牌不认人。听到陆云的话，所有人再次愣住了，就连李静怡跟王彦辰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无可奈何。任务馆的确有这个规矩，不管他们认不认，但是任务馆认就行。只要陆云一声令下，整个南疆任务馆都会听命于他。此刻，所有人看着陆云。 眼中都充满了忌惮之色。陆云见状，冰冷的声音再次强调：“所有人离开此地，今后严禁涉足魔兽山脉，违背者便是任务馆的头号敌人。你们应该清楚会是什么样的下场。”看着天空上的陆云，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惊恐的神色。他们很清楚，这不是威胁，也不是商量。只要违背任务馆，就会拿出高额赏金，发出追杀令，并且是全国联动。如此一来，不管走到哪里都是死路一条。 李静怡一脸愤懑不甘地望着陆云，却又不敢再多说什么，一副看你不爽却又无可奈何的样子。一时间，已经开始有人转身打算离开此地。哼，好大的口气！那就杀了你，夺令牌，你又当如何？就在众人纷纷转身离去之际，一道雄浑有劲的声音响起，众人瞬间止住脚步，闻声望去，却突然有一柄三尖两刃刀径直从空中激射而来，稳稳地插在地上，刃身泛着阴寒冰冷的白光。 令人望而生畏，通体紫红色的柄身立在地面，犹如一位强者站在那里一样，让人不敢上前。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三尖两刃刀“砰”的一声幻化成少女模样，一身紫色长裙光彩夺目，一头鲜红的头发，两条长马尾垂落在地。她使劲儿拔出现在土里的手臂，不顾狼狈模样，转身指着天空破口大骂：“秦风，你他妈下次再把姑奶奶扔出去当飞刀使，姑奶奶当场就跟你解除契约！”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快速从天而降，落到少女身前，一脸善笑：“凝霜宝贝，对不起嘛，我刚突破没掌握好力度，你千万别生气。”看见来人，众人面露喜色，尽皆松了一口气。竟然是三阶 S 级的秦风与叶凝霜，这可是我们南疆的未来天骄啊！他们怎么来了？还用说，肯定是也对魔兽山脉的珍宝感兴趣，这才赶了过来。这一下那个叫陆云的家伙要倒霉了。叶家跟秦家在任务馆都有投资，想要阻止秦风跟叶凝霜，只能是自讨苦吃。 一旁的李静怡听着周围的议论声，脑中飞快运转。在她心里，陆云这样的存在，身份绝对不能比自己高贵，所以她一定要趁此机会让秦风跟叶凝霜废了陆云，抢了他的令牌。叶凝霜没有理会秦风的道歉，转身双手抱胸，看着天上的陆云，眼神有些复杂。她发现陆云明面上是一个一阶气灵师，但是却又有一种让她捉摸不透的感觉。而秦风则是不管不顾，踏步上前，一双剑眉指着陆云，交出令牌。 我可以放你平安离去。陆云一眼就看穿了二人的实力，见对方这么嚣张无礼，便没好气的说道：“交出令牌可以，你自己来拿啊！”说着还做了个勾手指的手势，完全没有将秦风放在眼里。一直以来走到哪里都被人仰望的秦风，自然忍受不了陆云的挑衅，找死！冷哼一声，秦风右手握拳，直接朝陆云冲了过去。第二十七章圣女再现。眼看秦风的攻势越来越近，砂锅大的拳头即将砸到陆云身上。 陆云依旧是一动不动，这让秦风以为对方是被自己给吓傻了，忍不住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立！就在秦风的拳头将要落到陆云身上之际，一声凤鸣如晴天惊雷般响彻天空。没等秦风反应过来，他就感到迎面有如万千利刃的气劲刮向自己脸庞，阵阵刺痛传来。秦风收回双手，想要抵挡这股气劲，然而就在他刚刚收回双手，就感到自己腹部被人踹了一脚，身体不受自己控制。 倒飞而去，砰！肉体与地面碰撞传出的闷响，令在场所有人都目瞪口呆的看着天上的陆云。此时的陆云缓缓收回刚才踹出的右脚，转头看向自己的左侧后方，只见一只浑身泛着赤焰的凤凰向自己飞来，化作人形落到自己身旁，正是灵兽家园的圣女。陆云心中暗自诧异，这圣女出现在这里，说明魔兽深渊的余孽已经被清扫干净了。这速度未免也太快了。陆云是我魔兽山脉的贵客。 谁胆敢对他无礼，就是跟整个魔兽山脉为敌。圣女冰冷清脆的声音响起，极具威严，在场众人无不为之感到胆寒。这是灵兽凤凰，魔兽山脉不是说全是魔兽吗？怎么会有灵兽在此栖居？可惜无尽副本他们一族不能参加，否则我夏国又何惧异兽？这家伙竟然有灵兽凤凰做靠山，看来今天秦风想要取令牌是没有机会了。灵兽与魔兽是属于蓝星原居种族，与异兽完全不同。 同属兽类，因此灵兽跟魔兽不会被选中参加无尽副本。不过异兽却可以蛊惑魔兽，替他们入侵人类城市，夺取人类资源。此时若是人类不敌，便有灵兽降临清扫魔兽。按理说，人类跟灵兽应该算是盟友关系，但是不少心术不正的气灵师对灵兽的兽核心生贪念，吸收灵兽魔兽的兽核，同样可以提升气灵实力。故而灵兽在蓝星上的生活区域一向都是极为隐蔽。 并且再也没有轻易插手魔兽与人类的纷争。地面上的秦风狼狈起身，脸色阴沉，看向圣女的眼神真闪过一丝狠厉。关于灵兽兽核的作用，他从小耳闻目染，早就对此心生向往。今天这顿打，他认为很值当，最起码他知道了魔兽山脉有灵兽栖居。只要自己回去把这个消息散播出去，秦家就会带领南疆的气灵师前来搜寻他们的踪迹。到时候，这些灵兽的兽核就都是自己的了。想到这里。 秦风冲叶凝霜喊了一声，走后便打算飞身离开。想走？陆云纵身一跃，拦住了秦风。从秦风刚才的眼神里面，陆云察觉到了秦风的一些想法，自然不会放他离去。圣女见状，也紧跟其后飞了过去。看着眼前的陆云，秦风捂着胸口，阴沉不语。叶凝霜峨,峨眉微蹙，看着陆云问道：“你还想怎样？”闻言，陆云呵呵一笑，戏谑的看着秦风：“我这令牌还没给你，你怎么能走呢？” 从陆云的话语当中，叶凝霜敏锐地捕捉到了一丝冰冷的杀意。就算你杀了我们，这里的事情也会被他们泄露出去。再说，如果没有这位灵兽的庇护，你真以为你能与我们为敌？言语之中的威胁之意不言而喻。陆云语气淡然说道：“最起码能够起到震慑效果。没有谁不怕死，你说对不对？”看着陆云脸上诡异的笑容，又看了一眼旁边的灵兽圣女，叶凝霜自觉不是对手，只能偃旗息鼓，眉头微皱。叶凝霜退了一步。 用商量的语气说道：“让我们走，我会让他们所有人保守住这里的秘密。你不信的话，我可以立泄气为誓，若有违背，不得好死。若不是秦风今天死皮赖脸拉着他来看戏，他压根就不感兴趣。令他更没想到的是，秦风一上来就要抢陆云的令牌，才让他们二人陷入危机当中。现在叶凝霜现在只想离开这里。那只凤凰灵兽刚出现时的威压已经让他感到喘不过气，他自认为不是对方的对手。陆云轻轻点了点头。” 显然，他看出了叶凝霜的诚意。你可以走，他得留下。指着叶凝霜身旁的秦风，陆云面无表情地说道。因为从始至终，秦风眼中的狠戾就没有消失过。在看到秦风脸上阴戾的表情之后，叶凝霜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秦风，这都什么时候了？命重要还是面子重要？他以为秦风是为了面子才不服软，实际上，秦风真正的目的是魔兽山脉的所有灵兽的兽核。秦风本来就是你想抢他的令牌。 有错在先，道个歉，够了叶宁双！叶凝霜要我给这个废物道歉，不可能！还有，老子特么的受够你了！一整天就知道唠叨那些扫除异兽、守护人类的缥缈言论，什么狗屁为国为民，老子只知道老子活着就为了自己！叶凝霜话没说完，秦风就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着他咆哮起来，这让他有些不敢置信，一脸疑惑茫然，愣在原地，将这一切尽收眼底。陆云饶有兴致地看着这实况发癫现场。 契约这么多年了，你都怎么对我的？秦风的愤怒还在继续，随时让我准备好那裹得严严实实的手套，才能用你那三尖两刃刀。我特么好歹也是 S 级器灵师，要不是家里非要我跟你们家契约，老子早就换气灵了。听到秦风的话，现场一片哗然。原来传言的秦风跟叶凝霜的佳话，竟然都是假的。李静怡听到秦风要换气灵，更是眼前一亮，感觉自己有机会的样子。一脸错愕的叶凝霜，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秦风。 我是跟你契约，又不是要嫁给你。我保护一下自己，怎么了？你简直不可理喻！既然如此，等这次副本结束，咱们就解除契约吧。两行泪痕落下，叶凝霜满腹委屈。正如他所说的，契约不代表结婚，除非像陆云与上官清雪那样的深度契约，否则不管是器灵师还是器灵，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配偶。看着一脸委屈的叶凝霜，秦风却没有丝毫愧疚。憋了许多年的话，今天当众说出来，痛快多了。当下便果断说道。 可以，实话告诉你，我已经跟苏亚飞商量好了，跟你解除后，我就和他马上深度契约。到时候你要是跪下来求我，我可以考虑给你留个第二器灵的位置。你要是伺候我舒服了，还能分一点灵兽兽核给你。哈哈。语毕，秦风脸上露出狂妄自大的笑容。叶凝霜本就对这种伤害灵兽、提升自己的方式感到不耻，语气冰冷的当场拒绝。跟谁深度契约是你的事，我不会羡慕，也不会后悔。还有，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不屑去做。 我靠，我自己进步就够了。闻言，秦风不怒反笑：“是吗？我看你嘴硬到什么时候？等我把兽核放到你面前，我不信你真的能抵挡得住。”看着一脸嚣张狂妄的秦风，陆云不想再听他们之间的纠缠不清，淡然说道：“你没机会了。第28章”第二十八章上官清雪的磨刀石。看着陆云包含杀意的眼光，秦风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不好意思，你杀不了我。不信，你问问他。”说罢，秦风用手指着灵兽圣女，一脸得意。 自己刚才肆无忌惮地说要屠戮灵兽，目的就是想看看对方敢不敢出手。果然，从对方脸上的愤懑与无奈，证明自己的想法是对的。陆云目光看向一旁的灵族圣女，看着一脸疑惑的陆云，圣女无奈的点了点头，叹了一口气说道：“的确，他被选中参加无尽副本，有宇宙裁判保护，我不能杀他。”闻言，陆云这才明白这茬，难怪对方如此嚣张，原来是抓住了这一点。哼，陆云。 你不会真的天真的以为，仗着那只凤凰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人群中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正是李静怡。在看到灵兽圣女投鼠忌器的表情后，她忍不住笑了。同时，这也是想引起秦风的注意，让对方注意到自己这名优质的灰姑娘。想到这里，李静怡继续开口说道：“有宇宙裁判的规则之力庇护，所有被选中参加副本的人，三天内都会无事。只要秦风哥哥通关回来，到时候整个南疆强强联合。” 这魔兽山脉翻手便可覆灭，语气嚣张得意，说话之间还不忘有意无意的偷偷朝秦风使眼色。秦风见状，只是冲着李静怡微微一笑，这也让李静怡心中欣喜若狂，这就够了。一旁的王彦辰以为秦风这是在向他们打招呼，同样回了个礼貌的微笑。秦风眼角闪过一丝厌恶，随即收回目光，一脸得意的看着陆云：“你现在说，我还有没有机会？如果你现在把令牌交出来，我可以选择到时候分你一些边角料。” 见状，陆云脸上露出戏谑的笑容，像看傻子一样看着秦风。我得提醒你一下，这次的副本是我主动开启的。闻言，秦风脸上闪过一丝不屑。那又如何？不过话音刚落，秦风就面露惊讶之色。什么？你开启的副本？秦风一脸错愕地看着陆云，惊声问道。陆云笑着点了点头，看着秦风戏谑说道：“看来你也不傻，知道开启副本的人，同样拥有副本参与者的选择权。别人杀不了你。” 但是我可以。闻言，现场一片惊疑。陆云说的没错，作为副本开启者，他是可以杀掉任何一个参加者的。秦风脸上表情瞬间凝固，他完全没有想到陆云竟然是副本挑战的发起人。陆云，你个废物！刚刚趁着那只死凤凰对付秦风哥哥，你踹了他一脚，就让你自以为是了？你该不会天真的以为，你一次偷袭得手就能是秦风哥哥的对手了吧？笑话！一阶与三阶本就是云泥之别，更何况…… 你才只是个一级的垃圾！李静怡突兀的声音再次响起，目的就是为了提醒秦风不要被陆云给吓唬住了。果然，经过李静怡的提醒，秦风瞬间反应过来，哈哈，差点被你唬住了！一个一阶废物想要杀我，就凭你身上那几根毛吗？看着一脸不知所谓的秦风，陆云只是呵呵一笑，随即语气冰冷的说道：“杀你都不需要我出手，清雪交给你了。”陆云话音刚落，上官清雪就解除气灵状态，恢复人形。 站立在陆云面前，陆云想要训练上官清雪单人作战的能力，所以便让秦风作为他的磨刀石。看着美若天仙的上官清雪，叶凝霜顿时有些自惭形秽，不敢直视上官清雪，同时感到眼前的陆云更为神秘。然而，当他注意到上官清雪的资质只是 F 级时，忍不住开口劝道：“妹妹，你不是他的对手，别冲动。”感受到叶凝霜的善意提醒，上官清雪冲着对方莞尔一笑，柔声说道：“没事，这种货色。” 我能打好几十个呢，言语之间尽显轻松写意。听到上官清雪的话，在场众人一片讥笑。什么？我没听错吧？一个阶位跟资质都最垃圾的器灵，敢说这样的大话？小姑娘当花瓶还可以，但是当器灵的话，属实是有点倒反天罡了。秦风可是正儿八经的三阶 S 级器灵师，觉醒到现在从来没有失败过，这小妮子惨了、哦。李静怡跟王彦辰看着一脸笑容的上官清雪，心里也是十分得意。 尤其是李静怡想到上官清雪要被秦风胖揍一顿，变成跟自己一样猪头的画面，心里瞬间平衡了不少，一脸不屑地看着眼前的上官清雪。秦风脸上露出邪恶的笑容：“小妹妹，跟哥哥走，哥哥会让你爽上天的，嘿嘿。”找死！上官清雪冷哼一声，随即双手结印，一瞬间无数利刃从天而降，尽数落到秦风身上。秦风还没反应过来，就感到自己全身被这凌厉的攻势压制，差点喘不过气。 此刻，秦风看着上官清雪的眼神充满了畏惧。他完全想象不到，一个 F 级的器灵一出手，自己就没有了还手之力。清雪，下手轻点，看看你刚学的技能效果如何。就在上官清雪想要一击瞬杀秦风的时候，陆云的声音在他心底响起。闻言，上官清雪将攻势收了一大半，感受到全身的压制瞬间消失大半。秦风心中认定上官清雪这是后劲不足，忍不住出言嘲讽道：“装腔作势，吓老子一跳！” 接下来到我了。说罢，秦风开始运转体内灵气，双手结印，想要发动攻势。转瞬之间，那从天倾泻的利刃便再也没接近过秦风的身体。哼，我看你这剑气能持续多久？目光阴沉的看着上官清雪。此时的秦风已经准备好攻势，只要剑气消失，秦风就会立刻发动反击。到时候，他相信能够一举将上官清雪撕成碎片。上官清雪自然看出他的意图。 只不过自己完全掌控着剑气的数量以及强度，若不是想要看看新技能的附魔效果，秦风已经是剑下亡魂了。突然间，三道黑色的剑刃从虚空中浮现，朝着秦风直刺而去。上官清雪知道这是带有附魔效果的剑气，于是打算松开一道口子，让秦风主动发动攻击。感受到周身剑气已经没有压制之力，秦风嘴角一翘，眼中露出狠厉的光芒，就打算冲过去贴身刺杀上官清雪。然而令他意想不到的是。 自己的攻势竟然无法发动了。第二十九章，秦风死了。此时的秦风全身灵力充足，却完全释放不出来。看着那三道浑身漆黑发亮的剑芒逐渐逼近，秦风心急如焚，不断的催动体内灵气，却丝毫反应没有。那感觉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将自己全身经脉封住了一样，并且自己之前努力支撑的防御结界也在被那三道剑芒逐步压缩。秦风惊恐的发现。 那黑色剑芒就像落入水中一般，完全没有任何阻力。看着越来越近的剑刃，秦风亡魂皆冒，当即摆出一副可怜模样，向上官清雪求饶：“我错了，求求你们饶我一条狗命，我不想死啊！”听到秦风的求饶声，上官清雪知道对方此刻已经使用不出任何技能。想到这里，上官清雪没有犹豫，瞬间一道剑刃落到秦风脑袋顶上。啊！一阵痛苦的尖叫传入众人耳中。 浑身血红的剑刃从秦风身上穿了出来。此时的秦风保持着目瞪口呆的状态，气息全无。众人看着眼前这一幕，一个个头顶发凉，四肢无力。残暴，太残暴了！最关键的是，上官清雪才是一个一阶 F 级的器灵，竟然单独对战三阶 S 级的秦风，完全单方面压制，将对方生死完全掌控。上官清雪回到陆云身边，露出激动开心的绝美笑容。之前与陆云联合作战的时候。 主要靠的是陆云的灵力调度跟作战思路，所以上官清雪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的战力如何。直到刚才，他才发现自己可以轻松压制秦风，这让他信心大涨，看到了杀更多的异兽、给父母报仇的希望。叶凝霜同样愣在原地，一动不动地看着秦风落到地上的尸体。他并没有因为秦风的死而难过，但是上官清雪的强横，属实让他吃惊不已。他能隐约感觉到，陆云肯定也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不堪。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这一切都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地面上的李静怡连连摇头，强行让自己否认上官清雪杀死秦风的事实。她不能接受，也无法接受自己不要的废物陆云契约了一个比自己强，还比自己漂亮一百倍。不对，一点点的上官清雪，对，一定是副本奖励的作用效果还没结束，他才会这么强的。想到这里，李静怡咬牙切齿，指着陆云：“陆云，你别以为抹杀了我的希望。” 我就会后悔跟你解除契约。我告诉你，我李静怡一辈子都不会后悔。不过是利用副本的奖励暂时提升而已。这一次的副本，我不会让你们好过的。想到自己已经成功引起秦风的注意，并且有机会能跟对方契约，然而这一切却被陆云给毁了。李静怡声音近乎于崩溃。听到李静怡说陆云的不是，上官清雪上前一步，想要开口，却被陆云拉住了。与这种人讲道理纯粹是浪费唇膏。不过若是杀了他的话，那也太便宜他了。 慢慢来，让他经历种种绝望，这可比直接让他去世有意思多了。对于李静怡，陆云可不想她过早死去，那样反而会便宜了他。听了陆云的话，上官清雪笑着点了点头，回到陆云身边。一旁的圣女虽然好奇李静怡是怎么惹到了陆云，但也没多问。清澈的眸子看着陆云，圣女拿出一份卷轴递到陆云面前，微微一笑：“这是我先祖大人传下来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不过先祖说过，要把它交给帮助我们解决深渊领主危机的人。” 刚刚你走得太急，把魔兽余孽处理差不多，我便追过来了。希望对你有帮助。陆云看了一眼这卷轴，隐隐感到上面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呼唤着自己，当下也没有犹豫，说了句谢谢，之后便接了过来。任务完成，圣女向陆云道了别，就回去了。将卷轴收好，陆云扫视了一眼下方众人，再次开口：“魔兽山脉的事情，谁要敢泄露半句，秦风就是他的下场。”声音不大，却给人一种不敢违背的感觉。 等到所有人反应过来的时候，陆云跟上官清雪已经消失不见。叶凝霜看着两人消失的背影，心里滋味五味杂陈。看了一眼秦风的尸体，最终还是离开了这里。秦风的死让他受到反噬，虽然没有表现出来，但他此刻气血汹涌，必须要回去休养，为三天后的副本做准备。眼见陆云竟然无视自己，李静怡咬牙切齿，面露凶相。一旁的王彦辰见状，忍不住开口：“静怡，你该不会是想……” 随即看了一眼四周散去的人影，压低声音提醒李静怡：“陆云算不上什么东西，可是任务馆背后的强大力量，咱们根本没法对付。”李静怡白了王彦辰一眼：“我傻呀？就算要泄露灵兽的秘密，那也是等副本结束以后。但那个废物只是不让我们泄露灵兽的秘密，又没说不能泄露秦风的事。若是让大家知道是他杀了秦风，那么在副本里大家会怎样对他呢？”闻言，王彦辰与李静怡相视一眼，脸上露出阴险的笑容。 南江器灵高中，罗大友办公室，罗大友正一脸苦口婆心地安慰着一个学生，甚至于让出自己的沙发，站在一旁给那名学生按摩放松。能让罗大友如此对待的，便是他们找到的 S S S 级器灵师林文博。此刻，林文博两眼无神，面无表情。尽管罗大友使出浑身解数，将自己给老婆按摩的手艺展现得淋漓尽致，沙发上的林文博依旧是毫无感觉，一副生无可恋。文博同学，你真的不要害怕。 有上次通关的同学陪同，还有我跟叶凝霜、秦风给你保驾护航，你就安心躺平就行了。罗大有语重心长的将己方优势尽数说了个遍，林文博还是闷闷不乐，一言不发。罗大有心底已经失去了耐性，要不是林文博士 S S S 级气灵师，他早就一脚给踹上天了。文博同学，咱们就别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学校所有的资源跟材料你随便花，以你的资质，三天内肯定会成长不少，你说是不是？强忍心底愤怒。 罗大友欲哭无泪的继续保持自己的耐心老师形象，然而林文博还是不言不语，呆呆的。他此刻心里其实慌得牙毗，冒充 S S S 及器灵师还没享受两天轻浮，就被选中进入无尽副本。这要是在里面被识破了，丢人现眼都是小事，万一一个不注意，自己的小命也得丢在里面。想到这里，他脑袋一片空白，六神无主，根本听不到罗大友在说什么。就在这时，办公室大门砰的一声被打开，只看到林巧巧神色慌张的跑了进来。 罗大友见状，脸上闪过一丝不悦。在学校要注意形象，一个老师慌慌张张，成何体统？林巧巧见状，脸上的惊慌之色并没有减少，红唇轻启：“秦风死了！”轰，天塌了！林巧巧话音刚落，罗大友就感觉脑子像是被雷劈了一样，顿时当场失态。啪嗒，林文博更是直接从沙发上翻落下去，脸面拖地。第三十章：威特来一斤鱼子酱。 看到林文博翻滚倒地，罗大有慌张的脸色更为慌乱，嘴唇颤抖。快送他去医务室，我这就去找校长。说完，便脚底抹油，化作一阵风，消失在了原地。林巧巧无奈地摇了摇头，心中看着沙发椅旁边的林文博，不免心中疑惑：这家伙真的是、SS、S S S 级气灵师吗？怎么能这么窝囊？不过还是找几个同学跟他一起，把林文博送去了医务室。什么？秦风死了？这什么情况？校长办公室。 李沧然在得知这个消息后，惊得拍桌而起，双目圆睁，嘴唇都在颤抖。罗大友见状，思虑片刻，缓缓开口：“老李，你说会不会是陆云？不可能，这简直天方夜谭。”没等罗大友说完，李沧然便果断开口打断对方：“一个是一阶一级，一个是三阶 S 级，两相对比，那就是秦风在天上，而陆云就是地心处的一颗泥土。”看着李沧然一脸不相信，罗大友脸色凝重。 可是秦风被选中参加无尽副本，除了宇宙裁判，那就只剩下陆云可以杀他。难道说……叮铃铃，罗大有话没说完，李沧然办公桌上的电话便响了。来到电话旁，李沧然拿起听筒，顿时脸上表情就变得难看起来，片刻功夫不到，又转变成一脸震惊、不可思议的模样。挂断电话，没等罗大有开口，李沧然率先出声：“秦家打过来的，问我们要陆云的资料。”闻言，罗大有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 还真被我说中了。李苍然嗯了一声，点了点头。有人告诉秦家，是陆云借助上次副本奖励短暂提升实力后，将秦风杀了。至于理由，说的是陆云想要趁着实力提升之际，逼迫叶凝霜契约。说到这里，李苍然停顿片刻，看了一眼窗外，喃喃开口：“好在秦风以死相拼，拖住了陆云，才给我们南疆保住了叶凝霜。可惜了，秦风这么优秀的孩子。”说罢，脸上露出惋惜的表情。罗大友更是一脸愤懑。 脸上尽是愠怒之色，哼，这个废物简直无法无天。之前看他资质到退还感觉有点可惜，现在看来，这种人就不该成为器灵师，害群之马，毁我学校声誉。李沧然脸色凝重，点了点头。这样吧，你把陆云的资料找出来，给秦家发过去，并且跟他们商量商量。第一是保护林文博的事情，第二就是在副本里配合他们，将陆云绳之于法。看着下定决心的李沧然，罗大有郑重的点了点头。 便出去准备了。罗大友走后，李苍然叹了一口气，显然对于陆云的表现已经失望透顶。另一边，陆云带着上官清雪回到任务馆，向周管家说明一切之后，陆云便正式接手任务馆整体事务，他还是请周管家继续运转。将任务赏金兑换以后，陆云便准备带着上官清雪去大吃一顿。自从两人契约以来，陆云还没有跟对方正式吃过一次大餐呢。先饱餐一顿，再回到任务馆。 进入到气灵空间，让小青雪扎上双马尾，开始策马奔。呸！开始修炼技能。陆云没打算回出租屋，因为他可以确定，只要自己回去，就别想有安宁的日子。他不想浪费时间在没有意义的事上。说干就干，陆云带着上官清雪，转眼间就来到南江市著名的高级情侣餐厅——简练餐食。之所以来这里，是因为陆云刚才接手任务馆的时候，发现了一张这家餐厅的永久免费卡，随便吃，不要钱的那种。 至于这张卡的来历，根据周管家所说，是今天早上新委托的任务奖励，委托人就是这家餐厅的老板，叫楚天雄。了解完任务内容后，陆云二话不说，拿着卡就来了，说是提前预支赏金，让周管家不用再发布任务了。坐在餐桌上，看着四周繁华精致的装修，上官清雪喜悦之色溢于言表。她从来没有来过这种高级的餐厅，这是她的第一次。看你那样，像是乡下来的村姑一样。 看着上官清雪环顾四周，一脸好奇兴奋的样子，陆云忍不住调侃。闻言，上官清雪朝陆云吐了吐小舌头：“村姑不好吗？村姑不也遇上你这个乡下壮汉？”听到上官清雪的话，陆云顿时虎躯一震，一脸坏笑：“哪里撞了？你不理你了。”上官清雪一脸羞红，像是熟透了的水蜜桃一样，令人垂涎欲滴。突然想到什么，上官清雪一本正经地看着陆云：“为什么不消除他们的记忆？我感觉那样的警告。” 不足以震慑住他们的。闻言，陆云微微一笑，环顾四周一眼后，目光注视着上官清雪。那个圣女肯定会带着金童玉儿他们离开那里，重新找栖居地，所以那里的秘密也就不存在了。之所以那样做，就是故意让他们把消息放出去，给金童玉儿他们收拾新家园的时间。听到陆云的解释，上官清雪似有所悟的点了点头，随即又问向陆云：“你怎么知道他们要搬家了？”看着一脸好奇的上官清雪。 陆云忍不住轻轻敲了敲对方的头：“笨蛋，那圣女给我的卷轴里面就有他们决定去的新地方。”这下上官清雪想明白了，看着陆云说道：“难怪你非要杀掉秦风，原来是担心他回头马上带人去找灵兽家园，紧盯着金童院儿他们不放。”陆云点了点头，露出欣赏的目光：“不错，不过这只是其中之一。那另外的原因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要抢我的令牌。呃，那要是以后有人抢我呢？” 你会不会杀了他？不应该你杀了他吗？那我要是打不过，我就杀了我自己，不让他得逞。傻不傻呀你？你打不过就叫我，嘻嘻<西>，就知道。二人你一言我一语，聊着聊着，饭菜就已经上桌了。陆云，我有个小小的请求。看着满桌子丰盛的菜肴，上官清雪看着陆云说道：“说，咱们来一勺鱼子酱呗，我从小到大就想吃一顿，反正不要钱，你就满足我吧。”看着大快朵颐的陆云。 上官清雪一脸坏笑着说道，装作一脸不争气的看着上官清雪。陆云故意打击他说道：“就这点追求，今天就让你实现鱼子酱自由，看我的气质要拿出来！”冲着上官清雪眨了个眼，陆云大声喊道：“威特，来一斤鱼子酱！”扑哧，看着陆云一脸认真的样子，上官清雪忍不住发出一声轻笑。或许这就是幸福的样子。哟，土不土啊？还一斤鱼子酱？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是土豪呢，实际上是个穷逼而已。呵呵。就在上官清雪正感叹气氛正美的时候，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显得尤为刺耳。第三十一章，干嘛呢？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声音，陆云想也没想就知道是李静怡。想来这家伙已经把自己杀了秦风的消息告诉秦家人了。看到陆云不说话，李静怡以为自己戳到了陆云的痛处，脸上的表情更为得意。我说你怎么阴魂不散，老是追着我不放？ 这种地方你也敢跟来？知道这里吃一顿饭要多少钱吗？劝你赶紧离开这里，不要一会儿付不起钱被撵出去丢人现眼。还一斤鱼子酱？你以为这样就能引起我的注意，让我多看你一眼吗？李静怡刻意将声音说的老大，全餐厅用餐的人一瞬间都纷纷看向这边，目光里都带着戏谑之色。搞半天，原来是为了引起人家 A 级麒麟的注意啊！我还以为是什么大款呢，呵呵。这鱼子酱可是猫熊国那边进口的高级货，七十万币一勺，他竟然开口要一斤。 真是没见过世面，看上去也就一个亿、e,，一个 F，做什么任务能挣那么多钱？快告诉我，我也去做做。哈哈！面对周围的嘲讽戏谑，陆云并没有心情去在意，自顾自看着上官清雪，温柔说道：“吃鱼子酱得喝香槟，咱们就喝最贵的，那样搭配起来味道肯定不错。”嗯，都听你的。上官清雪点点头，柔声附和。二人完全无视一旁的李静怡跟王彦辰，只当他们是空气。感受到自己被无视，李静怡脸上愤然。 装模作样，最贵的香槟唐培里浓 P 三四万二一瓶，顶你们这三年的学费生活费了。一旁的王彦辰见状，脸上带着讥讽的笑容，呵呵，他也就说说而已。他要真敢要，我全场每人送一瓶。平日里陆云什么样，他们最清楚不过。一身衣服一双鞋，一穿就是两年半，动不动就揭不开锅，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闻言，陆云眸子一亮，笑着看向王彦辰：“你说的。” 看到陆云挑衅自己，王彦辰抬头挺胸，慷慨大方地说道：“别说我欺负你，你不需要点一斤鱼子酱，你们俩一人一小勺就行。只要你敢，整个餐厅我就一桌送一瓶唐培里浓 P 三。”言语之间尽显得意跟鄙视。自己一个月才五十万的生活费，陆云才几百块。王彦辰实在想不出陆云哪里来的勇气，真敢点那么贵的菜。然而陆云只是微微一笑，果断干脆的开口：“成交。” 一旁的上官清雪脸上也露出笑容，玩味儿看着王彦辰跟李静怡。见此情形，李静怡不屑地切了一声：“你就装吧，一会儿服务员真来了，就怕你不敢说出口。”恰巧这时，一男两女的服务员朝着陆云的餐桌走来，男的戴着一双白手套，另外两个女的，一个手里抬着秤，一个手里端着鱼子酱跟勺子。见状，王彦辰跟李静怡脸上露出讥讽的笑容，一副看好戏的样子。周围的其他客人也将目光转向这边。 准备看陆云是怎么出丑。只见那男服务员一脸微笑，跟陆云打过招呼后，便把称放到桌上，随后从罐子里舀了一勺鱼子酱放到一个小盘子里，再小心翼翼地将盘子放到称上。看到这情景，陆云脸上顿时露出不悦之色：“干嘛呢？”放下手中碗筷，陆云问道。那服务员微微一笑，客气地回应道：“我们都是用称来计重的，先生。”一旁的李静怡看到这一幕，以为陆云是不敢要了，嗤笑一声：“哟。” 这就开始挑人家毛病了，都咬出来了，退不了喽、哦，呵呵。陆云瞥了一眼李静怡，冲着服务员说道：“你这样做，那几只还以为我吃不起。”此话一出，周围的客人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尤其是李静怡跟王彦辰，脸上五官差点扭曲在一起。陆云的话犹如当头棒喝，那服务员一阵尴尬，赶紧开口解释：“先生，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所以，所以什么所以，给我上一件，本着客户至上的服务态度。 那服务员连连道歉，按照陆云的要求重新上了鱼子酱跟香槟。看着陆云桌上那一大罐鱼子酱，李静怡心中妒意难平。你就装吧，我就不信你敢真吃。陆云无聊的看了一眼李静怡，淡然说道：“你还是关心关心你的王彦辰吧。”语毕，陆云便拿过上官清雪的餐碗，舀了半碗鱼子酱放里面推到对方面前，还贴心的将香槟打开给上官清雪倒满。上官清雪脸上露出幸福的笑容：“谢谢亲爱的，那我就不客气了。说吧”说罢。 香槟都没喝，像喝粥一样对着鱼子酱梭嗦哈。陆云看着上官清雪的样子，也是一脸宠溺的笑，又抬眼看了一眼李静怡跟王彦辰。好了，到你了。短短几个字，对王彦辰来说，挑衅意味十足。感受到自己的尊严被侮辱，王彦辰心里一横，当即就叫来服务员，每桌送一瓶唐培里侬 P 三。服务员一脸不可置信，再次确认：“先生，一桌一瓶，确定吗？”“确定。”王彦辰咬牙一声。 带着李静怡坐在离陆云他们不远处的卡座，餐厅里的人一听还有这种好事，顿时一个个的都露出笑脸。坐在一旁的王彦辰怒气未消的看着陆云，恨恨说道：“不就几瓶酒而已，一会儿付不出钱，看你怎么出丑！那一斤鱼子酱，整整七千万币，别说陆云，就连自己看都不敢看一眼。付不出钱，陆云一样会被餐厅认定吃霸王餐，搞不好还要面临刑罚。那样一比。” 自己出点小钱就不值一提了。想到这里，王彦辰嘴角流露出得意的笑容。李静怡看着一脸笑容的王彦辰，也跟着露出笑容，看着王彦辰：“彦辰宝宝，人家也想吃鱼子酱。”他不能容忍上官清雪吃鱼子酱，而自己只能看。自己是 A 级器灵，天生就要比上官清雪高贵，不管是哪里。闻言，王彦辰脸上笑容凝固，顿时愣在原地，双目圆睁看着李静怡。见状，李静怡脸上露出失望不开心的表情。 口口声声说要给我最好的，这点小小的要求都满足不了，还说什么爱我？哼！李静怡相信王彦辰肯定会屁颠屁颠讨好自己，满足自己。这一招不管是以前的陆云，还是现在的王彦辰，屡试不爽。果然，王彦辰一看李静怡这副模样，瞬间就急了：“好好静怡宝贝别生气，吃，咱们也吃鱼子酱，吃大份的。”闻言，李静怡才露出一脸笑容：“嗯嗯，人家也要一斤。”此话一出。 王彦辰人妈了！第三十二章七千万免单。最终，在王彦辰苦口婆心的劝说，李静怡只点了两勺鱼子酱。虽然心里得到了一点点平衡，但当他看到上官清雪大勺大勺,大勺像喝粥一样嗦着鱼子酱，再看看自己就少得可怜的两勺，瞬间就没有任何食欲了。凭什么？他上官清雪一个 S 级的垃圾器灵，竟然比自己还要享受？他陆云就算要吃霸王餐，不也是应该屁颠屁颠的把那一斤鱼子酱端到自己面前吗？ 不，自己不能这样想。他陆云这样做，就是要引起自己的重视，就是要让自己后悔。自己要是这样想，就正中陆云的下怀了。他李静怡永远都不会后悔跟陆云那个废物解除契约。哼 <laughs>！眼看李静怡心中不满，王彦辰看了一眼陆云后，一脸坏笑：“静怡，你放心好了，他们一会儿肯定没钱买单的，到时候他们就会为他们的不自量力付出代价。我们就静静地坐在这里，等着看好戏就行。说吧”说罢。 脸上露出狡黠的笑容，为自己的量力而行深感得意。李静怡闻言，心里也跟着舒服了许多，目光戏谑的看着陆云二人，巴不得他们赶紧吃完，给自己上演好戏。在陆云与上官清雪风卷残云般的攻势下，没多久，一桌子美味佳肴尽数被消灭殆尽。上官清雪一脸满足的看着陆云，一双洁白的玉手抚摸着自己小腹。看着上官清雪一脸满足的样子，陆云微微一笑，随即收拾东西，准备起身走人。 快看快看，这俩家伙打算吃霸王餐了！目光一直留意着陆云身上的王彦辰见状，一脸激动的低声朝李静怡说道。闻言，李静怡放下手中碗筷，看了过去，果然看见陆云跟上官清雪收拾东西，准备走人，脸上顿时露出嘲弄的表情，戏谑的看着陆云方向。怎么，这是打算不结账，准备跑路了？上官清雪看着李静怡的样子就来气，结什么账？我们不需要结账啊！言语之间。 一副理所应当的模样。见状，李静怡忍不住哈哈笑了起来。你们以为你们是谁？老板家亲戚？笑死人了！王彦辰放开声音，大声喊道：“大家快来看呐！这两个人竟然说他们不用结账，想吃霸王餐呢！”一瞬间，所有人的目光纷纷看向这边，一道道戏谑的目光落到陆云跟上官清雪身上，准备看即将开场的好戏一般。听到有人要吃霸王餐，服务员们也往这边赶来，看着这一幕。 王彦辰跟李静怡幸灾乐祸的看着陆云，陆云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李静怡，轻声开口：“你们还是省点心，关心一下你们自己。”此话一出，王彦辰瞬间不乐意了：“什么叫关心我自己？不就一点破酒吗？难不成自己还付不起？”想到这里，王彦辰站起身子，看着陆云说道：“你就死鸭子嘴硬，来来来，咱俩一起买单，谁买不起，谁他妈王八蛋！”闻言，陆云微微一笑，戏谑的看着王彦辰。 也还好，都姓王，本就是一家。扑嗤，一旁的上官清雪一口气没喘过来，忍不住轻笑一声。见此情形，王彦辰恼羞成怒，拿出自己的银行卡指着陆云：“废物，知道小爷我一个月多少生活费吗？来，你接一个给我看看，让我看看你是怎么丢人现眼的。”一旁的李静怡双手抱胸，背靠沙发。当看到服务员来到陆云身边的时候，嘴角微微泛起一丝嘲讽的弧度，眼神不屑的看着陆云。 等待着对方出丑的画面。这位先生，抹掉零零，总共消费是七千零四万，请问是刷卡还是支票？虽然是听说有人要吃霸王餐，服务员还是很客气的问向陆云，并且还贴心的拿出 P O S 机。看着这一幕，没等陆云开口，李静怡赶紧率先说道：“就他，刷卡支票都付不起，你们准备让他洗一辈子碗吧！”呵呵。王彦辰闻言，紧接着也补了一刀：“这家伙跟我们一个学校的，出了名的穷逼。” 不过今天早上他已经被开除了，现在不是了。言语之间尽是得意从容，丝毫没有给陆云留面子。服务员听到李静怡二人的话语，瞬间脸上的笑容凝固下来，随即一股强横的气息以其为中心向四周散发出去，眼神淡漠的看着陆云：“阁下若是想吃霸王餐，得先掂量掂量自己的牙口够不够硬。”言语之间的威胁不言而喻。二阶 B 级气灵师，这餐厅的服务员都这么强横的吗？见此情形。 李静怡忍不住心中暗自惊呼，同时看向陆云的眼神，戏谑之意愈加浓烈。闻言，陆云将手伸进包里，拿出了那张金黄色的卡片，递到服务员面前。这张卡你认识吗？看着陆云拿出一张不知什么银行的卡，李静怡瞬间绷不住了。就这，你该不会是想说，你那张学校食堂的饭卡是某某大银行的金卡吧？或者说，卡里面有几千万、上亿的资金？刹那间，周围一片哄堂大笑。 没钱就别来吃饭了，还假装成暴发户一样点一斤鱼子酱，你以为你是天王老子？笑死！多半是电影看多了，脑子瓦特了。哪个穷鬼没有一两个暴发户的梦想呢？小伙子，吃霸王餐可不对。就你们俩这资质，怕是卖身给楚老板当下人，他都会嫌弃吧？众人你一言我一语的看着热闹，见状，陆云用凌厉的目光扫视着众人，结不结账是我的事，与你们有什么关系？言语冰冷，却让人无法反驳。 虽然嘈杂的议论声低沉下去了，但是大家还是一脸不屑的看着陆云，他们并不会认为陆云有足够的金币来结清这笔账单。此时的服务员经过反复确认，已经明确了这张卡就是餐厅的免单卡，全南疆仅此一张，持卡之人肯定与楚老板关系匪浅。想到这里，服务员恭恭敬敬的将卡双手还给陆云，脸上露出客气的微笑，先生您慢走，欢迎你下次光临。看着这一幕，在场所有人愣住了，疑惑。 懵逼，惊讶，每个人脸上表情不一，都在怀疑是不是自己看错了。尤其是李静怡跟王彦辰，脸上得意的笑容瞬间凝固。不是，你这服务员到底怎么回事？一张不知名的卡就让你免了那七千多万的单了？李静怡有些怀疑的看着服务员，怀疑他是跟陆云一伙的。谁料那服务员抬手就给了李静怡一巴掌：“你才是服务员，我是这间餐厅的大堂经理，这张卡是我们的免单卡。” 整个南疆只要是楚总的产业都可以免单，有这张卡的人就是我们楚总的贵客。你不懂就不要在这里瞎比比。说罢，怒气未消的看着王彦辰，到你们买单了。善于察言观色的餐厅经理自然看出来这两人跟陆云不对付，所以自然不会错过在陆云面前表现的机会。毕竟这陆云可是楚总的贵客，他一句话就能决定自己的前途。见状，陆云脸上露出笑容，饶有兴致的看着王彦辰。第三十三章。 小丑竟是我自己！看着态度判若两人的经理李静怡，顿时愣在当场，捂着自己滚烫的脸庞，一脸不甘与愤怒。碍于对方阶位比自己高，所以只能忍气吞声，不敢发作。砰！一声清脆的声音响起，王彦辰将自己的银行卡拍在餐桌上，双目喷火的看着餐厅经理，替李静怡鸣不平：“好大的官威！楚老板他们家的餐厅就是这么对待客人的吗？”刷卡结账这件事，我会找媒体曝光。 再找楚天雄本人投诉，我要让你知道知道踢到钢板上是什么样的滋味。王彦辰凶相毕露，言语之间尽是威胁之意。一个小小的经理竟然敢当着自己的面欺负自己的器灵，绝对是不可饶恕的。面对王彦辰的言语威胁，餐厅经理丝毫没有慌张。楚天雄曾经说过，看到这张卡就是看到他本人，于是从桌上拿起王彦辰的卡，当场刷了起来。低余额不足，突兀的电子提示音清晰的传进每个人耳中。 李静怡眼神瞬间有些慌乱的看着王彦辰，王彦辰一个机灵，随即一脸不悦，嫌弃的看着经理手中的 P O S 机，你这破机器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我这是建工银行的高级 V I P 卡，怎么会余额不够？经理也不恼，让人换了一台 P O S 机过来接着刷，低余额不足，依旧是与之前一模一样的提示音。王彦辰这下不淡定了，怎么可能？我卡里有三百多万呢！闻言，经理轻哼一声，语气淡漠，那就对了。 你这次消费抹掉零式是四百六十万七千八百块，还差一百多万呢。这张卡不够，请问你还有其他的银行卡吗？语气虽然平静，但是眼神里却迸射出两道寒芒。听到餐厅经理的回复，王彦辰瞬间懵逼，站在原地。没想到吃个饭给自己吃破产了。自己家里最近生意不景气，自己每个月的生活费都是顶着被老爹劈头盖脸一顿骂才有的。现在出了这么个状况，王彦辰根本不敢向家里要钱。突然，王彦辰像是想到什么一样。 冲着经理嚣张地说道：“你们这是黑店吧？才吃了这么点，你们就要收我这么多钱？为了保住自己的银行卡，王彦辰将送酒的事情抛之脑后。上官清雪挽着陆云坐在一旁，像是看小丑一样看着王彦辰。经理看着装模作样的王彦辰，脸上闪过一丝不悦：“你这意思是你刚刚送出去的酒不想承认了？那我倒是想问一句，在座的各位，你们答应吗？”众人一听，瞬间也都不乐意了：“怎么可能答应？” 我只知道这酒是他让服务员端给我的，我可没点。你把你器灵借我玩两天，这酒我就自己买单了。哈哈，口口声声说人家不配来这里吃霸王餐，到头来小丑竟然是自己。呵呵，听着周围的反对声，李静一瞬间脸色难看起来，整个人面红赤耳，愤懑不平地瞪着王彦辰。没钱你装什么二五八万？是你说的要请客，跟我没关系。你自己不处理好，这辈子我都不会原谅你。说着便起身要走。 却被众人故意给挡住出不去了，无奈李静一一跺脚，气急败坏的坐回到椅子上，双手抱胸，将头转向里面，翘起二郎腿，一副不管不顾的样子。尤其是当他看见上官清雪正一脸好笑的看着自己时，心里更加不是滋味。看什么看？眼睛看瞎了你也只是个 s 级的彩虹马，呵呵，你还真是一点就着。上官清雪说道。闻言，李静一气不打一处来，就要冲上前找上官清雪理论，吃霸王餐还有理了？ 要么结账，要么你俩留下洗碗，洗一个碗顶半个金币，差不多三百多万个碗就够了。餐厅经理自然不会让李静怡在这里撒泼，马上就移步到对方跟前，友好的提示着对方。李静怡一听要洗三百多万个碗，瞬间像泄了气的皮球瘪下去了。王彦辰脸色也是极为难看，看了一眼四周，知道自己要是不认账，只怕是丢了脸面不说，还免不了一顿胖揍。突然间，王彦辰从经理手中拿过账单，仔细看了起来，瞬间眼神一亮。 一改心虚之态，指着陆云朝经理嚣张地说道：“我看你是跟他串通好，欺诈我吧！”见状，陆云顿时来了兴趣，想要看看这个王彦辰狗嘴里又要吐出什么玩意儿。经理脸色阴沉，警告地看着王彦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王彦辰一脸嚣张得意，指着四周说道：“什么意思？啊？这餐厅拢共也就三十来桌，你这上面说我点了六十瓶酒，是什么意思？”啊？说完，王彦辰双手抱胸，等着餐厅经理的答复。 李静怡拿过账单一看，又数了数四周的餐桌数量，顿时对着餐厅经理口诛笔伐：“你们这是欺诈，为了赚钱也太不要脸了！呸，是不是看我们还是学生，就故意跟别人联手一起坑害我们？还一斤鱼子酱，我严重怀疑你给他们上的是珍珠奶茶里面的珍珠。这账我们不认，你们还要赔偿我们精神损失费。”李静怡言之凿凿，看上去一副有理有据的模样。餐厅经理看着嚣张得意的二人，轻哼一声。 谁不知道这栋楼都是我们餐厅的？现在每一层用餐的客人都是几十桌，要不是三楼以上的贵客看不上你们送的酒，你的账单就算把你们两个卖了都不够填平。轰！听到餐厅经理的话，李静怡两人如遭雷击般愣在原地，脸上嚣张气焰完全消失不见，一副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所有人都津津有味的看着这一幕，瞬间感觉今天这顿饭真有味道。有人送酒不说，还接连看了几出好戏。 王彦辰怯怯地看了看李静怡，沉吟半晌，最终还是小心翼翼地开口：“静怡宝宝，之前我不是一直给你零花钱吗？要不你先拿出来垫一垫，回去之后我再问家里要过来还给你。”闻言，李静怡一脸不乐意了，恨铁不成钢地看着王彦辰，说：“好，你请我吃饭的，这点钱都要问我要，还说什么爱我？再说那些钱怎么够我花？又是买材料，又是买衣服包包的，早就用完了。那些钱都是自己想方设法从王彦辰手里薅过来的。” 怎么可能再吐出来？看着李静怡一脸决绝,绝的样子，王彦辰一脸愧疚与无奈。可是三百多万个碗，我担心会把你洗坏的。听到王彦辰的话，李静怡瞬间莫名其妙的露出笑容。我就知道你最关心我了，这样的话你就先洗吧，我回去了。说完，李静怡拿起包包就要走，不料餐厅经理却将其拦下，面无表情的说道：“抱歉，你也得洗。”第三十四章拜访楚家。看着挡在自己跟前的餐厅经理。 李静怡一脸理直气壮地说道：“他送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现在心中急不可耐，只想赶紧离开这里，没有其他原因。他只是想趁王彦辰洗碗的空隙去找林文博，那可是 S S S 级的气灵师，自己等这个机会等好几天了。以自己熟练掌握的攻略与技巧，他有足够的信心在进入副本之前拿下林文博。餐厅经理并不知道李静怡的想法，不过对于李静怡之前的种种表现，他极为反感。 当下想也不想，就直接说道：“他点的没错，但你也吃了。除非你把吃的都吐出来，我就放你走。”态度强横，丝毫没有回旋的余地。闻言，李静一跺了跺脚，转头看着王彦辰：“彦辰宝宝，你快给经理大哥说一声，人家还急着回去修炼呢。不然三天后的副本，人家怎么保护你吗？”撒娇姿态浑然天成。王彦辰被这一声“宝宝”瞬间给勾住心神，主动来到经理面前：“那个。” 没得商量，经理不等王彦辰说完，果断便拒绝了。从经理鄙夷的眼神不难看出，他对王彦辰这个行为简直是反感到了极致。见此情形，李静怡眼珠子一转，瞬间锁定在陆云身上。云哥哥，看在咱们曾经契约过的份上，你就帮我把账给结了呗。虽然说是祈求，但言语之间明显是在吩咐下人一样。陆云一身鸡皮疙瘩皱起，看了一眼李静怡，刚刚看片了是吗？这么少？我事情也多着呢，滚一边去！说罢。 就带着上官清雪头也不回的离开了。见状，李静怡气得直跺脚，满脸不开心的看着王彦辰。离开了餐厅，上官清雪想到刚刚李静怡狼狈模样，忍不住咯咯直笑。陆云见状，一脸神秘的看着上官清雪。吃饱喝足，我们是不是要找个地方运动一下？闻言，上官清雪微微一愣。别了吧，饭后跑步对身体不好的。显然，他把陆云所说的运动理解成普通的运动了。陆云轻轻附到上官清雪耳旁。 轻声说道：“那看什么运动喽？比如说啊，有的运动我使劲出力，你躺平享受就好。”感受到耳旁传来的热气，上官清雪恍然大悟，羞愤地捶了陆云一记粉拳：“讨厌，你好坏啊！”说着，却是挽住陆云的胳膊。然而，令上官清雪没想到的是，陆云并没有直接回去，而是来到一处豪华别墅门口。看着眼前雄伟的别墅大门，上官清雪一脸茫然：“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房子。” 难不成你是隐藏的富豪？闻言，陆云白了上官清雪一眼，调侃道：“我看你是想当富婆着迷了。这别墅怎么说也是一千多万，我怎么可能买得起？”说罢，陆云上前按了门铃。看到这一幕，上官清雪反应过来，这别墅的确与陆云没有关系。转念一想，大吃一惊：“你不会是想在别人家里吧？要真是这样，丢死人了！哪怕是路边找个公厕进去都行啊！”看着一脸惊讶的上官清雪。 陆云一脸神秘的笑容，就是这里，嘿嘿。你，上官清雪还想说什么？大门打开了，开门的是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子，明显是主人家的管家。管家扫视了一眼陆云跟上官清雪，开口问道：“请问你们找谁？”楚天雄，楚老板。想到之前他们家的员工都那么客气，陆云也是很礼貌的回应着对方：“找我家主人的人多了去了，你们找他是有什么事吗？”听到陆云的话。 管家进一步确认陆云他们的目的，陆云不拐弯抹角，直接开口：“麻烦你通报一下，我是过来完成他委托的任务的。”在得知陆云此行的目的以后，管家吩咐二人在外面稍等片刻，便转身将门关上，进去禀报楚天雄。上官清雪一脸羞涩的看着陆云：“原来你说的运动就是来完成楚老板的任务吗？”陆云闻言，疑惑的看了上官清雪一眼：“不然你以为呢？”随即恍然大悟。 你该不会是想成其他坏事的了吧？这里的“坏事”两个字眼，陆云刻意加重了音调，一脸坏笑的看着上官清雪。看着陆云一脸坏笑的样子，上官清雪脸上泛起一丝羞涩的红晕，埋头不语。见上官清雪这副娇羞模样，陆云正要继续打趣，这时楚家别墅的大门打开了，只不过出现在陆云眼前的并不是之前管家，而是另一个陌生的男人，剑眉星目，面容厚实，身上有一股与生俱来的威严。 看上去给人一种安稳沉重的感觉。来人正是楚天雄，在看了一眼陆云跟上官清雪以后，脸上露出疑惑的神情。你们就是接我任务的人？通过自己的观察，楚天雄发现眼前的二人都是最低级的气灵师与气灵，这让他不免有些怀疑，这两个人是来戏耍他的，还是真的是来做任务的？陆云自然看出了楚天雄的心思，取出任务馆的馆主令牌，脸上露出温和的笑容。楚老板尽管放心，我既然敢接你的任务，自然就不会砸了我的招牌。 言语之间尽显从容本色。早上楚天雄就听说过任务馆馆主换人的消息，如今看到令牌在陆云手上，心中不免对陆云高看几分。毕竟能够得到墨云天的传承，想来自然有过人的本事。再说自己的任务，也不一定非要是气灵师资质等级高的人才能完成。想到这里，楚天雄客气地将陆云跟上官清雪请了进去。别墅的庭院装修尤为精致，左边是一处假山，假山上面有一片偏绿色的植被。 右边则是一小块池塘，池水清澈见底，放眼望去，还能看见里面畅游的鱼儿。楚天雄带着陆云两人径直走入客厅。陆云发现客厅中站着一堆形形色色的人，只有他与众不同，毕竟他牵着个校花小美女，是色色的人。在看见陆云走进来的一瞬间，这堆人脸上纷纷露出疑惑的神情。陆云，你这个废物，跑到这儿来送人头吗？一道突兀的声音响起。陆云抬眼看去。 说话之人正是教导主任罗大友，此刻正一脸愤恨地盯着陆云，那眼神像是要将陆云当场杀死一样。第三十五章，菜就多练。在场众人看到罗大友的反应后，一个个用好奇的目光看向楚天雄身后的陆云。陆云看着咬牙切齿的罗大友，只是浅浅一笑，说的好像你可以杀了我一样，言语之间玩味十足。罗大友怎么也没有想到，前些天还在主席台上因猥亵弃娘而唯唯诺诺被他批的陆云。 今天竟然敢当众不将他放在眼里，当即便恼羞成怒，指着陆云厉声呵斥道：“你残害同窗，私吞宝物，又将秦风杀死，人人得而诛之。”罗大友知道，只要罗列出陆云的罪状，所有的人都会对陆云产生敌意。果然，罗大友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看向陆云的眼神都变得凝固、阴冷下来。什么？秦风竟然是他杀的？他一个一阶一级的废物器灵师是怎么做到的？听说是利用了副本里面的奖励，暂时提升了实力。 这才将秦风杀死的，这小子胆子也太大了，竟然敢杀秦风，整个南疆的人都不会放过他的。听到周围的议论声，罗大右面露得意之色。陆云，别以为有规则之力的庇护，我就不能拿你怎么样。等到进了副本，有你好受的。言语之间，赤裸裸的威胁不言而喻。陆云见状，只是云淡风轻般的淡淡开口：“我来这里是为了救醒楚先生的爱人，而不是要跟你斗嘴。你若是看我不爽。” 直接到副本里面找我算账即可。当然，如果你现在非要动手，我不介意让你下去跟秦风团聚。听到陆云的话，在场众人面露惊疑之色，看向罗大友。在他们眼中，陆云此刻就像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学生。现在要看看罗大友这个教导主任要怎么处理。感受到自己的威严被陆云挑衅，罗大友内心怒不可遏，脸上露出不甘与愤怒的神情。对我使用激将法，你还太嫩了些。谁都知道副本奖励提升的实力。 只是暂时的，三天之后的副本便是你的葬身之地。在他看来，陆云不过是仗着自己实力得到暂时提升，才这么肆无忌惮。再加上无尽副本的规则之力庇护，自己也不能拿他怎么样。只要陆云的实力恢复以前的垃圾境界，进入副本之后失去了规则之力的庇护，那时候的陆云就像一只蚂蚁一样，自己想要什么时候捏死就什么时候捏死他。看着威胁自己的罗大友，陆云轻笑一声：“给你机会也不中用，进了副本你就更没有机会了。” 言语之间尽显从容自信。好了，今天陆云小友是来给我老婆治病的。至于你们之间的恩恩怨怨，我没有兴趣知道。罗大友正要开口反驳，楚天雄便率先开口打断了他。秦风死不死，楚天雄一点兴趣都没有。他唯一在意的就是陆云能不能唤醒自己沉睡的妻子。在此之前，楚天雄一直在观察着陆云，发现对方在面对罗大友的威胁与挑衅之时，并没有表露出一丝的担忧或者是害怕。 这让楚天雄顿时对陆云来了兴趣，于是想要重新窥探陆云的真实实力。在楚天雄反反复复的确认之下，发现自己在陆云面前看到的是一片汪洋无际的大海，而陆云的实力就像是他随意展露给别人看的一样，只是这片汪洋大海的冰山一角。这种奇妙的感觉让楚天雄不禁觉得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陆云隐藏了自己的实力。能做到这一步的都是 S 级以上麒麟师，再结合陆云击杀秦风来看。 楚天雄心里面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陆云的实力根本就不是大家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有可能已经远远超过秦风。所以楚天雄决定赌上一把，将自己最后的希望寄托在陆云的身上。眼看楚天雄莫名其妙的如此信任陆云，在场众人无一不表露出惊讶的表情。楚老板，此子年纪轻轻，本事不大，你可别被他给糊弄了。是啊，楚老板，我们这么多人在这里都束手无策，他一个乳臭未干的黄毛小子，怎么可能能治好林夫人的病呢？ 依我看，不如趁早把他赶出去，省得他在这里碍大家的眼睛。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劝着楚天雄，显然都不相信陆云能有什么本事。见此情形，陆云冷哼一声说道：“各位菜就多练，没本事就都闭上臭嘴。”对于这些自己毫不相关的人，陆云丝毫情面都不会讲。在场众人瞬间不乐意了，被一个废物指着鼻子骂自己是废物。然而就在他们要开口教育陆云之际，楚天雄冷冷的声音落了下来。 你们是不是真把我这里当成菜市场了、啊？要打要杀也好，你们自己去外面解决。现在我需要陆小友帮我的忙，不愿配合的，请回吧。楚天雄今天把他们请来，不过是希望他们当中能有人能够看出自己爱人所患的病症。然而此刻他却发现，在场的这么多人，竟然还没有一个学生沉得住气。楚天雄有一种感觉，那就是如果陆云愿意，那么在场的所有人都不是陆云的对手。所以他选择跟着自己的感觉走。 去相信陆云，眼看楚天雄动了真怒，在场众人瞬间闭嘴。不过他们并没有离去的打算，都只是静静的站在原地。他们不相信，连他们都看不出来的问题，一个一阶一阶的废物能够看出来。虽然说陆云仗着规则之力的庇护，所有人不能拿他怎么样，但是如果说能看到他被楚天雄赶出门，那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慰藉。楚天雄自然能够看清楚所有人的心思，也不点破，就让他们待在这里，只要不打扰陆云就好。 陆小友，接下来的事情就麻烦你了。往前做了个请的姿势，楚天雄微笑着向陆云说道。陆云笑着点了点头，牵着上官清雪跟上楚天雄，向一个房门紧闭的房间走去。所有人看着这一幕，脸上都露出了幸灾乐祸的神情。第三十六章隐藏的 S 级器灵。房门打开的瞬间，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夹杂着丝丝寒气扑面而来。陆云眉头微皱，抬眼看去，只见一张双人床上只看到四五层厚厚的被子。 跟着楚天雄走到床前，陆云这才看到一个骨瘦嶙峋、面色苍白的女人静静的躺在床上。女子看上去像是很冷一样，除了身上盖有五层厚厚的被子之外，连眉毛上的水汽都凝结成了冰霜，看上去宛如冰雕美人般一样凄美，令人心疼。陆云站在床前，朝着床上的女人发动了自己的器灵神童，一瞬间，眼前便出现一个信息面板：器灵名称柳清月，器灵资质 F 级，器灵阶位三阶。 天赋技能光芒万丈，战斗技能五，隐藏资质 S 级，器灵进化资质上限十二阶，器灵隐藏进化路线：光辉女郎、光辉天使、暗影天使、死亡天使、九天玄女。当前状况遭受寒气侵袭，寿命即将耗尽。通过进化到光辉天使，可延长寿命，恢复如初。将所有信息浏览完毕，陆云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没想到柳清月的资质竟然是隐藏的 S 级。 并且在初始状态，如果没有进化的话，会危及到生命安全。楚老板，你这里有没有气灵进化的材料？想到这里，陆云转头看着楚天雄问道。文件。楚天雄思虑片刻，缓缓开口：“不敢隐瞒小友，我府上的进化药材基本上全部用完了。只不过我老婆就像个无底洞一样，不管用多少进化的药材都没有进化的迹象。可能她的最高进化极限也就是 F 级了。这一点我们早已经没有抱任何希望了。只要能跟她在一起。” 平日里赚点小钱，能够养家糊口，这样过一辈子，我们俩就知足了。听到楚天雄的话，陆云心中对楚天雄更是高看了一眼。在这个世界，能够不嫌弃自己器灵的资质的人已经很少了，而楚天雄作为一个 B 级器灵师，更是难得。陆云思虑片刻，看着楚天雄轻声开口：“你夫人什么时候出现这种情况的？在此之前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一时之间，陆云对清洗柳清月的寒气源头来了兴趣。闻言。 楚天雄思忖半晌，这才缓缓开口：“老婆就一直很怕冷，找了很多医生都没用，直到三天前，他就一睡不醒，身上莫名其妙出现许多寒气，以至于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说起来都是怪我没有用，没有在原江的无尽副本中保护好她。哎。”说到这里，楚天雄叹息一声，脸上露出自责愧疚的神情。然而，陆云却敏锐地发现，一旁的上官清雪在听到原江副本的时候，身体微微愣了一下。 随即，脸上一丝愤懑与伤感交织的神情一闪而逝。陆云这才想起来，之前上官清雪就对自己说过，他的父母就是在那一次的副本当中失去生命的。想到这里，陆云轻轻拍了拍上官清雪的后背，与对方心灵沟通：“别难过，我们找到当时异兽的信息，就可以开启副本，为二老报仇。实在不行，咱俩一起平了整个异兽世界，让他们付出代价。”感受到陆云言语之间的坚定意志，上官清雪感激的看了陆云一眼。 心中悲愤的情绪才得以平复，看了一眼伤感的楚天雄之后，陆云轻声开口问向上官清雪：“上次的净化玉液还有剩吗？”陆云打算给柳清月一些净化液，助他净化。闻言，上官清雪轻轻点了点头：“还有一些，虽然不多，但是足够他完成一次净化了。自己使用过净化玉液，所以说对净化玉液的把控，心里跟明镜似的。”说完，上官清雪发动意念，从器灵空间取出了那瓶净化玉液，递给陆云。 看了一眼，还有五分之一的净化玉液，陆云将它交到楚天雄的手上，一会儿把这个涂抹到他的全身上下，你再向他体内输入灵气，要不了多久他就会醒过来了。看着眼前的净化玉液，楚天雄一脸疑惑：就这么一点，能够用吗？看着一脸茫然的楚天雄，陆云呵呵一笑：放心吧，绝对够用。看着一脸自信的陆云，楚天雄将信就疑的接过他手中的药品。见状，陆云笑着说道：我们就先出去了，在外面等你们。说罢。 便带着上官清雪往外面走去，顺带将门带上。楚天雄看着手里的药瓶，犹豫片刻之后，决定死马当活马医，反正他现在也没有更好的选择。于是将厚厚的五层被子掀开，刹那间，柳清月曼妙的身躯就出现在楚天雄眼前。楚天雄首先小心翼翼地在柳清月的手臂上滴了一小滴净化玉液，然后开始轻柔涂抹。瞬间，他就发现自己的担心多余了，因为也就是那么一小滴净化玉液，竟然能够将柳清月的整只手臂全部涂抹均匀。 这让他不免大喜过望，开始按照心中的预想对柳清月整个身子擦拭涂抹起来。客厅当中，刚才在这里的那些人都还没走，在看到陆云和上官清雪走出来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到了二人身上。陆云没有理会，找了个位置跟上官清雪坐了下来。看他这副成竹在胸的模样，难道说已经找到了楚天雄爱人病根所在？想什么呢？不说我们这么多人都束手无策，就连整个南疆的名医名士都愁得摇头。 就别说两个乳臭未干的小毛孩了。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找到了病根所在，那也不是他们能够治好的。咱们就好好坐着，等着看好戏就行。看着一脸淡定坐在旁边的陆云，众人议论纷纷。在他们看来，陆云不过是装神弄鬼、故弄玄虚罢了。许久，房间里面依旧没有动静，紧闭的房门也没有再次被打开。突然间，一声女子的尖叫声从房间里面传来，令外场所有人都吓了一跳。听到这声尖叫，罗大友心里已经认定。 陆云，他失败了，于是率先站起身，冲着陆云一脸愤慨的斥责道：“你这个废物，真是我们学校的败类！残害同窗，抢夺宝物，对叶凝霜见色起意，击杀秦风，逼迫他与你契约，如今又害死楚天雄的爱人，简直是罪恶昭昭，天地不容！”听到罗大友的话，所有人都同仇敌忾的看着陆云，一副要将陆云这名好好学生给生吞活剥的架势。第三十七章：柳清月又晕倒了。 看着这一幕，上官清雪一双小手是握紧了。啪！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罗大友当即便抬手捂住自己的左脸，满脸愤懑地看着陆云：“你敢打我？废话真多！”陆云缓缓放下扇罗大友耳光的右手。吃个饭遇到李静怡跟王彦辰就已经够晦气的了，做个任务竟然还有个罗大友在叽叽喳喳，真以为惯着你们了？此刻的罗大友脸色难看到了极致，指着陆云大声咆哮：“好好，杀不了你！” 我还不能打你吗？当场被一个一阶一级的器灵师给掌乖，这让他很没有面子。说完，罗大佑全身气势如虹，直逼陆云而去，整个人蓄势待发。住手！就在罗大佑即将发动攻势的时候，房间内发出一声怒吼。众人闻声看去，只见房门缓缓打开，楚天雄搀扶着柳清月慢慢走了出来。此时的柳清月原本苍白没有血色的脸上拥有了一些红润之色，虽然看上去还有一些萎靡，但是已经能下床行走。 显然已经好了很多，所有人看着这一幕，纷纷感到不可思议。我有没有看错？楚夫人竟然真的起死回生了，太神奇了！我们所有人都已经确诊，楚夫人已经无药可治，没想到现在竟然可以下床走路。难道这陆云看上去虽然只是一个一阶一级的废物，但实际上有一身惊天医术？一旁的罗大友也是满脸的不可置信。陆云作为自己学校的学生，以前是 S 级器灵师的时候都没有表现出这种起死回生的医术，现在资质降到一级。 更不可能会有这种本事，这其中一定是什么地方出现了问题。陆小友治好了我的爱人，是我楚天雄的恩人，谁敢对他放肆，就是把我楚天雄不放在眼里。凌厉的目光注视着罗大友，楚天雄掷地有声，让人毋庸置疑。面对楚天雄的强调，罗大友脸上闪过一丝不悦。楚老板，你这是当着大家的面在警告我吗？先是被陆云掌柜现在楚天雄又不顾自己的面子，当众警告自己，这让罗大友心里面很是不爽。自己一个三阶 A 级的气灵师。 难道不需要面子的吗？闻言，楚天雄丝毫不慌，只是饶有兴致地看着罗大佑。如果你觉得我没有资格，我不介意请家父当面过来与你说清楚。此话一出，众人一片愕然。楚天雄的父亲楚云天，南疆战力的天花板之一，四阶 S 级气灵师，如今正在闭关尝试突破到五阶。这也是为什么楚天雄一个三阶 A 级资质气灵师，能够掌握南疆这么多工程餐饮资源的主要原因。听到楚天雄的话，罗大佑身上的气势瞬间湮灭下去。 楚云天要是都被请出来了，那就不是两句话就能解决的事情。自己没必要在这个时候去触楚家的眉头。再说陆云杀了秦风，秦家那堆老妖怪也不会放过他的。嗯，就在罗大佑心中思量着怎样联合秦家人在副本里面置陆云于死地的时候，楚云天身旁的柳清月一声轻呼，抬起手摸了一下脑门，便晕倒在楚天雄的怀里。见此情形，楚天雄一脸慌张：“清月，你怎么了？” 然而，他怀里的柳清月并没有回应他，又恢复到之前的沉睡状态。看着这一幕，罗大佑瞬间眼冒金光，认为刚才的柳清月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心中虽然欣喜若狂，但脸上还是一脸凝重，认真的冲着楚天雄说道：“楚老板，我之前就提醒过你，这个废物学生不学无术，根本不会治病。原本楚夫人还能活下去的，但是却被这家伙给治没了。刚刚也许就是大家熟知的回光返照。我建议立即捉拿这个坏种，将其挑断四肢经脉。” 让他在副本里面被异兽蚕食，以此来为楚夫人报仇。说完，眼角得意的余光扫视了一眼陆云。其他人闻言，瞬间恍然大悟，附和着罗大佑一起建议楚天雄先将陆云拿下。楚天雄并没有听从他们的意见，而是转头一脸疑惑的看着陆云：“陆小友，这是什么情况？自己的老婆是不是回光返照？”楚天雄心知肚明，根本就没有相信罗大友的一面之词。陆云看了一眼之后，冲着楚天雄轻声说道。 楚夫人所需要的灵气太过庞大，以你的本事完全不够。说罢，陆云便缓缓起身，朝柳清月走去。罗大友见状，赶紧开口阻止：“楚老板，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家伙给蛊惑了，让他亵渎楚夫人的遗体。这家伙是我学校的学生，有没有本事，我心里面能不清楚吗？”在罗大友的眼里，陆云不过是一个十足的废物罢了，别说救人了，就连自救都没本事。闭嘴！再敢对陆小友无礼，我马上把你赶出去。然而。 回应罗大友的是楚天雄几近于咆哮的怒吼，在楚天雄眼里，罗大友就像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蠢货，都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到学校教导主任位置的。眼见楚天雄如此信任自己，陆云也没有墨迹，直接让楚天雄握住柳清月的脉搏之处，陆云自己则是拿起楚天雄的另一只手，以同样的姿势握住了楚天雄的脉搏，以楚天雄为媒，向柳清月体内注入灵气。楚天雄只感到一股蓬勃的灵气从自己的体内疏忽而过。 瞬间就涌入了柳清月的身体。看着一脸平静的陆云，楚天雄心中骇然不已。这家伙绝对不是看上去的那么简单，随随便便能释放出这么多灵力，根本不是一个一阶器灵师能做到的。众人见罗大佑被楚天雄斥责，也不敢再多说什么，一个个目不转睛的盯着柳清月。只见女人原本苍白无色的脸庞，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血色充满。不但如此，柳清月身上的肌肤还瞬间变得光滑红润，充满弹性，原本的萎靡不振也快速消失。 整个人看上去就是像普通人睡着一样。不多时，柳清月紧闭的双眼缓缓睁开，一双眉眸注视着眼前的楚天雄与陆云。他能清晰的感觉到，给自己注入灵气的便是楚天雄身旁的那个年轻人。想到这里，柳清月一脸微笑，看着陆云轻声说道：“谢谢你。”陆云见柳清月已经完全恢复，松开手，终止了灵气的注入。不可能，这怎么可能？楚夫人明明已经……罗大友连连摇头，不敢相信。不经意间。 他看到楚天雄一双冷厉的眼神盯着自己。第三十八章异兽蝰蛇部落。罗主任似乎不是很愿意看到我爱人醒来啊。楚天雄冰冷的声音响起，现场顿时一片寂静。罗大友这才反应过来自己失态了，赶紧开口连连道歉：“对不起，楚老板，我不是那个意思，只是这……”话说到这里，罗大友指着陆云，声音戛然而止。他心里面肯定是不希望陆云把柳清月给治好的，他也不能接受这一点，在他心里。 陆云是个废物，就不应该有这样的本事。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陆云把柳清月救活，就意味着楚家欠了陆云一份恩情。那样的话，自己以后想要对陆云做些什么，楚家定然不会坐视不管。想到这里，罗大佑心里面一锅乱麻，根本不知道该说什么。行了，罗主任既然不喜欢待在这里，那就请回吧。楚天雄厌恶的看了罗大有一眼，毫不客气就下了逐客令。自知理亏的罗大有没有办法，只能灰溜溜的向外面走去。 临走之前，他还刻意看了一眼陆云，眼中尽是警告的威胁之意。陆云对此视而不见，反正罗大佑已经上了他的黑名单，只要进了副本，这些黑名单上的人也许永远都不可能出来了。罗大佑走后，看着完全恢复如初的柳清月，楚天雄满心欢喜，一脸激动，不断冲陆云说着感谢的话。我也有个私事想问一下楚老板，还请楚老板把知道的告诉我们。陆云想要知道原江无尽副本的信息，早点完成上官清雪的心愿。 楚天雄听说是私事，便将还处在惊讶之中没回过神的众人请了出去。众人走后，楚天雄直接让陆云坐在沙发正主座，柳清月则是与上官清雪在一旁聊了起来。坐到沙发上，楚天雄也没有客气，直接就开口冲陆云表态：“陆小友，如果以后遇到什么糟心的人或者是不嫌弃的话，你可以来找老哥我。我相信我父亲如果知道了是你将他的儿媳妇给救活的话，他老人家一定也会很高兴的。”言外之意不言而喻。陆云也没有客气。 笑了笑，便直奔主题。一些小事而已，我自己就能解决。我是想问一下楚老板，当年的原浆副本里面的异兽是哪一个部落的？入侵蓝星的异兽都是按部落来分工的，每个部落负责开启的无尽副本都不一样。这也是陆云开启无尽副本的时候发现的，因为在陆云开启副本的时候，有一个异兽选择的项目，他看到了不同的异兽部落。闻言，楚天雄的思绪瞬间陷入了回忆当中，面露一丝伤感之色，良久才缓缓开口。 当时我跟我老婆去沅江出差，便莫名其妙的被选中了参加那一次的副本，是最为凶残的蝰蛇部落。我们进去的两千多人，最后只有两百多个活着出来。这二百多人有很多都像我老婆一样身患隐疾，无药可治。而对方只有三只异兽出现在副本里，太强大了。楚天雄想到那场残酷的猎杀副本，到现在依旧是心有余悸。若不是父亲楚云天给了自己一件法宝，自己也怕是在劫难逃。陆云闻言，轻轻点了点头。 随即又问向楚天雄：“那次副本的最终通关者是谁？他想要拿到那把副本钥匙，然后等到这一次副本结束，他就可以开启对蝰蛇部落的挑战。”“是我。”楚天雄没有隐瞒，直接开口承认：“多亏了我父亲给我的一件法宝，否则的话，那一次无尽副本注定会失败。”陆云闻言，丝毫没有客气，直接向楚天雄索,索要副本钥匙。楚天雄起初感到有些疑惑。 但在想起刚才陆云体内那股雄厚的灵气之后，便取出钥匙递给了陆云。拿到钥匙，陆云又问了一些关于蝰蛇的战斗信息，其中有一个细节令陆云很感兴趣，那就是蝰蛇明面上战斗力并没那么恐怖，他们最擅长的是偷袭。拿了钥匙，在聊了一些之后，陆云便不打算久留，叫上上官清雪就准备回到任务阁开始学习技能。楚天雄夫妇想要留二人吃饭，陆云忍不住呵呵一笑，不瞒楚老板。 我们刚刚已经在你的餐厅吃过了，并且还免了七千多万的单，你不会介意吧？闻言，楚云天哈哈大笑，一副豁达的看着陆云兄弟：“你要是喜欢，就经常去，这点钱我还没放在眼里。”聊了这么久，楚天雄只感到陆云的性格跟自己很对得来，所以就拉着陆云结了个忘年交。陆云自然没有拒绝，楚天雄给他的感觉正直磊落，为人豁达，有自己的主见。当然，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他跟那些俗人不同。 他没有因为柳清月的 F 级资质而嫌弃对方。离了楚家，陆云便带着上官清雪往任务馆而去，准备开始修炼莫云天给的技能。亲爱的，我的资质好像不是 F 级了。陆云离开之后，柳清月一双美眸看着楚天雄，满心欢喜。楚天雄闻言，一脸好奇的看着柳清月。见状，柳清月放出一股气势，将自己的资质完全显露出来。轰！瞬间，一股强大的气势迎面而来。 楚天雄拼尽全力，才勉强站稳身子，不可置信地看着柳清月：“这是 A 级。”柳清月见状，笑着点了点头。得到确认以后，楚天雄目光注视着陆云离开的大门口，呆愣在原地。良久，他才缓缓开口：“我们这是走了泼天大运，这陆小友，我就感觉他不简单。”老婆，你先休息，我马上去找老爷子汇报这件事。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说罢，楚天雄没等柳清月开口，就兴致冲冲地往外跑去了。 看着楚天雄离去的身影，柳清月柳眉舒展，露出春风般的笑容。这是上官清雪告诉他的，那瓶叫净化玉液的东西可以大幅度提升资质，可惜现在没有了。资质提升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所需要的材料极其稀缺，很多都是有价无市。就算别人手里有，那也只会揣在手里，不会拿出来去卖。这种东西卖出去容易，再想拥有难于登天。陆云与上官清雪才接近任务馆，陆云便感觉不对。 于是便拉住了上官清雪，避免对方往前走去。第三十九章，这句话给你自己做挽联。果然，等二人刚好踏入前院，一道道穿着统一制服的身影忽然出现，将陆云与上官清雪围在中间。在看到对方领口都绣有一个精致的“秦”字的时候，陆云心里面没有太多惊讶，不过还是感到些许意外。原以为秦家人会去自己的住处，没想到却在任务馆等自己自投罗网。扫视一圈之后，陆云冲着眼前的前厅大声喊道。 既然是来寻仇，难不成还要我去请你们出来吗？他能够感觉得到，在前面大厅里面有两三位高阶位的存在。哼！果然，陆云话音刚落，大厅里就传来了一道不屑的轻哼。随即，大门一阵强劲震开，门板破碎，四散而去。三道身影出现在陆云前前，为首一个浓眉大眼，个头不高，身体却略显雄壮，手上提着一把明晃晃的大刀，周身流光四溢，闪烁着点点寒芒，赫然是秦风的三叔。 秦若海四阶 A 级气灵师，在听到侄儿被陆云击杀，陆云手上还有任务管管主令牌之后，便迫不及待的带着一众人来找陆云寻仇。手上的大刀俨然就是他的气灵所化，等级阶位跟秦若海一样。另外两名虽然也是四阶，但是他们的资质却比秦若海差了一点。一个人手中提着灯笼，一个人手中拿着卡牌，那显然就是他们俩各自的气灵，看上去应该是辅助类的气灵师与气灵。秦若海在看到陆云之后。 横眉竖目，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小子，就是你将我侄子杀死的吗？陆云闻言，心想：这秦若海是不是脑子有病？都堵到自己面前来了，还问这种愚蠢的问题？只见陆云一脸笑着看向秦若海：“若不是我杀了他，你现在跑这儿来干嘛？”闻言，秦若海恼羞成怒：“竖子，交出任务管令牌，在我面前跪下，制裁谢罪。如此，我便留你一条全尸。敢招惹秦家，这就是下场。” 听到秦若海的话，陆云眼色微眯，似笑非笑地看着秦若海。我怎么感觉你不是为了你侄子报仇，你是为了这任务而来？秦风丧命于自己的手中，应当是不由分说，见面就是一顿死打，哪会这样浪费口舌？眼见自己的那点心思被戳穿，秦若海怒不可遏，指着陆云：“一派胡言！待我取你项上人头，再收回令牌不迟。”说罢，便示意将陆云他们围住的手下向陆云攻去。 那些手下一个个同仇敌忾，卯足全身力气一拥而上，是要将陆云碎尸万段的样子。陆云见状，丝毫不慌，轻哼一声：“就这！”随即轻抬右脚往地面重重剁下，轰！一股强大的气劲以陆云为中心向四周猛然袭去，一瞬间尘土飞扬。那些将陆云围住的打手还没靠近陆云，身子便倒飞出去，重重地砸在了四面八方的围墙之上。 随后纷纷落到墙角，一个个横七竖八的摔在地上，发出咿呀哎呀的痛哭声。见此情形，秦若海眉头微皱，眼神眯成一条缝，扫视着陆云全身上下。在发现对方仅仅是一个一阶一级的气灵师以后，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不屑之色。看来传言不假，你果然是利用了一些不为人知的手段，暂时提升了实力。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现在就让你见识见识四阶气灵师的恐怖。自己比对方高出了三个阶位。 秦若海有足够的自信，能够完全碾压陆云。想到这里，秦若海释放出全身的气势，一瞬间，四周狂风骤起。秦三爷，还请不要在馆主面前放肆，否则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就在此时，一句警告大声响起。陆云闻声看去，正是周管家。此刻，对方衣衫不整，蓬头垢面，一副狼狈模样，显然在此之前肯定受到了秦若海的欺压。听到周管家的话，秦若海恼羞成怒。 啪！清脆的巴掌声响起，秦若海不由分说，一巴掌将周管家扇飞到一边。区区一个小管家也配教我做事？不过是一个一阶的废物罢了。就算暂时提升了实力，那又如何？阶位的巨大差距，可不是光靠一些奇怪门道就能够弥补的。今天你死定了！神仙来了也救不了你。我说的。说完，秦若海眼里迸射出阵阵寒芒，直指陆云而去。看着摔倒在地的周管家，陆云脸色一沉。这句话。 给你自己做挽联，狂妄无知！今天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绝对实力的碾压！说罢，秦若海纵身一跃，手持大刀，直接朝着陆云的脑门劈上去。陆云见状，丝毫不慌，身体呈奔跑状，随即右脚发力，往秦若海疾驰而去。没等秦若海反应过来，他就感到自己的腹部传来一阵剧烈的疼痛，随即那股剧烈的疼痛瞬间传遍全身上下。秦若海感觉全身的骨头像是伴随着那股剧烈的疼痛。 一起碎裂了一样，没等他来得及反应，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飞去，砰！惊天动地的肉体与墙壁的碰撞声响起，秦若海的身体重重的砸在了身后的墙上，镶嵌在墙体里面。秦若海不可置信的瞪着双眼，想要看一眼陆云，却发现全身上下没有一丝丝力气，整个人就像一个软体动物一样耷拉成一团，失去了所有生机。看着这一幕，秦若海身后的那两个气灵师看着宛如杀神的陆云，一瞬间惊骇不已。 亡魂皆冒，秦若海的阶位可是比对方足足高了三阶啊！还没反应过来，就被对方一招给秒杀了。这要是换做自己，就算是两个人一起联手，也逃不过这样的结局。想到这里，两个人脚下一软，扑通一声，顿时跪在了地上。大爷，是我们有眼无珠，被秦若海蛊惑过来对付你，求求你放我们一条生路，饶我们一条狗命吧！是啊，大爷，都是秦若海，他瞒着家主想要抢夺任务馆的令牌，这才跑来找你麻烦的。如果我们知道你这么厉害， 给我们一百个胆子，我们也不敢的呀！陆云没有理会跪地求饶的二人，上前看了一眼周管家并无大碍后，转身看着跪在地上的两人，把那狗掉的尸体抬走，滚出我的地方！另外，你们告诉秦家的人，如果要找我算账，尽管放马过来，直接找我就行。二人如获大赦一般，连连点头道谢，赶紧叫来人，费尽力气将镶在墙壁里的秦若海给挖了出来，逃跑似的离开了任务馆。陆云叫来一些仆从，将院子里打扫干净。 便带着周管家回屋疗伤。就在他们进屋后不久，其中一个打扫卫生的仆从拿出手机，悄悄发了条消息出去：“实力还未消退，秦家秦若海已死。”随后熟练将已发送的记录删除，拿起扫帚继续打扫卫生。第四十章副本前的议会。南江市中心一栋豪华别墅客厅里，为首的沙发上坐着一个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五官分明，体型健硕，此刻一脸肃杀与威严，看着前面盖着白布的尸体。 他正是秦风的父亲秦若云，而他眼前的尸体正是还可以趁热的秦若海。尸体旁边跪着两道人影，俨然就是在陆云面前苦苦求饶的那两个秦家人。若不是陆云要传话和抬走尸体，免得晦气，这两人现在也得躺在地上。两边的沙发上都已经坐满了人，有罗大友、李静怡、王彦成等这些认识陆云的。至于李静怡和王彦成，本该在简练餐厅刷碗的，无奈李静怡实在下不去那个手。 只能忍痛拿出一百万，再让王彦成死皮赖脸的跟家里求来了三百多万，这才把吃饭的钱给结清了。没想到他们一出门就遇上了罗大友，恰巧罗大友被秦家主通知要去秦家参加议事，所以便带着他二人一起来了。除了秦家，也有叶家的人，剩下的都是几个被选中参与此次副本的高阶强者。眼看秦若云脸色阴沉，浑身散发着一股浓浓的杀意，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半晌过后，秦若云才吩咐下人。 把秦若海的尸体抬走，看了一眼罗大友之后，秦若云冰冷的声音响起：“你们学校教的学生还真是厉害，竟然不将我全家放在眼里。”今年罗大友一个机灵，后背瞬间感到一凉。那个废物早上就已经被我开除了，他现在跟我们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当然，面对这种穷凶极恶的存在，我们学校也不会袖手旁观，肯定会与大家一起共同将此疗捉拿正法。面对秦若云，罗大友的态度显得尤为恭敬。 对方毕竟是四阶 S 级器灵师，无论是阶位还是资质，都比自己要高，所以罗大友自然不敢放肆。李静怡生怕秦若云因为陆云的事情牵连到学校，也赶紧一脸恭敬地向秦若云解释：“秦家主，那个废物简直是杀戮成性，连学校里面的同学都难逃他的魔爪。今天一早，罗主任便亲自将那个废物开除了，所以他的所作所为真的跟我们学校一点关系都没有，还请秦家主明察。” 联想到罗大友他们学校有一名、SS、S S S 级器灵师，秦若云暂且将心中的怒火给压制了下去。SS、S S S 级器灵师自古罕见，一旦出现，各方势力都会绞尽脑汁、拼了命的去争抢。秦若云自然也不会例外。只不过那个叫林文博的人是独自觉醒，引发异动，才被罗大佑他们找到的。因此，目前许多势力都在暗自观察，没有轻举妄动。鉴于这种情况，秦若云敏锐的感知到这是一个契机。虽然说他不会贸然大力招揽。 但明面上抛出一些橄榄枝还是可以的，跟对方建立好良好的关系，一旦被证实资质无误，那秦家相比于其他势力就会有优先机会。想到这里，秦若云脸上露出伤感的模样，故作大方的说道：“算了，如今副本在即，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应对副本上面。这些家事、私仇的，等副本通关以后，我秦家再自行处理吧。”俨然一副以大局为重的模样，让那些对秦若云不是很了解的人都有所动容。当然，像叶家。 罗大有这种人精，肯定是能够看出秦若云的真实想法的。无非是不知道陆云实力提升的效果什么时候消失，所以才不敢轻举妄动。以秦若云的秉性，若是陆云的实力没有得到提升，即使有宇宙裁判的庇护之力保护，他也会将陆云斩断四肢，再把陆云丢到副本里面自生自灭。只不过他们虽然看破了这一点，但并没有开口点穿。毕竟秦若云说的也对，现在的主要任务是先想方设法能通关这次的无尽副本。 想到这里，罗大有一脸同仇敌忾的样子。你放心，秦家主，秦风作为我们南疆未来的主要战斗力，却被陆云那个废物斩杀，那陆云便是我们南疆所有七灵师的公敌，我们不会让他活着走出副本的。自认为是这一次副本最高阶位的存在，罗大有义愤填膺，一副义不容辞的样子。见状，秦若云神色缓和下来，继续说道：“副本里面的事情你自己看着办，一切以通关副本为主。你提议让林文博与叶家叶凌霜契约一事。” 这还得看叶家的意见。说罢，秦若云与罗大友的目光同时看向王彦辰左手位置的叶家叶明远。见状，叶明远的脸上瞬间堆起笑容：“呵呵，能与 S S S 及气灵师契约，我叶家自然求之不得。”听到这话，罗大友心里顿时乐开了花。叶家资源充足，资金雄厚。林文博与叶凝霜契约，无疑便是将叶家与学校连成一体。那学校的发展若是遇到问题，叶家自然也不会坐视不理。想到这里。 罗大友心中欣喜，脸上也露出了笑容。然而，叶明远话锋一转：“可是，明霜她刚刚被契约之力反噬，加上对秦风的离去伤心至极，以至于他此刻完全没心思考虑这方面的事。作为父亲，我也不好勉强，所以契约这件事情，看样子只能是放到副本通关之后了。”言外之意，不用言明，就是想利用这一次副本的机会来打探林文博的 S S S 级资质是不是真的。如果是真的，那叶明远自然求之不得。 如果说是假的，那样也不至于以后后悔。更重要的一点是，因为在知道是陆云击杀的秦风后，叶明远便悄悄派人去打探陆云的底细。他惊讶的发现，陆云住的地方也在引发天地异象的范围之内，并且叶凝霜还告诉自己，他在观察陆云的时候，有一种看不清楚对方的感觉。所以叶明远心里便隐约觉得，那个、SS、S S S 及器灵师有可能是陆云。当下便告诉叶凝霜，以后遇到陆云的时候，尽量多观察一些信息。 若真的是陆云，那自己就比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占尽先机。毕竟除了自己，现在在南疆几乎所有人的认知里，陆云就是个废物。听到叶明远的话，罗大友心生失落，也不好再多说。不过心里却埋怨道：“哼，等副本通关，你们看到林文博的实力后再来求我，那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事了。第41章”第四十一章三阶副本开启。时已入夜，陆云的气灵空间却如同白昼，阳光灿烂，晴空万里。 海风徐徐，就在罗大友他们正在商议怎样保护优质晚辈通关副本之际，器灵空间里，陆云与上官清雪刚经历了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此刻已经拔出止戈歇战，靠在床沿，陆云趁机取出墨云天交给自己的无相。忙碌了一天，现在陆云终于有时间研究这本高级技能。万物本无相，一切由心生；有相亦无相，一切皆由心生，源自心中的执念，一念缘起。 一念缘灭，生生灭灭，生生不息。开篇两句佛偈，给陆云整不会了。这几个字他都认识，连在一起他又感觉有点陌生，懒得去想。陆云继续往下看，众生万物万千相，万象归一，万相灭。卧槽，怎么了？听到陆云语气有些不满，上官清雪一脸关切的问道。看了一眼怀里的曼妙多姿的洞体，陆云一脸笑容。不知道是谁写的技能，整得像谜语一样，完全看不懂。上官清雪闻言。 一根葱白玉指划过陆云胸膛，看不懂慢慢来，不要急。说完，那根手指突然间开始画起了圈圈。陆云当即虎躯一震，我看你挺急的呀，小骚货。说完，没等上官清雪反应过来，顺势便压到对方身上。一时间四目相对，陆云眼里火焰爆发，向着眼前两片红唇攻去。上官清雪愣了一下，随即脸上一阵绯红，迎合着陆云。又是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 两个半小时后，上官清雪累得不行，趴在床上一动不动。他的脚趾头竟然朝着天花板摇晃了那么久。嘤、嗯，陆云却还精力旺盛，却不忍再折磨上官清雪，便起身跃到海里，通过游泳消耗自己爆表的精力。这时，上官清雪看着眼前那副卷轴，心中不免有些好奇，究竟是什么样的技能，连陆云都看不懂。想到这里，他抬起疲惫的双手，缓缓将卷轴打开。 然而，第一页的那句佛偈便让他脸色上浮现出一丝失落。他眼神复杂的看着海里游泳的陆云，看上去十分纠结。不知不觉，三天时间已过。跟之前一样，一道炫目的白芒过后，所有被选中参加副本的人被宇宙裁判传送到了副本当中。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所有参加副本的人，都是以完成契约的组合为单位，分别被传送到副本里面不同的地方。也就是说，已经契约过的两人为一组，没有契约的。 独自为一组，并且副本里面的气候也与上次完全不同，寒风呼啸，皑皑白雪覆盖着整片区域，好一幅银装素裹的雪景图。只可惜，除了陆云有这样的闲情雅致以外，其余人都心情紧张，有的甚至瑟瑟发抖。副本名称：山海南狩猎北域。副本介绍：在一处神秘的大陆上，人类与动物共同生活于此，人类可以吸收灵气，收获天材地宝，增强体魄。 动物也可以通过相同的方式幻化成魔兽妖怪。你们此次来到的地方就是大陆的正北边的一片区域，在这里只有猎人跟猎物。你是要做猎人还是要做猎物？副本等级低级三阶，通关条件：阵营积分最高是副本通关的唯一条件。击杀一只猎物可获得对应积分奖励，被猎人击杀失去积分，当场死亡。积分低的阵营持有积分最多者可以消耗积分提升自己阶位或者资质，申请与对方阵营对决的机会。 可申请对决对象持有积分最少者。副本通关后，胜者方所有成员手上的积分也会转变成相应的升阶经验。除参与对决者，其余人副本结束前禁止兑换奖励兑换。提升一阶一百积分，提升二阶二百积分，以此类推，最高可提升四阶。资质提升一级一百五十积分，资质提升二级三百积分，以此类推，最高提升三级，且提升不超过 SS 级。 对决胜出者可获得额外奖励，所有积分持有者无条件贡献三分之二的积分给到胜出者，对决失败阵营的积分全数给到胜出者。看完副本简介，所有的人无一不倒吸一口冷气。在外界提升阶位，需要长时间努力修炼才可以做到；至于说提升资质，那更是天方夜谭。但是在这一次的副本里面，只要有积分就可以轻松兑换，这是一次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机会，并且千载难逢，对所有人来说。 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机遇。浏览完所有副本信息，陆云显得有些哭笑不得。这提升阶位道还可以接受，至于这资质嘛，对我们来说一点用都没有。上官清雪听到陆云说的话，轻轻点头认可。这样的副本要是在我们修炼到后期再出现的话，那就更好了。毕竟越修炼到后面阶位的提升就越难，要求也就越高。听到上官清雪的话，陆云灵机一动，似乎想到了什么问题。这积分兑换的期限好像并没有固定，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可以把积分留到以后再兑换呢。闻言，上官清雪恍然大悟，冲陆云露出赞赏的笑容。不愧是你，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说话间，陆云打开了副本地图，一个醒目的地名赫然出现在陆云眼前——天山。看到这里，陆云嘴角泛起一丝邪魅的笑容。经过上次副本的经验，基本上可以断定，副本里面的珍贵材料对自己或者上官清雪的修炼都有极大的益处。而天山作为《山海经》里的神秘之地。 里面各种奇珍异宝数不胜数，怎么了？看着一脸怪异笑容的陆云，上官清雪疑惑的问道。陆云清澈的眸子看着对方，微微一笑：“要不要我再带你去寻宝？”啊，好呀好呀，可是积分怎么办？走，积分我自有办法。语毕，陆云不由分说，便让上官清雪化作气灵状态，往天山方向飞去。至于收集积分，那是傻子才去干的事。陆云要做的就是趁机去把天山的各种宝贝材料收集一空。 以自己的实力，根本不用担心最后的决战。第四十二章三观炸裂。另一边，罗大友他们就没有这么好的闲情雅致。此时的罗大友，作为人类阵营资历最高的存在，在昨天的会议上被选为副本的突击组长。他的任务就是保护林文博、叶凝霜等人类有生力量，然后再想方设法通关这次的副本。只见他与林巧巧站在一起，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定位显示器，在上面寻找叶凝霜、林文博等人的位置。 这是昨天商量之后决定的。不光叶凝霜他们两个，就连李静怡和王彦成他们也带有定位器。只不过作为重点保护对象，叶凝霜和林文博的定位标志是红色的，而其他人就是普通的绿点。确定方位之后，林巧巧化作气灵模样，载着罗大友直接往林文博方向飞去。不到半小时时间，他便把带有定位器的人们召集在了一起。看着眼前乌泱泱的一队人马，身为组长的罗大友心里风光无限。出发。 随着一声命令发出，他便带着大家开始寻找猎物，收集积分。这样一支队伍，更有 SSS 级的林文博与 S 级的叶凝霜坐镇，注定是横扫一切。果不其然，在罗大友的带领下，这支队伍遇神杀神，遇佛杀佛，不一会儿便收集到差不多二百积分，顺带在路上还召集了一些零散的人类加入到自己的队伍。此时，天山脚下，两个身材矮小、分别穿着黑灰颜色倭国武士服的男子，操着一口蹩脚的夏国话，正在交流。 岸本桑，你说这一次的副本异兽能赢吗？灰色衣服男子率先开口发问，脸上带着些少许担忧。被叫做岸本的黑服男子没好气瞪了一眼对方，没好气说道：“冈村你个小八嘎，异兽那么强大，拿下这次副本轻而易举。再者说，不管他们是赢是输，对咱们都没影响。”冈村一脸尴尬笑笑：“索德斯勒，我咋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记了？既然如此，咱们就可以好好的找我们的宝贝儿了。真是没想到。” 咱俩第一次被委以重任，就遇到这个副本，还真的是天助我大倭国！这波国运交换，我们不亏。说完，脸上露出一脸阴谋的笑容。岸本同样如此，抬头看了一眼天山山顶。这次我们大倭国的国运与异兽达成合作，副本通关之后，我们不但可以窃取夏国的国运，还可以拿到天山上那一株珍贵的药材。这样一来，消失的国运就能得到弥补，简直是百利而无一害。哈哈！显然，在他看来。 这一次的副本，异兽必拿下。闻言，冈村开口催促道：“有希，咱们赶紧走吧，免得那件宝物被别人捷足先登。”说着，便加快速度往山顶而去。看了一眼迫不及待的冈村，岸本眼中闪露出不屑的神情：“喂，你真的是个大八嘎！除了我们，还有谁会知道天山上面有宝贝？那些愚蠢的夏国人，早就把他们的老祖宗忘得一干二净了。”话虽如此，岸本还是加快了步伐，上前追赶冈村。 就在二人离开后不久，一道人影缓缓从天降下，身上带着是一对洁白如玉、流光溢彩的翅膀，正是陆云。此刻他眼神微眯，饶有兴致的盯着眼前的一排脚印。从他看到这两个奇装异服的人那一刻开始，他就察觉到了不对劲。明明是夏国的副本，怎么可能会出现倭国人呢？为了伪装自己，担心与国人突然碰到，竟然还操着夏国话交流。于是他便一直潜藏在暗处，悄悄将二人的对话。 听得一清二楚，在得知倭国人竟然出卖自己的国运，与异兽一同进入到副本里面之后，心里面觉得很是好奇。他显然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操作，于是便决定等这一次副本通关以后，再好好研究一下这邪门歪道。眼下最为重要的便是要跟上去，看看这两个倭国人想要找的东西是不是跟自己的目标是一样的。奇怪，身后的上官清雪突然发出一声疑惑，听上去像是极为不解的样子。陆云听到上官清雪的声音。 轻声开口问道：“怎么了？”清雪闻言，上官清雪将心中疑惑告诉陆云：“难道你没有发现吗？这两个倭国人并没有把他们的器灵一起带上。”听到上官清雪的话，陆云也马上注意到这一点。思虑片刻，陆云才缓缓开口：“或许他们没有契约，不像……”上官清雪抖动着翅膀，慢慢说道：“那两个倭国人的气息不像是没有器灵的样子。”陆云暂时也想不明白，所以就不去想，不管了。 咱们先跟上去，看他们的样子，估计跟我看上的，是同一件宝物。闻言，上官清雪也不再多说，便任由陆云控制飞行。对于陆云所说的天山上面的宝贝，上官清雪心里面同样感到好奇，心想肯定是一个不得了的宝贝，不然的话，陆云不可能这么看重。至于为什么陆云会知道天山上有宝物，上官清雪同样感到好奇，只不过陆云不说，他也不会主动去问。主打的就是，只要是陆云说的，就是对对的。 陆云说：“去哪就去了。”陆云说：“有宝物，那就一定有宝物。”就这样，在陆云屏蔽气息跟踪了大概两个半小时左右，终于爬到了山顶。向下看去，一层厚厚的雪雾挡住了视线。上官清雪只感觉身处在一片云海当中。陆云的注意力始终在两名倭国人身上，看着他们停下脚步，陆云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躲了起来。应该就是前面这根柱子了吧？看上去好神秘古老的样子。冈村看着眼前的一个高耸入云的石柱，气喘吁吁地念叨着。 眼里露出激动的光芒，岸本首先环顾了一下四周，在没有发现人影之后，才走上前去，对着眼前这堵冰墙仔细琢磨起来。将表层的雪花擦拭过后，岸本发现一层冰层，透过冰层能看到里面是一个空间，此刻荧光点点闪烁，尤为美丽壮观。看到这里，岸本忍不住慢慢说道：“天山云顶，寰宇渺茫，擎天一柱，实为石墙。去雪见冰，荧光茫茫，破冰而入。” 得其真相，按照古籍记载，应该就是这里没错。听到岸本的话，冈村眉开眼笑，来吧，动手！说着便化作一柄大锤立在原地。只见那大锤银光闪闪，周身上下的雷电交加，发出滋滋的电流声。看着这一幕，陆云心中大感惊奇，三观炸裂。这叫冈村的家伙，竟然是器灵！第四十三章，你没有机会了。轰！就在陆云和上官清雪三观尽毁的时候。 一声惊天巨响传来，岸本手握冈村所画的大锤，狠狠地砸在了那根石柱之上。只见一道刺眼的白色光芒闪过，瞬间被震碎的冰块四散飞去。诡异的是，那根石柱并没有轰然倒塌，依旧是耸立在原地，直插云端。看着眼前像是一个漩涡形状的传送门，岸本面露喜色，回头看了一眼四周之后，便伸出右脚，尝试性的迈了进去。在感觉到没什么阻碍之后，岸本加快速度，整个身子瞬间被传送门吞没。 陆云，我们也跟上去吧。看着岸本消失以后，上官清雪轻声催促着，陆云却只是微微摇了摇头。不急，咱们再等一会儿。陆云料定岸本肯定会在入口处埋伏，确定没人跟踪以后，他才会往里面深入。果不出陆云所料，岸本在进入石柱里面以后，并没有着急往里面走，而是站在入口处，手持冈村化的大锤，一副戒备的模样。就这样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岸本这才放下戒备，转身往里面走去。 又过去大概二十分钟，陆云这才缓缓起身，穿过那片传送门。进到门的瞬间，陆云就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只见原本一片漆黑的空间，突然银光闪闪。透过闪烁的微光，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于山洞的空间。只不过在这里面，四周的石壁看上去尤为光滑整洁。相对于外面的天寒地冻，这里面却宛如春天一样凉爽。隐隐约约还能听到水滴落地、水流潺潺的声音，这不免让陆云大感神奇。 在如此天寒地冻的天山，竟然能有这么一方奇异空间，想来多半是因为那株珍贵药材。看了一眼正前方，陆云循着暗本的气息向前走去。为了避免不被发现，上官清雪也将气息隐藏下来。原本流光四溢的翅膀，在此刻暗淡无光，与这昏暗的空间融为一体。陆云屏气凝神，收敛气息，小心翼翼的行走在四周都是石壁的甬道。根据常识可以判断，那株珍贵的药材肯定有一些强大的存在守护着。 所以，陆云打算让岸本与冈村去冲锋打头阵，自己则是伺机而动。大概走了十几分钟左右，突然间一阵砰砰咚咚的嘈杂声传入耳朵，其中不时还夹杂着八嘎的怒吼声。通过音色可以分辨，这声音正是岸本传过来的。这多半是岸本已经找到了那件宝物，正在与守护宝物的家伙在战斗。想到这里，陆云加快了步伐。随着距离越来越近，那激烈的打斗声也就越来越清晰。穿过洞道，来到一个洞府门口，打斗的声音。 便是里面传来的，吼、哦！哈哈！突然一声魔兽的悲鸣传来，随即便是岸本得意的狂笑声。区区一只下国的小妖兽，也敢与我抗衡，简直是找死！与此同时，冈村的声音也紧跟着响起：“这个兽核，我就先享用了。”说罢，舌头舔了舔嘴唇，脸上露出贪婪的神情。岸本没有去理会冈村，目光始终看着灵兽尸体后那株闪闪发光的雪莲上面。只见那株雪莲通体晶莹剔透。 洁白无瑕，雪莲周围是一圈又一圈的光晕，甚是好看。岸本眼中流露出贪婪的神色，身体缓缓向雪莲挪动而去。住手！就在岸本的手即将触碰到雪莲的时候，一道响亮的声音传来。岸本闻声看去，正是赶来的陆云。岸本眼神微眯，眼中射出两道冰寒杀意，直逼陆云而去。一旁的冈村将手中的兽核吞服后，也是一脸戒备，看着陆云跟上官清雪。然而不消片刻，二人竟然相视一眼。 放声大笑起来，岸本看着陆云的眼神中满是戏谑，原来只是个一阶一级的废物，哈哈，吓老子一跳！冈村也是眼神轻佻，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下国的小朋友，好奇心害死猫，你说你玩雪球就好好玩雪球，跑进来干嘛呢？随即脸色一沉，森然说道：“既然来了，就别走了，别怪我们以大欺小，要怪就怪你看到了不该看的。”言语间一副吃定陆云的样子，丝毫没有将他放在眼里。 见状，陆云丝毫不慌，刚刚就用气灵神瞳观察过，这两个倭国人不过都是三阶 A 级罢了。唯一没想到的是，冈村竟然是气灵，倭国果然玩的是比较花的。想到这里，陆云轻笑一声，一脸玩味儿的看着冈村，不过是个不阴不阳的家伙，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八嘎呀路！听到陆云在侮辱自己，冈村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五官扭曲，面目狰狞，当即就化作大锤模样，主动朝陆云砸来。 陆云嫌脏，于是通过心灵交流，让上官清雪祭出一道剑气迎了上去。砰！刹那间，冈村大锤与剑气碰撞在一起，发出一声尖锐的声音。随即就看到一阵光芒乍现，那道剑气竟然刺穿了冈村大锤。一眨眼，冈村大锤身上的电光瞬间消失，变得暗淡。而随着剑气逐渐深入，只看到冈村大锤周身逐渐出现裂纹，可以明显的看到那大锤想要抽身逃脱，却被一股莫名的力道给控制住。 定身在原地无法动弹，嘎吱嘎吱，伴随着破裂声越来越急促。只见那大锤突然间碎裂成无数碎片，四散飞去。在大锤破碎的瞬间，一道黑影从中射出，落到地上，变回冈村原本的模样。此时的冈村脸色苍白，嘴角还残留有一丝血迹，狼狈不堪。看着这一幕，岸本脸色瞬间凝重下来，如临大敌一般。冈村捂住胸口，一脸惊恐的看着陆云：“你不是一阶一级气灵师？” 你到底是什么人？就在刚才交手的瞬间，冈村能清晰地感受到，那道剑气不但以势不可挡的气势刺入自己的大锤身体，更是有一股奇怪的力量将自己死死吸附住，让自己进退不能。简单来说，就是那道剑气同时具备方向相反的两股力道。逆天，太逆天了！陆云看了一眼冈村，淡然说道：“你没机会知道了。雨”羽碧浑身散发出一阵杀意，令冈村感到脊背发凉。第四十四章，你好坏呀，雅灭蝶。 小兄弟，雪莲给你，放我们走。看着陆云杀心已起，岸本赶紧开口商量。不过陆云却敏锐的捕捉到了，对方眼睛里闪过一丝恍惚,惚之色，随即心里也传来了上官清雪的声音：“那个叫冈村的，刚刚反应也有点诡异。”杀！陆云没有犹豫，直接向上官清雪下达命令。同一时间，冈村突然间挥舞右手，像是要扔点什么东西。与此同时，岸本也以最快的速度想要率先抢夺天山雪莲，只不过。 也是同一时间，二人的身子突然愣在原地，一动不动。随即，砰砰两声，轰然倒地。原来陆云与上官清雪发现了岸本与冈村的异常，料到对方会找机会逃跑，于是二人便同时出手，分别将岸本与冈村以雷霆手段击杀。果然，冈村握在手中想要扔出来的是一颗迷魂弹。确认二人已经气绝身亡，陆云来到雪莲旁，看着周身泛着点点白芒的天山雪莲，陆云忍不住感叹。 看来记载没错，果然有天山雪莲这种神奇的存在，就连上官清雪也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这花好美！”陆云微微一笑，便伸出右手，想要将天山雪莲摘到手里。轰隆隆！突然间，地动山摇，像是天山雪莲在抗拒一样。见状，陆云也不敢轻举妄动，只是脸色凝重的看着雪莲，脑中思考着摘取办法。雪莲有灵性，不能强取，想要得到它，得看缘分。 就在陆云正在思考如何取下雪莲的时候，一道悠扬动听的清脆女声缓缓传来。陆云当即凝神戒备，看着入口处，只见一个女子出现在洞口处，一头洁白如雪的白发静谧的垂落在肩上，宛如九天神女般神秘高贵。眼眸深邃，时而冷冽如冰，时而热烈如火，令人无法琢磨。鼻梁高挺，嘴唇薄而红艳，身段妙曼惊人。她就这样静静的站在那里，身姿修长，自然流露出一股不凡的气质。 此刻正扬起美眸上雪白的剑眉，似笑非笑地看着陆云。陆云见对方没有敌意，冲着对方礼貌微笑，轻声问道：“不知道这缘分是指哪方面的？”透过气灵神瞳，陆云已经知道眼前的冰雪美人正是天山雪莲的化身。想要摘取雪莲，自然得对方说了算。若是强行胁迫，只能是适得其反。白衣女子注视陆云片刻以后，莞尔一笑，红唇微起，你缘分未到，请离开吧。” 说着，轻轻抬起右手，在身侧画了个圈，随即一道传送门便出现在陆云眼前。看着那如同漩涡一样的传送门，陆云心有不甘，正要开口，对方却化作虚影消失不见。陆云，你先离开，这里交给我。突然间，上官清雪的声音传来。只见对方已经解除气灵状态，一双清澈的眸子里满是信心地看着陆云。虽然心里疑惑，但此刻解除了联合状态，陆云并不知道上官清雪心中所想。犹豫片刻。 陆云还是点了点头，抬脚迈入传送门。不光是陆云他们，另外一边罗大友带领的队伍，也遇到了四名说着蹩脚下国话的倭国人，两男两女，双双成对。对方说是在南疆境内旅游被选中，罗大友还真的相信了。当然，罗大友主要是看上了对方四个人都是三阶 A 级的实力。接下来就是四个倭国人的表演时间了。因为罗大友将所有人聚集在一起，所以在遇到异兽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几个人出手斩杀异兽。 获得积分。至于其他的人，则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不管异兽是什么等级，他们都没有出手的机会，因此他们就没法收获积分。虽然也避免了危险的战斗，但对于这种情况，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暗地里埋怨。毕竟在这个副本里，积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极为宝贵的东西。那几个倭国人显然也发现了队伍中的弱点，所以在大家走到一个分叉路口的时候，倭国人提出建议，兵分两路。这样的话，就可以充分的利用人力资源，同时。 每个人都有机会获得积分，对大家都有好处。架不住人多的劝，罗大友思索片刻以后，便决定自己带一队，另外一队交给叶凝霜去带领。而那四名倭国人，在发现叶凝霜没有契约之后，便打上了他的主意。在四名倭国人提出要与叶凝霜一队，和他一起照应队伍时，罗大友想也没想就点头同意。兽有兽合，器灵自然也有契合。器灵师死后，除了身上的宝物，便一无是处。而器灵在死后。 其气核却是可以用来吞噬、提升实力，所以这些倭国人便对叶凝霜的气核起了贪念。同时，让他们更欲罢不能的是叶凝霜婀娜曼妙的身体。花姑娘大大滴好！为了节省时间，这几个倭国人联系上了异兽，打算将叶凝霜这队人马带到异兽的包围圈，一举歼灭。最终，他们选择的伏击地点就定在天山脚下。一来可以将叶凝霜这支队伍歼灭，二来的话，他们还可以接应岸本和冈村。 陆云一个人无聊的在外面等了许久，终于看到那传送门有了动静。只见上官清雪缓缓从里面走出，手里还拿着那一朵天山雪莲。看见陆云，上官清雪的脸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诺，你搞不定的事情，我帮你搞定了。好好想一想，该怎么奖励我。”说完，上官清雪嘚瑟的看着陆云。看到他手上那一朵天山雪莲，陆云心里面百思不得其解：这丫头到底是使用了什么手段？ 才将那雪莲给收服的，你别问我，就算你问我，我也不告诉你。嘻嘻，看着一脸疑惑的陆云，上官清雪浅浅的坏笑着，随后一脸神秘的看着陆云：“这是我们女孩子之间的秘密哦。”见状，陆云笑着摇了摇头，调侃道：“我刚刚在器灵空间也发现了一个大宝贝，要不咱俩现在进去看看？我把它送给你，当成是给你的奖励。”说罢，陆云笑意十足的盯着上官清雪一顿猛看，感受到陆云的不怀好意。 上官清雪脸上泛起一丝羞红，讨厌，你好话，脑子里都装着些什么坏东西啊！救命啊！陆云正要接上话，却听见响彻天地的求救声传来，随即二人目光同时锁定声音传来的方向。上官清雪化作气灵状态附到陆云身上，陆云没有犹豫，果断朝着那个方向飞去。第四十五章啥意思？咚<动>！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天山脚下一处森林，一朵蘑菇云轰然升起。 四散开的余波将整片区域的树木拦腰斩断，地面数十人横七竖八的躺在地上挣扎，嘴里不断的发出闷哼声，显然是受到了重创。啧啧啧，还真是一群小可爱呢，我们随便说说就当真了，就是也不想想，我们怎么会来到这里。此刻的两个倭国人手持自己气灵幻化的武器，目光戏谑的看着倒在地上的众人。嗷呜、哦，嗷、哦、呜，一只只异兽发出得意的吼叫声，龇牙咧嘴。 迫不及待的眼里露出贪婪的目光，两队三阶 A 级组合，还有几只三阶 S 级异兽，随便可以拿捏任何情况。所有人惊恐的看着这一幕，眼中写满了绝望。那是一群异兽，为首那几只更是有 S 级的资质，而他们这一队的最强战斗力叶凝霜虽然说也是三阶 S 级器灵，但是却是一个没有契约的器灵。对方那两组倭国人就可以轻松将叶凝霜击败，也就是说，他们根本毫无胜算。他们当中已经有很多人开始懊悔。 为什么当初就要跟叶凝霜一起？叶凝霜同样一脸狼狈，一双美眸阴沉着盯着对方。对方这么大的阵势，看来今天是在劫难逃了。怎么办？我还不想死啊！呜、哦，不知道有没有趁乱逃出去的。如果能给罗主任他们报个信，那我们就有救了。这几个天杀的倭国狗贼，竟然跟异兽狼狈为奸！听着周围愤懑不平的声音，叶凝霜脸色凝重。行了，别说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当务之急是看能不能送两个人出去报个信。 然而，叶凝霜的话音刚落，便有人开口反驳：“就算我们努力撕开一个口子，给人制造机会，冲出去报信，那也没用，因为留在这里的人根本就坚持不到援军的赶来。”闻言，现场一片死寂。虽然这句话很难入耳，但的确是实话实说。看着被自己围困的猎物，像是放弃了抵抗的样子，其中一个倭国男子怪笑着说道：“有希，看来你们已经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另一个一脸嘿嘿阴笑，眼里闪烁着两团邪火，看着叶凝霜。说实话，我是真舍不得杀掉你，毕竟你这么漂亮，用来暖被窝是一个绝佳的选择。不过我更喜欢的是你的气合，要怪就只能怪你身在毫无底蕴的夏国。哈 <laughs> 说罢，身上便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劲，准备将在场的人尽数屠杀干净。咦，你们看，有人来了！突然间，一声惊呼，所有人顺着那个人的方向看去，只看到一道身影在空中翱翔。 正向这边赶来，大家仿佛像是看到了希望一样，一个个热切的看着那道人影。然而，当大家看清楚来人的面貌之后，眼中的希望一闪而逝，转而是一脸的失望与无奈。这不是陆云吗？整个南疆出了名的一阶一、e、级废物器灵师，他的器灵是更废物的 F 级彩虹马。他来了能有什么用？无非是给异兽增加两坨口粮而已。陆云，你快走，快去叫罗主任他们过来。这时候，叶凝霜的一声呼喊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 然而，陆云却像没听见一样，径直悬停在异兽阵营的对面。所有人看着这一幕，心里面更加绝望了。完了，唯一能请求救援的机会没了。叶凝霜原以为陆云能有什么能力对抗眼前的这群异兽，只是在他发现了陆云的实力之后，脸上也露出了失望之色。稳定在一阶一级，毫无波动，这怎么打？看来之前的确是如他们所说，陆云是利用副本资源暂时提升了实力。陆云，你应该逃的。 叶凝霜的话语当中竟是无奈与失落，然而陆云却没有打算理会他。要不是看到有倭国人在此作乱，这群人的死活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看着一脸得意的两个倭国人，陆云一脸嫌弃厌恶：“好好的人不做，非要去当畜生。”清雪秒了。听到陆云的话，那两名倭国人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你个气灵师当中的废物垃圾，谁他妈给你的勇气，敢这样跟老子说话？杀你我都嫌。”话到此处戛然而止。 因为他们都感到头顶有一股强大的威压，像是有什么毁天灭地的力量即将从天倾泻出来，落到自己的身上一样。一瞬间，那两名倭国人和所有玉兽都准备脚底抹油开溜，想跑，晚了。陆云嘴角微翘，面无表情的说道：“不等倭国人反应过来，无数道剑气利刃从天而降，蕴含着无尽的气劲与威能，尽数倾泻在他们的身体上面。”叶凝霜跟其他人感受到那剑刃上面浓厚的杀伐之气。 心中震撼不已，怎么回事？这真的是那个 F 级的气灵发动的攻势吗？啊！嗷、啊、呜！刹那间，异兽阵营里面血雾弥漫，血肉横飞，所有打击单位都像是气泡一样，在接触到剑刃的瞬间原地爆炸。倭国人的惨叫声掺杂着异兽的痛呼声，连绵不断，徘徊在这片天地之间，良久才逐渐消失。飞在空中的陆云轻捏了一下鼻子，用手挥散眼前的充满腥味的血雾。 这漫不经心的动作，叶凝霜等人看在眼里，是感到了多么的可笑。只不过他们笑的不是陆云，而是自己。一直以来，他们都认为陆云是个废物，没想到在紧要关头，却是陆云救了他们。甚至他们视为死神的异兽，在陆云跟前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疑惑、麻木、震惊、艳羡，一时间，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不一样。就在众人思绪翻涌之际，上官清雪已经取消了气灵形态。 往刚才攻击的区域内飞绕过一圈，便将所有的兽核都收在一起。至于那两个倭国器灵的契合，上官清雪感觉有点恶心，嫌弃的丢在一旁。陆云看了看积分面板，这一战竟然涨了三百多的积分。目光扫视了一眼下方的众人，陆云将所有积分都划给了叶凝霜。现在这点积分，哪有到最后对决胜出的积分奖励高？他还要继续去寻找宝物，只要人类阵营的积分超过异兽的积分就行。叶凝霜那边原本就有积分积累了。 叶凝霜看着莫名其妙多出的三百多的积分，一脸问号，这是啥意思？啊？等他再看向陆云时，陆云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第四十六章人心不齐。经过刚才的一战，陆云断定此次无尽副本，倭国人肯定不止刚才自己看见的那些，而这些倭国人的目的也很明确，那就是冲着副本里面的奇珍异宝来的。念及于此，陆云心里对倭国的卑劣行径感到嗤之以鼻。想要把夏国的宝物带回去，得先问问自己答不答应。 既然对方那么犯贱，自己便满足他们。轰！突然的一声巨响，瞬间吸引了陆云的注意力。看了一眼巨响声传来的方向，陆云没有犹豫，径直飞了过去。逃出生天的叶凝霜带着零零散散的队伍，找到了罗大友。看着一个个狼狈不堪的样子，以及人数骤减的队伍，罗大佑一脸凝重：“凝霜，你们这是遇到异兽了吗？”闻言，叶凝霜一脸苦涩的点了点头：“是那几个倭国人。现在副本里面的倭国人跟异兽是一个阵营的。” 他们把我往异兽的包围圈中引去，差点全军覆没。听到叶凝霜的话，罗大友大感恐惧，突然间想到了什么，一脸激动的问向叶凝霜：“如此说来，你们是将那群异兽消灭掉，才得以脱身？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此刻叶凝霜手里的积分肯定会很多，要来一点给林文博花花，想来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叶凝霜有些疑惑的看着罗大友，思虑片刻，还是轻轻点了点头：“的确，那群异兽已经全军覆没。” 他没有将陆云救自己的事情告诉罗大友，想来就算说了，罗大友也不会相信。最为重要的一点，那就是罗大友此次副本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想方设法置陆云于死地。因此，叶凝霜再怎样也不可能出卖陆云。然而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罗大友一点没关心他们是怎么逃脱的，反而一脸迫切的看着叶凝霜。那想必收获了不少积分吧？听到这样的话，不光是叶凝霜，就连身后剩下的队员也感到一丝不妙。 想了想，叶凝霜淡淡说道：“的确，不过我都分给大家了，那是大家差点用命换来的。”这句话已经很明确的提醒罗大友，这些积分差点要了自己的命。只不过罗大友却不关心，反倒是一副心疼的样子。“哎呀呀，你怎么能分给他们？积分有多重要，你又不是不知道。要给也是给林文博啊。要是我们积分比不过异兽，那他可是这一次副本通关的最后底牌。”听到他的话，叶凝霜扫视了一眼双方队伍的人员。 大部分人的神情都是敢怒不敢言，显然他们被罗大友压榨的不轻。还没等叶凝霜开口，罗大友便一脸凛然正气的看着自己这队人马。为了能确保这次副本顺利通关，请大家将积分划给林文博同学。通关后，我会按照比例将奖励分配给大家。此时的林文博就站在罗大友身旁，下巴微扬，一脸骄傲的看着所有人。闻言，所有人脸上都露出反感的表情。这次副本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机遇。 你的林文博需要发育，我们就不需要了。再者说，积分要是真到了罗大友手里，到最后的奖励他要分给谁，分多少，还不是他说了算？我拒绝。既然是比积分总和，为什么还要将积分收集到一个人身上呢？就是这次副本对我们来说都是难得一遇的机遇，这些积分放到外面，给多少钱都买不到。我建议我们大家分散狩猎，那样自己能拿到多少积分，就看自己的本事。要是打不过异兽，那自己也认了。赞成。 全部集中在一起，不但浪费资源，就算遇到异兽了都不能出手，眼巴巴看着别人击杀异兽获取积分，这种感觉太不爽了。随着几个敢于说话的人带头抗议，一瞬间现场变得混乱起来。感受到自己的威严被挑战，罗大有脸色瞬间阴沉下来。我是组长，你们想抗命吗？语气冰冷，眼中迸射出两道寒芒，直逼众人而去。既然你是组长，那就要为大家的利益考虑，而不是只顾着一个人。就是从开始到现在。 我手里才一个积分，剩下的都被你划走了，凭什么？显然，罗大有的做法已经让所有人积怨已久。见此情形，罗大友脸色难看到了极点。如果谁敢违抗命令，我不介意现在就让他成为此次副本牺牲的烈士。闻言，在场嘈杂的议论声瞬间戛然而止，一片寂静。所有人心怀怨恨、愤懑不平的看着罗大友。见状，李静怡觉得自己表现的机会到了。只要自己维护罗大友，那通关之后。 对方肯定会多给自己一些利益。想到这里，李静一踏步上前，一副仗义直言的模样：“各位，请听我说，罗主任这样做完全是为了确保此次副本万无一失。我相信，到最后罗主任肯定会公平分配的。现在大家就相信罗主任，听从罗主任的安排就好。”一旁的王彦辰见状，也附和着说道：“是啊，你们大家想想，现在四周都有异兽，危机重重。我们要是单独行动，那样风险系数就会增加。” 对大家都没好处。看着帮自己说话的李静怡跟王彦辰，罗大有眼里露出认可、赞赏的目光。听他们这么一说，现场的人瞬间脸上开始犹豫不决。林文博见此情形，冷哼一声：“一群胆小鬼而已！一会儿要真是到了最后的决战，还不是得靠我？”言语之间充斥着对所有人的不屑。自从得知副本积分能让自己节省修炼、直接进阶以及提升资质，林文博进入副本前的恐惧便一扫而光。 他相信，只要他硬着头皮装到最后，自己如今的三阶 B 级也可以提升到三阶 S S 级。这样一来，自己以后就不用伪装，可以到处横着走了。我建议我们分成几个小队一起，如果遇到紧急状况，通过烽烟请求救援。说话的是叶凝霜，显然他也看不惯罗大有的贪心。看着一脸淡然的叶凝霜，罗大有眼神微眯，脸色瞬间阴沉下来，冷若冰霜的目光锁定在叶凝霜身上。 现场众人瞬间透不过气来。叶凝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现在只是孤身一人。罗大有冰冷刺骨的声音直指叶凝霜，是提醒，更是警告。第四十七章：一起死，还是一个一个死？so 叶凝霜抽身退后，目光警惕盯着罗大有。你想打架，我奉陪。纵然失去气灵师，叶凝霜也不惧怕罗大有。如果对方真要与自己硬碰硬，哪怕是孤身一人。 他也要维护自己三阶 S 级器灵的尊严。看着一副要强的叶凝霜，罗大有冷笑：失去器灵师的器灵，只有任人宰割的命运。说罢便要出手。罗主任找到啦，找到陆云啦。突然一道由远及近的呼唤，终止了剑拔弩张的局面。罗大有看着来人，面露喜色。那家伙在哪？西南方向三公里左右，正在跟一群倭国人战斗。很好。罗大有看了一眼西南方向。 那里刚好是自己之前带队扫荡过的，不愧是废物，只敢藏头露尾，躲在别人后面。不过为了你，我再回去一趟又何妨？没错，他要对陆云下手了。集合这么多人手，目的只有一个：杀掉陆云。被陆云欺负的那口气，他憋了很久，不吐不快。为此，他专门准备了秘密武器，那就是他的 S S S 级气灵师林文博，倾尽学校所有高级资源培养，现在已经是三阶。在他看来。 对付陆云，就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同样，林文博从进入副本也在等着这一刻。依照李静怡他们给的情报，陆云之前不过是暂时提升了实力，进入副本就会消失。既然如此，自己一个三阶气灵师对付一阶的陆云，轻而易举。只要帮罗大有出了这口气，罗大有就会收集所有人的积分给到自己。美滋滋，看着一旁的叶凝霜，罗大有目光凛然，一会儿再找你算账。 随后面向所有人，跟我走，杀了那家伙，我可以对你们的无礼既往不咎。沉寂犹豫，原本跟着叶凝霜那群人看了看叶凝霜，没有过去，甚至有些罗大有的队伍当中的成员，在听到叶凝霜分配积分仪式后，也蠢蠢欲动，犹豫再三，他们也挪动脚步，来到叶凝霜一旁。罗大有的话，他们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敢再相信。看着这些家伙，罗大有心底震怒，无知。 自寻死路，这是罗大有看着这些人的第一反应。就连林文博也是一脸冷笑，李静怡也是像是看一群傻猴一样看着叶凝霜一群人。队伍注定要分道扬镳。好好，希望你们一会儿不要后悔。柿子要捡软的捏，陆云才是个一阶一级，加上仇恨使然。罗大有决定先解决陆云，再来解决叶凝霜。他可以不杀叶凝霜，但一定要帮助林文博契约叶凝霜。这是他来此之前。 答应林文博的，出发！一声令下，罗大友带着剩下的人，跟着报信的人往陆云方向走去。一行人同仇敌忾，与子同袍。尤其是李静怡，这一刻他期盼已久。没了副本奖励的加持，他一定要好好揉捏陆云。叶小姐，我们应该怎么办？叶凝霜这边，所有人都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看着罗大有渐行渐远的背影，叶凝霜峨眉微蹙。以他现在的情况，对付罗大友。 他估计有些够呛，更何况还有一个林文博，总是用厌恶的眼神看着自己。林文博的阶位，他能感应到，已经是三阶，资质也仅仅只是 B 级，并且林文博给他的感觉跟陆云完全不同。在陆云面前，自己根本看不透对方，而林文博，他却能轻易看穿。可是，如果林文博不是 S S S 及其灵师，那他哪来的勇气对自己虎视眈眈？头大，想不明白，先跟上去。陆云救了我们。 我们理应帮忙。既然知道罗大有要找陆云的麻烦，叶凝霜自然不会坐视不理。确切的说，他要赌，赌陆云才是那个真正的、SS、S S S 级器灵师。另一边，轰！每一声爆炸，就有一群倭国人原地飞升。这些倭国人本来是分散寻宝的，突然听到有人追杀他们同伴，于是聚到了一起，打算为同伴报仇。当他们看到陆云的时候，笑，肆意狂笑。 区区一个一阶一级的废物，还不是想怎么玩就怎么玩？然而陆云看到他们的时候，也笑了，冷笑。之前他们不明白，但是现在明白了。明白过后，一群倭国人脸上只剩下惊恐，心中唯一的活动，总结起来就一句话：特么的夏国太强大了！一个一阶一级的气灵师，让他们连还手的余地都没有。小兄弟，我们有眼无珠，冒犯了您，还请看在我们两国是近邻的份上，饶过我们吧。 一个倭国领头人以头抢地，苦苦哀求。他已经死了很多同伴了，不想再死了。身后那十几个也是瑟瑟发抖，抱在一起。刚刚他们可是一百多号人的队伍。这个恶魔太他妈恐怖了，尤其是身后那对翅膀，不但会发光，而且还会放箭，好多好多的箭，特别是黑色的箭，让他们还手的力气都没有。看着这群长相丑陋的倭国人，陆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都是尸体而已。清雪，灭了他们。 嗯，嗖嗖嗖，又是接连而来的破空声传来，无数道剑气从天而降，直逼他们脑袋。所有倭国人面目狰狞，咬牙切齿。可是怎么办？只能等死。轰！又是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起，刚刚那群倭国人渣都没剩下。敢打夏国的主意，就应该做好随时下地狱的准备。接下来就是惯例，打扫现场，收宝，离开。突然，身后一道道杀意传来。 废物，休走！熟悉的声音响起，陆云无奈摇头，怎么就非要赶来送死、啊？真以为自己不会对同类下手？止住身形，陆云悬浮般空，目光凛然。片刻，罗大友、李静怡、王彦辰一个个熟悉的身影落到自己对面，当然也有不熟悉的。一行数十人，其中等级最高的就是罗大友。哈哈，陆云，你这个废物，没想到吧？没了副本奖励的加持。 你就是个一无是处的废材，面都不敢露，只敢跟在我们屁股后面。莫等罗大有开口，李静怡就忍不住了，这口恶气憋得太久，她同样不吐不快。等到李静怡说完，罗大有目光冷厉的看着陆云：“你想怎么死？”他同样憋了很久。见此情形，陆云轻轻摇头，不以为然：“你们打算一起死，还是一个一个死？”第四十八章要打就打。噗，人群中有人忍不住笑了。 什么情况？一个一阶一级的家伙敢说这样的大话？是谁给他的勇气？狂妄、无知、废物！你还以为这是在外面？这里随便一个人站出来都能把你按在地上摩擦。认清现实吧，别老是摆出你这副令人恶心的样子。他们打心底看不起陆云，尤其是参加过第一次副本的，更为不爽。所有奖励都被陆云独吞，他们怎么能忍下这口气？还好这一次有罗主任带队。 听到周围的议论，李静怡眉,眉毛上扬，一脸轻佻。听到没？这里没有谁把你当回事，老老实实跪下给我们磕一百个响头，留你一具全尸。这娘们还是跟以前一如既往的，让自己感到厌恶。聒噪！要打便打，别那么多废话。陆云不想浪费时间，自己还要去寻宝。还有，对这群家伙令他很失望，不好好积攒积分，跑来找自己麻烦。该死！被陆云当众说教，李静怡脸色难看。 自己怎么说也是 A 级，你有什么资格这样跟我说话？罗主任，不用您出手，让我去取了这废物狗命，好好表现一下，争取让林文博注意到自己，那样 SSS 级气灵师又是自己的了。一旁的王彦辰不知道李静怡想法，他只想杀了陆云，以报三天前被侮辱的仇恨。一个只能靠外力的废物，根本不需要罗主任你们出手，让我们来就行。闻言，罗大友点了点头，算是默许。于是，李静怡幻化无影剑。 立在王彦辰身前，王彦辰伸手去握，却被李静怡躲开。王彦辰无奈，取出包里厚厚的手套戴上，这才握住了无影剑。自从那天洗碗后，李静怡就跟自己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在与自己联合作战的时候要戴手套。扑哧，陆云身上的上官清雪没绷住，笑了。王彦辰当即恼羞成怒，径直朝陆云攻去。都是这个家伙，让自己跟李静怡产生间隙。今天无论如何也要将他斩杀。 看着向自己冲过来的王彦辰，陆云一点不慌。等到近了时，猛抬右脚，以一个优美身姿踹在王彦辰腹部。砰！腹部传来沉闷的声音，王彦辰只感到一阵剧痛，并且全身乏力，松开了握住无影剑的手，身体不由自主的向后飞去。轰！重重摔在地上，大口鲜血喷出。废物！关键时候还得看我自己。看着倒飞出去的王彦辰，李静怡冷哼一声，随即趁势。 直逼陆云眉心，如此近的距离，自己必然一击得手。陆云轻笑，迅速抬起左手，剑指弹在剑身某处位置。叮，一声清脆的金属碰撞声响起。无影剑接近陆云眉心的瞬间，剑身不由自主的开始盘旋。李静怡只感到某处柔软部位一阵剧痛，无暇顾及剑身，任由自己在空中盘旋。哐当，不多时便落到地上，退出幻化状态。只见李静怡捂住胸前，面红耳赤。 恼羞成怒，你无耻！众人见状，心知肚明。陆云那一指弹到了不该弹的位置，眼神淡漠的看着李静怡。陆云没有说话，自己送上门来的，怪我喽。王彦辰看着这一幕，也是咬牙切齿，想要冲上去，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有力气。此时，现场的人们这才反应过来，他不是没了副本之力的加持了吗？为什么 A 级的李静怡跟王彦辰依旧不是他的对手？难道说上次的副本效果？ 还没消失吗？不可能，他应该是阶位提升上去了，加上李静怡跟王彦辰一时心急大意，才中了他的偷袭。他们以前都是比陆云优秀的人，根本接受不了陆云比他们要强的结果。陆云没有理会，视线转到罗大友身上。作为老师，不好好积攒积分，带着这么多人寻私仇，可笑。陆云打心里瞧不起罗大友，不是因为对方处分过自己，而是因为对方的确如自己所说，只知道面子。陆云知道罗大友。 为什么老盯着自己？无非就是自己是全校的吊车尾，让他感到脸上无光。再加上找自己麻烦没捞到好处，更让他感到没有面子。果然，罗大友已然动怒，两只眼睛瞪着陆云，充斥着火焰。一个小垃圾而已，提升了阶位就目中无人了。作为老师，我的确该亲自出手，好好教育教育你。他忍不住了，陆云让他一而再再而三的没了面子，他很生气。一旁的林巧巧。 感应到罗大有的怒气，瞬间化作气灵状态。一顶轿子，但又不是轿子，因为这顶轿子与之前不同，浑身插满了各种兵器以及大小不一的枪炮眼。这是林巧巧的终极形态——夺命战轿。罗大友没有犹豫，径直飞身进入轿子。所有人此刻看着陆云，脸上都露出戏谑的神情。林老师的终极形态，他们都见识过，无论是远程还是近战，都能不经意间取人性命。罗主任出手。 陆云必死。出师未捷的李静怡跟王彦辰开始期待，期待陆云身上被罗大友轰出或者捅出一百个窟窿眼，那样子只会令他们亢奋。然而陆云一点不慌，饶有兴致地看着眼前的轿子，脸上露出轻松的表情。罗大友见状，怒从心起，放肆<死>。随后操作夺命战轿，轰出一发炮弹，轰，蕴含着巨大威力，炮弹直逼陆云而去。陆云依旧不为所动。 站在原地没有躲闪的意思，眼看就要轰到陆云身上，众人脸上露出喜悦的表情。让你狂妄，等你被轰成渣，看你还狂吗？然而，他们心目中期待的爆炸并没有发生，那枚弹头距离陆云身前一公分处竟然停了下来，像是被一堵柔和且坚韧的空气墙给拦了下来。趁此机会，陆云纵身一跃，一脚将炮弹踢向众人这边。卧槽！尼玛！跑啊！ 看着逐渐逼近的炮弹，所有人亡魂皆冒，瞬间四散逃窜。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响起，雪花飘散，泥土横飞。一时间，那些实力不济、跑得慢的，只感到雪花渐欲迷人眼，一个个被爆炸的余波打在身上，身体不受控制的摔飞出去，倒地不起。林文博看着这恐怖的一幕，全身汗毛倒立。那陆云不就住在自己的那栋楼吗？难道说他就是那道光柱觉醒的主人？第四十九章生死不论。 各安天命。陆云的表现超乎所有人的想象。此刻，他们心里都在问自己：这还是那个一阶一级的废物气灵师吗？怎么感觉不那么像？擦了擦眼睛，确定了，还是以前那个陆云。他们不过是一时大意，被偷袭了。此刻，罗大有眼睁睁看着那个一直以来都是吊车尾的陆云，竟然躲开了自己的攻击。明明就要击中他了，凭什么他能躲开？这让他在学生面前很没有面子。巧巧。 M78 激光导弹，把它给我轰成碎片！能躲是吧？我看你躲不躲得过光。听到罗大友的话，林巧巧有些犹豫。他还是个学生，不，我的学校没有这样废物的学生。林巧巧哑然，劝说多次都没有效果，更何况此刻的罗大友已然丧失了理智。没法，林巧巧开始积蓄灵力。嗡嗡，一阵低沉可闻的能量汇集音传来，所有人都惊恐地看着林巧巧幻化的战叫。 再三确认，没错，是激光导弹发射前汇集能量的声音。罗主任，这是要发动绝招了。此刻，他们一个个幸灾乐祸地看向陆云，让你得瑟，让你独吞奖励，让你杀害魏义军，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现在，就是该你还账的时候。一旁的李静怡与莫思颖手拉着手，目光期待地看着夺命连环战轿两根台杆上黑漆漆的洞口。终于，陆云这个天杀的要死了。李静怡心里舒畅了。 莫思颖的大仇也报了。王彦辰单手支棱在地上，还没起身，抬头看陆云的样子，咬牙切齿，面目狰狞。一个小垃圾，凭什么在自己面前蹦跶？该死！反观陆云，眼神微眯，注视着对准自己的那两个炮眼。之前林巧巧上课的时候演示过激光炮弹，记得当时一发炮弹射出，一座山就被夷为平地。如今对方竟然打算对着自己来两发。既然你想玩，我就陪你玩。 玩远程，你得叫我一声爹。清雪，让他见识见识什么叫降维打击。嗯，对付罗大友，上官清雪自由发挥就好。陆云只管看，同时向上官清雪输送源源不断的灵气。就在罗大友准备对陆云一击毙命的时候，陆云身后的翅膀突然张开，浑身散发着七彩琉璃的耀眼光芒。你是老师，怎么说？以前你也教过我们，扛你一次攻击，断了这师生情分，之后便生死不论。 说话的不是陆云，是上官清雪。他清脆响亮的声音响彻在天空之中，震慑人心。听到这里，陆云心里也认可上官清雪的做法。同时，大家也反应过来，那翅膀张开是想要护住陆云。我没看错吧？他要用自己的身体硬扛罗主任全力一击。彩虹马不是用来赶路逃命的吗？变成了翅膀，也不过是速度变快了一点啊！什么情况？有了契约对象，彩虹马翻身农奴把歌唱了。 哈哈，<laughs> 他们笑了，笑上官清雪的狂妄，笑她的无知。李静怡也笑了，她笑上官清雪的愚昧，用自己身体护住陆云，不是等于用生命去守护他吗？同时，她也嫉妒了，凭什么一个自己不要的垃圾，竟然有人愿意舍去性命也要护他安全？她陆云没有这样的资格，她上官清雪就是个愚昧无知的蠢女人。上官清雪的举动，在罗大有眼里看来，不能说是负隅顽抗。 只能说是自寻死路。听到他的话，罗大有不怒反笑：“好好好，既然你想用生命成就大义，我便成全你们这一对废物伴侣。”说罢，夺命战教的能量已经积蓄完毕。罗大有没有犹豫，对着陆云所在的位置就发动了激光炮弹。与此同时，上官清雪幻化的翅膀向内合拢，将陆云护在里面。吱吱吱，一阵低沉的电流声传出，随后就是轰隆隆的雷鸣。 两道光柱瞬间向陆云所在的地方激射而去，所过之处，沿途树木无论多么粗壮，都被拦腰斩断。唰啦啦，一时间树枝落地的嘈杂声响起，整个空间雪雾弥漫。地面上的李静怡跟其他人满眼期待，巴不得雪花赶紧散去，他们想要见证那个不可一世的垃圾被轰成渣的景象。轰隆隆，轰隆隆，接连两声巨响传来，李静怡与莫思颖相视一眼，那个叫陆云的人终于被轰成碎片。 就算他们看不见，他们心中也是如此认定。夺命战教的威能，他们所有人都见识过。陆云此番必死无疑。王彦辰脸上也露出狰狞的笑容。废物与天才的命运早已注定，陆云永远只能活在社会最底层。此刻，就连罗大友的嘴角也止不住上扬，比 AK 还要难压下去。敢挑战教导主任威严的学生，这就是下场。林文博也露出了笑容，差一点他以为就要让他上了。 罗大有的出手，让他省去了暴露的风险。他相信这些人见识过这一幕，以后都不会再敢违背罗大有的命令。那些积分都是自己的，美滋滋。哦嚯嚯！那些第一次副本没拿到奖励的人也开始欢呼、鼓掌。独吞他们奖励的那两个人终于消失了。他们宁愿将积分交给罗大友，也要过来，目的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刻。少时，血雾渐散。就在所有人认为…… 那个令人厌恶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的时候，一个圆形轮廓却出现在他们眼帘。一时间，所有人眉头紧皱，疑惑的神情浮现出来。那是陆云他们？不，不可能！那电磁炮连山都能轰平，他上官清雪选择硬扛，必死无疑。不可能是他们，绝对绝对不是他们！然而，随着视线越来越清晰，他们都看到了那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一如之前一样。 全身光彩夺目，丝毫没有半点瑕疵。刹那间，所有人愣在原地，震惊、愕然、不可置信。李静怡与莫思颖连连摇头，相互拉着手的他们都能明显的感受到对方手心里冒出的冷汗。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的，他们不能接受这样的结局。王彦辰瞪大着眼睛，眼珠子都要落到地上，这特么不科学，那里应该没东西了才对。而罗大友脸色凝重，阴冷的目光注视着前方的翅膀。好了。 接下来生死不论，各安天命。一道清冷的声音响起，如同女战神降临战场宣战的声音。第五十章，过了今天你没机会了。雪雾散去，只见那对翅膀缓缓张开，所有人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位置。即使他们已经看到了那对翅膀毫无损伤，但是他们心里还抱有幻想，希望那两束激光炮弹能够穿透翅膀，攻击到里面的陆云身上。那样一来，即便上官清雪安然无恙也无所谓。 最起码陆云没了，大家心里也会变得顺畅多了。只不过，通常对某件事情满怀期待的时候，所发生的结果往往不尽人意。只见那对泛着七彩流光的翅膀缓缓张开，里面那道修长俊俏的身影也随之出现在所有人眼前。这一瞬间，所有人都愣在原地。卧槽，这不科学，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他不是 F 级的彩虹马吗？怎么会变成这样？连罗主任的奋力一击都没能伤到他分毫。你傻啊！ 人还是那个人，资质还是那个资质，这一切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上一次的副本奖励太过丰富，让他们两个获得了实质性的提升。说话间，所有人不经意地看着自己的积分，又看了看周边其他人，中流露出异样的色彩。这种诱惑对他们来说太大了，这不免让他们动起了别的心思。一旁的李静怡看到这种情况，顿时感觉不妙。那些积分是罗大友提前分配好的，是属于他跟林文博的。想到这里，李静怡冷哼一声。 不过是罗主任顾及师生情分，没下死手罢了。那道攻击与之前林老师上课的时候给我们展示的完全是两回事。别人离经叛道，可罗主任却还是想给那对废物一个机会。你们在这儿胡思乱想什么？若是罗主任全力出手，定然能够轻松将这对废物当场击杀。同时，林文博也居高临下，用警告的眼神扫视着众人。你们别忘了现在的处境，大家都还在副本里面。如果谁敢不听罗主任的指挥，擅自行动，导致这次副本失败。 那我林文博一定会率先出手，让他先一步而死。这冠冕堂皇的话，连他自己都不愿意相信。他的最终目的是所有人手上的积分。说完，林文博暗自朝李静怡投过去一个欣赏的眼神。这丫头表现不错，人也长得还行，倒是可以用契约来勾住她，玩弄两天。看着林文博朝自己投射过来的眼神，李静怡故作娇羞的弯下头，一副小家碧玉的模样。其实心里面已经乐开了花，没想到一句话就让林文博看上自己。 这简直是意外的惊喜！要是能够与他契约，到时候收拾起陆云来，简直不要太简单。眼看他们心中的 SSS 级气灵师都发话了，所有人目光看着空中漂浮的夺命战教，一时间心里面抢夺积分的想法暂时湮灭。夺命战教中的罗大友将他们二人的话悉数听在耳里，脸上也露出欣慰的表情。同时，罗大友横眉竖目，怒瞪着陆云：“树子，听见了吗？你虽然不认我这个老师，但你们好歹……” 也曾经是我的学生，你现在乖乖认错，我作为教导主任可以对你网开一面，既往不咎。刚才的攻击明明是自己的全力一击，然而陆云跟上官清雪却一点事都没有，这不免不让罗大友心生疑惑。难道那副本的实力提升是永久性的？想到这里，罗大友干脆借助林文博他们两个人的话，趁势下坡，之后再重新想办法找陆云算账。听着罗大友道貌岸然的语气，陆云嗤之以鼻。他不用想都知道。 刚刚对方那一炮是倾尽全力的一击，换作是以前的上官清雪，早都被轰成了碎片。怎么，你这是打算把动手之前上官清雪说的话当做耳旁风吗？言外之意溢于言表，不但不买罗大有的账，反而一副要追究到底的样子。看着陆云又是一副令自己感到厌恶的样子，罗大有顿时勃然大怒。你真的以为我就这点功力了？作为学校的教导主任，罗大有自然有隐藏的底牌，只不过这样的底牌。 他不想轻易示人，但是如果陆云不知好歹，他也不介意。面对罗大有的威胁，陆云丝毫没有畏惧，一脸的不以为然。那就将你真正的实力发挥出来吧，过了今天，你再也没机会了。如果罗大有刚才没有下死手，或许陆云会考虑给他一条生路。但是现在，罗大有必死。陆云此话一出，全场一片哗然。挑衅，这是赤裸裸的挑衅，更是违背道德的表现。罗主任念及师生情分。 不对他下死手，他应该感恩戴德才对。没想到竟然还萌生了要杀掉罗主任的念头。刹那间，所有人脸上都露出戏谑的神情。他们还在担心罗主任真的会手下留情放过陆云，没想到这家伙不识时务，非要自寻死路。相信这一次罗主任就不会手下留情，肯定会全力以赴将陆云杀掉。好好，你成功惹怒了我。既然如此，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 顺便让你明白，不尊师重道会是什么下场。果然，反复思量片刻之后，罗大有决定使用自己的底牌。面对如此狂妄的陆云，如果自己不出手的话，那以后他这个教导主任将会在学生面前没有任何威严。你先出招吧。陆云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模样，看着陆云那副样子，罗大有双手紧握，面目狰狞。既然你那么想死，那我就成全你。说着，冲林巧巧说道：“巧巧。” 用那一招吧，你确定？即便知道罗大有的打算，林巧巧还是再次确认了一遍。那一招的威力太过强大，轻易之间便能将一座大型城市化为齑粉。回应他的是罗大有阴沉的声音：“他必须死。”其实到了这一步，就连林巧巧心里面也明白，罗大有这是铁了心要取陆云的性命。如果罗大有不那么咄咄逼人的话，事情应该不会闹到这一步。只可惜，一切都晚了。想到这里。 林巧巧的夺命战教的联门突然发生变化，形成一个巨大的黑色漩涡，缓缓旋转。所有人从那个黑色的漩涡之中都感受到了阵阵寒意。第五十一章焚天祭灭火。看着那黑色漩涡，陆云提醒上官清雪小心对付。空中两股力道正在积蓄，引得四周气流涌动，雪花飞舞。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夺命战教那教门口的能量一旦喷薄而出，必将毁天灭地。反观陆云那边。 一对翅膀张开，副手立于空中，再没有任何动作。难道说他已经放弃抵抗了？果然，废物就是废物，嘴犟也改变不了什么。其实，上官清雪的落日余晖早早已准备妥当。他跟陆云这种级别的存在，若是准备个技能都磨磨唧唧，早被人杀死了。他们不过是在等罗大友而已，给他一次公平对撞的机会，顺带让他输得彻底一点。罗大友以为陆云是害怕了，忍不住大笑。陆云。 现在跪下认错还来得及，能量即将充填完毕。罗大友额头上面虚汗直冒，看来这次积蓄力量消耗了他不少的灵气。出手吧！陆云看他已经积蓄好能量，也不给他再多废话。罗大友怒喝一声，狂妄，随即便双手成掌向前推去，焚天祭灭火。刹那间，嗡，叫门黑洞大开，只看到一股浓浓的烈火朝着陆云喷涌而去，犹如火龙一般。 以泰山压顶般的气势，想要吞噬陆云渺小的身躯。众人只感到四周环境温度骤然升高，不管是地面上的还是树枝上的积雪，全部都在快速融化成水流。即使有苍茫白雪吸收这些热气，但在场的人依旧感到燥热难安，一个个用灵气在自己身体周围形成了一个防护罩。可是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是汗水直流。若不是想要见证陆云被罗大友击杀，他们早就逃离这儿了。轰隆隆！ 铺天盖地的火焰长龙延绵不绝，气势如虹，已经将陆云彻底吞噬。李静怡和莫思颖看着这一幕，脸上都露出了欣慰的表情，二人的手拉得更紧了些，双方能感应到对方心里面的激动。陆云这家伙终于认命了，只可惜他不会再有机会。一旁的王彦辰跟林文博同样如此，双目圆睁，直冒金光。这就是一无是处的废物想要与天抗争而付出的代价。现在只需要等火焰散去。 就能看到两具被烧干的干尸落到地上，不，应该是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只剩下空气。罗大友眼神微眯，嘴角自然翘起，欣赏着自己的杰作。这才是自己真正的全力一击。让你道歉，怎么就那么难？既然你不给我面子，那你就死吧！哈哈。想到这里，罗大友忍不住笑了起来。有陆云的下场摆在眼前，接下来谁敢不听自己的话？那个叶凝霜要是不识好歹，就连他一并杀了。 吱吱吱！突然间，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陆云被这烈火完全吞噬干净的时候，两股力量碰撞的摩擦电流声传入耳中。一时间，他们面面相觑，不明所以，一个个抬眼看着火龙的头部。只见那里不知何时，火焰中出现了闪电一样的光线，数量很多，并且纵横交错，看上去还在增长，似乎一股强大的力量要从其中爆发出来一样。那罗大友看到这一幕，喜上眉梢。 因为他们的焚天祭灭火，如果修炼到一定程度，就会引发雷电现象。如此一来，就证明着他们的焚天祭灭火更威猛。那些雷电就是将陆云束缚在火焰之中的能量。这一次，陆云必死无疑。只见那雷电汇集越来越多，所有人都隐隐约约感觉到那股能量极为强大，并且已经快要爆炸了。这不免令他们所有人心里开始担惊受怕。大家不要慌，那是我技能引发的雷电现象。 那废物马上就会被烧成空气了。看着下面神色慌张的众人，罗大友怡然自得。听到他的话，所有人这才放下心来，目光期待地看着那盘雷电火球的位置，等待着它的爆炸，等待着陆云的消失。快看，要爆了，要爆了！这个狂妄的家伙终于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魏义军的仇报了！李静怡兴,兴高采烈，拉着莫思颖欢呼雀跃。莫思颖闻言，一脸大仇得报的模样，脸上露出慰藉的笑容。 王彦辰一副狼狈，咬牙切齿地看着那雷电火球大笑，脸上的表情森然可怖，看着都吓人。一旁的林文博一脸不屑，之前还担心这家伙就是那光柱觉醒的主人，现在看来是自己多虑了。也是，那种超然的存在怎会如此不堪一击？轰隆隆！就在所有人期待的目光当中，那雷电火球终于爆炸了，四周火屑横飞，整个区域如同天火降世，所有人都在尽力躲闪。 同时，目光期待地看着爆炸处。然而，就是这一看，令他们看到了终身难忘的一幕。在他们心中，原本应该化成灰烬的陆云，却完好无损。即便面对那如此恐怖的高温烈火，对方依旧是不以为然，目光平静地看着眼前的火焰。而他背上的那对翅膀，此刻正不断迸射出一道道透明的剑芒，尽数刺到那滔天的火焰上面。之前的雷电效果，便是两股力量制衡而产生的。操<耗>！什么情况？所有人瞪大着双眼。 眼珠子都快掉到地上来了，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场景，他们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场景出现。夺命战教中的罗大友同样看到了这匪夷所思的一幕，顿时他感到陆云这又是在藐视自己的威严了。作为学生，教导主任都出手了，你不应该放弃抵抗，躺平受死吗？坏种，这他么是个坏学生，给我死来！罗大友当即恼羞成怒，加大了灵力，从而那火焰的威力比起之前更加猛烈。 见此情形，陆云轻笑一声：“比灵力，那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灵力。”随即，他也向上官清雪注入一股庞大的灵力。刹那间，那剑芒数量更多，形状更大，更有甚者，出现了黑色的剑芒，并且那黑色剑芒一道撞击在那火焰上，那火焰就像遇到天敌一般，消失一大截。没等众人反应过来，那黑色剑芒越来越多，与那些透明剑芒一起轰击到火龙上面，犹如惊天巨浪般。 压制着那火龙急速缩小，顷刻间，那无数剑气便以摧枯拉朽之势逼近夺命战教。见此情形，所有人的心脏瞬间提到嗓子眼。第五十二章，尽管出招。叮叮当当，金属撞击的声音不绝于耳，一道道透明剑刃不断的攻击到夺命战教上面，期间还夹杂着些许黑色剑芒。所有人看着这一幕愣了，夺命战教似乎毫无还手之力。什么鬼？ 彩虹马升级成翅膀，不练习跑路，反而练习剑法了。幻觉，这一定是幻觉。他们揉了揉自己的双眼，期待着再次睁眼时能看到罗大有压制陆云的场景。然而，并没有。所有人眼睛揉得红红的，映入眼帘的还是那气势如虹的剑芒在攻击战教的画面。等等，好像任凭那剑气如何攻击，那夺命战教并没有任何损伤。也就在此时，罗大有得意的声音传入众人耳中：“没吃饱吗？” 就这点力道，跟挠痒痒一样。果然，罗大有嘲笑的声音让所有人紧绷的心情一下子稳定下来。花里胡哨，这攻势看上去很猛，但实则也不过如此。这招式跟上官清雪本人一样，虽然长得漂亮，但是一点实用性都没有。你们也不想一下，那上官清雪跟罗主任能相提并论吗？二者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差。听到周围的议论声，李静怡嘴角微微翘起，扯着嗓子冲陆云大喊：“陆云！” 你们加油啊！没听到罗主任说吗？你们这是在给他挠痒痒啊！哈哈，在他看来，上官清雪的这一招式，肯定是汇集了全身所有的灵气发动的一次攻势。只要等到对方攻势结束，那灵气必然消耗枯竭，到时候罗主任再出手，定能以摧枯拉朽的气势获得这一场对决的胜利。陆云神色平静，上官清雪的剑气并未停止。他深知夺命战教之所以看上去如此坚硬。 不过是因为罗大友和林巧巧共同催动灵气，形成了防御罩而已。要不了多久，他就能完全刺穿这层防护罩，彻底击溃夺命战教。罗大友透过轿子的缝隙观察着陆云，心中暗自得意：哼，不过是做无用功罢了。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罗大友的笑容渐渐消失。尽管夺命战教看似无恙，但他却感觉到一股无形的压力逐渐增大。好、哦，突然，陆云大喝一声。 加大了对上官清雪灵气的输入，一瞬间，无数道剑气如狂风暴雨般袭向夺命战教。这一击威力惊人，彻底突破了战教的防御。教内的罗大友脸色巨变，他匆忙施展全力试图抵御，但已无济于事。剑气破教而入，罗大友惨叫着飞了出去。呜哇！同时，林巧巧一口鲜血喷薄而出，落到地上，退出幻化状态，一身衣衫破碎不堪。 蓬头垢面，看上去极为狼狈。此时，林巧巧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陆云身后那一对翅膀，怎么回事？他明明是之前出了名的 F 级彩虹马，怎么能够将自己击败？陆云，你这个欺师叛祖的废物！一声不甘的怒吼传来。只见罗大友气息萎靡，拖着沉重的身躯，一瘸一拐的来到林巧巧身边，赤红的双目怒瞪着陆云，一副要将对方生吞活剥的样子。围观者们目瞪口呆，原本以为陆云必败无疑。 却没想到局势瞬间逆转，我操！罗主任跟林老师竟然败了，他们可是三阶 A 级组合，竟然也不是陆云他们那一对 E F 组合的对手，这不科学，这一定都不是真的。罗主任跟林老师他们怎么可能会败在陆云他们的手下呢？这还是我们之前见过的那个 F 级彩虹马吗？那凌厉的攻势以及磅礴的灵气，根本就不是一个 F 级器灵能够拥有的。李静怡的笑容凝固在脸上，她难以置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切，凭什么？ 他陆云就是个一级的废物，那上官清雪比他还不如。他们到底使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手段？王彦辰跟林文博呆若木鸡，愣在原地。他们能清晰的感受到，刚才上官清雪的攻势远远超出他们。若是换了他们上去，分分钟就被那凌厉的剑气切成碎片。这上官清雪太恐怖了！看着鸦雀无声的现场，陆云淡漠的声音缓缓响起：“我并没有兴趣再跟你们做过多纠缠。与你们不同，我的时间很宝贵。” 如果你们再敢阻拦我，不要怪我手下无情。那语气不是商量，是警告。所有人都能感受到陆云话里冰冷的杀意。他们面面相觑，只感到现在的陆云跟之前他们印象中的完全不同。陆云不再理会他们，转身就要离开此地。站住！突然一声怒吼，罗大友叫住了将要飞身离开的陆云。他不甘心，他不能接受自己被一对 E F 级组合打败的事实。陆云止住身形。 回头漠然地看着罗大友，你还想怎样？言语之中透露出一丝愠怒与不耐烦。看着陆云这副神态，不管是罗大友，还是一旁的李静怡等人，都感到很不爽，心里面很不舒服。看了一眼林文博，罗大友决定是时候让亮出自己的底牌了。然而，在看到罗大友的眼神看向自己时，林文博心里咯噔一声，他此刻哪里还敢去招惹陆云，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只可惜罗大友不给他这个机会。 只见罗大友愤懑不甘地看着陆云，沉声说道：“我让你走了吗？”闻言，陆云双手一摊：“既然你们赶着送死，我便成全你吧。”只见陆云傲视众人，负手而立于空中，那副姿态无疑是在告诉在场的每一个人，他们没有谁是陆云的对手。罗大友眼神不屑，冷哼一声：“狂妄是需要代价的，接下来就让你体验体验来自三阶 SSS 级的气灵师的降维打击吧。” 神态之间尽显骄傲自信。听到罗大友的话，陆云脸上闪过一丝疑惑之色。SS、S S S 级气灵师，谁？在此之前，他便将在场所有人的实力都探了个底，并没有发现罗大友所说的、SS、S S S 级气灵师。想到这里，陆云饶有兴致的看着罗大友，想要看看对方说的三阶、SS、S S S 级气灵师究竟是谁。第五十三章，喂，你想怎么打？哼，不知死活！罗大友冷哼一声。 随即将目光看向林文博，旁边的李静怡将这一切尽收眼底，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罗主任的底牌，三阶 S S S 级的气灵师林文博要出手了。他一旦出手，陆云就等死吧！王彦辰同样咬牙切齿，目露凶光，瞪着陆云。刚刚若不是其他人帮助他后退，他都被那场爆炸轰成碎片了。为什么帮助自己的不是李静怡？所以，他恨陆云，因为陆云才会让他跟李静怡之间有隔阂。 如今他把所有希望寄托在林文博身上，果然，罗大有眼神期待的看着林文博。文博同学，出手吧，替我们将这个离经叛道的叛徒诛杀在此吧。林文博心中万马奔腾，却不敢表露出来。这要是让罗大有知道自己冒认的，都不用陆云出手，罗大有他们就会把自己碎尸万段。如今听到罗大有亲自点名，林文博心乱如麻，怎么办？怎么办？自己不想露馅啊！那婀娜多姿的叶凝霜，还有大家的积分，都在等着自己啊！ 陆云傲然立于空中，饶有兴致地看着林文博。这家伙不是跟自己住在同一栋楼吗？他怎么成了 S S S 级气灵师了？可是自己看过了，他只是三阶 B 级的气灵师啊，并且还是通过拔苗助长的方式提升的阶位。因为陆云能清晰的看出对方的气息并不稳定。哼，多半是咱俩契约的时候引发了天地异象，罗大友他们找到那儿，他就冒认了。感受到陆云心中的疑问，上官清雪呵呵一笑。 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猜测，陆云恍然大悟，想来也是如此了。文博同学，看着林文博愣在原地，罗大有再次点名，环顾四周，林文博发现了所有人都看着自己，或疑惑，或期待，或羡慕。不管了，硬着头皮上去再说。是罗主任，林文博凌空一跃，悬浮于空中，与陆云对峙而立。看着这一幕，李静怡笑了。陆云，你死定了。林文博是上周觉醒的、SS、S S S 级气灵师。 对付你绰绰有余，他实在想不出来陆云怎么赢。王彦辰抬头看着陆云，脸上笑容狰狞。人狂必有灾，我们打不过你，有的是人收拾你。快了，只要林文博出手，自己心中的堵塞就顺畅了。搀扶着林巧巧走向人群，罗大友只是冷眼瞥了陆云一下，没有多说什么。他也不需要再说什么。这个副本是三阶副本，最高阶位只能是三阶，这一点林文博已经满足。 又加上对方是 SSS 及气灵师，已经是这个副本顶尖战斗力了。陆云自己开启的副本拿来当做他的葬身之地，合理。陆云淡然地看着林文博：“你是 SSS 及气灵师？”似疑惑，更像是不相信。林文博强装镇定，淡淡开口：“你认错吧，我不伤你。都是一个学校的，没必要你死我活。”说的冠冕堂皇，实则内心慌的牙毗根本不敢出手。林文博心里清楚，跟陆云交手，自己必定败露。 因此，林文博心中不断祈求：“陆云，你快答应下来吧，低头认个错。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彼此不扰，各自安好。”陆云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林文博。从他的字里行间，验证了上官清雪的猜想。然而，罗大友不乐意了：“文博同学，你是不是没听清楚我的话？我再强调一遍，给我将这个欺师叛祖的坏学生诛杀！”眼神犀利的瞪着林文博，罗大友一字一句的强调着，言语神情之间。 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陆云让他很没面子，所以他希望林文博给他面子，帮助他找回面子。听到罗大友的话，林文博眼神闪躲，不知如何回复。李静怡站在一旁，虽然心里疑惑，但他还是挠不到了林文博的想法。罗主任，文博同学心地善良，可以理解。说着，李静怡目光瞥向陆云，脸色不屑的继续开口：“不像有些人忘恩负义，心狠手辣，为了利益杀害同窗，人人得而诛之。”听到李静怡的话。 林文博心中直呼有道理，但是李静怡话锋一转，给林文博整懵了。只见李静怡脸色瞬间凝重下来，看向罗大友：“我相信文博同学肯定会亲自出手，把这个狼心狗肺的东西诛杀掉的。他不过是暂时不忍心对同窗下手而已，给他点时间，等他看清楚陆云真面目后，肯定不会手下留情的。”闻言，同学们纷纷表示，文博同学的确是个好人，只是跟陆云这样的人讲仁义，属实没必要。 他们都期待着林文博以雷霆之势完全将陆云镇压，让陆云知道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道理。罗大友也是点了点头，算是认可。不过他还是开口催促林文博：“给这种败类机会，无疑是浪费时间。早点动手吧。”说着，罗大友一双冷目盯着陆云，眼神中迸射出两道冰冷杀意。李静怡替林文博做完解释，心里很得意，笑着看向林文博，像是在说：“文博同学，不用客气哦，这都是……” 我应该做的。看着李静怡一脸笑容看着自己，林文博满头黑线，只感到不可理喻。要上你们上啊，凭什么要自己出手？喂，考虑的怎样？你想怎么打？就在林文博发愣之际，陆云双手抱胸，一脸微笑的看着他。林文博心里下了个机灵，陆云那如春风一样的笑容，在他看来更像是九幽之下的恶鬼修罗。只是事到如今，自己没得选，只能硬着头皮，希望能借助、SS、S S S 级气灵师的身份吓退陆云。 陆云，这是三阶副本，而我又是 SSS 级器灵师，属于这里面的顶尖战斗力。你们一队 E F 组合，即使一时侥幸胜,胜了罗主任，但也仅仅是侥幸而已。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你们根本不可能会再有这样的侥幸。言语之间，真把自己当做 SSS 级器灵师了。看着一脸盲目自信的林文博，陆云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是吗？跟 SSS 级的气灵师交手，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事情。我希望。 你不要让我失望。第五十四章，你是二阶 B 级，文博同学使出全力，不需要留手。这家伙已经丧心病狂了。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分明没有将你放在眼里。这种人，你还跟他讲什么道义？就算你今天不忍对他下手，他也不会记着你的好的。不，不用等以后，搞不好下一秒就翻脸不认人了。各种各样的催促声传来，林文博是真的想扯着嗓子大喊一声：“臣妾做不到啊！”然而他并没有，也不能这样做。怎么办？ 我该怎么办？之前不是说这个家伙只是一阶一级的废物吗？怎么现在这么恐怖？罗主任他们三阶 A 级的组合都不是他的对手，自己一个三阶 B 级，难不成还能有奇迹？此刻的林文博眼珠子直溜溜转，内心世界极为丰富。就连陆云背后还处于气灵状态的上官清雪也忍不住低喃：“这家伙不像是个男人。”听到上官清雪的话，陆云也不想再等。喂，你是不是气灵师等级？ 测错了，三阶 B 级少了一阶。陆云的话令林文博心神一震，这家伙怎么知道的？众人则一脸茫然，什么意思？啊？少了一个等级，不就是二阶 B 级吗？一个个不约而同的看向林文博，脸上写满了不明所以。尤其是罗大友，一脸愤然，这家伙竟敢说自己的底牌是二 B，伯能忍，有不能忍。文博同学，你还在等什么？他必须让林文博赶紧动手，否则的话。 又没有面子了？听到罗大友的催促，林文博好像顿悟了，眼神一亮。罗主任，这家伙太过诡异，为了保险起见，我需要契约器灵。叶凝霜没在这儿，自己跟他无法契约，那自己就不用硬着头皮上了。哈哈！众人闻言，罗大友，就算陆云阶位提升到三阶了，你林文博好歹也是一个三阶 S S S 级器灵师、SS、，S S S 级什么存在？那是同阶位中战斗力的天花板，别说同价位。 就算是跨阶位的一些低级组合，那也是可以做到随意秒杀的。对付一对 E F 组合，还不是手拿把掐？一瞬间，所有人脸上不约而同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一旁的李静怡却与众不同，听到林文博说的话，他的心里竟然有一种波涛汹涌的感觉。契约 S S S 级气灵师的机会又来了。看着所有人疑惑的盯着自己，林文博眼神有些躲闪。糟糕，看来这是瞒不过去了。要不还是招了吧，总比死在陆云手下好。 可是那些属于自己的积分怎么办？叶凝霜怎么办？罗主任，就在林文博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李静怡开口了：“我觉得文博同学说的有道理，这个废物太诡异了，他是、SS、S S S 级器灵师，肯定能看出一些我们看不出来的东西。”闻言，罗大友眉头微皱：“有道理，林文博是自己的最强底牌，将来更是自己最大的倚仗，不能轻易折在这里。”看了一眼李静怡，罗大友将目光落到林文博身上。 既然如此，那你就先契约。咦，林文博眼前一亮，一脸感激地看着李静怡，这丫头会来事。等自己把叶凝霜契约了，一定要好好培养这个备胎。林文博心里正幻想狂龙遇双凤之际，罗大友看着李静怡和王彦辰，淡然开口：“李静怡，王彦辰，你们俩解除契约吧。”林文博傻了，看这样子，罗主任是打算让自己契约李静怡？等等，罗主任怎么不按套路出牌？说好的。 给我契约叶凝霜呢？那王彦辰同样一脸懵逼看着罗大友。啊，罗主任，这又看了看李静怡。李静怡没有说话，不过她看着林文博急切的眼神，足以说明一切。瞥了一眼王彦辰，罗大友一本严肃。现在危急关头，自然要行非常之举。一句话断了王彦辰的念想。早就想跟林文博契约的李静怡，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彦辰同学，我们应该听罗主任的。王彦辰。 林文博沉吟片刻，林文博鼓着勇气开口：“罗主任，这不太好吧？再说了，咱们说好的要契约叶凝霜才行。他的第一志愿是叶凝霜，可不是李静怡。”听到林文博的话，李静怡不免感到失落。好了，罗大有不悦，别纠结了，赶紧吧。闻言，李静怡大喜，果然关键时候还是罗主任靠谱。他不想再等，害怕迟则生变，于是走到王彦辰面前。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燕晨同学，希望你能以大局为重，牺牲小我，成就大我。再说，以你现在的状态，我如果强行解除契约，你应该只剩下半口气了吧？主动解除，对我们都好。说的道貌岸然，一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他人也纷纷开口劝解王燕晨。燕晨同学，你就听罗主任跟静怡同学的。眼下最重要的是把陆云那个败类诛杀。是啊，想想你在他手里受到的委屈。 这点牺牲算不了什么，大丈夫一定要能屈能伸。燕辰同学，别犹豫了啊！A, 王彦辰怒吼一声，充满不甘与屈辱。轰！忍着疼痛，王彦辰解除了与李静怡的契约。见状，李静怡笑了，一如之前跟陆云解除契约时那般笑容。其他人也笑了。李静怡怎么说也是 A 级，与林文博联手，陆云必死无疑。罗大友更是欣慰的点了点头，很佩服自己的决策。噗嗤！王彦辰吐血了，一脸不甘的。 看着悬空而立的陆云，要不是这个家伙，李静怡怎会与自己解除契约？李静怡可不管那么多，三下五除二赶紧解除了跟王彦辰的契约，然后转身看着林文博，等待着对方的契约。SS、S S S 级气灵师，李静怡想想都激动，巴不得此刻就冲上去与对方深度契约。陆云与上官清雪将这一切看在眼里，心里忍不住想笑，这群家伙好天真，尤其是李静怡那迫不及待的样子，好啥好可爱。然而。 事件的关联者林文博犯难了，他只想要叶凝霜，不想要李静怡呀、啊。哈哈，有了！突然，林文博灵光一闪：“罗主任，就算我与静怡同学契约，作用也不大啊。您忘了，他才是一阶器灵，只会拖我的后腿。”此话一出，众人恍然大悟。对啊，他们怎么没想到？就连李静怡也是一脸尴尬。林文博说的没错，自己还只是一阶。狼狈不堪的王彦辰微微一愣。 心中直呼自己解除早了，然而罗大友脸上却露出神秘的笑容。谁说李静怡是一阶器灵？第五十五章李静怡得偿所愿。文博同学不必担心，我这里有一些药剂，只要静怡同学饮下，它就能提升到三阶。说着，从包里取出一个十厘米长的药剂瓶，里面的液体如同牛奶一样洁白粘稠、晶莹剔透。深度契约药剂本来是给叶凝霜准备的，眼下只能先便宜李静怡了。 不得不说，罗大友是很为林文博考虑的。看着这瓶药剂，林文博无话可说。此刻，林文博的内心俨然万马奔腾。这老登根本无懈可击，自己要是不契约，反倒是成为公敌了。李静怡可不管那么多，迫不及待接过罗大友递过来的药剂，想也没想就饮了下去。飒！刹那间，一阵气息从李静怡体内喷薄而出，只看到此刻的李静怡脸颊泛,泛起阵阵红晕，一副享受其中的表情。飒飒。 李静怡身体一个机灵，娇躯颤抖，提升了自己的阶位，的确提升到三阶了。嘴角微微翘起，一抹白色液体从嘴角滑落。李静怡眼神期待地看着林文博：“文博同学，我们开始契约吧。”然而，李静怡热情似火，林文博却眼神闪躲。罗大友看见这副情形，自然是知道林文博不愿意与李静怡契约。文博同学，有什么事，对付完陆云再跟我商量。他可不想再次放陆云离开。无论如何。 都要将陆云击杀在此，否则出去以后，秦家也不会放过自己。不打就滚！哦。看着犹豫不决的林文博，陆云显得有些不耐烦，打个架都磨磨唧唧的，简直浪费时间。闻言，罗大友一脸严肃的看着林文博，一声呵斥：“林文博，你还想拖到什么时候？”显然，陆云的话让罗大友倍感丢面子，同时也让他的忍耐达到极限。犹豫不决的林文博看见罗大友这副神情，当即没了脾气。 落到李静怡身边，与李静怡完成契约，感受到两股力量的交融，李静怡一脸享受，自己就是气运之人，南疆的 S S S 及气灵师都跟自己契约过，美滋滋。不多时，二人周身白光消散，李静怡便迫不及待化作无影剑，主动往林文博手中塞去。如今林文博自知骑虎难下，只得手持李静怡，朝着陆云飞去。他现在只希望，陆云之前的表现是强撑的，现在已经退回到了垃圾的一级状态。 看到这一幕，在场所有人脸上露出欣慰的表情。林文博要出手了，他们的 SSS 级气灵师要出手了。陆云，你就等着受死吧！王彦辰目眦欲裂，脸上神情尤为可怖。如果他有能力，此刻一定冲上去将陆云撕成碎片。就是陆云让他的李静怡离开了他，去与林文博契约。更为可恶的是，李静怡竟然没有让林文博戴手套。操！罗大友没空去在意这些，只是冲着林文博高声喊了一句。 文博同学，把这丝朱砂以后，我会给你更多的好处的。脸上的表情得意到了极点。那些因为陆云失去的面子，现在马上可以回来了。哈哈哈,哈！然而，陆云淡漠的目光扫视了下方人群一眼，并没有多大兴趣，负手而立，悬于半空，轻描淡写的看着林文博。老规矩，你先出手吧。这副神态根本没把林文博当成对手。陆云，你不要太狂妄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速速离去，我可以既往不咎。 林文博拼尽全力怒吼一声，希望能够喝退陆云。事实证明，他想多了。陆云像是看傻子一样盯着林文博，脸上表情似笑非笑。一向被众人吹捧的林文博哪里受得了陆云这副模样，顿时感到全身上下都不爽，一股莫名的力量充斥全身。你找死！说罢，林文博手持无影剑直逼陆云而去。无聊。陆云轻哼一声，一动不动站在原地，等待着林文博的到来。此时。 人群当中一阵喜悦，夹杂着嗷呜嗷呜的欢呼声。只要林文博再进一步，那陆云定然就命丧当场。躺在地上的王彦辰目不转睛，双手撑地匍匐抬头，目光死死盯着空中的战斗场面，一双手紧紧地抓着地面上冰冷的泥土，手指深深陷进土壤之中。这个让他的李静怡离他而去的家伙，终于要消失了。就连罗大友看着陆云的眼神也变得充满期待，期待着陆云被刺穿眉心，殒命当场的画面出现。 一次又一次让自己颜面尽失，这是最后一次了。对，就是这样，近了，越来越近了。无影剑锋利的剑锋距离陆云眉心仅仅咫尺距离，陆云那家伙已经吓傻了。哈哈，铿锵！千钧一发之际，一道金属碰撞的声音响起，却见那无影剑竟然脱离林文博的右手，在空中盘旋片刻，便重重的落到地上，深深刺入地下。砰！一道低沉声音传来。 李静怡解除幻化状态，只见她蓬头垢面，手上衣衫尽是泥土，肮脏不堪，一副狼狈模样。啐了一口泥土唾沫混合液，李静怡恼羞成怒的看着空中。见此情形，林文博眼疾手快，身体往后倒飞而去。只见一柄三尖两刃刀径直从空中激射而来，将李静怡格挡飞出之后，稳稳的悬浮在陆云面前，刃身泛着阴寒冰冷的白光，像是在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杀意。通体紫红色的柄身竖立当空。 犹如一位强者站在那里一样，令人望而生畏。看着眼前这熟悉的气灵，陆云一脸漠然，脸上并无任何惊喜之色。叶凝霜，你这是要与我们学校作对吗？罗大友认出是叶凝霜幻化的三尖两刃刀，顿时胸中愤怒，指着叶凝霜一声呵斥。砰！叶凝霜退出幻化，背对陆云，一头红色秀发垂落在背上，发丝迎风荡漾，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盯着罗大友，毫不客气地说道。 你这个教导主任真是徒有虚名，一个三 B 气灵师却把他当成宝贝，你应该感谢我，否则你这块心头肉已经变成一具尸体了。叶凝霜暗中观察许久，迟迟没有露面。此刻他心中已经确定，陆云才是那个 SSS 级气灵师，这才出手帮了陆云。虽然不过是锦上添花，但也可以趁机接近陆云。叶凝霜的话令所有人为之一震。三 B 气灵师，林文博。第五十六章真相大白。 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看向林文博，眼神中带着疑惑与不解。我说：“为什么面对陆云的时候，林文博躲躲闪闪的？原来竟然是这个原因！要真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积分不都白瞎了吗？就是一个三阶 B 级的气灵师，竟然来坑我们的积分，简直不要脸！关键他伪装成 SSS 级的气灵师，这种人就该受到大家的唾弃。”一时间，现场一阵唏嘘。听着四周传来的议论声，李静怡与莫思颖面面相觑，目瞪口呆，一脸不敢相信。 人群中躁动越来越大，胡说八道！罗大有一声怒吼，自然不愿意相信，指着叶凝霜：“你是不是早就与这个废物狼狈为奸，所以才在这里妖言惑众？我现在严重怀疑秦风的死与你有直接关系。”林文博是他亲自去觉醒光柱出现的地方寻找到的 SSS 级气灵师，是他的骄傲，是整个学校的未来，是不允许任何人污蔑的。看见罗大有如此确定，人群中的躁动逐渐低迷下来。 只是大家看向林文博的时候，眼睛里和脸上疑惑的表情，都在说明他们心中的疑虑并没有消除。此刻的林文博根本不敢去与所有人对视，一副做了亏心事的样子，眼神闪躲，脸上表情漂浮不定。对，罗主任说的对。李静怡大声开口，一脸笃定。依我看着宁，这叶凝霜就是看见林文博与我契约，心生嫉妒，才满口胡诌，污蔑文博同学。那是自己梦寐以求才成功契约的 SSS 级气灵师。 不允许别人胡说八道。看着一脸笃定的李静怡，叶凝霜脸色淡然，眼中闪过一丝轻蔑的表情。我有没有胡诌，你心里应该最清楚的。闻言，所有人又将疑惑的目光看向李静怡。李静怡不明所以，抬起下巴质问叶凝霜：“你什么意思？”啊？呵呵，叶凝霜浅笑，指着林文博继续说道：“你跟他契约之后，不是能感应到他体内的灵力吗？”轰！李静怡如遭雷击，愣在原地。叶凝霜说的没错。 回想起来，林文博体内的灵力还比不上自己。他之前跟陆云契约过，那时候陆云还是 S 级气灵师，虽然年纪不大，但体内的灵力极为充沛，令他震撼。然而林文博契约并没有这种感觉，并且自己刚才跟对方契约的时候，并没有引动天地异象。即使李静怡心里面不愿意承认，但是事实已经摆在眼前。呵呵，一声苦笑，李静怡崩溃了。自己堂堂 A 级气灵，竟然退而求其次。 舔着脸去跟一个 B 级器灵师契约，哈哈，笑话，天大的笑话！林文博，你这个不要脸的骗子！将所有的屈辱与不甘宣泄而出，李静怡一屁股瘫坐在地上，她此刻一脸颓废，懊悔不已。弄了半天，自己竟然只是一个小丑。旁边的莫思颖见状，赶紧蹲下身子安慰李静怡。通过李静怡的表现，所有人心中已经知道答案，脸上带着些嘲笑的表情看向罗大友。 不知道面对这样的事实，一直将林文博视为珍宝的罗大友会是什么反应？当然，他们眼神里面更多的是一种兴奋，那就是如此一来，他们的积分又能重新回到自己手里。一想到陆云通过第一次副本的奖励，将实力提升到能轻松抗衡罗大友的地步，他们的眼中流露出贪婪的神情。能当上教导主任，罗大友的基本认知自然不会差。此刻的罗大友脸色阴沉，恼羞成怒地瞪着林文博，林文博。 你是不是应该给大家一个解释？不敢与罗大友对视，林文博依旧是那一副眼神闪躲的表情。然而，当他看到罗大友、李静怡他们身负重伤的时候，脸上的表情逐渐变得冷静下来。对啊，他们都伤成这样了，自己还怕他们干吗？哈哈！突然，林文博笑了。那是你们傻，跟我有什么关系？就算你们现在知道了，又能如何？积分既然到了我手里，就是我的。你觉得？ 你们现在还有资格从我手中抢过去吗？哈哈，狂笑！现场除了陆云和叶凝霜，其他人都已经不是自己的对手。陆云跟叶凝霜都被罗大友得罪了个遍，根本不可能会出手帮他。此刻的林文博本性完全暴露，跑到我住的地方，非得说我引发了天地异象，非说我是什么 S S S 级气灵师。不过无所谓，等我把这些积分都用了，也是 S S 级气灵师了。哈哈，看着狂妄大笑的林文博，罗大友恼羞成怒。 怎么有这么多坏学生，总是让自己这个教导主任颜面扫地，不能忍！林文博狂妄，说着就不顾全身伤势，强行冲了上去。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更何况罗大友是一匹老骆驼，林文博只是一匹瘦马。看着罗大友朝着自己冲了过来，林文博也不客气，直接迎了上去。轰轰！一时间战斗爆发，二人有来有回，旗鼓相当。见此情形，林巧巧也想加入战斗。 无奈，刚才被上官清雪重创太深，现在根本无法催动灵气。此刻叶凝霜没有兴趣去看狗咬狗，转过身眨巴着一双卡姿兰大眼。这下好了，你救我一次，我救你一次，咱俩扯平了。这表情跟之前清冷的模样完全不符。然而没等陆云开口，叶凝霜思忖片刻，继续说道：“啊，不对，你还给了我那么多积分呢、啊。说吧，想要我怎么报答你？”说着，叶凝霜双手抱胸，一脸奇怪的笑容看着陆云。 陆云不明所以，摇头浅笑：“他们不是我的对手。”叶凝霜咧嘴一笑，朗声说道：“我知道。”陆云，这丫头怎么给自己一个显眼包的感觉？轰隆隆，一阵惊天巨响传来。陆云视线看向前方战场，叶凝霜也转过身，注视着罗大友跟林文博。因为罗大友被上官清雪重创过，发挥不出全部实力，这倒是便宜了林文博。只不过，也不算太便宜。 此刻二人经过一场战斗过后，身上气息紊乱。第五十七章，他不是人，是修罗。突然，陆云，给我死！王彦辰猛地抱起，以肉身当作炮弹，朝陆云冲去。同时，李静怡身边的莫思颖化作烈火篮球，朝着叶凝霜冲过去。叶凝霜美眸微沉，便迎了上去。区区 B 级气灵，弹指便能镇压。陆云等王彦辰飞了一半，这才转身。 剑指对准朝自己激射而来的王彦辰，一道剑气就要脱手而出，就是现在！突然，罗大友暴喝一声，原本打得热火朝天的罗大友跟林文博双双停手，以一种极快的速度朝陆云攻去。看着这一幕，叶凝霜忽然感到不安，想要抽身回去已然是来不及了。下方观战的人们恍然大悟，罗大友跟林文博打了半天，原来是假的，最终目标竟然是陆云。李静怡一脸愤恨。 只怪自己动不了，不然自己也会冲过去。无奈，他只有在一旁看着，满脸期待，心中直痒痒。哼！陆云嘴角微翘，他们这点手段在自己面前不过是小孩子把戏而已。当即乎的调转身姿，在剑气即将出手的瞬间完成身姿对调。咻<秀>！手指刚对准林文博，剑气便朝着对方激射而去。眼看就要得手的林文博突然脊背发凉，毛骨悚然。啊！ 一声惨叫，林文博疯了，四大叫，叫声中充斥着绝望。砰！一声闷响，林文博的脑袋应声破裂。同一时刻，冲上来的王彦辰也被陆云一脚踹开。呜哇！心痛加旧伤，王彦辰一口老血喷出，落到地上再无动静。这一切发生的太快，所有人的反射弧都还没转过来，王彦辰跟林文博就被陆云解决掉。同时，啊！一声惨叫。 叶凝霜所化的三叉两刃刀，刺穿了莫思颖的身体。直到此刻，所有人才反应过来。罗大友看着陆云的眼神，充斥着怒火：“你，你怎么敢的？自己刚刚跟林文博打斗的过程中，二人就商量联手收拾陆云，为此还专门向莫思颖跟王彦辰暗地传递了信息。然而，这次偷袭，直接死了三个人。”李静怡嗅着空气中弥漫的血腥味，愣住了：“这陆云怎么做到的？” 如果刚刚冲上去的是我，那我岂不是？他不敢往下想。叶凝霜飞回陆云身边，并没有解除气灵状态，浑身散发着赤红色火焰，悬浮在陆云身前。那意思很明显，不需要契约，他也心甘情愿让陆云用。将这一幕看在眼里，李静怡不淡定了。那是他不要的废物，叶凝霜竟然主动贴上去，什么鬼？就连其他人也愣住了。以前秦风契约叶凝霜的时候，还要戴手套才能用，而现在。 叶凝霜还没跟陆云契约呢，不用戴手套，几个意思？罗大友愣在原地，所幸刚刚不是他冲最前面，不然爆掉的那颗脑袋就是自己的了。陆云，你真是我们学校的败类，竟然一下子杀这么多同窗，你还是人吗？打不过，罗大友准备跟陆云讲道理。看着罗大友一脸道貌岸然，陆云握住三叉两刃刀，负于背后，缓缓向其罗大友靠近。 每移动一段距离，都令罗大友感到一股强大的杀伐之气。近了，陆云冰冷的眼神盯着罗大友。此刻的罗大友亡魂皆冒，怎么回事？脚怎么会软？我是老师，我是教导主任，他只是个学生啊！陆云，你敢！话到此处戛然而止。砰！罗大友的脑袋落到了地上，三叉两刃刀上鲜血直流。嘶，所有人看着这一幕，倒吸了一口冷气。 这是陆云，这是地狱闯出来的修罗吧？此刻的他们不敢与陆云对视，好像看一眼，自己脑袋就要没了。噗嗤，林巧巧一口鲜血喷出，被契约之力反噬的她，此刻脸色苍白。然而她却笑了，释然的笑，不知为何，令人感到一股凄婉。陆云转身，握着鲜血淋淋的三叉两刃刀离开。此时的李静怡却瘫软在地，双脚摩擦地面。 身体不断向后靠拢，因为陆云离开的方向刚好是他所在的方向。他以为轮到他自己了。陆云，我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不能杀我啊！近了，陆云越来越近。李静怡紧闭双眼，大声呼喊，下身好似有什么要喷薄而出的酸胀，想要以此来减少对死亡的恐惧。只是他意料中的撕裂疼痛并没有发生。缓缓睁眼，眼前哪有什么陆云？对方已经走远。 他为什么不杀我？难道他心里还有我？切，恶心！坑。李静怡正要起身，三叉两刃刀突的从天而降，直直插在他的身前。啊！一声尖叫，李静怡惊慌失措。叶凝霜恢复人形，冲着陆云的方向大声埋怨道：“本姑奶奶迟早会契约上你的。”显然，他这是被陆云扔了过来。看了一眼惊魂未定的李静怡，叶凝霜淡然开口：“他不屑于杀你。”说着。 叶凝霜转过身，朝着人群中走去。陆云交给他的任务是带着大家收集积分，接下来去哪里？上官清雪退出了气灵状态，挽起陆云胳膊。陆云想了想，随便走走，看看风景。看风景是假，找倭国人跟寻宝是真。听到陆云的话，上官清雪不再说话，就挽着陆云的手臂跟他走，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因为刚刚叶凝霜让陆云把他留在身边，预定第二个契约位置，陆云拒绝了。 此时，陆云赶路方向往前不远处，两个黑袍人带着一群人埋伏在道路的两旁。他们的领口处都绣着一个“秦”字，显然那两个黑袍人是这支队伍领头的。一老一少，老的浓眉大眼，留了一撮山羊胡，头顶的发丝青黑发亮，整洁干净。他名叫秦安，是秦风的二叔。少年身材修长，剑眉星目，却是长了一个鹰钩鼻，看上去不像好人。 他是秦安的侄子秦远，秦风的堂兄弟。他们在这里是等着劫杀陆云的。安叔，不是说这里是他们的必经之路吗？怎么这么久还没出现？秦远显得有些不耐烦。闻言，秦安眉头微皱。按照跟罗大友之前给自己制定好的计划，现在他们应该将陆云追到这里才对。难道说罗大友已经把陆云处理了？来了来了！这时，一个小弟悄悄跑了过来。从他脸上兴奋的表情，秦安知道陆云来了。 顿时脸上露出一抹狠厉，杀我侄儿！今天必定将你挫骨扬灰。第五十八章，辣眼睛，都杀了吧！突然，另一群人从相反方向走来，二十来人的模样，像是在急切的往什么地方赶路一样。看穿着，脚踩木屐，武士服，头上顶了个小发髻，为首一个鼻孔下还有一抹卫生糊。操！倭国人，怎么会有倭国人出现在此？并且其中三阶 A 级的气灵师组合就有五对。 反观自己这边，只有自己是三阶 S 级的气灵师，其他的最高也就是秦远，三阶 A 级。秦安眉头紧皱，吩咐秦远带人隐匿起来。他们的目标是陆云，不想增添其他麻烦。八嘎！武田军他们真是废柴，区区夏国人而已，也要呼叫救援。进了，身材矮小、长相略显猥琐的两片瓦埋怨着。从他们话中可以听出，应该是同伴遇难，呼叫他们前往支援，显然并不是自愿过来的。 我就纳闷了，咱们大倭国那么多老师，所有气灵师都熟知深度契约的技巧，区区夏国毫无底蕴，怎么武田他们就打不过人家呢？呸，丢人！两片瓦一路走来，喋喋不休，似乎叫他们过去的同伴影响了他与老师深入的一番交流。小岛君，你就别唧唧歪歪了，没发现一直联系不上他们吗？会不会已经遭遇不测，被夏国人给击杀了？为首那个卫生湖男子脸色凝重，听到他的话。 叫做小岛的两片瓦顿时露出不屑的表情。怎么可能？川崎，你在跟我开玩笑？根据情报，此次夏国参与副本的气灵师组合中，最高等级只是三阶 S 级，并且只有两个，其中一个还是个女的，没有被契约的气灵。游戏花姑娘滴。说着说着，两片瓦露出贪婪猥琐的表情。看着他这副模样，川崎嘴角也跟着露出狡黠的笑容。一会儿遇上，我一定要好好把她培养成我们大倭国的老师。哈哈。 几人一阵狂笑，下身已经是躁动难安。啪嗒，啪嗒！突然间，几颗像是拳头大小的石头状物品从天而降，落到他们跟前不远。嗯，川崎疑惑，让小岛上前查看。小心翼翼走到前方，待看清楚是什么东西的时候，小岛头上的两片瓦直接飞了起来。啊！是武田他们！此刻的小岛脊背发凉，原地弹跳回到川崎旁边。八嘎！你滴蠢货！ 一个三阶 A 级气灵师如此咋咋呼呼，成何体统？周遭的一众气灵捂着樱桃小嘴，噗嗤，笑成一片。小岛顾不上同伴的取笑，伸出手指着前面刚刚落下的那堆东西，是武田君，还有好几个三阶 A 级气灵师跟气灵的灵核。闻言，川崎抬眼看了过去，也是头皮发麻。武田他们的实力，川崎是知道的，竟然全军覆没，看来这是遇到大麻烦了。突然。 川崎环顾四周，眼神凌厉，藏头露尾之辈，出来受死！对方既然把这东西送过来，自然也在附近。呵呵，一声轻笑，一位夏国少年带着气灵，缓缓映入他们眼帘。少年身形修长，剑眉入鬓，面如冠玉，唇若涂脂，引得川崎身后一众老师芳心乱颤。而他的气灵更是肤如凝脂，婉转峨眉，冰肌玉骨，一头清秀的长发自然垂落。 更是让川崎等人流了一地哈喇子，眼中迸射出邪恶的火光。此二人正是陆云跟上官清雪。有西，原来是夏国的两个小孩子，小朋友，你们来叔叔这里，叔叔身后的老师会好好教你的。看清楚对方实力，仅仅是一对 E F 组合。川崎等人放下所有戒备，一脸坏笑。呸，倭国人都这么猥琐？上官清雪啐了一口唾沫，旁若无人地问向身边的陆云。陆云微微一笑。 觉得辣眼睛，就把他们都给杀了吧！说话间，眸中一股寒意直逼川崎等人。哈哈！闻言，小岛一阵狂笑，弯着腰抬起侧脸看着川崎，这小家伙刚刚给我们表演的笑话真好笑，哈哈！其他人也跟着笑。一对 E.F 组合也有资格出现在副本里，还说要杀了我们，看来夏国是真的没有拿得出手的东西了。看来今晚的百人斩盛宴又可以增加两个名额了。 两个供我们玩乐的名额，尤其是小岛已经笑得前胸贴后背，头顶的两片瓦也在上下浮动，看得出来他很开心。然而下一秒，嗖、so,，霸道的剑气凌空划过，那个叫做小岛的声音戛然而止，同时头顶上的两片瓦也落了下来，附在脑瓜上一动不动。他眼神惊恐地看着陆云，随即两片瓦落到地上了，生机全无。嘴这么臭，就拿你先开刀吧。 陆云淡漠的看着小岛的尸体，语气毫无波澜。八嘎！你敢？so。川崎指着陆云，话没说完就被打断了。聒噪<灶>！看了一眼川崎，陆云脸色不悦的说道。他刚说完，川崎的脑袋便从脖梗上滑落下来，身子也跪倒在地，随即扑到地面，没了生机。啊！雅灭蝶！终于，这群倭国人察觉不妙，开始慌乱，一个个环顾四周。 想要夺路而逃，想走？陆云轻哼一声，随即上官清雪凌空跃起，剑指落下，无数道剑气从天而降。雅灭蝶啊，八格牙路！嘶吼声、惨叫声连绵不绝，一颗颗新鲜的头颅宛如西瓜一般落到地上。刹那间，叫声戛然而止，整个现场恢复宁静。躲在暗处，秦远将这一幕尽收眼底，眼神里写满了惊恐。 妈呀，那可是一群倭国精英气灵师组合，更是有五组三阶 A 级。陆云眼都没眨一下，全给杀了。对了，自己也是三阶 A 级气灵师。想到这里，秦元只感到脊背发凉，脚下忍不住颤抖。有我在，你怕个鸟！秦安看着瑟瑟发抖的秦远，恨铁不成钢的轻声呵斥一句。再次进入无尽副本，他相信陆云的实力已经恢复原形。刚刚那两名倭国人肯定是徒有其表。 加上一时大意，才被陆云趁机偷袭，所以他并不认为陆云是自己的对手。出来吧！然而，陆云清脆响亮的声音当即就传到了他们的耳中。第五十九章，这翅膀会打架。不多时，秦安带着秦元等人，一行数十人，男女参半，一个个同仇敌忾，愤懑不平，与陆云跟上官清雪对峙。你们是秦家的人？陆云目光凌厉的看着秦安，语气冰冷的问向对方。 不等秦安开口，秦远率先开口说道：“没错。”秦远站在秦安身侧，一副居高临下。有秦安在这里，自己还带着这么多人，先前的恐惧已然消散，说话也有了许多底气。你将我三叔跟堂哥杀了，不给个说法吗？宛如公堂之上的县令老爷，秦远指着陆云，厉声质问。陆云瞥了一眼秦远，轻描淡写的开口：“他们自己送死，跟我有什么关系？他现在都不用开启系统，对付这些家伙，手拿把掐。” 闻言，秦安脸色阴沉下来，一旁的秦远也是怒不可遏，这家伙太放肆。然而他们俩还没反应过来，陆云毫无波澜的声音再次响起：“你们要是来替他们找回公道的，那我可以送你们去找他们；要是路过，就赶紧滚！这不是通知，是命令。”那罗大友不带队去攒积分，专门找自己内耗。陆云早就心生不悦，来到这里刚收拾完几个小鬼子，偏偏又遇到秦家的人。反正副本有自己罩着。 大不了把他们全干了，图个安静。刚好陆云的话令秦安很不爽。小伙子，你火气很大啊！抚摸着依偎在怀里的气灵，秦安脸色有些阴沉。自己是三阶 S 级气灵师，人手也多，怕两个学生干嘛？陆云眼神微眯，脸色淡然。看来你忘了秦风和秦若海的下场了。今天杀的人是有一点多了，但是陆云不介意再多点。然而，在面对陆云善意的提醒，秦安却不以为然。 不过是之前仗着副本奖励暂时提升了实力，我那侄子跟弟弟才着了你的道。如今再次进入副本，上次副本奖励的效果应该消失了吧？说完，秦安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似笑非笑地看着陆云。见状，陆云与上官清雪相视一笑，又是跟罗大友他们想的一样，天真，旁若无人，或者说完全没把秦安他们放在眼里，狂妄。感受到自己被忽视，秦安怒吼一声，秦远踏步上前。 一脸愤懑不平的指着陆云：“臭小子，你今天……”声音戛然而止，显然他忘记了刚刚那个倭国两片瓦的结局。砰！低沉的声音响起，秦远的脑袋应声落地，滚到秦安脚下。所有人看着这一幕，愣住了。一对 E F 组合这么猖狂，这家伙不要命的！自己这边这么多人，一人一口唾沫也够他吃一壶的！啊！秦安怒吼：“这家伙太放肆了！” 竟敢当着自己的面杀秦家的人！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激进于咆哮。秦安不相信自己这么多人还干不过一对 E F 组合。刹那间，杀喊声四起。秦家这边，女的纷纷化作气灵状态，配合着各自的气灵师蓄势待发。秦安怀里的女子一双美眸阴沉，当即化作一副双戟，双手握住双戟。秦安全身上下气势磅礴，一双赤红的眼睛瞪着陆云。 一副要将对方生吞活剥的样子，只是他没有第一时间冲上去。智者往往要善于寻找一击致命的机会。看着朝自己二人冲过来的秦家众人，上官清雪也不惯着，瞬间幻化成器灵状态，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瞬间出现在众人眼前。这是来搞笑的？一对翅膀能有杀伤力？逃跑还差不多。笑了，他们都笑了，一个个前扑后仰，开怀大笑。 陆云也笑了，冷笑。秦安看着陆云笑，也跟着笑了，笑陆云愚昧无知，更笑上官清雪螳臂当车。然而下一刻，秦家所有人脸上的笑容凝固了。只见那对翅膀冲着众人猛地扇动，轰！一股排山倒海的气势迎着秦家众人而去。唰！还没反应过来，冲在最前面的瞬间被掀翻倒地，口中发出咿呀咿呀的哼唧声。中间的人想要抽身逃离。 却被后面赶上来的人挤了上去，啊！呐喊声乱作一片，秦家人人仰马翻，躺在地上横七竖八。不是笑倒的，是被上官清雪的风给吹到的。所有人倒在地上，目光注视着上官清雪，眼中充斥着忌惮、慌乱。这翅膀不但可以用来飞，它还能打架，并且一旦出手，他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感受着灵力强劲的飓风扑面而过，秦安勉强支撑。这风怎么回事？ 自己怎么感到被吹得心慌胆战？说地<辩>，迎面飞来一道剑气，秦安果断跪倒在地。那剑气刚好从他头顶拂过，感受到一股凉意从头顶掠过，几根发丝随风飘落。还好自己跪得早，否则飘落的就是自己的脑袋了。F 级的翅膀这么猛，他能感应到上官清雪这已经是手下留情了。若是对方全力一击，秦家这几十口人加上自己。 此刻已经魂归天国，也罢，既然跪了，顺便求个命吧。陆小友，是我有眼无珠，是我不识好歹，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说着，秦安对着自己的脸上左右开弓。大丈夫能屈能伸，既然打不过，那就先想办法保住性命，等到以后再想办法一雪前耻。其他人见状，纷纷顾不上疼痛，滴溜翻起身子，顺势朝着陆云跪拜磕头。 一时间，形势完全逆转。秦家一众人如同跪拜自己的王一样，不断冲着陆云磕头求饶。陆云用实力让他们丢弃了秦家人应该有的骄傲，当然也包括了他们的仇恨。上官清雪看着陆云，等待着他下一步的命令。只要陆云发话，他可以马上将这几十个人彻底抹除。哦嚯嚯！嗷呜嗷呜！哦哦、陆云还没说话，一声声非人的欢呼由远及近。放眼望去，竟然是一群异兽。 夹杂着些许倭国矮人，朝这边冲了过来，一个个脸上露出兴奋的神色，那样子就像是发现了猎物一般。这么多人类，这回又可以收集一波积分了。一头虎头人身的异兽还没抵达这里，声音就破空而至，盘旋在众人上空，久久不息。这实力不简单。第六十章，这技能不对劲。陆云微眯着眼，凝视着前方。好家伙，这些积分竟然自己找上门来。 武值三阶 S 级异兽 A 级更是数不清。不错，等等，那个虎头首领，异兽名称：吊金白虎，异兽资质 S 级，天赋技能：百兽之王。百兽之王面对敌人，先天压制对方百分之十的实力，可升级。战斗技能：虎啸山林，猛扑撕咬。虎啸山林朝目标区域怒吼，可使敌人陷入眩晕状态，持续三秒。猛扑撕咬。 猛地扑向敌人，瞬间出现在敌人身旁，将敌人撕成碎片。异兽武器虎爪，极品武器。武器技能暗影刺杀。暗影刺杀施展后，原地留下七个分身残影，迷惑敌人，伺机给予敌人致命一击。隐藏等级 S S S 级。隐藏进化路线：白虎、赤焰虎、马、火麒麟。致命弱点屁股。意外的惊喜，陆云两眼放光，看上了虎头首领的兽核。至于那几个小鬼子，恶心。 当做垃圾丢了吧！看着气势汹汹而来的异兽大军，秦安脸上露出惊恐的表情，秦家人更一脸绝望。前有陆云挡路，后有异兽大军，就这样，他们被夹在中间，进退两难。相比于陆云这个恶魔，秦安最终决定正面从异兽大军突围。越混乱，越有脱身的机会。横竖都是死，冲啊！就算死，也要拉这些畜生陪葬！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秦安一声呐喊。 身先士卒，朝着异兽大军冲过去。上官清雪退出解除幻化状态，落到陆云身旁。二人就这样看着，没有出手的打算。当然，如果秦安赢了，看在他对副本做出的贡献，陆云可以考虑暂时饶他一命。异兽大军那几个头领看着冲过来的秦安，脸上露出轻蔑的笑容。就这，就一个 S 级，敢冲过来？嗷呜！兄弟们，把这个 S 级的气灵师拿下，这回副本我们稳赢。 那个虎头异兽大吼一声，刹那间与秦安他们混战在一起，嘶吼声、喊杀声连绵不绝。才十几分钟过去，秦安他们就全军覆没。他被几个 S 级异兽紧盯，终究没找到脱身的机会。而异兽那边也就损失了几十个小角色而已。此时，异兽大军和倭国人正在清扫战场。那几个异兽头领早就发现了陆云跟上官清雪的身影，两个嫩娃皮肤肯定鲜嫩多汁，今晚的晚餐。 可以加一盘木耳炒肉了，那个虎头首领说着，眼中露出邪恶的光芒。哈哈，几只异兽纷纷看向陆云这边，也是忍不住大笑起来。去，把那两个给我绑了！听到虎头首领的吩咐，几只小异兽就冲着陆云他们走了过去。砰砰砰！然而他们刚靠近陆云，颈上的头颅便像是足球一般，被人踹似的飞回到异兽首领脚下。我擦！虎头首领冰冷的眼神看向陆云，眼中寒芒骤起。 一对 E F 组合敢这么放肆？想到这里，虎头首领向自己身旁两个头领示意，二兽秒懂，昂首挺胸，抬着鹿手跟猫手，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朝着陆云走去。他们是 S 级异兽，还是三阶的？人类最高的 S 级已经被他们解决了，当然，另一个女的也逃不掉。现在副本里的人类，谁能动他们？所以嚣张一点又怎样？同时，几个倭国人脸上一阵得意。哎。 夏国的蠢货们，怎么可能会像他们一样想到跟异兽合作的高明手段呢？嗖，嗖！然而他们正得意间，两道破空声传来，随后那鹿头跟猫头又滚到虎头首领的脚下。吼！Oh, 虎头首领怒了，但是没敢轻举妄动。这两个家伙不是表面看上去的那么简单，毕竟他自己也是隐藏型选手。你是什么人？具体等级是什么？犀利的眼神盯着陆云，虎头首领沉声问道。 见状，陆云淡淡开口：“下去问你祖宗。”闻言，虎头首领眉头紧皱，这家伙好狂妄。一旁的倭国人却笑了：“这两个孩子，难道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实力吗？那可是三阶 S S S 级异兽同阶位的战力天花板，小小夏国人，可笑可笑！”陆云没有理会他们的表情，转头一脸笑容的看着上官清雪。上官清雪点点头，懂了。轰。 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瞬间出现在那虎头首领面前。臭小子，你以为杀了几个废物就有资格跟我动手？虎头首领很不爽，自己三阶 S S S 级异兽竟然也有被人类瞧不起的那天。那几个倭国人也笑出了声。这家伙疯了吗？敢在虎大人面前放肆，这不是纯纯找死？死了好，细皮嫩肉的异兽大人们吃起来一定很美味。尤西，这个花姑娘低干活，今晚好好调教，让她早点领取老师资格证。 哈哈，嗖嗖嗖，几道剑气划空而过，那几个倭国人的声音戛然而止。临死前，他们张大的瞳孔诉说着不可置信。雅灭蝶，妈妈桑，我要回倭国。小兄弟，我是老师，我可以教你深度契约的知识。别杀我们，我们可以一起教你。不杀，留着过年。又是几道破空声响起，那几个倭国气灵应声倒地。臭小子，我虎头首领恼羞成怒，想要开口说话。 然而，一道纯黑色的剑芒朝他直直射来，来不及多想，虎头首领发动虎啸山林。印象中，每次有敌人技能射过来的时候，这一招都能把对方技能震碎。然而，预想中的剑芒消失的画面并没有发生，怎么这次失效了？不服，再来一次！好，这一次虎头首领火力全开，他眼角闪过一丝自信，一定能成功。其他异兽也很兴奋，这两个无知的人类。 竟然敢挑衅他们的三阶、SS、S S S 级异兽，活腻歪了！大家都期待着虎头首领将对方撕成碎片，他们就可以美餐一顿了。然而，下一刻他们愣住了，就连虎头首领也不淡定了。那道黑色剑芒，什么鬼？竟然无视自己的虎啸山林！我操，这技能不对劲！第六十一章都秒了吧？来不及多想，虎头首领朝着一个同伴发动猛扑撕咬，啊！一声惨叫。 那个同伴还没反应过来，就被虎头首领撕成碎片，将这一切尽收眼底。陆云脸上露出一抹惊疑的神情，自己都已经准备好，等他扑向自己就将他解决，结果他却扑向他自个得的,的同伴。有点东西，异兽们看着虎头首领疯了似的将那名同伴撕成碎片，也是懵逼了，干不过别人，朝自己人动手了，不应该啊！那虎头首领站起身，没有理会同伴们错愕的眼神，狠厉的目光看着陆云。 虎头首领沉声开口：“你也是隐藏的、SS、S S S 级器灵师？”陆云没有说话，浅笑着点头，算是回应。就是这副表情，竟然让虎头首领感到震惊。他看不出陆云真正的实力。讲道理，这不合理。莫非对方的阶位高出三阶？想到这里，虎头首领虎目圆睁，一脸不可置信的看向一旁的上官清雪，确认了，对方只是 S 级器灵，但却能独自逼退自己。除了阶位高出自己以外， 再也找不到其他原因，怎么办？虎头首领眼珠一转，有了，冲上去将这个家伙撕成碎片。自己这边好歹还剩下两个 S 级异兽，还有上千名异兽大军，拖住你一会儿，没问题吧？自己就可以趁乱逃走，将这个重要的情报告诉其他人。冲啊！杀呀！一时间喊杀声四起，所有异兽犹如潮水般涌向陆云。所有人，跟我一起上，杀了这群畜生！突然。 一道娇叱声响起，陆云转头一看，原来是叶凝霜带着人赶了过来。此刻在他的带领下，所有人都气势汹汹，朝着这边冲来。见此情形，虎头首领眼角闪过一丝光芒：乱点好，再乱一点，自己脱身的机会越大。陆云看着冲过来的人群，在叶凝霜的率领下，这些人脸上竟然多了一些战意，比之前罗大友率领的时候还要有精神。虽然如此，但却没必要让他们来添乱。 于是，陆云冲着上官清雪说道：“清雪，全给秒了吧。”闻言，上官清雪幻化的翅膀抖了抖，随后嗖一声飞回陆云背上。陆云凌空而起，转头看向冲过来的人群：“站住，别过来了！”众人听着这宛如从天而降的声音，纷纷止住脚步，抬头看向陆云，眼里满是困惑：“几个意思？不需要我们帮忙？”叶凝霜也是想不明白：“陆云，你不需要帮忙吗？” 陆云看了他一眼，淡然说道：“别添乱，我一个人就够了。”听到陆云的话，叶凝霜一时语塞，那意思是怪我喽？还添乱，真是钢铁直男，辜负我一片好意。人群中的李静怡却是一脸不屑：“哼，装什么装？不就是想独吞积分吗？说的那么冠冕堂皇，也不怕一口吃个大胖子，被异兽撕成碎片？”声音不敢说太大，但是周围的人都听到了。一时间，所有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看向他。 一副似有所悟、将信就疑的样子，叶凝霜一脸不悦：“住口！再乱说，把你踢出队伍，让你自生自灭。”闻言，李静怡只好悻悻地闭上嘴。不过，看向陆云的表情依旧是充满鄙夷。在他看来，陆云不杀自己，是因为心里惦记着自己。想到这一个原因，李静怡不免就有些反胃。一个自己丢掉的垃圾，希望主人再把它捡回来，可能吗？自己这辈子都不可能正视陆云一眼。 等到副本结束，自己出去以后，一定要把这里的事情告诉秦家。刚好他也发现了地下躺着秦家人的尸体，毫无疑问，这些人肯定是被陆云杀死的。敢杀秦家的人，人家一定不会放过他的。到时候再看你怎么死。另一边，刚刚异兽见人类没有冲杀，也都停了下来。听到陆云的话，虎头首领不免眉头微皱。陆云不让这群人过来，场面的混乱程度小了很多。不过转念一想，也无所谓了。 自己这边一千多头，这家伙也不可能一口气全秒了。想到这里，虎头首领再次怒吼一声：“冲啊！杀呀、啊！尽情享受你们的美味吧！”虎头首领一声令下，所有异兽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朝着陆云蜂拥过去。这边的叶凝霜第一次见到这么多异兽，也是不免感到头皮发麻，心里一下子没了底，不知道陆云能不能应付过来。李静怡则是嘴角微翘，脸上露出嘲弄的表情，她巴不得陆云在这儿被异兽杀死。 自己之所以错过王彦辰去找那个废物林文博契约，都是因为陆云，他该死！看着向自己蜂拥而来的异兽，陆云一点也不慌，冲着上官清雪嘱咐道：“你尽管施展技能，所有灵力我来提供。”嗯，应了一声，上官清雪带着陆云往空中上升一截，这个距离，自己的落日余晖刚好能将异兽们全部覆盖。做完这一切，那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瞬间张开，如翱翔九天的凤凰。 抖擞了几下，落日余晖，上官清雪空灵清脆的声音响彻天际，宛如女战神一般，震慑人心。随着上官清雪声音落下，只见一道道清澈透明的气剑从天而降，期间还掺着无数的黑色气件，所覆盖的范围完全将整个异兽军团囊,囊括在其中。看着这密密麻麻的气件落下，所有异兽瞬间头皮发麻，他们能够感觉得到头顶上强大的压迫，令他们胆战心惊。 刹那间，所有异兽身上一股寒意从脚板升起，直冲天灵盖。环顾四周，四处逃窜而去。上官清雪怎能让他们如意？呵！暴喝一声，加快了气剑落下的速度。看着如同暴雨一样落下的气剑，所有异兽瞬间亡魂皆冒，一脸绝望。嗷呜、哦！唳！吼、哦！各种各样的悲鸣声响彻天际。每一道气剑落下，都有异兽身体轰然爆炸。 那虎头首领见此情形，脚底抹油，瞬间开溜，完全不顾同伴。眨眼间，他便要跨出上官清雪的技能范围。第六十二章：老虎的屁股摸不得。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上官清雪岂能让他如愿？顿时就加大了对虎头首领的气剑压迫。嗖，嗖，嗖，接连数十道气剑直逼虎头首领脑袋。看着如同暴雨一样的气剑袭来，那虎头首领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表情。 正面硬刚，那是自己的强项。只见他化身老虎，亮出锋利坚硬的虎爪，铿铿锵锵，所有正面袭来的气剑都被他用前爪抵挡住了。就这样，他一边正面用前爪将气剑拨开，一边不停的后爪用劲，确保身体敏捷躲过气剑的同时继续冲刺。利爪每一次与气剑碰撞，都传来一阵刺激神经的胀痛，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没办法，小命重要啊！将这一幕尽收眼底。 上官清雪峨眉微蹙，这老虎的爪子竟然这般坚硬，能抵挡自己的攻击。顿时想要通过数量来制敌。就在这时，耳边传来陆云的声音：“先攻击他的正面，再时不时往他屁股刺上一剑。”刺屁股？不是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吗？有用吗？不知道。但陆云的话，自己无条件相信与听从。于是，在那虎头首领全神贯注抵挡眼前攻击的时候，上官清雪汇集一道极为强悍的气剑。 瞄准了虎头首领的屁股，嗖！So, 一点寒芒先到，将所有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虎头首领顿感不妙，猛地后庭一紧，嗷呜！一声羞愤惨叫响彻天际。虎头首领猛地回头，一柄溢满漆黑色流光的气剑已经从自己臀部插入。在回过神来的时候，只感到自己一阵透心凉，冰寒彻骨的气剑已经从后庭长驱直入，插进自己心脏。虎头首领双目圆睁。 瞪着陆云的眼神，从锐利转为困惑，再到涣散，直到最后的茫然。轰！一声巨响传来，虎头首领那硕大的身躯轰然倒地，四周泛起阵阵烟尘。还在抵抗的异兽们看着这一幕，眼中充斥着惊骇。这三阶 S S S 级的虎头首领死了，天塌了！还没等他们沉浸在悲愤中太久，头顶无数道气剑纷纷落下，眨眼间，所有异兽尽数倒地。 无一生还，现场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尸骨躺成一片，人兽的血液混合在一起，将大地浸染成一片血红。陆云驾驭着上官清雪，从这些尸体上掠过，开始收集战利品，尤其是那一颗虎头首领的兽核，对上官清雪尤为重要，因此虎头首领的尸体就是自己的主要目标。叶凝霜这边看着这如同修罗屠杀的战场，心中早已经波澜壮阔，骇然不已，他能感应得到。 那虎头首领的实力比自己高出了不知多少，然而却在陆云和上官清雪的联动下被一击毙命。关键，陆云他们是在对其他异兽进行清剿的同时，将虎头首领击杀。这等强悍的实力，更加说明叶凝霜的感觉是对的。不光是他，在场所有人看着陆云收集战利品都不敢上前。这家伙太残暴了。原本他们之前还以为有一场艰苦的战斗，却没想到被陆云和上官清雪给轻松拿下了。 上千头异兽大军啊，太强悍了！这实力恐怖如斯，都无法形容。以前的那个陆云回来了，甚至现在的他比之前 S 级的时候还要强悍。某些人不是说人家陆云打脸充胖子吗？现在又该如何？接连看到陆云接连显露的强悍实力，在场众人心中都察觉到了不对劲。听到周围人的议论声，李静怡涨红着脸，一阵尴尬。陆云的表现就像一记响亮的耳光，重重的扇在他的脸上，让他无地自容。 替自己说过的话感到尴尬，只不过他的心里始终不认为陆云比自己强，不过是捡了秦家人的漏罢了，有什么好羡慕的？没错，在他看来，陆云之所以取胜，完全是因为秦家人之前与异兽大战过一场，他上他也行。闻言，众人没有理会，只不过看向他的眼神多少带着些不屑与鄙夷。此时，陆云已经打扫战场完毕，回头看了一眼人群。 那个 S 级的大刀妹过来一下。见状，众人纷纷愣在原地。S 级的大刀妹不就是叶凝霜吗？这么随意的吗？叶凝霜也是瞪大的双眼，一脸不可置信：“岂有此理！我堂堂 S 级器灵不需要面子的吗？你当众这么大呼小叫合适吗？”然而转念一想，这个男人是自己以后的器灵师，所以忍住。叶凝霜一脸不悦的飞到陆云身边，瞪着一双卡姿兰大眼：“本小姐有名字，叫叶凝霜。” 这么多人，能不能给我一点面子的？胸前鼓囊的地方起起伏伏，显然气得不行，很不情愿，有很心甘情愿的样子。陆云瞥了一眼，不想要积分，那我给别人。说着便转头看向众人的方向。闻言，叶凝霜站不住了，这怎么说也是一千多积分，还不包括秦家人身上积攒的。别别别，我要我要！叶凝霜急了，赶紧踮起脚尖挡住陆云的视线。这么多积分，他怎么可能不要？ 陆云见状，浅浅微笑，将积分全部划给了叶凝霜。看着自己积分列表又多了一千多积分，叶凝霜一脸疑惑地看着陆云：“为什么你要将这些积分都给我啊？你不留着自己用？”显然，他根本猜不到陆云的用意。陆云没有理会他，带着上官清雪就离开了，留下叶凌霜一个人站在原地，心中一片凌乱。行吧，就当做以后你契约我的彩礼了。望着陆云渐渐走远的背影，叶凝霜喃喃自语。另一边。 上官清雪挽着手，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自然是知道陆云为什么不要那些积分。这场副本规则很简单，考验的是人性与牺牲。积分对于这场副本来说尤为重要。通过收集积分获得领先，随后落后一方再与优势阵营积分最少的一决胜负。如果积分优势阵营里的强者对积分贪婪，那就注定最终会失败。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场副本的对决比试仅有一场。不知走了多久，陆云打开积分面板。 人类阵营一千三百二十分，异兽阵营一千二百九十分。看着这积分统计结果，陆云一阵无语。第六十三章追击任务开启。若不是自己一下子清剿了上千只异兽，此刻人类阵营的积分还远远落后于异兽。因为之前罗大有的引起的内耗，人类原来落后这么多。可恶！如今人类阵营虽然领先，但并不多。如果哪队人马不小心被异兽逮到，要不了多久，积分就会被异兽反超。 我们要不要回去看着他们？感受到陆云心中的担忧，上官清雪轻声问向陆云。闻言，陆云思忖片刻，摇了摇头。人类阵营那么多队伍，哪有精力全部照顾？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出击。突然，一道赤红色的光柱从天而降，映入陆云眼帘。陆云与上官清雪顿感困惑，不明所以。咚！一声清脆洪亮的钟声从天空中传出。 之后便是宇宙裁判苍然有劲的声音响彻天际，规定时间内成功追杀红色目标，可获得两千积分奖励；红色目标所在阵营成功守护目标，同样获得两千积分奖励。有效时间十分钟。随即，陆云的副本面板上出现了十分钟的倒计时。不得不说，这宇宙裁判会来事儿，自己正愁找不到积分，这么快就给自己送来了。想到这里，陆云嘴角泛起一丝弧度。 上官清雪与陆云心意相通，当即化作气灵状态，附到陆云背上。陆云没有犹豫，果断朝着那道红色光柱飞去。追杀对象若是人类阵营，那肯定会引起异兽围攻，自己到时候利用这点，一举将异兽收拾掉，积分就稳居第一。如果追杀对象是异兽，那就更简单了，直接杀掉，获取积分就行。算来算去，终究是自己获利。与此同时，红光出现的地方，有一双鹰眼炯炯有神。 眼睛中间下面是一个如同鹰喙一样的鼻子，看上去极为骇人。他全身长着黑色毛发，身披盔甲，就是这只鹰首人身的异兽，正笼罩在那道赤红色的光柱当中。周边围着几只奇形怪状的异兽，看向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担忧。然而，这鹰首异兽却一脸平静，丝毫没有因为自己被选为追杀对象而感到害怕。相反，此刻他正一脸期待地看着前方，期待追杀他的人类到来。与陆云想的一样。 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能让异兽阵营积分反超，让自己获得这两千积分的机会。你们几个去通知其他同伴，让他们潜伏好，不要冒头。尤其是那该死的狗麒麟，让他好好挖他的宝藏。这点小场面我能应付得过来。说的冠冕堂皇，实则自私的雅痞。这么好的机会，他可不想让其他的异兽来跟自己抢积分。其中一个马首人身的异兽闻言，一脸担忧的看着鹰首异兽，鹰眼大人，这样会不会有风险？ 呸！Hey, 有什么风险？鹰眼听到这话，瞬间不乐意了。是人类阵营有风险好吗？他们要是乖乖的躲起来，本大人还能让他们多活一会儿。若是不识趣，敢来找我，哼哼！说着，一双鹰眼中迸射出两道寒芒。身边一个猿人模样的异兽当即表示赞同：“马头怪，你也不想想，咱们鹰大人是什么级别？隐藏的四阶 S S S 异兽，在这个副本里横着走的存在。赶紧去执行鹰大人的命令，别在这儿浪费时间。” 说着，一张猴脸朝着马头怪龇牙咧,咧嘴，凶了一下，随即看向鹰眼，一脸谄媚的笑容。显然，他想留在鹰眼身边，分到一点汤。鹰眼欣赏的看了一眼猴子，笑着点了点头：“你小子是认得青石似的。”哈哈，笑着突然转向马头怪，脸色变得严肃：“还不快去！”马头怪白了猴子一眼，没法，带着其他异兽按照鹰眼的吩咐离开了。就算他们心里再不愿意，他们也知道。 留在这里肯定不会有收获，不如去投奔其他同伴，围剿前来这边的人类。一瞬间，副本里面双方阵营都在为各自的目标做着计划。对于双方来说，这是一个机会，因此双方都打算尽全力去争取。局势一下子就变得紧张起来。另一边，一个全身冒着红色火焰，颌下长着两根长须，面目狰狞，长着一对麒麟角的异兽，目光同样看着红色光柱出现的地方。 他就是鹰眼口中所说的狗麒麟，当然这是鹰眼胡乱说的。他的真名叫火麒麟，五阶 S S 级异兽，也是这次副本异兽阵营最强大的底牌。这些超出副本阶位的存在之所以出现副本里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跟陆云一样，都属于隐藏型选手。他的身边是几个倭国人和几只异兽。此刻，那只被鹰眼赶走的马头怪正匍匐在火麒麟跟前，将之前鹰眼说的话一字不落的告诉了对方。 哼，这家伙总是这么狂妄。火麒麟沉稳的声音响起，显然他的思维是要比鹰眼成熟的多。身旁一个倭国人闻言，惨笑着问向火麒麟：“麒麟大人，您要不要回去把那些积分抢在手里？”滚！火麒麟一声怒吼，朝着那倭国人扑面而去。你以为我们异兽跟你们人类一样愚蠢，傻到去勾心斗角、残害同类？言语之间充斥着不屑跟鄙夷。那倭国人闻言，连连认错道歉。 火麒麟不再理会，转头看向马头怪：“我就不过去了，一群蝼蚁而已。鹰眼那家伙也能够解决。这次副本刚好也是他突破阶位的契机。为了以防万一，你还是召集一些伙伴，暗中观察。一旦发现不对劲，立马通知我，我会立即赶到。”说着，火麒麟拿出一枚符石，递给马头怪。那枚符石上面流光溢彩，灵气波动，看上去就很不简单。马头怪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失落。 本来他来此就是为了刺激火麒麟，让对方带着自己去抢积分，结果这家伙竟然没按照自己的预想行动，反而跟着这些卑劣的倭国人一起继续寻宝，烦死了！心里虽然这样想着，但还是老老实实的答应下来，转身离开。有了这枚符石，自己也有了光明正大蹭积分的理由。想想这一趟还是有收获的。马头怪离开，火麒麟转头看向那几个倭国人，赶紧确定好位置，否则今晚我把你们送上餐桌。 语气严肃，似乎他们在寻找某种不得了的东西。第六十四章：叶凝霜身处险境。陆云一路飞行，距离红色光柱所在越来越近。一路上，陆云看到了四面八方朝此处聚集的人跟异兽，期间还顺路帮助一些人类队伍清除了他们遭遇到的异兽队伍，积分一分没要，全给了那些人。这些人当中有认识陆云的，也有不认识的。那些不认识陆云的人都夸赞流传着他的事迹。 年轻俊秀，不管什么等级的异兽，只要他一出手，异兽连叫喊都来不及发出，就已经倒地不起，原地飞升。至于那些认识的，懵逼当场。这家伙，他们以前是认识，但是现在却突然感到陌生。凡此种种，陆云都没去理会。副本之中，一切以获得最终胜利为主。就在陆云距离那根红色光柱越来越近的时候，地面上传来的一道少女喊杀声，引起了他的注意。这声音，他很熟悉。 低头一看，正是被异兽围困在中间的叶凝霜他们。异兽这边为首的是一只狗头异兽，一对耳朵尖尖耸,耸立，正看着叶凝霜跟李静怡，伸着舌头大口喘气，嘴里流淌出的哈喇子已经快连成几条直线了。陆云看了一眼，对方是一只 S 级异兽，对付失去契约对象的叶凝霜，简直不要太容易。这不免让陆云感到有些疑惑，这一次的副本，异兽这边的实力好像都很强悍，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就在陆云思忖之际，地面上叶凝霜捂着胸口，脸上表情凝重，愤懑不平地看着狗头。其他人气息紊乱，也是伤得不轻，显然他们已经经历过一场战斗。反观一旁的狗头，昂首挺胸，一脸得意。汪汪！你们两个把爷伺候舒服了，饶你们一命！狗头指着叶凝霜跟李静怡，淫笑着说道。见此情形，李静怡早就吓得魂不附体，唯独叶凝霜阴沉着脸，呸！恶心的畜生！ 对方那模样，自己看着都恶心。谁料那狗头非但不怒，反而笑得更猖狂。汪哈哈，够烈，够味儿，我喜欢。汪汪！这下叶凝霜无语了。果然是土狗。环顾四周，都是异兽。若是自己抛弃周围的人，拼命突围，或许自己有一线生机。可是自己走了，这些人怎么办？念及于此，叶凝霜打算孤注一掷，大家殊死一搏，或许还有机会。来个人和我一起。 拖住这条恶心的狗，其他人拿出自己全部实力杀出去。说着，便再次运转周身灵力，想要带着大家突围。除了叶凝霜，就是李静怡最高了。看着叶凝霜跃跃欲试，所有人目光统一看向李静怡，她却一动不动，没有要出手的意思。感受到大家投来异样的眼光，李静怡尴尬一笑：“凝霜姐，要不你尽量拖住这只恶狗，我带着大家尽快突围，击垮他们的封锁，这样的话成功的几率会大一些。” 让自己去对付 S 级的异兽，想都别想。只要叶凝霜拖住那只狗头，他就可以和其他人一起打开一个缺口，到时候自己就可以逃出升天了。至于叶凝霜，哼，谁让他跟陆云沆瀣一气？该死！闻言，众人也觉得有道理，一个个带着期待看向叶凝霜。对啊，只要撕开一个口子，他们肯定就乱了。到时候我们再集中力量，一定能把这只土狗击杀的。我觉得这个方法可行，就是得麻烦凝霜姐，你坚持一下。 李静怡见此情形，心中更为得意。凝霜姐，你坚持一下，我们撕开口子之后，第一时间来帮你。言辞诚恳，令人感到幸福。叶凝霜见状，想了想，觉得可行，于是点了点头。你们抓紧，我没有契约七灵师，拖不了他多久。眼看叶凝霜答应，李静怡连连点头。然而她心里并不这样想，这种生死关头，自然是自己顾自己。叶凝霜既然心怀大家安危，那就成全他的大义，自己还有更美好的未来。 没必要交代在这里。随后，叶凝霜没有犹豫，化身气灵，果断出击，朝着狗头进攻而去。李静怡也是带着其他人朝着最薄弱的异兽攻去。一时间，战斗打响，地面雪花纷飞。为了给李静怡他们争取更大的机会，叶凝霜出手就拼尽全力，一时之间与那狗头斗得有来有回，不相上下。在叶凝霜的全力以赴下，李静怡他们这边也逐渐占据上方。终于，轰一声爆炸响起。 李静怡成功带人撕开一个口子，然而她却没有按照之前说的带人上前去帮助叶凝霜，相反找准一个方向，马上就逃离而去。所有人看着这一幕，直接愣在了原地。操，这贱人无耻，关键时候只顾着自己，亏我们还尽全力帮助他。快别说了，凝霜姐那边快顶不住了。此时的叶凝霜也是发现了李静怡逃跑的事情，而那些剩下的人犹犹豫豫,豫，并没有第一时间来帮自己。 这不免令他感到有些自嘲。终于，砰！叶凝霜一个分神，被狗头找准时机打出幻化状态。呜哇！那狗头趁势追击，一脚踹在叶凝霜腹部。叶凝霜只感到气血瞬间上涌，一口鲜血夺口而出。其他人见状也是来不及多想，纷纷冲了上去。叶凝霜是为了给他们争取生机，才与那狗头正面硬刚的。李静怡狼心狗肺，但是他们不能。索性。 在叶凝霜即将落到地面的瞬间，众人将他稳稳地接住了。只不过，嗖嗖，剩下的异兽瞬间反扑，将他们再次围在中间。看了看气息萎靡的叶凝霜，所有人脸上露出悲愤的绝望。这下再也没机会了。那狗头看着李静怡逃脱的方向，脸上露出嘲弄的表情：“啧啧啧，你们人类就是这样，都什么时候了，还在尔虞我诈、玩勾心斗角的游戏。不过你放心，他跑不掉的。” 我先把你们抓了，再去把他绑回来。今晚本大人要双辉，哈哈哈！汪汪！男的全部杀了，这个小娘子留着。笑着，狗头就吩咐其他异兽做事。闻言，一行众人脸上露出绝望的表情。这个时候，要是传说中的那个人出现就好了。显然，他们也听过那个见义勇为秒杀异兽的年轻人，因此期待着他的出现。第六十五章，跟我走。看着逐渐逼近的异兽。 所有人面如死灰，一脸绝望。叶凝霜更是产生了自爆灵气的想法，与其落到对方手里受尽侮辱，不如就此死去也落个干净。想到这里，叶凝霜开始运转全身灵气。突然，狗头异兽发现了叶凝霜的举动，在我面前玩自爆，你想多了！冰冷说了一声，狗头便快速向叶凝霜掠去，眼看就要靠近叶凝霜身体，电光火石之间，嗖、so,，一道破空声传来。 狗头顿感头皮发凉，猛地抬头，还没等到他看清楚是什么情况，就感到一股冰凉刺进自己头颅。砰！一声巨响，狗头瞬间爆裂，化作一团血雾。这突如其来的画风，直接给叶凝霜等人看傻了。不等他们过多反应，周边所有的异兽瞬间跟那狗头一样爆体而亡。四，众人倒吸一口冷气，这究竟是什么样的存在？眨眼间就将所有异兽灰飞烟灭。最为关键的是。 里面还有一只三阶 S 级的狗头异兽，简直不要太干脆！恍惚之间，叶凝霜像是想到了什么，猛地抬头。与此同时，身边也传来了同伴的惊呼：“是他，那个人！他就是大家说的那个人，看见异兽都是一招秒的！”天呐，我竟然遇到他了，太幸运了！周围一些新加入的同伴望着天空中的人影，兴高采烈，欣喜若狂。叶凝霜看着那道熟悉的人影，也是嘴角微翘，脸上露出莫名的笑容。 叶凝霜能感觉到，他与陆云之间肯定是要发生些什么的，否则不可能自己一天之内接连两次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都会出现。陆云的身形越来越近，直到清晰的出现在所有人面前。人群中，之前与罗大友一起声讨陆云的人，此刻也是低下了头，不好意思与陆云对视。这个他们曾经针对的男人，不仅将之前的所有积分分给他们，甚至还在如此紧要关头救了他们的性命，所以。 他们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无地自容。陆云没有去理会其他人，一双清澈明亮的眸子看着叶凝霜：“跟我走。”看着陆云一本正经的模样，叶凝霜有些愣住了：“跟他走？什么意思？啊？难道说……可是自己明明还没有准备好呀？怎么办？怎么办？”陆云看着愣在原地、茫然失措的叶凝霜，显得有些不耐烦：“我不想再说第二遍。时间紧迫，距离十分钟倒计时已经过去了三分钟。” 为了确保积分能及时划给叶凝霜，保证自己随时为零，陆云打算将他带在身边。看着陆云有些严肃的样子，叶凝霜不再犹豫，他也不想犹豫，心里是很想跟在陆云身边的。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并不全是因为陆云是隐藏的、SS、S S S 级麒灵师，更多的是因为陆云一天之内连续救了自己两次。此刻，叶凝霜的心里对陆云是完全清慕。走，说着化身三叉两刃刀。 飞向陆云，看着朝自己飞过来的三叉两刃刀，陆云并没有伸手去接，转身就朝着红色光柱方向跑去。叶凝霜所画的三叉两刃刀在空中愣了片刻，说实话，这种情形让他有些尴尬，自己好像是白白送上门了，陆云却不要。哼，本小姐一定会契约你。心里埋怨了一句，便朝着陆云的方向飞去。与此同时，红色光柱所在的位置，一群人类将鹰眼围困在中间，而鹰眼的脚下。 踩着的是之前来追杀他的人类，此刻已经堆成了三米多高，现场惨烈至极。鹰眼一双凌厉的目光扫视着将他围住的人类：“你们动不动手？要是不动手，就给我说一声，我先动手。”对他来说，如果这些人主动出手，那他就省去了跑过去将他们击杀的麻烦。当然，如果他们胆小不敢过来，自己也不介意辛苦一下。听到鹰眼的话，那群将他围住的人类面面相觑，却没人敢冲上前去。 这家伙怎么这么奇怪？明明才是一只地级的异兽，怎么他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就死了？要不这两千分我们就不要了，咱们还是撤吧，去杀点其他地级的异兽，总比在这交代小命要强得多吧。走，你看那家伙的样子，是要放你走的样子吗？要换作是你，你会错过送上门来的机会吗？他们原本是刚赶到这里，却看到了鹰眼一招就将围住他的一群人类全部秒杀。 那血腥残暴的画面给这群人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等他们想走的时候，却发现已经来不及了。看着这群人上不敢上、跑不敢跑的样子，鹰眼不屑一顾。旁边的猿猴眼里则是露出讥讽的神情：“真是一群没用的废物！这明明是你们把我们给包围了，怎么就不敢上呢？难道说你们被我们鹰大人独自给反包围了吗？”哈哈，治一群蝼蚁！说到最后，猿猴发出狂妄的笑声，看着众人的眼神。 更为鄙视，兄弟们怎么能被一只畜生给小看了呢？是啊，跟他们拼了，大不了早死早超生。对，拼了，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就这样耗着，不被嘲笑死都会被耗死。或许是猿猴的嘲讽起了作用，此时的人们一个个,个义愤填膺，同仇敌忾。而那鹰眼一点都不慌，反倒是顺势坐到那堆尸体上，左手搭在左腿上，嘴角泛起一丝嘲弄的表情，像是看傻子一样看着周围这群人。好，突然。 鹰眼朝着众人狂吼一声：“啊！我操！尼玛！”一群人瞬间感到头皮发麻，吓了一个激灵，原地暴跳。等他们回过神来的时候，却发现鹰眼依旧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带着玩味的表情看着他们。显然，刚刚对方只是在戏耍他们。哈哈，哈哈，这一群没用的东西，就这还领长嘞，蠢的死！哈哈。 周围观看的异兽们也是跟着笑了起来，他们刚刚的表情，我就跟他们以前戏耍小动物一样吗？这时，鹰眼缓缓起身，看着众人的目光里喷射出两道杀意。玩够了，是时候送他们上路了。第六十六章单方面屠杀。好了，接下来我问你们一个问题，答对了让你们走，答错了杀了你们。只见鹰眼扫视着人群，语气中带着戏谑说道。听到他的话，在场众人瞬间眼睛一亮，似乎。 他们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然而接下来鹰眼的话却令他们如坠冰窖。只见那鹰眼看着一个个生出希望的人，轻哼一声，淡然开口：“你们是在我面前自尽，还是我送你们上路？”语毕，一双犀利的鹰眼扫视众人，涌现出阵阵杀意。显而易见，他根本就没打算让这些人活着离开。众人闻言，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刚才的豪言壮志在此刻也烟消云散。面对这样诡异的存在。 他们根本连还手的机会都没有，瞬间所有人面如死灰，脸上充满了绝望。你是自己把这两千积分主动送过来，还是我动手来取？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道清脆洪亮的声音，众人闻声望去，只看见苍穹之上一少年眉清目秀，身后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徐徐扇动，手中握着一柄紫色的三叉两刃刀，正是陆云，以及化作气灵状态的上官清雪跟叶凝霜。此刻。 陆云正虎视眈眈的凝视着下方的鹰眼，神情淡漠。还有五分钟，我给你两分钟时间考虑。那语气听上去不是商量，是命令。显然，他也想让鹰眼体验一次什么叫做绝望。看着空中傲然直立的陆云，人群中有人欢喜，也有人忧。这人谁啊？看上去好威风凛凛的样子，似乎吃定了这只鹰眼异兽。切，想什么呢？这是南江中学出了名的一级气灵师，真倒霉，怎么就在这儿遇上了？ 我敲，我以为是什么厉害人物，这跟我们一样，送上门的小绵羊啊！显然这群人走的比较快，并没有听过陆云的事情。听到周围的议论声，鹰眼眼神微眯，注视着陆云，笑了。果然，真的是一个一级废物罢了。至于什么阶位，自己看不透。不过又如何？三阶副本除了自己这种妖孽级别的隐藏型选手，其余的垃圾最高不过三阶而已。你既然想装，我就陪你装一波，又如何？我就不动。 看你一分钟后能拿我怎样？陆云继续凝视着鹰眼，发动了自己的系统。异兽名称：鹰眼，异兽资质：三阶地级，天赋技能：迅捷如风。迅捷如风，提升自己敏捷度百分之二十，用于加持攻击速度、行动速度等敏捷相关。战斗技能：赤焰燎原，高级；疾风刃。赤焰燎原，朝目标区域发动火攻，焚烧目标区域所有敌方单位。疾风刃，疯狂挥舞利爪。 将敌人撕裂成碎片。异兽武器找原生武器，武器技能嗜血。嗜血对敌人发动真实攻击，造成流血效果，虚弱敌人，持续时间三十秒。隐藏等级四阶 SSS 级。隐藏进化路线：赤焰鹰、七彩孔雀、烈火凤凰、神皇。致命弱点：眼睛。将鹰眼信息浏览完毕，陆云不免感到有些惊疑。这次副本的异兽这么强悍的？ 光是隐藏的 SSS 级异兽都遇上两个了，不过这对自己来说有利无害。这些兽核若是能给上官清雪炼化，他定然能够成长不少。尤其是这些异兽的技能，都是实打实的宝贝。念及于此，陆云与鹰眼对视着。时间到了，你的答案是什么？看着对方那副模样，鹰眼只当做陆云这是不知死活。哈哈，想到这里，他笑了。已经很久没有人。 或者是异兽敢在他面前如此嚣张了，今天他必须要让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人类体会到绝望的滋味。蝼蚁，我希望一会儿你还能以这副姿态站在我的面前。说罢，浑身上下灵气波动，已是动了杀心。哦嚯嚯！嗷呜嗷呜！吱吱吱！异兽们也开始欢呼起来。鹰眼大人要出手了，能看到四阶 S S S 级的鹰眼出手，显然是他们的荣幸。那只猿猴也识趣的退到一旁，准备欣赏鹰眼单方面的屠杀。 反观人类阵营这边，一个个无奈摇头叹息。这年头，一级的废物都这么有勇气的吗？就算你再有勇气，也得分场合啊！显然，在他们看来，陆云与鹰眼交手，丝毫没有胜利的希望。轰！然而，就在他们纷纷感到陆云可笑的时候，一声响亮的气势爆炸声从空中传来。抬眼望去，此刻陆云周身肉眼可见的灵气缠绕着他，就算离得很远。 也让人们感到一种无形的强大压迫感。众人一阵疑惑，不明所以。而那鹰眼却猛地双目圆睁，此刻的他像是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东西一样。你你也是，指着陆云，鹰眼说话都不利索。陆云脸色平静，淡漠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看来你选择了让我动手去取。既然说话不利索，那你这辈子都别说了。”嗖，一道破空声响起，陆云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在出现时。 已经站在鹰眼的正对面，手中那柄紫色的三叉两刃刀不知何时已经刺穿对方的身体，鹰眼心脏部位的后背，刺穿出来的三叉两刃刀上面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液。这一切发生的太快，就连鹰眼他自己也反应不过来，感受着越来越模糊的意识，鹰眼指着陆云，两只眼睛瞪得像铜铃：“你，你……呃，终究他还是没能说完一句话，脑袋耷拉着，咽气了。”周围的异兽看着这一幕，一瞬间。 亡魂皆冒！哎呀，殷大人死了！殷大人死了！那猿猴捂着脑袋，四处乱窜，想要逃离这恐怖的现场。妈呀，这家伙太恐怖了！快跑啊！嗷呜嗷呜，嗷呜跑啊！再不跑就没命了！在那猿猴的带动下，四周的异兽也是呐喊着逃命。一瞬间，现场乱作一团。想走？陆云冷眼扫视了一圈异兽，背后的翅膀陡然扇动，呼！嗖嗖嗖！ 一道道破空声突地响起，那猿猴还没来得及跳到下一棵树上，砰，脑袋碎成血雾，身体重重落在地上。砰砰砰，随着一道道气剑飞出，四周异兽的头颅相继爆裂开来，须臾之间，血流成河。在场的人类看着这血腥的一幕，也是毛骨悚然，不敢说话。第六十七章混沌青莲台，在场的人类当中有认识陆云的，此刻他们内心复杂。 个个羞愧地低下了头，这还是那个跟在李静怡后面唯唯诺诺的一级废欺灵师吗？他们不敢加“废物”二字。如果说陆云是废物，那他们连废物都不如，甚至垃圾也算不上。更不用说陆云现在是他们的救命恩人。而那些不认识陆云的，此刻无一不睁大着双眼，眼中满是敬畏与感激，当然也有一丝丝的愧疚，那就是刚才听信了别人的话，心里面瞧不上陆云。不管是认识的还是不认识陆云的。 此时此刻，他们心里面都是同样的震撼，波澜不惊。面对那一只鹰首异兽，他们连还手的勇气都没有。然而眼前这个人却以雷霆之势便将他击杀，这等实力何其强悍！他们根本没有资格小瞧对方，甚至连跟对方道谢的资格都没有。陆云并没有理会众人的表情，而是看了一眼积分面板：人类一千三百二十加两千六百四十二等于三千九百六十二，62, 个人积分两千六百四十二，异兽。 一千二百九十减五百四十一等于七百四十九，积分遥遥领先。刚刚这一波，不仅将追击任务奖励的两千积分拿到手，甚至连鹰眼手上的五百四十一积分也全部拿了过来。除此之外，包括周围的异兽积分也被自己收入囊中。陆云将手上的三叉两刃刀抡了一圈，随即抛向空中。只见那三叉两刃刀在空中转了几圈之后，砰一声清脆的响声传来，叶凝霜退出了幻化状态。只见他落到地上。 踉踉跄跄，差点没忍住摔了个狗吃屎。好不容易稳住身形，叶凝霜左手叉腰，瞪着一双卡姿兰大眼睛，指着陆云右侧的空气，一脸愤懑埋怨：“本小姐好歹也是三阶 S 级器灵，你能不能温柔点啊？”她身体摇晃着，显然有点崩溃。看着这一幕，所有人瞬间哑然。叶凝霜，三阶 S 级器灵，竟然心甘情愿给陆云当候补？这，这可是南疆所有年轻人心目中的女神啊！ 这家伙竟然还不知道怜香惜玉，可恶啊！不给他们活路啊！看着摇摇晃晃的叶凝霜，陆云也是心里哭笑不得。他并非是刻意捉弄叶凝霜，而是想训练叶凝霜的适应力。这家伙既然铁了心要跟自己，那肯定不管哪方面的表现都要跟上自己的节奏。表现得不错，就是这方向辨别感还有待加强。扑哧！听到陆云的话，又看着指着空气抱怨的叶凝霜，背后的上官清雪忍不住一声轻笑。 没等叶凝霜说话，陆云继续开口说道：“这些积分就当做你的奖励吧。”说着，陆云便将自己的两千六百四十二积分划给了叶凝霜。这时，叶凝霜才有些恢复过来，看着自己手指的方向和陆云所在的位置相差了四十五度，心里面顿时一阵尴尬，转而面向陆云：“看在这些积分的面子上，本小姐就不跟你一般见识。”话虽然是这样说，但是心里对陆云的所有抱怨已经烟消云散。 在听到陆云是在刻意训练自己的时候，心里反而还有一些激动与兴奋。就这意思，对方是答应自己跟着他的请求了。走吧，周边的异兽应该还有很多，趁这个机会多收集点积分。陆云说完，纵身一跃便离开了。叶凝霜见状，也是化作气灵状态，射向陆云手中，留下所有人在风中一片凌乱。这一切发生的太过突然，同样结束的太过突然，没有让他们有一丝防备。 一场看似要引发双方阵营提前决斗的战斗，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被陆云轻松解决。与此同时，在另一个方向，和倭国人一起寻宝的火麒麟也找到了自己的目标。此刻，他们正在一个山洞里面，眼前是一只蛟龙灵兽的尸体，脑袋已经被捏碎，只剩下光秃秃的一截身子瘫在地上。显然，灵兽的兽核已经被火麒麟收入囊中，就连这只蛟龙守护的宝物，此刻也被火麒麟拿在手里端详。那是一个青绿色的莲花台。 浑身晶莹剔透，宛如水晶打造而成。此刻周身散发着浅绿色的光芒，看上去就不是凡品。这就是混沌青莲台。目光贪婪地看着手中的莲台，火麒麟有些激动、兴奋地向身边的倭国人确认。靠得最近那个倭国人也是有些激动与兴奋，冲着火麒麟惨笑道：“是的，火麒麟大人，用灵气催动莲台，坐到上面可以提升修炼速度，并且莲台内的莲晶可以大幅度提升实力。火麒麟大人。” 您若是将那连晶炼化，定能突破到六阶。倭国人说话的那副表情，就像是他自己获得这件宝物一样。火麒麟听着也是满意的，点了点头。很好，你们做的。突然，通告：追击目标已被成功击杀，人类阵营获得两千积分奖励。宇宙裁判那洪亮有劲的声音响彻天际，火麒麟的话音也戛然而止，身子也是愣在原地，双目圆睁，脸上充满了不可思议的表情。 四阶 SSS 级的鹰眼就这么没了？人类阵营当中最高的不就是三阶 S 级吗？难道他们也有隐藏等级的存在？可是根据异兽的情报，人类根本不可能有能够发现隐藏等级的方法，更不可能成功将隐藏等级的气灵师或者气灵成功发掘出所有的潜力。但是除了这个原因，似乎就找不到合理的理由了。四想到这里，火麒麟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那就太恐怖了。 人类本身就是万物之灵，若是让他们找到发掘隐藏等级的方法，那么以后的副本异兽可就不能像以前那样顺利了。想到这里，火麒麟打开了副本面板。人类一千三百二十加两千六百四十二等于三千九百六十二，62, 归属积分六百零一；异兽一千二百九十减五百四十一等于七百四十九。看着远远落后人类阵营的积分，火麒麟脸上露出凝重的表情。你们先出去，守在门口，我要在这里炼化炼金。 火麒麟越想越不对劲，索性先将自己的实力提升上来，以此来应付最后的决战。身边的倭国人和异兽自然不敢违背火麒麟的命令，全部都退了出去。山洞中只剩下火麒麟一只异兽。哼，我倒要看看你是什么样的人物。第六十八章，陆云，我也要变强。就在火麒麟正在突破的时候，陆云带着上官清雪与叶凝霜三人一起，在之前红光出现的附近，已经清剿了几支异兽队伍。 原本之前几人就见过，加上上官清雪对叶凝霜的印象也挺好的。之前在对付秦风的时候，叶凝霜还善意提醒了一下自己，所以几人的关系相处的还算融洽。即便上官清雪知道叶凝霜是奔着跟陆云契约的，不过那没关系，自己始终是老大，占据一定的主导地位。轰！突然，远处的一座山峰传来一声巨响，几人同时看去，一道七彩光柱从天而降，直直映射在那座山峰顶上。 这是高阶异兽突破引发的异象，五阶及以上阶位的突破都会引发这种异象。陆云眼神微眯，注视着那道光柱，这气息应该是六阶异兽。听到陆云的话，叶凝霜当即愣在原地。三阶副本怎么可能会有六阶的异兽出现？闻言，上官清雪注视着那道光柱，喃喃开口：“那异兽应该是使用了什么手段，隐藏了自己真正的阶位？他自己本身也是五阶器灵，能够出现在副本里面。” 他一直以为是因为陆云主动开启副本的原因。听到上官清雪的话，陆云也是微微颔首，表示认可。的确是有这样的手段，跟我们隐藏的等级一样，可以瞒过宇宙裁判进入到副本里面。而宇宙裁判的任务主要是将人传送进入无尽副本，之后的一切便与他再不相关。实际上，陆云并没有告诉他们实话，自己能够看穿别人隐藏等级的事情，他不想让第二个人知道。叶凝霜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也是一副将心就意的样子。 那这样的话，这次副本我们岂不是输定了？说着，那双清澈明亮的卡姿兰大眼闪过些许迷茫。陆云见状，脸上露出不以为然的表情：“六阶而已，小问题啦。他自己本身就是九阶气灵师，上官清雪也是五阶气灵，再加上三阶 S, S 级的叶凝霜，对付那只六阶异兽并无压力。”听到陆云的话，叶凝霜眨巴着一双大眼：“陆云，你到底是几阶气灵师啊？”陆云的资质等级。 他知道是 S S S 级，但是陆云的阶位，他始终看不出来。看着对方一脸好奇期待的模样，陆云笑着冲他比了一个九的手势。九阶，有模有样的学着陆云比的手势，叶凝霜瞪大着双眼，转而看向上官清雪，试图得到对方的确认。上官清雪也是一脸笑着，冲着他点了点头。我的阶位和等级能够得到提升和变异，完全是因为他的原因。说着，与陆云相视一笑。得到上官清雪的肯定之后。 叶凝霜瞠目结舌，目瞪口呆，心中波澜壮阔。显然，他知道陆云强，但不知道陆云这么强。自己比起陆云差了整整六个大阶位，更不用说资质等级，太打击人了。唉。对了，突然，叶凝霜想到刚才上官清雪对自己说的话，跑到陆云身旁，一双手摇晃着陆云的胳膊，同时一双大眼睛闪烁着期待看着陆云。云哥哥，人家也想跟清雪姐姐一样。 提升自己的实力，不给云哥哥你拖后腿。你看你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呀？嗲声嗲气的模样，就像是一个软糯糯的小女孩，可爱天真，什么也不知道。当然，他的确不知道，上官清雪是因为与陆云深度契约了之后才得到的提升。扑哧，看着一副天真烂漫的叶凝霜，上官清雪忍不住笑出声来，同时也是将视线看向陆云，想要听听他怎么回答。而此时的陆云内心哭笑不得。 这个还真无能为力，的确如此。更为重要的是，陆云并没有要与叶凝霜契约的意思，毕竟他跟上官清雪不一样，不是隐藏的 S S S 及器灵。听到陆云的回答，叶凝霜显得有些失落，跑到上官清雪身边，摇晃着她的胳膊：“清雪姐姐。”此时此刻的叶凝霜真的就像是一个小女孩一样，就连上官清雪看了也感到很是可爱。你担心什么啊？天天跟着他，还怕他抛下你不管？ 上官清雪笑着看向陆云，同时心里面也做了一个决定。他知道陆云是随时随地可以契约第二器灵的，不但如此，他契约器灵的数量并没有限制，只不过是他现在还不知道而已。具体原因就是因为那本无相，陆云没看懂，但是上官清雪看懂了。这也是为什么当时上官清雪看到那本无相的时候会产生失落的原因。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他决定等到这次副本结束，就教陆云看懂那本高级技能。 陆云太优秀，不能只是他一个人的。听到上官清雪的话，叶凝霜恍然大悟的点点头。至于陆云，则是一脸问号看着上官清雪。这丫头这么开放的吗？虽说这叶凝霜不是隐藏的高级器灵，但怎么说也是 S 级，或许通过这次副本还可以是 SS 级。加上人也长得漂亮，是自己喜欢的类型。想想陆云竟然有些激动，在这站半天了，咱们去会一会这个六阶异兽吧。 陆云这才想起，话题好像被扯远了。听到陆云的话，二女顿时化作气灵状态，朝陆云飞去。须臾之间，一个长相英俊的男人背负一对七彩流光的翅膀，手握紫金色的三叉两刃刀，倏地腾空而起，朝着刚才七彩光柱的那座山峰飞去。如今人类的积分已经远远领先于异兽，陆云也可以腾出时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没一会儿，陆云便来到这座山顶上空，向下看去。 有几十个黑影出现在视野里面，有人有异兽，三两成群，相互欢声笑语的聊着，似乎在为什么事情而感到高兴。不用想，陆云也知道，他们之所以这样高兴，肯定是因为洞中的六阶异兽。既然如此，那自己就再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惊喜吧。第六十九章三人组初次作战，有戏！火麒麟大人成功突破，这一次副本尽在掌握之中啊！太酷啦，等异兽大人们拿下这场副本。 我们也可以分到夏国的国运，爽！瞧你们那副没出息的模样，只要你们倭国跟着我们好好混，好处自然大大的。多带我们找一些珍宝，我们强大了，你们也跟着强大不是？对对对，异兽大人，你们说的都对，我们倭国誓死追随异兽。哈哈！山洞前，等待火麒麟出关的倭国人跟异兽正在一脸激动的聊着。突然，咦，你们看那是什么？一个倭国小胡子突然指着天空发出一声惊呼，剩下的抬头望去。 只看到天空上的空气好像有什么透明的东西一样，这是雨？操，是冰刀？好像不是，这究竟？最后一个说话的倭国人声音戛然而止，瞬间轰然倒在地上。众人这才看清楚，一柄透明锋利的宝剑将他的身体从头顶刺穿。嗖嗖嗖！还没等他们从错愕中惊醒，一道道破空声从头顶传来。卧槽，雅灭蝶，是剑雨！快跑！瞬间，现场一片混乱。 不管是倭国人还是异兽，都拼了命地向四周散开。然而，他们显然小瞧了上官清雪“落日余晖”的技能覆盖范围，尤其是在陆云的灵力加持下，覆盖范围更加广阔。啊！嗷、啊、呜！哦、顿时，人与兽的惨叫声响作一团。不管是倭国人也好，还是异兽也罢，没一会儿便被这漫天的箭雨给刺穿身体，轰然倒地，没了生机。山洞中的火麒麟听到外面的动静，也是第一时间赶了出来。 然而，映入他眼帘的，是数十巨人与同类的尸体，横七竖八，四仰八叉，一个个瞳孔微缩，绝望地望着天空方向。火麒麟抬头望去，却是看到了一个黑点悬浮于空中，眼神微眯。火麒麟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个人。阁下既然已经来了，就请下来吧！火麒麟冲着空中大喊，语气中蕴含着愤怒。听到他的呼喊，空中那人快速落了下来。刹那间，一个背负翅膀。 手持三叉两刃刀的年轻人出现在火麒麟的对面，此人正是陆云。他所说的惊喜，就是突兀之间请这群倭国人跟异兽大宝剑。火麒麟微眯着眼注视着陆云，发现对方不过是一个三阶一级的气灵师而已。他的气灵背上的那对翅膀是 F 级，唯一上得了台面的就是手中的那柄三叉两刃刀。只不过他与那三叉两刃刀之间并没有契约关系。看来，出手将自己同类杀掉的人。 就是那个三叉两刃刀的器灵，同样，陆云负刀而立，也是注视着火麒麟。异兽名称：火麒麟。异兽资质：三阶 A 级。天赋技能：威震八方。威震八方，战斗时对敌人造成威压，弱化敌人实力，同时自身各方面性能加成百分之三十。战斗技能：焚山逐海。高级：缚龙锁，焚山逐海，朝目标区域发动火攻，焚烧目标区域所有敌方单位。缚龙锁。 利用自身触须束缚敌人，让敌人任由自己宰割。异兽武器触须，原生武器，武器技能烈火鞭挞。烈火鞭挞，蓄力三秒，对目标区域内敌人控制抽打，造成持续流血效果。隐藏等级六阶 S S 级，隐藏进化路线：火麒麟、地狱麒麟、上古麒麟、麒麟至尊。致命弱点：脑袋气孔，怕火。果然，又是一只隐藏等级的异兽。看了一眼火麒麟背后的山洞洞口。 陆云心中料定，这家伙之所以能突破，肯定是在这洞中获得了什么至宝。把你身上的宝物交出来，我可以给你个痛快。目光淡然的看着火麒麟，陆云语气平静的说道。火麒麟闻言，嘴角上扬，顿时一脸不屑的神情看着陆云。区区几个废物而已，真以为杀了几个小兵小将就有资格在我面前放肆吗？说着，火麒麟触须上扬，在空中挥舞着。陆云眼神一凝，对方这是打算动手了。正好。 刚好可以磨合三人组合，树果然那两根触须挥舞片刻，便像两根鞭子一样，猛地朝陆云这边劈了过来，眼看就要劈到身上，陆云凌空跃起，身体刚好与那触须擦肩而过，啪，轰，那两根触须拍打在陆云刚才站的位置，瞬间地面就被劈裂开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趁此机会，陆云手握三叉两刃刀，朝着火麒麟飞去。哼，火麒麟见状非但不慌。 反而冷哼一声，随即便朝着陆云方向发动自己的焚山竹海。轰隆隆！瞬间，一团熊熊烈火朝着陆云扑面而来。感受到滚烫热浪迎面而来，陆云背后翅膀扇动，带着陆云瞬间飞到上空。然而，那火浪也是骤然暴起，宛如一条火龙紧追陆云不放。陆云本能的想抡起叶凝霜幻化的三叉两刃刀去抵抗，却突然想到对方才是三阶气灵，承受不了对方这滔天火焰的攻势。 于是便向上官清雪输送灵气，将速度提升一个层次。嗖、so,，一道破空声传来，陆云俨然甩开了那条火龙，傲然悬浮于空中。陆云突地想到了第一次副本里面的牛头怪，那家伙使用的死亡镰刀好像是一件极品武器，极品武器相当于 S 级实力。若是能够让叶凝霜炼化，想来突破应该不是问题。只是目前这情况，火麒麟肯定不会给叶凝霜时间。想到这里，陆云决定让上官清雪。 发动落日余晖压制火麒麟，咚！就在此时，突然一声洪亮的钟声响彻天际，紧接而来的便是宇宙裁判那充满威严的声音：“第一轮积分争霸赛结束，人类阵营获得领先。接下来进入副本擂台，异兽阵营选定代表挑战人类阵营积分最少者。”话音刚落，不待众人反应，一道道白色光芒便从天而降，将副本内所有人类跟异兽笼罩在其中。随即，大家只感到眼前一亮。 身体瞬间消失在了原地，算你小子走运，不过也只是苟活片刻而已。消失之前，陆云听到了火麒麟充满自信的声音。第七十章：兑换积分为零。等到视线再次清晰时，所有人类与异兽都出现在了副本擂台广场，一如之前一样，人类阵营与异兽阵营中间有一个光幕阻隔，无法跨越。此刻，叶凝霜与上官清雪已经退出幻化状态，三人站在一起。叶凝霜低着头，抿着嘴唇。 对不起，陆云，我拖后腿了。刚刚在与火麒麟交战的时候，他便感到陆云有些施展不开。综合看了一下二人的表现，叶凝霜心中自然反应过来，正是因为自己给陆云在那场战斗中拖了后腿。想到这里，叶凝霜像个犯了错的孩子一样，看着叶凝霜一脸自责的模样，上官清雪走上前去，拔起他的双手，贴心的安慰道：“没事，慢慢来。”叶凝霜顿时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嗯嗯，我一定会尽快变强。 争取早点不拖你们的后腿。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透露着坚定的光芒，看着这温馨的一幕，陆云心里面有些哭笑不得。上官晴雪这丫头，看来已经提前接纳了叶凝霜了，真懂事。拿出死亡镰刀，陆云将它递给叶凝霜，这相当于一把 S 级的武器，你拿去炼化一下，对你会有所提升。看着陆云递过来的武器，叶凝霜顿时眼前一亮，来了精神。哇，我的最爱！谢谢你，陆云。 取过陆云手中的死亡镰刀，叶凝霜爱不释手，原因无他，只是因为这是陆云送给自己的。之后，陆云就不再理会二人，转过头看向异兽阵营那一边，他隐隐约约能感觉到，接下来将是一场恶战。他们不知道的是，有一双眼睛一直盯着他们这边，正是李静怡。此刻的他蓬头垢面，一脸狼狈，似乎是刚经历过一场失败的战斗一样。原本他卖了叶凝霜之后，一开始相安无事。 并且还遇到了同阵营的伙伴，一开始一切都还顺利，却没想到突然又遇到一只 S 级异兽，一只 S 级的狼，给他们一顿胖揍，将他身边的队友全都杀了。要不是宇宙裁判这无尽副本擂台来得及时，他此刻已经被子里那匹狼给 xo 了。再看到陆云与上官清雪三人一副温馨模样，这令他很是不爽。自己如今的局面，归根结底就是陆云给害的。出去以后，一定要将陆云的暴行告诉秦家。咚。 一声钟声响起，再次强调副本通关规则。通过之前的积分争夺，目前人类阵营领先，异兽阵营持有积分最多者可以消耗积分提升自己阶位或者资质，申请与对方阵营对决的机会。可申请对决对象持有积分最少者。副本通关后，胜者方所有成员手上的积分也会转变成相应的升阶经验。除参与对决者，其余人副本结束前禁止兑换奖励。兑换提升一阶，一百积分。 提升二阶，二百积分，以此类推，最高可提升四阶。资质提升一级，一百五十积分；资质提升二级，三百积分，以此类推，最高提升三级，且提升不超过 SS 级。对决胜出者可获得额外奖励，所有积分持有者无条件贡献三分之二的积分给到胜出者，对决失败阵营的积分全数给到胜出者。现在，异兽阵营决定出战选手，走到擂台。宇宙裁判声音落下。 那火麒麟纵身一跃，落到擂台上，一双犀利的眼睛扫视着人类阵营这边，像是在寻找自己的敌人。接下来，我会将人类阵营积分最少的人传送到副本擂台。咻，一道天光落下，将陆云、无上官清雪包裹在其中。不一会儿，两人便出现在擂台之上，与火麒麟对峙在一起。直到现在，叶凝霜终于知道为什么陆云会把所有积分划给自己。原来他只是想确保自己积分为零，出战异兽。 为这次副本兜底，从一开始他就已然做了决定。可笑的是，人类阵营这边，罗大友他们竟然还把陆云当做敌人，竟然召集大家一起要去诛杀陆云，多么讽刺啊！他们嫌弃厌恶，想要除之而后快的那个气灵师，在面对同类的击杀与嘲讽，还要将整个南疆的未来默默的背负在身上，这样的人是值得所有人去尊敬的。想到这里，叶凝霜再也忍不住，两行热泪夺眶而出。 其他人在看到是陆云上场以后，瞬间就感觉这一把稳了。陆云在副本里面的表现早就被传开了，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陆云只要见到敌人，那都是一招秒杀的。唯独李静怡看着陆云的眼神中透露着恨意，心中巴不得陆云被异兽撕成碎片给吞了下去。即使副本输了又如何？陆云死了对他来说就是天大的喜事。一旁的叶凝霜整理了一下情绪，边冲着陆云加油打气：“陆云，青雪姐。” 揍扁他！慷慨激昂，满是泪花的眼睛里充满期待。其余众人听到叶凝霜的话，也是跟着他一起加入拉拉队的阵营，加油，陆云！加油，陆云！加油，陆云！每个人都卖力喊着，希望以此来弥补他们心中对陆云的愧疚。这一刻，陆云的努力得到了所有人的认可。上官清雪转过头，笑着看向叶凝霜，示意对方放心，同时也扫视了一眼众人，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这一刻，所有人都觉得上官清雪原来是那么美，尤其是带着笑容的上官清雪，更是貌如天仙，不可方物，令人窒息。然而，接下来宇宙裁判的声音令所有人心惊胆战。接下来，请开始积分兑换。异兽参赛者持有积分六百零一，1, 人类参赛者持有积分零。此话一出，人类如坠冰窖。陆云的积分为什么是零？这时，所有人这才反应过来。 看着手中视如珍宝、为数不多的积分，狠狠的给了自己一巴掌。因为他们对积分的痴迷，让陆云为了确保能参加最后的对决，舍弃掉所有积分，是他们拖累了陆云。而那火麒麟则是一脸冷笑：“看吧，这就是人类，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勾心斗角，玩弄心机。”哈哈，我就不客气了。不知道十阶的我，你又如何应对呢？第七十一章开战。听到火麒麟的话，陆云眉头微皱。 自己在资质上是领先于对方的，阶位却比对方低了一阶。显而易见，这是一场不怎么公平的对决。不过还好，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通过系统，陆云知道火麒麟的两个弱点，一个是脑袋上的气门，另一个是火。想到这里，陆云内心暗笑：这家伙怕火，但是他又要玩火，那就注定要自焚。与此同时，那火麒麟正在兑换自己的积分。他本不屑于兑换积分来获取决斗的胜利。 陆云他们一对 E.F 组合根本没必要放在心上，但是捕猎者喜欢玩弄猎物，这是狩猎的本性。他要让这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体会到什么叫做绝望。飒一道气浪从火麒麟身上散发出来，直冲天际。一瞬间，七彩霞光汇聚在他的头顶，狂风大作。显而易见，天空中的异象正是火麒麟兑换阶位成功引发的。所有人看着这火麒麟引发的异象，脸上浮现出惊恐的表情。 这高阶异兽突破阶位的表现，这不是三阶副本吗？怎么能有超过五阶的存在？死那家伙还能给我们制造惊喜吗？这一刻，所有人将所有的希望寄托在陆云身上，期待着他能再次创造奇迹，否则他们注定死无葬身之地。就连李静怡脸上也露出惊恐的表情。之前只要陆云死，他也可以跟着死的勇气已经荡然无存。真到了看到死亡的时候，他的心里是逃避畏惧的。 此刻，他心里竟然默默的祈祷陆云能够创造奇迹。天呐，破天荒！飒，又是一道气浪从火麒麟身上散发出来，又突破了。天呐，这也太快了吧！你看副本说明吗？积分能够兑换不超过四阶的阶位提升。那只畜生六百的积分呢？那这不就意味着这只异兽最低也是九阶？绝望一下子充斥着整个现场。陆云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是九阶吧？ 就算陆云是九阶，万一这只异兽是十阶或者更高呢？就连对陆云满怀信心的叶凝霜也站不住了，急得在原地直转悠。怎么办？撒撒！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接连两次突破的气浪从火麒麟身上再次传来，引发的天地异象更甚，七彩霞光也比之前更为浓郁。反观陆云一动不动，只是静静的站在擂台上看着火麒麟表演。异兽阵营此刻已是欢呼声不断。 更有一些倭国的气灵师跟气灵脸上的喜悦激动，比起异兽有过之而无不及，似乎突破的是他们自己。尤其这次副本异兽阵营大大低，胜券在握，看人类阵营那边那傻子，啊哈哈，连兑换的积分都没有，不愧是 E F 组合的废物，积分最低的果然是最垃圾的，哈哈。就是真以为积分领先就可以获得胜利了吗？那些积分都是我们的火麒麟大人，一会儿要胜利的时候手下留情。 那些女的，我们很感兴趣。哦豁，嗷呜，嗷呜！与人类阵营不同，此刻的异兽阵营欢呼雀跃，尖叫不断。在他们眼中，人类这边已经是待宰的羔羊。人类阵营的人们在看到对方的嚣张气焰，只能忍气吞声。他们说的没错，此次副本取胜的希望已经渺茫。原因无他，都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自私。如果能够允许，他们宁愿交出所有的积分给陆云，让陆云突破提升，增加副本的获胜几率。 只可惜，这个世界没有后悔药，也没有时光机。此刻，他们一个个低下了头，静待最后时刻的到来。就连叶凝霜也是怔怔地望着陆云的背影。九阶对十阶，天差地别。陆云，他能创造奇迹吗？自己真是该死啊！那些积分应该全部分给这些人的，这样陆云就有积攒积分的空间，就不会像现在这么被动。擂台上，火麒麟一脸狞笑，脸上表情十分嚣张，静静地看着陆云跟上官清雪。 就像是一只猫盯着两只老鼠。见此情形，陆云轻声问向上官清雪：“小雪，害怕吗？”闻言，上官清雪一双清美的眸子看着陆云，含情脉脉：“跟你在一起，我什么都不怕。这么多年以来，陆云是第一个给她希望的人，同时也是唯一一个。”情不知所起，生死相随。陆云微笑着：“放心，我不会让你失望。我答应你的事情还没有完成，一会儿你全神贯注，与我保持心意相通就好。” 其他的就交给我。”说着，陆云脸上露出坚定的神情，眼神也变得坚毅起来。旁边的上官清雪深受感染，也是变得斗志昂扬。你们俩做好最后的诀别了吗？”火麒麟看着惺惺相惜的两人，脸上露出讥讽的表情。这种时候的确是该做诀别的时候，一会儿过后就再也没机会了。闻言，陆云转向火麒麟，似笑非笑的看着对方：“你这是等不及，催着我送你上路吗？”此话一出。 异兽阵营这边全场哗然，这家伙谁给他的勇气敢这么说话的？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吗？人类阵营这边一个个看着地面的目光瞬间抬起，落到陆云身上。难道真的有惊喜？此刻的陆云竟然让他们有了一丝底气。就连李静怡恍惚的眼神看着陆云，这家伙又是这副表情。如果他真的能将那只异兽击败，那是不是意味着他不再是那个资质只有一级的废物？ 那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看走了眼？叶凝霜同样是眸子一亮，对，就是这种感觉。陆云每当展现这种姿态的时候，就意味着他有必胜的把握。哈哈！擂台上，火麒麟不怒反笑，对他而言，陆云这不过是弱者死亡之前发出的怒吼一样，弱小且无助，把所有愤怒与不甘发泄出来，似乎那样死的时候能坦然一点。好了，是时候送你们上路了。你放心，你的这个伴儿。 我会多让他多活一会儿，毕竟这么水灵灵的气灵，我也很感兴趣呢。说着，火麒麟看向上官清秀的眼神闪烁着邪恶的火焰。第七十二章出其不意。火麒麟话音刚落，咻<秀>！上官清雪马上幻化气灵状态附到陆云身上。按照陆云的嘱咐，上官清雪此刻完全处于空灵状态，将所有的支配权与决策权全部交给陆云。火麒麟眼神微眯，目光戏谑的看着陆云。这一刻。 他想到了戏耍陆云的方法，感受着体内磅礴的灵力，火麒麟挥舞着两条胡须。没错，他开始蓄力了。而另一旁，陆云左手背负而立，右手中灵气波动，徐徐缠绕，逐渐凝聚成一柄通体透明的利剑。利剑出现的瞬间，寒气逼人。嗡，剑鸣之音向四周扩散而去，闻之令人心神颤抖。持剑而立，陆云与火麒麟四目相对，大战一触即发。快看！ 要开始了，不知道谁惊呼了一声，所有人目光齐刷刷注视在陆云身上，饱含期待，期待着陆云能够给他们创造奇迹。反观异兽阵营，每一只异兽脸上的表情都尤为轻松，尤其是那些倭国人，目光戏谑的看着叶凝霜他们，一个个嘴角上扬，脸上尽是讥讽的神情。火麒麟拿下那对 E F 组合，轻轻松松。吼！Oh, 突然，火麒麟一声吼叫，顿时响彻天地。 叶凝霜他们也被这声吼叫震慑住心魂，战斗打响了。只见火麒麟那一对触须张牙舞爪，冲着陆云所在的区域瞬间砸了下去。陆云眼疾手快，纵身一跃，向后退去。轰！噼里啪啦，刚刚陆云所在的位置地面瞬间破裂开来，凹凸不平。所有人看着这一幕，纷纷忍不住替陆云捏了一把汗。刚刚火麒麟的攻势速度极快，换作是他们根本不可能避开。没想到陆云竟然避开了。 这一刹那间，他们都看到了希望的光芒。突然，那火麒麟的下颌猛地伸出一根触须，速度极快，电光火石之间已经逼近陆云的身体。这是火麒麟突破到石阶新长出来的触须，他要用这根触须杀陆云一个措手不及，在陆云防不胜防的时候，将他的身子束缚住，再发动自己的烈火鞭挞，尽情地将对方鞭挞在自己的两根触须下。看着这突如其来的触须，陆云也是感到意外，不过他并不慌张。 手中透明的器剑冲着那触须一剑斩下，当一声刺耳的金属碰撞声响起，那根触须竟然被陆云弹回去了。随即，陆云将那器剑竖立于胸前，悬浮立于空中，双手张开，仰着头，在阳光的照耀下，在这冰天雪地的天地之间，陆云宛如一位黄金战神，即将发动自己强有力的攻击。所有人在这一刻都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击威力无穷。落日余晖，随着陆云一声暴喝。 身后的翅膀跟着陆云的手势一起向后张开。叔地，陆云双手猛然合并，双手合十之处，掌尖直指火麒麟。那火麒麟眼神微眯，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哼，装神弄鬼。”话音刚落，便看到漫天的气剑朝着自己袭来。作为十阶异兽，他能感应到那满天的杀意跟威能，当即眉头微皱，眼眸一沉，催动灵力，准备发动焚山逐海抵御。然而。 那些器件的速度显然超过了他的预期，须臾之间便已逼近身前。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火麒麟也感受到了一股浓浓的死亡之气在逼近。此刻他才意识到，对面的这两个家伙根本就不是什么 E F 级组合，相反，他们的实力与自己有种不相上下的感觉。只是此刻想要避开这漫天气剑的范围已然不可能。火麒麟脸上的表情愈发凝重。异兽阵营的倭国人跟异兽们看着这倒反天罡的一幕。 顿时感到不可思议，那满天气剑若是换做他们，根本不可能避开，只能等死。这什么情况？此刻他们脸上的轻松与惬意已经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张愁云惨淡的面容。人类阵营与之则不同，之前脸上的担忧一扫而尽，每个人脸上是一种兴奋与激动，尤其是叶凝霜表现最为强烈。陆云似乎就又要创造奇迹了，只要那些气剑落到火麒麟身上。 那火麒麟定然葬身剑海，近了，越来越近了。所有人屏气凝神，都期待着那一幕赶紧到来。轰，铿铿锵锵，急速响亮的金属碰撞声传来。终于，漫天器剑尽数落到了火麒麟的身上。做到了，他做到了，他创造了奇迹。诱惑赢了，我们赢了。这么突然的吗？我还没准备好接受我们胜利的消息。人类阵营欢呼雀跃，他们好像不用成为异兽的养料了。 这是件多么值得高兴的事情，就连一直希望陆云死的李静怡，心里面也顿感轻松，同时看向陆云的眼神也变得复杂起来。这实力已经不可能是 E F 组合了，难道自己真的瞎了眼？天呐，要真是那样的话，自己错过了什么？叶凝霜激动的热泪盈眶。陆云依旧是陆云，就是那么强，就算全世界与他为敌，他也默默将守护人类的重任扛在自己的肩上。这样的人，不就是自己心仪已久的盖世英雄吗？ 局势瞬间反转，之前欢呼雀跃的异兽此刻变得低迷起来。怎么可能？火麒麟怎么可能会输？这一定不是真的！所有异兽不约而同的看着那气剑攻击的地方。陆云保持着攻势的同时，目光同样锁定在火麒麟的位置。他并没有像其他人一样神态轻松、放松戒备，因为他隐隐约约感觉到了一股微弱的抵抗力量。就在火麒麟所在的位置，正在奋力抵抗着自己的攻击。突然，吼！ 一声惊天动地的吼叫声传来，随后一股浓浓的赤红色的火焰冲天而起，那火焰蕴藏着无尽威能，逐渐凝聚成一条火龙，龙头与陆云的漫天气剑硬汉在一起，似乎在拼命的抵抗着，压缩着陆云的气剑攻势。火龙末端正是火麒麟有些狼狈的身影，此刻的他一脸愤怒，看着陆云的目光充满着火焰。显然，陆云刚刚的攻击虽然没对他制成致命伤害，但也让他尝到了些苦头。嗷呜，嗷呜。 看着突然出现的火麒麟，异兽阵营这边再次欢呼雀跃；反观人类阵营，偃旗息鼓，之前的轻松惬意全然消失不见，一个个脸上挂着凝重的色彩。他们才反应过来，高兴得太早了。第七十三章，陆云败了。嗷呜嗷呜，嚯嚯嚯！我就说火麒麟大人怎么可能会打不过这俩废物人类？吓死宝宝了，差点我都以为要被当场抹杀了。放宽心，这场副本火麒麟大人手拿把掐。 瞧他们那副开心的样子，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真的赢了呢，哈哈！看着并无大碍的火麒麟，异兽阵营这边氛围活跃起来，一个个朝着人类阵营大声笑着，肆无忌惮。即便如此，人类阵营这边也没有再像之前一样绝望压抑，因为陆云刚才的那一道攻击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然而此刻，擂台上的陆云操纵着气剑与那条火龙对抗着，脸上神情严肃，并没有之前对付罗大友。 他们的轻松潇洒，地面上的火麒麟也是在逐步提升火龙的威能，想要借此来打探清楚陆云的真实实力。终于，在他使用全身九成力量的时候，找到了那个平衡的感觉。此刻，他已然明了，对方真正的实力处于第九阶位。哼，原来你的真实实力竟然是九阶！火麒麟嘴角泛起一抹弧度，看着陆云淡然说道。听到他的话，异兽阵营一阵唏嘘：这么年轻，九阶！ 资质应该也不低，最起码也是个 S，否则的话不可能避开刚刚火麒麟那一道攻击。难怪会那么嚣张，原来也是一个隐藏的怪物。那又如何？遇到了我们的火麒麟大人，同样是死路一条。人类这边同样惊叹不已。什么？他竟然是九阶？难怪会那么强。可是为什么看上去他的资质始终都是一级，就连阶位也还是一阶？不知道他应该是用了什么手段隐藏了。你想啊，一阶一级。 能发动那么强劲的攻击吗？可笑！闹了半天，那些对他喊打喊杀、说他废物的人，才是真正的废物。这才叫高手，低调不张扬，强劲有担当，不像有些人遇到危险只知道卖队友。此刻，大家反应过来了，陆云才是那个应该被尊重的人，那些对他仇深苦大的人，反而才是最可恶的人。听到周围的议论声音，李静怡脸色难看到了极点，有些话明显就是刻意说给他听的，然而此刻他却恨不起来。 因为他终于明白自己错过了什么，同时他也知道了为什么一个 F 级的彩虹马上关清雪跟陆云契约以后会变得那么强，并且第一次副本完全是靠着陆云独自一人的能力通关的，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资格与他分享副本奖励。原来他一直都那么强，如果这次副本能够获得通关，他一定要找到陆云，重新和陆云契约。嗯，李静怡决定了，陆云才是他的真爱，只要能契约，哪怕是深度也没有关系。 他此刻竟然很想知道陆云的长短了。倒反天罡，同样，叶凝霜在听到大家的议论之后，也是一脸欣慰。陆云用他的能力和行动，让那些曾经的敌人幡然醒悟，也让大家认可了他。只是眼下，他还能带着大家一起度过这个难关吗？擂台上，听到火麒麟的话，陆云淡然一笑。看来，想打你个措手不及是没有机会了。本来，这也是陆云原本的计划，利用火麒麟小看自己的心理。 发动一波强有力的攻击，结果没想到对方给防御下来了。眼看陆云被自己看穿实力，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火麒麟不高兴了。那接下来你准备受死吧！说着，火麒麟再无保留，倾尽全力朝着火龙输送灵气。轰！那条火龙瞬间膨胀好几倍，威能也比之前要强得多。此刻已经逐渐蚕食掉陆云的气剑，朝陆云逼劲去。完了，陆云好像顶不住了。 不知是谁突然一声惊呼，所有人这才发现那条火龙距离陆云只有咫尺之遥。刹那间，所有人脸上无比担忧，他们纷纷双手合十，静闭双眼为陆云祈福，希望陆云能扭转乾坤，将火麒麟击败。期间，他们还尝试着睁开眼睛观察擂台上的情况，结果每次一睁眼，那火龙就距离陆云又近了一些。就这么一瞬间，所有人脸上充斥着绝望。然而，火麒麟接下来的话。 令他们更绝望。才九阶你就那么嚣张？你要知道，我是十阶 S S 级异兽，在我面前，你们人类注定这次副本要失败。哈哈！这时，所有人才想起来，火麒麟是十阶 S S 级异兽，对付陆云的九阶根本不会有意外。就算陆云是九阶、SS、S S S 级麒麟师，也是希望不大。绝望、茫然、压抑，各种负面情绪充斥着人类阵营。叶凝霜也是紧闭着双眼。 为陆云祈祷。看着人类阵营这副模样，异兽们窝国人们笑了，肆无忌惮的耻笑。他们认为他们有资格这样笑的。火麒麟也不打算浪费时间了，使出全力将所有灵气灌注到火龙。轰！那本就身躯庞大的火龙体型再次暴涨，瞬间就要将陆云吞噬。哈哈，去死吧！看着这一幕，火麒麟放声大笑，催动着火龙急速吞没陆云身体。见此情形。 陆云嘴角微翘，他等的机会来了。只见他一动不动，就像是放弃抵抗一般，任由那火龙将自己吞没。须臾之间，陆云的身体已经消失不见。看着这一幕，异兽们欢呼雀起来，赢了，终究还是他们赢了。纵然有点小插曲，但并不影响最后的结局。反观人类阵营，一片死寂，输了，就这么没了。那个总是带给他们奇迹的家伙，也最终没能顶住。都是他们太自私。 没有提前规划好积分，否则的话，陆云也不可能那么被动。一时间，所有人低下了头，懊悔不已。李静怡急不可耐，琢磨着想要获得活下去的机会。看了看对面的倭国人，他突然想去倭国当老师了。叶凝霜双目紧闭，滚滚热泪夺眶而出。他跟陆云才刚认识，时间太短，有好多事情来不及做，有好多话来不及去说。他还等着陆云突破，与自己契约。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自私。 火麒麟也是一脸得意，他很庆幸宇宙裁判给了他提升实力的机会，否则之前在外面打起来，自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此刻在擂台上找战到最后的是自己，这就足够。火麒麟笑着与自己的同类欢庆，等待着宇宙裁判宣布胜利的消息。然而，宇宙裁判的声音久久未曾相识。同一时间，火麒麟也感受到了，有一股力量正在与自己的火龙抗衡。第七十四章，你请随意。砰。 能量爆炸的声响传来，现场无论是人意或是异兽，目光都不约而同看向擂台上火龙的脑袋位置，那一双双眼睛都露出诧异的目光。难道有变数？就连火麒麟看着那火龙头，也是眼神凝重，因为他能真切的感受到那股抗争的力量越来越强。轰隆隆！终于伴随着一声剧烈的响动，龙头瞬间爆裂开来，而陆云浑身上下被一道金光包裹着，虽然模样看上去有些狼狈。 但总体来说，并无什么大碍。看着突然出现在眼前的陆云，异兽阵营的成员都感到不可思议。火麒麟那道攻势如此猛烈，这家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而人类阵营这边，这时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与呼唤声。陆云牛掰，云哥威武，太他妈帅了！就连李静怡也是眼前一亮，脸上露出惊喜的笑容。尤其是叶凝霜，兴奋的原地直蹦跶。要不是他上不去擂台， 此刻已经冲过去，抱住陆云，狠狠地贴贴亲亲。咦，那火麒麟也是一阵惊疑，显然他也没想到，自己用尽全力的一击，对方竟然能够逃脱出来。有点东西，但也仅仅只限于此。看着有些狼狈模样的陆云，火麒麟脸上露出不屑的表情。那陆云见状也不恼，微微一笑：“你请随意。”原来，在火焰将陆云吞没的瞬间，陆云便操纵着上官清雪，不断的使用落日余晖。 用无数器件与他火龙抗衡在一起，从而也认证了心里面自己的一个想法，那就是只要自己能够提供足够的灵气，上官清雪的落日余晖出现黑色器件的几率以及数量都会大大提高。于是，陆云此刻心里面已经制定了一个击杀火麒麟的计划。看着陆云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火麒麟恼羞成怒，希望这一次你还有这么好的运气。说话间，火麒麟全身气息暴涨。 那没了头颅的火龙也愈发膨胀，轰，轰，轰！随着一阵阵火焰膨胀的火爆声响起，那原本消失的火龙脑袋再一次生长出来。好、哦，那火龙仰天长啸一声，凌空跃起，俯视着地面的陆云，两颗火红火红的眸子愈发闪烁，给人一种睥睨天下的感觉。陆云也是持剑而立，看着眼前的庞然大物，眼中并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有一种期待。不知死活！那火麒麟见状。 催动着火龙朝陆云掠去，吼<好>！一声龙吟响彻天际，那火龙张牙舞爪，张着大嘴，猛地冲向陆云。感受着那火龙强大凌厉的攻势，异兽阵营这边顿时手舞足蹈。我敢说，这绝对是最后一击，那人类小子此次必死。啧啧啧，该说不说，这家伙也算是个人物，没辱没这隐藏隐藏型选手的名头。可惜了，他遇到的是我们的火麒麟大人，不管是阶位还是资质，都是能够压着他打的存在。 在他们看来，这一场对决已经毫无悬念。反观人类阵营这边，所有人的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那火龙这一次的攻势比上一次更为猛烈，如果换作是他们，此刻已经被吓得瘫软倒在地上。这个家伙还能顶得住吗？如果我们人类能够团结一点，那我相信这次副本肯定是没问题的。这是必然。陆云怎么说也是九阶气灵师，哪怕他有二百的积分，都能够完全碾压这只畜生。此时此刻，他们这才幡然后悔。 提前复盘这次副本，或许这一击过后，他们将再没有机会。你这家伙不是一直很能打吗？不是一直都很能装吗？这一次你继续装下去啊！就连李静怡也希望陆云能够创造奇迹，并不是他对陆云完全改观，而是他不想死在这里。与李静怡不同，叶凝霜双,双手合十，诚心为陆云祈祷。陆云，你一定要顶住啊！目光死死的注视着那条火龙，叶凝霜全身神经紧绷在一起。 如果允许，他可以用自己的身体冲上去，替陆云挡住这一道攻击，给陆云制造反击的机会。其实人类阵营这边忧心忡忡，但那条火龙还是毫无意外的冲到了陆云的头顶。嗡、嗯，那火龙张着大嘴，冲着陆云一声嘶鸣，感受着一面扑来的巨大气浪，陆云眼神一凝，举起手中气剑，径直朝火龙口中飞去。看着这一幕，所有人都愣住了。那让人心生恐惧、想要避开的龙头，他竟然直接就冲了上去。 哈哈哈！嗷呜嗷呜！真是个愚蠢的家伙，不自量力。略微愣神之后，异兽阵营爆发出了铺天盖地的欢呼嘲笑声。陆云的这个举动，在他们看来就是飞蛾扑火，自寻死路。看着一个个笑得花枝招展的异兽，人类阵营这边反而是面如死灰，与他们形成鲜明的对比。或许陆云是想奋尽全力与天一搏，这种精神诚然可贵，但也要看时候啊。这种情形之下，肯定是要退而求其次。 先想办法避开那道火龙的攻击，再从长计议寻找破局之法。这么冲上去，无异于羊入虎口啊！就连擂台上的火麒麟脸上也露出讥讽的表情。这家伙怎么不把自己当回事吗？自己发动的攻击，火麒麟自然知道它的威力。刚刚那龙头一口下去，就算是与火麒麟同价位、同资质的对手，不死也是重创。而陆云接位才九阶而已，就算资质比自己高，那也是必死无疑。更何况他资质高于自己的概率。 仅仅只有那么一丢丢，火麒麟想也不愿意多想，已经认定自己赢定了。突然，那种熟悉的感觉涌上心头，火龙的身体中好像有一股力量在肆虐，不，不能说是肆虐，更确切的来说，应该是蚕食。火麒麟感受到那条火龙中的威能正在被一股神秘的力量逐步蚕食着，并且那种蚕食的脚步，自己竟然没有办法阻止，任凭自己如何朝着那火龙灌输能量，依旧是抵挡不了。 那股力量前进的步伐，死！火麒麟倒吸一口冷气，目光惊恐的看着那条火龙。第七十五章旁臂挡车。那个诡异的力量在火龙体内疯狂肆虐，然而火麒麟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即使他向火龙体内不停的灌输灵力，但那感觉就像是拿着一个注射器往大海里面滋水一样，主打的就是一个毫无反应。火麒麟疯了，再这样下去，自己的火龙就完全被对方给攻破了。于是。 他挥舞着触须，片刻之后，朝着那陆云在火龙中的位置不断的鞭挞，噼里啪啦。然而，依旧是一点用处都没有。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股力量为什么会如此诡异？一直以阶位占据上风的火麒麟，此刻也不免在心底发出灵魂拷问。突然，陆云距离自己越来越近了。不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想到这里，火麒麟决定放手一搏。既然对方不要命的冲进自己的火龙体内。 那自己也可以豁出性命与他拼上一拼。好，火麒麟暴喝一声，调转全身灵气，顷刻间全部注入到火龙体内，毫无保留。唰，那火龙身体一下子暴涨数十倍，已经完全将整个擂台笼罩。吼<好>！一声嘶鸣，火龙凌空跃起，快去在空中盘旋，挣扎着想要将体内的陆云甩出来。此刻，火龙体内的陆云也不好过，由于大量的灵气输出。 他的脸色看上去有些苍白，不过眼中神情依旧坚毅，握着气剑的手从未松动。无数道黑色气剑正在帮陆云推进着。终于，呲啦一声，那火龙身体从应声破碎，无数星火从天而降，缓缓落到地上，随风摇曳。同一瞬间，一道张开双翅、手握气剑的身影出现在众人眼里。此刻，佝偻着身体，大口大口喘着粗气。即便如此。 那坚定的目光依旧锁定在火麒麟身上。此时的火麒麟也好不到哪里去，刚才火龙爆裂反噬回来的力量也是全部冲击到他的身体。一时间，陆云与火麒麟就这样遥相对望着，再也没有谁发动进一步的攻击。原本欢呼雀跃的异兽阵营，在此刻也是宁静了下来，一个个脸上神情凝重，注视着场中的情景。他们能感觉得到，陆云跟火麒麟体内灵力已经枯竭，此刻就看谁能站到最后，用仅剩的力气将对方击败。 人类阵营这边，所有人都是眼前一亮。陆云破釜沉舟的计划好像是成功了，又好像是没成功。那只畜生还站在擂台上，胜负依旧未分。李静怡眼睛里也是露出了兴奋的目光，她似乎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并且她也感觉得到，陆云好像能够让她实现这个希望。此刻，她竟然生出一个坚定的意志，那就是如果陆云赢得这场副本，他会更加坚定与陆云深度契约的想法。他相信陆云不会拒绝他的。 毕竟他们之间爱过。一旁的叶凝霜虽然也是有些兴奋，但更多的是担忧。此时，陆云跟火麒麟的状态看上去都很狼狈，二人身上的气息也很萎靡。这种情况下，就看谁憋着最后一股劲了。擂台上的火麒麟也是阴沉着脸，表情凝重。他万万没想到，一个九阶的人类竟然能够将他逼到这一步。难道说，这个家伙的资质是 SSS 级？或许也只有这种可能才说得过去。 就在火麒麟思忖的瞬间，空中的陆云蓦然抬头，一双冰冷的眼睛注视着火麒麟，杀意盎然。见此情形，火麒麟也是脊背发凉，感受到了一股死亡的威胁。突然，空中的陆云手持器剑，剑锋直指火麒麟，催动着仅剩的灵力，陆云朝着火麒麟直直逼去。看着这一幕，异兽阵营所有成员亡魂皆冒。此前双方的较量已经将彼此的灵气耗尽。 如今就看谁憋着这最后一股劲了。显然，陆云似乎是最后憋了一股气的那个人。人类阵营这边虽然每一个人心里面都很兴奋，但他们都没有说话，没有任何表现，只是目光死死地盯着擂台上面。那一剑不刺穿火麒麟的心脏，人类阵营就不是胜利的一方。不过再看陆云的那个状态，想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所有人屏气凝神，脸色激动地注视着陆云，神情之中带着期许。 期待着陆云那一剑刺穿对方的身体，眼看陆云的气剑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异兽就越来越绝望，人类就越来越兴奋。终于，那锋利的剑锋抵达火麒麟头顶，火麒麟想要反抗，却感觉无法动弹，只能不甘地瞪着陆云，俨然一副不承认失败的样子。像是发现火麒麟不甘的心理，他体内竟然有汇集起一股灵气。感受到体内那股微弱的精神，火麒麟嘴角泛起一丝邪魅的弧度。那股灵气虽然微弱， 但对付现在的陆云绰绰有余。然而，就在火麒麟准备发动最后一击之际，就在所有异兽都绝望到极点，所有人类兴奋到极致的瞬间，陆云手中的气剑消失了。与此同时，陆云也是眼睛一闭，重重的摔落在地。哈哈，看来站到最后的还是火麒麟大人。嗷呜嗷呜，今天晚上我们又可以饱餐一顿了。有希，夏国的国运是我们的啦！哈哈哈。反观人类阵营这边。 一个个脸色苍白，最后绷着的一根弦也随着陆云落地的那一刻断裂了。呜、哦哦，怎么办？我还不想死啊！我还年轻，还没有享受人生啊！一瞬间，人类阵营这边哭声连连，就连李静怡也着急忙慌地无扫视着异兽那边。此时此刻，他需要一只强大的异兽来保护他。至于叶凝霜，在陆云倒地的瞬间，他便已经有了赴死的打算。他宁愿与陆云一起上路，也不愿意落到异兽手里。 哈哈，<laughs> 擂台上，火麒麟也是放声大笑，紧绷的神经在这一刻得到松弛。没想到吧，站到最后的是我。都说了，你们注定是螳臂挡车，做无谓的抵抗。接下来，去死吧！说着，火麒麟便汇集最后仅剩的灵气，打算朝着陆云发动最后一击致命的焚山逐海。第七十六章通关。只见火麒麟腮帮子鼓胀，全身灵气聚集在口中，只要松口。 那滔天火焰就能将陆云烧成灰烬。所有人看着这一幕，自然绝望到极致。他们此刻只是一个劲的懊悔：如果他们能团结一致对外，陆云百分百能够获胜。事实已经证明，只要陆云积分足够，是没有意外的。只可惜积分蒙蔽了他们的双眼，罗大友的 pull u 安与仇恨蒙蔽了他们的理智。如今落到这一步，全都是咎由自取。如果能重来，他们肯定全力支持陆云。然而，并没有重来。 此刻，他们只能接受命运这唯一的选择了。与此同时，一旁的叶凝霜注视着火麒麟的举动，只要对方发动的技能将陆云击杀，他便毫不犹豫抹了自己的脖子。哈、啊！终于，火麒麟紧闭的嘴巴张开了，刹那间，一股滔天烈火滚滚而出，就像是喷火筒里面喷出来的一样，朝牙舞爪朝着陆云身上席卷而去。胜利属于异兽！哈哈！火麒麟仰天长啸，肆无忌惮的大笑着。 你高兴的太早了！突然，还没等异兽阵营欢呼雀跃，一道清脆洪亮的声音响起。瞬间，一道圣光从天而降，照拂在陆云的身上。天使之心启动，陆云的身体贪婪的吸收着那道圣光。也就在同一时间，陆云突然起身，手中气剑再次出现，挥舞着手中气剑，陆云将即将靠近身体的火焰尽数逼了回去。轰，并且向其中倾注灵气。 瞬间火势大了无数倍，并且朝着火麒麟席卷而去。怕火你还敢玩火？真以为这样就能隐藏你的弱点吗？陆云一双冰冷的眸子注视着火麒麟，那火麒麟面如死灰，一脸的不可置信。这家伙是怎么知道自己害怕火的？眨眼间，火麒麟的身体被火龙完全吞没。吱吱吱！啊，这不可能！火烧蛋白质的声音夹杂着火麒麟愤怒不甘的吼声，充斥全场。不管是异兽还是倭国人，亦或是人类。 都听到了这声音，直到火麒麟声息全无，所有人都才反应过来。这一切发生的太快，结束的也太快，根本没有给他们做好准备的时间。最终，擂台上仅剩下一个身影，手持器剑，背负双翅，傲然直立。人类阵营此刻只感觉到那道身影犹如高山一般巍峨雄伟。就是那道身影成功守住了人类的最后防线。云哥哥威武！我要跟你深度契约。云哥，对不起，我们错了。 以前是我们太过偏见了，呜、哦！赢了，我们赢了，不用死了。从今天起，我的命就是我云哥的命。云公若不嫌弃，某愿拜公为义父，鞍前马后，在所不辞。人类阵营一阵欢愉，每个人都激动地庆祝着这一时刻。他们或感激，或感恩，或认错，都在这一刻将自己心声说了出来。同时，每个人的心里都将陆云奉若神明。没有陆云，就没有这次胜利。没有陆云。 他们就只能成为异兽的晚餐。是陆云独自一人将如此艰苦的任务扛在了他的肩膀上。李静怡双眼发亮，看着陆云的眼神就像看一件宝贝一样。他确定了，陆云的资质又回来了，并且比以前更强。这是属于他的陆云。回到南疆之后，他必须要抢回来。而一旁的叶凝霜此刻一把锋利的匕首正对着自己脖子上的大动脉，他到现在还以为这一切都是幻觉。陆云看着一脸坚毅的叶凝霜，也是笑着大声冲他说道。 喂，别想不开，咱们赢了。声音中气十足，根本不像是经历过一场苦战。这也多亏了上官清旭的第二个技能——天使之心。天使之心发动技能后，能瞬间恢复气灵师及气灵三分之二的状态，避免疫百分之九十的伤害。如果不是依靠着这个技能，陆云也不可能在那条火龙体内坚持那么久。如果没有这个技能，他也属实没有力气再发动最后一次攻击。这一波战斗，MVP 当属辅助位的上官清雪。听到陆云冲自己喊话。 叶凝霜这才放下匕首，狠狠的捏了自己大腿一下，嘶<死>，用力过度，有点疼。不过他脸上却很高兴，因为这意味着他不是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真实实的。看着陆云冲着自己微笑的脸庞，叶凝霜忍不住两行热泪滑落。这家伙坚强的令人心疼，明明所有人都不待见他，甚至有人还想要将他除掉，他都把副本通关作为自己的第一要务，这种精神值得自己付出所有一生追随。 此刻的上官清雪也退出了气灵模样，站在陆云身旁，双手挽着陆云的胳膊，朝着叶凝霜微笑示意。只是脸上的苍白令人心疼，显然这一仗他也是全力以赴了。此刻的上官清雪在所有人眼中已经化身成为一个仙女，谁能想象他跟着陆云对战火麒麟的时候到底承受了多大的压力？然而，李静怡看着挽着陆云胳膊的上官清雪，脸上却是闪露出一丝不愉快的表情。 这一刻，他已经接纳了陆云。陆云只能是他的器灵师，别人休想染指。只不过现场并没有谁去留意他。此刻的主角自然是擂台上的陆云与上官清雪。咚！一声洪亮的钟声响起，所有人都知道宇宙裁判要公布最后的结果了。此次副本通关阵营为人类阵营，所有异兽当场抹杀，掺和进副本的异族人由胜利方自行处置。现在开始结算，获胜者将获得异兽阵营所有积分。 一千零一，同时获胜者获得人类阵营积分四千零二十分，三分之二即为两千六百八十。此外，夏国南疆将获得气运加成，南疆范围内灵气涨幅两倍，出现天才地宝的几率提高百分之三十。最后，开始清算吧！宇宙裁判充满威严的声音响起，异兽们一脸绝望，一个个沉寂不说话，面如死灰，等待着他们最后的命运。而人类这边已然欢呼雀跃，现在别说是拿三分之二的积分给陆云。 就算让他们全部交给陆云，他们也心甘情愿。更何况南疆气运得到加持，完全是陆云一个人的功劳。这一次副本他们什么也没做，相反，他们还成了陆云的累赘。因此，所有人心中都有一个决定，那就是真的将自己所有的积分全部划给陆云，这是他应得的。突然，异兽阵营那边所有异兽瞬间消失不见，显然他们已经被宇宙裁判抹杀。唯一剩下的倭国人也有上百号人。 此刻看着陆云他们瑟瑟发抖。第七十七章，陆云，我接纳你了。撕啦一声清脆的玻璃破裂声响起，原本将人类与异兽阻隔在两边的那道天幕轰然裂开，直到化成无数星光点点，消散在这天地之间。唰啦啦，刹那间，所有夏国人猛地踏步上前，朝着陆云冲了过去。他们兴高采烈，手舞足蹈，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当。 一声尖锐的声音传来，一柄浑身紫金色的三叉两刃刀突的从天而降，横立在众人与陆云的中间，浑身散发出一股强劲的气息，那样子像是在向其他人宣示自己的主权一样。众人见状，也都纷纷识趣的止住了脚步。那三叉两刃刀这才恢复成叶凝霜模样，转头抱着陆云跟上官清雪就是一阵稀里哗啦。呜、哦，吓死我了！我以为再也看不到你们了，哭的那叫一个真情流露。 伤心难过，陆云与上官清雪相视一笑，随即上官清雪将叶凝霜揽入怀里，贴心安慰着。陆云则是走上前去查看火麒麟被烧成黑炭的尸体，突然，一个泛着青绿色光芒的东西映入陆云眼帘，伸出右手挥甩，火麒麟的尸体化作飞屑，随风飘散。一个像是碧绿水晶的莲台便出现在陆云眼前，晶莹剔透，一副浑然天成的样子。经过这么浓烈的大火烧灼，却相安无事。 肯定是个宝贝。陆云伸出右手，对着那莲台虚空一握，嗖！So, 混沌青莲台刹那间便出现在陆云手中。感受着里面浓郁的灵气，陆云先将其收入气灵空间。哇！Wow, 云哥你太帅了，我要给你生猴子。陆云才刚转身，所有人一拥而上，不由分说，托起陆云便朝空中抛去，落下抛起，落下抛起，一连重复了好几次。好了，人家陆云刚经历一场苦战，别给颠坏了。 直到叶凝霜喊了一声，这才停了下来。所有人饶有兴致地看着叶凝霜，脸上流露出会意的笑容。叶凝霜没有理会，走到陆云跟前，态度坚定地开口说道：“陆云，这些积分本来就是你给我的，我现在全部给你。你不要误会，我没别的意思，只是这些积分都是你努力得到的，我受之有愧。”说着，就准备将积分划给陆云。其他人见状，也都争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积分划给陆云。 比起结交这么一个击杀十阶异兽的存在，他们认为这点积分不算什么。见状，陆云笑着看向众人，朗声开口：“我的积分已经够用了，你们就留着自己用吧。”随即看着一脸诚意满满的叶凝霜：“你把积分都给我了，怎么提升你自己啊？难不成你想拖你清雪姐的后腿？”言外之意不言而喻。感受到叶凝霜的对自己的真诚，陆云决定带着他混，就算不契约，也好比他单打独斗要强。 那叶凝霜听着这话，心中顿时欣喜若狂，双手拉着上官清雪的手，开心的直蹦跶。在场众人也都为陆云的大方感到钦佩，瞬间一个个有些惭愧的埋下了头。见此情形，陆云淡然一笑，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以后大家一起齐心协力，共同抵御异兽。听他这么一说，大家心里的负罪感才松缓许多。陆云<鱼>这时，一道清脆香甜的声音响起，众人闻声望去，竟然是李静怡。 只见他径直走到陆云跟前，紧咬着嘴唇，心里似乎在权衡什么。陆云看着突然出现在自己跟前的李静怡，也是好心情瞬间没了大半。有事说事，没事别在这碍眼。听到陆云的不耐烦，李静怡像是做了什么重大决定一样：“陆云，我接纳你了，我们也深度契约吧。”这话一出口，差点没把陆云给呛住，就连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切了一声。上官清雪更是直接走到陆云身旁，厉声呵斥着。 你有什么脸面回来陆云的身边？现在陆云可不缺女人，你少在这丢人现眼。之前李静怡与陆云解除契约的时候，上官清雪也是看在眼里的。对于他这种朝三暮四的行为，上官清雪本就不耻，更何况现在自己还是陆云的女人，怎么能够容忍李静怡这样的狐狸精在陆云跟前搔首弄姿？谁料李静怡当即就不乐意了：“我是陆云第一个契约的女人，你不过是后面来的，谁知道你用了什么手段，竟然抢着跟他深度契约？” 你才丢人现眼，你才不要脸！啪！李静怡话音刚落，叶凝霜就冲上前去，甩了李静怡一巴掌。两姓家奴也配在这里叫嚣？这种女人站在陆云跟前，叶凝霜都觉得脏，更何况李静怡还敢当着她的面辱骂上官清雪，这是她不能容忍的。你敢打我？李静怡捂着脸，面红耳赤地瞪着叶凝霜。你一个没有契约都倒贴的烂货，凭什么打我？啪！ 又是一声清脆的巴掌声，叶凝霜直接把李静怡打翻在地。打你怎么着？有能耐打回来啊！跟个母狗一样叫嚣，谁惯着你了？不得不说，这叶凝霜脾气还真暴躁。倒在地上的李静怡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一脸委屈的看向陆云云。我知道你心里还有我，让我们重新开始，可以吗？打是肯定不会打叶凝霜的。李静怡找准主要目标，继续猛攻。我心里有你。陆云听到李静怡的话。 也是忍不住想笑，这家伙哪里来的自信？谁料李静怡却使劲点头，趁热打铁：“你要是心里没有我，之前就把我杀了。既然你不杀我，不是说明你心里放不下我吗？”闻言，陆云这才反应过来，原来李静怡的自信是来源于之前自己饶她一命。你想多了，我不杀你是因为我不屑于杀女人，还有杀你的话脏了我的手。你记住了，我现在已经有器灵了。 她就是上官清雪，是你一百个李静怡都比不了的女人。滚吧！看到你我只会感到恶心。说着，便转身朝着倭国人走去。这群小鬼子竟然敢窃取夏国的国运，不管是否成功，都该死。第七十八章变异品种。呸！清雪姐姐，我们走。叶凝霜啐了一口唾沫，挽着上官清雪的胳膊，看也不看李静怡，往陆云方向走去。其他人也是纷纷朝着李静怡鄙夷的看了一眼。 随后就跟了上去。这种女人除了资质稍微亮眼一点，其他的一无是处。看着渐行渐远的人们，李静怡羞愤不已。这是她与陆云认识以来做的最大的一次让步。以前的陆云求着拉自己的手，自己都不给他机会。今天自己主动送上门，他竟然敢拒绝我，这就不说了，还放任上官清雪跟叶凝霜欺负自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着吧，看着吧，你就继续嘚瑟吧。等到副本结束。 自己一定要找到王家、跟秦家，还有李校长，将陆云的一切告诉给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好过。就在李静怡愤懑不平之际，一道倩影走到他的跟前，正是林巧巧，他们班的老师。看着渐渐远去的人们的背影，林巧巧一脸怅然，蹲下身子将李静怡轻轻扶起。走吧，这里没有我们的一席之地了。在看到陆云默默将副本的最后一道防线抗在自己肩上之后，林巧巧心中已然明了，他们没有资格待在陆云的身边。 李静怡不知道林巧巧心中所想，以为他是说陆云的势利眼，点了点头，跟着林巧巧率先选择退出了副本。好在罗大友之前分了他一些积分，出去以后也能将自己的阶位跟资质提升一个档次，到时候自己也是四阶 S 级的器灵了。这次副本也不算白来。与此同时，陆云率领着上千号夏国人，没一会儿，他们便来到倭国人的面前。只见一个穿着休闲西装、身材矮小。 头上顶着两片瓦的小鬼子看着陆云他们一脸讪笑：“我们都是人类，并且咱们倭国和你们夏国也算是近邻。既然大家在副本里面相见，那就是缘分，没必要非要弄得你死我活啊！那样一来就削弱了我们人类自身的力量了，占便宜的还是异兽啊！看在大家都是同类的份上，您就放我们一条生路吧。”听他这么一说，其他倭国人都来劲了，一个个争先恐后，姿态谦卑的朝陆云他们说着：“是啊，小兄弟。” 咱们都是大大的一家人啊，切不可同室操戈啊！你们要是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器灵陪你们深入交流。我们倭国的器灵可都是经老师专业训练过的，对于深度契约的知识了解的极为透彻。是啊，是啊，小哥哥，我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什么姿势都会哦。只要你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一定会让你受益匪浅的。一时间，在场的倭国人都绞尽脑汁，想要跟陆云祈求一条生路。然而， 纵使那些气灵一个个花枝招展、婀娜多姿，在场的夏国人却都是一副淡然模样，对此嗤之以鼻。陆云同样是一副不以为然的样子，看着那个两片瓦，淡漠的声音响起：“你们是剖腹自尽，还是让我送你们上路？”显然，陆云并不打算放过这些人。如果今天副本擂台获胜的是火麒麟，这些倭国人同样不会放过他们。非但如此，这些倭国人还会窃取夏国的气运。如此胆大包天！ 陆云岂会饶了他们？听到陆云的话，倭国人人群中骚乱不已，一个个脸上充斥着绝望的表情。尤其是那些弃灵，此刻已然是花容失色、担惊受怕的模样。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陆云冷漠的声音再次响起。倭国人的血很脏，最好的方式就是让他们剖腹自尽。呵呵，哈哈！谁料，倭国人人群中一道疯狂的笑声突兀响起。听着这突如其来的笑声，陆云也是心生疑惑。 抬眼望去，只看到一个身披武士服、头顶梳了个发揪的胖子在人群中放肆大笑。感受到陆云的目光投射过来，那人拨开人群，顺着陆云的眼光来到众人前面，与陆云对峙而立。八格牙路！区区下国，毫无底蕴，竟然敢在此大放厥词！劝你识相点，乖乖让我们离开，否则你到时候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此话一出，全场哗然。这家伙是什么鬼？他竟然敢这样对陆云说话！ 难道他忘了刚才火麒麟的下场了吗？就连他身后的倭国人也是一个个面露不解之色。冈村次郎，别在这儿捣乱，赶紧回去！两片娃有些不乐意地训斥着这个倭国人，看上去神情有些焦急的样子。八嘎，这都什么时候了？难道让我们坐以待毙吗？不，与其坐以待毙，不去放手一搏，杀出一条血路！说罢，冈村次郎面目狰狞的瞪着陆云。见此情形，上官清雪与叶凝霜踏步上前，分别立于陆云左右身侧。 随时准备好化身器灵，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陆云没有说话，只是目光凛然地注视着冈村次郎。从他的体内，陆云感受到了一股诡异的力量，并且从刚才那个两片瓦的表现中可以看出，他们像是在隐藏什么秘密一样。冈村次郎看见陆云这副模样，脸上更加得意。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否则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两只手环抱于自己肥胖的胸前，一副志在必得、掌控一切的姿态。只是他并不知道。 此刻他的所有信息都已然被陆云掌握。一人名称：冈村次郎。一人资质：三阶 A 级。天赋技能：滚辣肉蛋。滚辣肉蛋，以身体化作肉身炮弹攻击敌人。战斗技能：排山倒海、过肩摔。排山倒海，超敌人发动气浪攻击，狂风凌冽将敌人撕成碎片。过肩摔，快速出现在敌人身旁，将敌人摔入自己排山倒海技能范围。一人武器：无，变异等级： 十四阶 S S 级，变异路线：巨人、兽人、巨兽人、狂狮。致命弱点：利用异兽的变异药剂拔苗助长。十三阶 S 级可越级击杀。将所有信息浏览完毕，陆云也是忍不住笑了。这家伙竟然是个变异品种。第七十九章，就这，所谓变异品种，陆云也是第一次遇到。通过系统面板看到的信息，对方是服用了异兽研制的变异药水成长起来的，实力看上去很吓人。 不过却是拔苗助长的方式，尤为虚浮。陆云注视着冈村次郎，一声浅笑：“十四阶 S S 级，就是你叫嚣的底气吗？”闻言，众人顿感震惊。这家伙竟然是十四阶 S S 级的气灵师！没想到倭国人竟然安插了这么一个妖孽级的存在进入到副本里，这可有点难办啊！难道只能任由他们离开吗？一瞬间，一众夏国人脸上的表情变得有些凝重。冈村次郎没有说话，脸上闪过一丝惊疑之色。 显然，陆云一眼就将他的底细看穿，让他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不过，看到夏国人一个个变得凝重的表情，他并不慌张，反而脸上的表情更为得意。没错，十四阶比起十阶，那可是天差地别。哈哈，怕了吧？怕了的话，我们就走了，免得吓死你。哈哈，狂笑，肆无忌惮的狂笑。就连刚刚拼命祈求的倭国人，也因为冈村次郎的出现变得自信起来。 还好冈村次郎提前服用了异兽研制的药水，提升了实力，不然的话，还真被这群下国病夫给吓着了。有些某些人给他点阳光，他就灿烂，完全就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呸！真不要脸！这回看他还怎么得瑟！倭国人的自信回来了。对此，陆云不屑一顾。既然你就是他们最大的倚仗，那我就先从你开始吧。听到陆云的话，上官清雪与野凝霜瞬间就准备化作气灵状态。不用。 然而却被陆云阻止了。对付一个变异品种而已，他自己就能轻松搞定。哈哈，陆云的举动引起了岗村次郎的哈哈大笑。区区九阶也敢与日月争辉，找死！倭国人也笑了，这陆云太自不量力了，真以为十四阶的岗村次郎是十阶的火麒麟吗？看着倭国人肆无忌惮的笑，夏国人这边有点慌了，毕竟相差五个阶位，着实让他们感到担忧。然而。 陆云却是似笑非笑的看着冈村次郎，谁告诉你我只有九阶的？话音刚落，飒飒飒飒，接连四股气浪从陆云身上散发出来，席卷众人而去。刷刷刷，所有人只感到强风掠过自己的身体，吹得身上衣衫呼呼作响。除此之外，他们还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感，盘踞在自己的头顶，犹如泰山压顶般，令他们差点喘不过气。与此同时， 苍穹之上，一道七彩光芒落下，将陆云的身体完全笼罩在其中。漫天云彩飘动，缓缓凝聚在一起，像是要朝拜他们的王一样。查找陆云上方的天空汇集，这是阶位突破引发的异象。天呐，撸云哥就是帅，一口气连续突破四个阶位，也就是说，我云哥现在是十三阶气灵师了。嗯，别忘了副本奖励现在可以自由兑换了。一时间，所有夏国人喜笑颜开。陆云的突破，无异于增加了获胜的筹码。 刚才陆云不就凭借着九阶实力将十阶的火麒麟斩杀的吗？刹那间，所有人紧绷着的那根弦终于是松了下来。然而，对于陆云的突破，冈村次郎却不以为然。十个十三阶也不是一个十四阶的对手，更何况只有他陆云一个。就在冈村次郎想象着陆云被自己击败，他带领着所有倭国人离开副本的场景，冈村次郎一阵得意。那样一来，自己将会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然而。 就在冈村次郎幻想着自己胜利回归的时候，对于那冰冷没有温度的声音再次响起：“看在你这么拼命的份上，我就让你先出招吧，不然我一出手，你连表演的机会都没有了。”闻言，倭国人都笑了。陆云说这话不是自寻死路吗？早点放他们离开，不就没有这档子事了吗？愚蠢，死要面子活受罪。那冈村次郎也笑了。原来这个家伙竟然愚蠢到这个地步。也罢。 既然如此，自己就顺势出收，让他看看，人与人之间也是存在着差距的。八嘎，找死！冈村次郎一声怒吼，浑身气息暴涨。那些倭国人见状，纷纷将身体后撤两步，给冈村次郎腾空间。轰！冈村次郎不甘示弱，也是散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浪，朝着四周人群席卷而去。刹那间，倭国人那边人仰马翻，不过他们却是开心的。 大抵是因为他们感受到了冈村次郎的强大，一个个脸上露出扭曲的笑容，看着陆云他们。然而，这一看，他们笑不出来了。只见陆云轻轻挥手，就将冈村次郎的气劲给抵消了。冈村次郎那强大的气劲，犹如一阵清风徐徐，对于陆云他们一点答应都没有。就这，陆云浅浅一笑，显然完全不将冈村次郎放在眼里。果然，科要提升的实力不值一提，这种拔苗助长的方式。 怎么能跟稳扎稳打的成长相提并论？呵！陆云暴喝一声，将那冈村次郎身上发出的气势全部反弹了回去。砰！一瞬间，所有气浪全部反弹到冈村次郎的身上，发出一阵阵如同哑炮一样沉闷的声响。那冈村次郎也是吃不消这股力量，浑身七扭八歪，像是触电一样，口中不时发出一道道闷哼声。直到最后，他自己释放出来的气劲全数反弹到他的身上，他这才双脚发软。 瘫倒在地，切人陆云还没出手，他就先跪地求饶。就这，云哥一谈，冈村完完，哈哈。倭国的十四阶真的是十四阶吗？所有夏国人看着这一幕，也是露出了不屑的表情。此时的冈村次郎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跳梁小丑一样。那些倭国人看着倒地的冈村次郎，哑巴了，脸上不可置信的表情，表述着他们心里的震撼。冈村次郎不是十四阶 S S 级的强者吗？怎么能这么弱不禁风？ 突然，八嘎！或许是因为他人的看不起，冈村次郎激活了仇恨的力量，猛地跳起，冰冷的目光扫视着全场夏国人，最终落到陆云的身上，一副蓄势待发的样子。第八十章，巧了，滚辣肉蛋，发动！冈村次郎大喊一声，随即身体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膨胀，脸上的表情也变得狰狞可怖。所有人看到这一幕，都纷纷退让开来。倭国人们一个个脸上露出兴奋的表情。 有希，冈村这家伙要发动攻击了！干吧爹，一锤锤死这群下国病夫！哈哈，女的留着，我们带回去当老师。他们一个个都笑了，看向陆云他们的眼神满是玩味跟嘲讽。这群下国的蠢货，千不该万不该，不该招惹他们的。随着冈村次郎的身体不断变得膨胀，身上散发出来的气势也越来越浓烈。唰啦啦，刹那间，一阵狂风袭来，所有人衣服被吹得沙沙作响。 所有人看着眼前有五六层楼高的冈村次郎，一个个都感到一股无形的压迫感，压得自己喘不过气。夏国人这边也是笑不出来了，看着那偌大的冈村次郎，只感到头皮发麻。站在人群前面的陆云反倒是一点都不慌。凝霜，把那个死亡镰刀借我用一下。嗯。闻言，叶凝霜赶紧将死亡镰刀取出来递给陆云。你们注意点，别让这家伙的血溅到你们身上。陆云说着，踏步上前。 独自面对变得老大的冈村次郎，上官清雪跟叶凝霜听到陆云的话，也是纷纷往后退去，并且周身灵力炸起，做好防御的同时，也能根据陆云的战斗情况，决定要不要出手相助。所有人盯着陆云手里那把黑漆漆的死亡镰刀，也是显得有些茫然。这东西靠谱吗？就连那群小鬼子也是笑得不行。就这就这，哈哈，全身黑漆漆的，没一点光泽，看上去就知道锈得不行。 这东西拿回去割草都成问题，他竟然想用它来对付我们的冈村次郎！呸，异想天开！一般的武器上面都是有灵气波动的，灵气波动越浓烈，就说明这把武器的等级越高，杀伤力也就越强。而陆云现在手上这把镰刀却是一点灵气波动都没有，就像是一坨黑漆漆的废铁，毛用没有！哈哈，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能阻止我的话，你未免太过天真了。 从他脸上得意的表情不难看出，显然没有将陆云和死亡镰刀放在眼里。果然，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奋力抵抗，给自己和同伴们杀出一条血路。呵，陆云轻笑，有没有用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言语神情之间尽显轻松自然，同样没把冈村次郎放在眼里。嗯，沉吟一声，冈村次郎看着陆云的眼睛，迸射出两道寒芒。这家伙竟然不把自己放在眼里。 该死，八嘎牙路！你低死啦死啦的！一声怒吼，一股强大的气劲，飓风一般从他的口中席卷众人而去。陆云捂着口鼻，眉头微蹙，真臭，那不是一般的臭，就像是下水道里涌出的脏水一样。哎呀呀，八嘎牙路！冈村次郎生气了，一个弹射起步，轰！巨大的肉球冲天而起，竟然发出一对音爆的声音。动手了，动手了！冈村次郎出手了，尤西。 让那个不知死活的蠢猪小看我们，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冈村先生加油！今晚我们跟你深入交流。么么哒！倭国人那边不管是男的女的，此刻都显得兴奋异常。只看到冈村次郎的肉弹飞到天空之中，大概五百米的距离便静止不动，宛如一颗浑身漆黑的铁疙瘩一样。死来！随着他怒吼一声，轰！一股强大的气劲席卷四周，沙沙沙！顿时地面上雪花飞舞。 干涸的枯枝抖动招展，所有人纷纷将视线转到一旁，以避免正面接触这呼呼作响的烈风。突然，那颗铁疙瘩咻的一声，快速朝着陆云轰砸而去。大了，大了！快看，冈村先生越来越大了！一道倭国女人的欢呼声响起，刹那间，所有倭国人都兴高采烈。这么大一颗肉蛋砸下来，别说陆云了，就连那些他身后的家伙也难以幸免。所有倭国人眼中露出兴奋期待的神色。 期待着那颗肉蛋马上就落到陆云他们的身上，那将是多么炫目多彩的画面啊！看着越来越近、逐渐变大的肉蛋，感受着对方身上传来的庞大气劲，陆云身后的人们也是有些担忧。这可是十四阶 S S 级的变异品种，陆云能搞得定吗？就在他们疑惑之间，轰！陆云手持死亡镰刀冲天而起，目标直指天空中的巨大肉蛋。一时间，陆云那渺小的身躯跟那颗巨大的肉蛋形成鲜明的对比。 就像是一颗微不足道小行星朝着一颗充满能量的大恒星撞过去那般，看着这一幕，上官清雪与叶凝霜目不转睛，峨眉微蹙。那冲上去的是他们心里最在意的人，如此情形不免心中感到有些担忧。身旁的其他人也是，虽然脸上平静，但眼神里面都充斥着担心。都知道陆云九阶越级击杀十阶的火麒麟，但再来一次，他们心里多少也有些狐疑不定。反观倭国人这边，一个个都显得轻松惬意。 在他们眼里，此刻的陆云就像是一只渺小的苍蝇。冈村次郎的肉蛋，正如那硕大泛着火焰岩浆的太阳。陆云的这一举动，不能说是飞蛾扑火，只能说是自寻死路。就连那庞大肉蛋上裸露出来的脸皮也笑了，笑得狰狞，笑得猖狂，笑得可怖。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愚蠢到自寻死路的人？小子，我的身体是经过变异培养的，除了极品以上品质的武器。 别的武器在我面前都是破铜烂铁，哈哈！显然他并不认为陆云手里那一把平庸无奇的镰刀会是极品武器，看那样子，顶多就是别人用来玩 cosplay 的道具。陆云看着一脸猖狂得意的冈村次郎，嘴角泛起一丝邪魅的弧度。这虽然不是极品武器，但是对付你足够了。的确，死亡镰刀不是极品武器，而是上品灵器。第八十一章，希望你还笑得出来。说着。 握着死亡镰刀的右手稍稍发力，轰！刹那间，一道莫名的音爆声响起，所有人将目光注视在陆云身上。只见他手中的镰刀竟然散发出一股肉眼可见的涟漪，不但如此，原本平淡无奇的镰刀上，此刻黑气缠绕，浓雾滚滚，那副模样比起真正死神手里握着的那一把，还要森然恐怖。瞬间，一股无形的压迫感犹如泰山压顶般压在每个人心头，所有人都感到如芒在背。 毛骨悚然！这上品灵器，叶凝霜一双卡姿兰大眼瞪得老大。闻言，上官清雪微微点头。原本这把武器到陆云手里的时候是极品武器，但是经过陆云两天时间的琢磨，它的品质已经提升到上品灵气。四得到上官清雪肯定的答复，叶凝霜忍不住倒吸一口冷气。之前陆云将这把死亡镰刀交给他的时候，他并没有去细看，将他收到自己的储物空间，就关注擂台上的对决了。 本以为陆云送给自己炼化的最多也就是一些精品武器之类的，没想到竟然是极品武器，这也太奢侈了吧！武器等级的划分由低到高分别是普通、良品、上品、精品、极品、上品灵器、精品灵器、极品灵器、圣器九个等级，分别对应器灵的 F、E、D、C、B、A、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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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九个资质等级。叶凝霜望着天上落云的身影，心里感动得一塌糊涂。 与此不同，倭国人那边在听到陆云手里的镰刀是上品灵器以后，一个个瞬间面容失色，看向冈村次郎的眼神布满了担忧。同样，冈村次郎此刻的眼神也是错愕不已，目光落在那黑烟滚,滚滚的死亡镰刀上面，他竟然感受到了一股死亡袭来的恐惧，这不免令他感到有些害怕。冈村先生，请你一定要加油，我们等你交流战斗经验。干妈爹，冈村先生，你一定可以的，展示出你最男人的一面。 将这个坏人碾压成碎片吧！一旁的倭国老师们一个个花枝招展，用各种风味的语气给冈村次郎加油打气。现在，他们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冈村次郎的身上。他们可不想真的跟这些夏国器灵师去深入交流。夏国啥也没有，跟自己的大倭国完全没得比。这一招果然有效，空中的冈村次郎也是莫名来了勇气，一阵大笑。极品武器就像是奇珍异宝，极为罕见。 你随便掏出一把镰刀就说是极品武器，吓唬谁呢？此刻他萌生了一个念头，那就是这把镰刀根本不可能是极品武器，本来就黑漆漆的一块破铜烂铁，怎么可能会是极品武器呢？还是赶紧解决战斗，去和那些美女器灵们深入交流才是正事。游戏爽歪歪！想到这里，冈村次郎的脸上露出淫荡的笑容。看着一副自以为是的冈村次郎，陆云也懒得多说。s o、so, 加快自身马力。 向冈村次郎激射而去，眨眼间，陆云已经逼近冈村次郎。天空中二人的距离越来越近，直到最后，在即将接触的那一刹那，地面上所有人都揪着一颗心。他们心里都清楚，这一次撞击决定着两拨人的生死命运。哼，找死！看着犹如飞蛾扑火而来的陆云，冈村次郎脸上露出不屑一顾的表情，随即运转周身灵气，打算将这个不知死活的陆云活生生给撞死。陆云脸色平静。 手中死亡镰刀却是抡了几圈，嗖嗖嗖，呼呼呼。随着死亡镰刀的轮转，天空中传来一阵阵气流呼呼作响的声音，所有人的心脏都被这声音给牵动着。距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终于，二人如同地面相遇般面对面，仅有一米的距离。陆云眼疾手快，手握死亡镰刀，冲着迎面而来的冈村次郎甩劈过去。当一声金属碰撞的声音响彻天际。 所有人目光寸步不移地注视着天空中二人的身上。滋啦啦！随着陆云手中的死亡镰刀划过冈村次郎的身体，一道道亮眼的火花迸现在死亡镰刀与冈村身体接触过的地方。那么硬吗？好硬！上官清雪与叶凝霜望着天空中的情景，忍不住低声喃喃。身后的夏国人们眼中也露出惊疑的神情。那硬度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想象。倭国人这边，所有人目露金光，一脸欣喜。 尤其是那些气灵，一个个笑靥如花。冈村先生好勇猛，好硬哦！有西真是忍不住，现在就想和冈村先生好好交流了呢。干吧，爹冈村先生，我们在等你，期待着你。作为硬化软件工程师的倭国老师，自然是喜欢越坚挺、越坚硬的气灵师。即使冈村次郎现在非人非兽，他们也不在意。对他们来说，坚硬就好。空中的冈村次郎也是一脸得意，哈哈！你个大八嘎！我都说了，我很硬的。 你这把破铜烂铁，留着回家割猪草吧。言语神情之间，尽显得意猖狂。要不是那把镰刀劈在自己身上毫无反应，自己还真就相信了那是一把极品武器。现在，呵呵，吓老子一跳。看着对方一脸得意的样子，陆云也是微微一笑。希望一会儿你还能笑得出来。陆云不过是在寻找对方身体上的薄弱点而已。只不过冈村次郎却不以为然，哈哈。突然。 冈村次郎的笑声戛然而止，他感受到了身体某个被死亡镰刀触碰到的部位传来敏锐的危机感。继续笑，陆云似笑非笑地看着冈村次郎，右手猛地用劲，亚麻袋。冈村次郎想要制止，然而一切都晚了，一股冰凉刺入体内，随后麻木毫无反应。片刻之后，一阵刺痛的感觉传遍身上每一根神经。啊！冈村次郎一声惨叫响彻天际，血液像是雨点一般从天而降。 陆云见状，抽出冈村体内的镰刀，身体向后掠去。接下来将是一场绚烂夺目的视觉盛宴。